孟唐是个温婉大方的皇后，不争不抢，一朵屹立在后宫的真白莲，所有人都这么觉得，暴君也这么觉得。他那妃，他笑着恭喜，并安排新妃侍寝。他送来补药，他明知是避子药，却乖顺服下。他就急发作头痛难忍，他用自己心头血为引，为他止痛。他问他，你怎么这么好？他面上温婉，能为陛下分忧，是臣妾荣幸。直到叛军攻城，他在城楼纵身一跃，以身殉城，平定叛乱，刷满暴君好感。孟唐死遁成功，功成身退，暴君抱着他的尸体。 跪在地上哭红了眼，紫瞳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孟棠看见这一幕，内心毫无波动，虐吗？我演的，真当世界上有那种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真白莲啊！陛下，妾身疼。男人大掌轻抚她的面颊，声音低沉磁性，怎么过了这么久，还是受不住？孟棠指尖几乎掐进男人的后背，在那宽阔坚硬的脊背上留下一道道深重的划痕。楚一低下头，对准那诱人的红唇吻了下去。他低声道，不许喊痛，这是朕给予你的恩宠，旁人想要都得不到。 这恩宠太折磨人，孟唐并不想要。每个月十五、十六是皇后固定侍寝的日子，金盖儿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明明没轮到孟唐侍寝，楚艺也不翻旁人牌子，直接来了他寝宫，这可让孟唐头疼坏了。他一点也不想侍寝，楚艺年少精力旺盛，每次都要闹他整整一晚，他真的受不住。待到第二天后，腰酸背痛下不来床。侍寝是门苦活，谁是谁知道？只有后宫那群蔫酸吃醋的嫔妃们才会对此乐此不疲。陛下不要了，孟唐眼角蔓延处阵阵红意，明艳逼人。紫瞳，朕想要。 你就得给，这天下都是朕的，你也是朕的。话落，帷帐落下，被翻红了。陛下，陛下！寝<下>殿外，一公公跪在门前，哭着叫道：“萧妃娘娘突发恶疾，身子抱恙，请您去瞧瞧。”坤宁宫掌事大宫女不悦道：“身子抱恙就去找太医，难不成陛下还能给萧妃看诊不成？”方宁姑姑这说的什么话？咱娘娘分明是怕自己撑不过今晚，着急想看陛下最后一眼。方宁冷冷勾起唇角，她道。 这后宫谁人不知？他萧妃三天一小病，五天一大病。若当晚是那些位分小的嫔妃侍寝，则必定会用身子抱恙的缘由把陛下请走。怎么，如今萧妃是不满一月三十日有二十八日是她侍寝了，连皇后娘娘的都敢抢？小公公哭丧着一张脸，他说：“真是冤枉啊！咱们主子是真的病了，否则这大半夜也不能来惊扰了陛下和娘娘啊。”小公公是玉华宫新来的下人，玉华宫便是萧妃的居所。小公公一心想往上爬，因此殷勤的替萧妃办事。然而他有所不知。 咱们这位陛下性情最是诡谲难测，一个不顺心便将人赐死。就连前朝的大臣们对陛下也是噤若寒蝉，生怕陛下一个不如意把自己拖下去斩了。陛下不是没干过这事儿，朝堂上被陛下下令拖下去斩了的朝臣，两只手数不过来。更有甚者，陛下怒急，亲自一剑将人砍死也不是没有的事。满宫上下对陛下皆是战战兢兢，因此这来请陛下去玉华宫的事，才落到这新来的小公公头上。只因有点眼色的奴才都不敢直面圣言。再说了，今日又不是十五十六。 本也不是皇后娘娘事情，小公公这话多少有点阴阳怪气。之所以这小公公敢这么说，只是因为满宫都知皇后最是温婉良善，从来不争不抢，对下人也是宽厚仁善，从未有过责罚下人的举措，是这后宫唯一的与世无争之人。平素最爱礼佛，超然物外。方宁气急，正要呵斥，只听吱呀一声，寝殿大门被人由内而外的打开。厨艺一身明黄，头发散披在肩头，冷冷瞧着面前的小公公。小公公不由得颤抖，伏下身子，惶恐道：“陛下。” 萧妃娘娘身子不适，想见陛下一面。男人声音带着情欲过后的沙哑，抬起头来。小公公战战兢兢的抬起头，一双眼睛又惊又惧。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圣颜。圣上有着一副俊美风流的好相貌。男人鬓角被汗液染湿，眼角还带着情欲的绯红，这副模样和传闻中的暴君实在相差甚远。瞧着倒像是哪家金贵俊俏的小郎君。小公公深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惊扰了陛下是奴才的不是，只因萧妃娘娘病情严重，奴才不得已不得已才来请陛下过去瞧瞧。” 方宁已经默默退到了一旁去。这些年来争风吃醋的他没少见，用这种拙劣理由争宠的更是数不胜数。这萧妃仗着家中军功赫赫，进宫才一月有余，便已经将后宫扰得不得安宁。家世是顶好的，可惜人是顶蠢的。这小公公怕是活不过今晚。果然，只听陛下充满冷意的声音传来：“先前你说今日不是十五十六。”听到这话，小公公脸色霎时白了。楚意冷冷勾唇，他道：“怎么？朕宠爱自己的皇后，难不成还得挑日子？”楚意抬脚，一脚。 将那小公公踹翻在地，小公公见此，连忙磕头请罪，那头磕在地面上一阵砰砰巨响，霎时一脑门子血。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啊！奴才，奴才不是那个意思，是奴才情急之下口不择言了。只是萧妃娘娘实在病得太重，奴才心中着急，这才，这才说出那等大逆不道之话。奴才错了，奴才真的错了，奴才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你还想下次？男人眸中浮现出一阵厌烦，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这小公公。 薄唇冷冷吐出几个字来：“拖下去，杖毙。”方宁唇角缓缓勾起，露出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来。而那小公公此刻已经被吓得屁滚尿流了，他煞白着一张脸，大叫道：“奴才错了，奴才真的知错了。拖远一点，别惊扰了皇后。”是，陛下。两个公公上前，将小公公往坤宁宫外拖去。等出了坤宁宫的门，其中一个公公附在小公公耳边，轻声道：“你以为为何他们玉华宫的会派你一个没有后台的新人来请陛下？” 小公公哆嗦了一下，那公公哈哈大笑道：“这已经是这个月第八个了，你应该庆幸，起码你临死前见到了陛下的圣颜。前面几个连圣颜都没见着呢。”话语声渐行渐远。寝殿内，孟堂疲惫地撑着身子起身，问：“怎么了？何事这般喧哗？”楚意转过身，大步流星地走来，捧着孟堂的小脸，在他朱唇上吻了一下，说：“没什么，你好生歇着。”孟堂小手拽住他衣摆，怯生生问：“陛下去哪？今晚不坐在妾身这儿了吗？”楚意拍了拍他的手。 萧妃又耍小性子，朕去瞧瞧。孟堂沉默，脸眸片刻后，他唇边溢出浅浅的笑，说：“好，陛下快去吧，莫要让妹妹久等了。臣妾身子乏，就不送了。”他眼底露出的凄楚，令男人怜惜。男人掌心轻轻蹭着他的小脸，心想再等等，现在还不是处置萧妃的时候，要不了多久了，不要多想。梓潼，朕会再来看你。他小脸乖巧的在皇帝掌心蹭了蹭，道：“臣妾晓得的，陛下快去吧，臣妾理解您。”楚意起身朝外走去，孟堂睁着眼。 看着楚艺脑门上的好感进度条，好感值三十八。38, 孟堂刷了七年好感，也才刷到三十八，满值一百，连及格都不曾。等到皇帝彻底离开，方宁便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，快步走了进来。娘娘，这是陛下派人送来的补药，您快趁热喝下。孟堂接过，这药入口苦涩，孟堂皱着眉头咽下。方宁笑道：“陛下待您是真的好，每回侍寝完都会送来补药，祝您早日怀上龙种，待他好。”孟堂轻蔑一笑，这药名义上是补药，实为避子药，这是生怕他怀上呢。 当然，孟唐也根本不想怀。即便皇帝不送来补药，孟唐也会自己想法子避孕。他对楚艺有的也只是虚情假意罢了。楚艺对他恐怕也没有多少情分在，看他不曾及格的好感之知，便知虚假夫妻逢场作戏，谁也别说谁。楚艺在他床上时是他孟唐的夫君，上了旁人的床，自然也成了旁人的夫君。孟唐哪敢对这样的人付出真情，甚至为他孕子。吃了一口蜜饯，等嘴里那口苦味散了，孟唐温声细语的开口：“是挺好，陛下待我已成，我便已成还之，还知。” 方宁觉得近日娘娘和陛下着实恩爱，想来要不了多久就能有小太子了。孟唐睨了他一眼，挥了挥手道：“下去吧。”孟唐在十八岁时穿来了这个世界，被破绑在暴君身边。与旁人不同，他穿过来后没有系统，只有楚一身上存在一根进度条，那是好感进度条。他盲猜他得刷满这根进度条，才有希望回去。在楚一身边受搓磨七年，楚一是个难伺候的人。前七年那进度条涨涨跌跌，加一，一重复循环，太过跋扈，好感一，占有欲太强。 好感一爱哭，好感一穿紫衣，好感一剪好感的理由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不敢剪的，千奇百怪，换着花式的剪。到了近两年，孟唐才彻底摸清楚楚的喜好，辛辛苦苦把好感值拉到了三十八。楚艺就喜欢不争不抢、温婉大方的真白莲，所以孟唐只需扮演好这个真白莲就行。但在后宫生存，若真是那种不争不抢的性子，怎能活到现在？他得争，得抢，只不过不能叫楚艺发觉，真白莲的人设不能在楚艺面前崩掉。 否则，这三十八好感只怕一息就能回到解放前。孟堂闭上眼，躺在床上，回想起楚意离开前曾说的他会再来看他。他希望楚意今晚不要来了，他想睡个好觉，祈祷萧妃能够给力点，勾住楚意一整晚，这样他就不用半夜还加班了。萧妃不是个给力的，在楚意看不到的地方，他做天做地；然而真到了楚意面前，却连个屁也不敢放。当然，连个屁也不敢放，这点不止萧妃，恐怕满宫人加上朝堂群臣皆是如此。妾身见过陛下，萧妃向着楚意行礼，身姿羸弱。 楚楚可怜，玉华宫内灯火通明，照清了楚意脸上的冷意。男人眼中像含了雪，问：“起吧。”听闻爱妃身子又不是了，萧妃款款起身，柔弱无骨的身子壮似无意的往楚意身上道：“陛下，妾身心口疼，陛下帮臣妾看看。”一个如花般娇嫩的女人往你怀里靠，恐怕没人能够拒绝的了。只可惜楚一偏不吃这一套，他毫不留情的将萧妃推开。这次那身子是真的受不住力，倒往地上倒了。萧妃愕然抬头，楚一接过下人递来的帕子，慢条斯理的擦推过他的那只手。 每根手指都不放过。朕说过，朕有洁癖，不要离朕太近。楚意脸上厌烦之色难掩，自打从坤宁宫出来后，楚意便一直都是这脸色，一副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样儿。萧妃眼睛里像汪了一潭泉，水光粼粼。陛下，妾身，妾身沐浴过了。嗯，用了什么？挺香。楚意语气淡淡，萧妃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，转瞬即逝。她先前找人打探过，陛下最爱茉莉的清幽味儿，便红着脸道：妾身在浴汤里加了茉莉汤丸。她以为皇帝会喜欢，听闻皇后娘娘擦脸的胭脂便是淡淡的茉莉味儿。 岂料圣心难测，只听楚意道：“香味太浓，朕一会还要回去陪皇后，不想沾了你身上的味儿。”萧妃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。“陛下，您不陪陪妾身吗？瞧你还有精力泡汤浴，如此活蹦乱跳，想来病的也不重。”男人眸色深沉，瞳孔中露出的不耐已然没有遮掩。“陛下，嗨嗨！”萧妃忽而捧着心口咳嗽了两句，楚意却大手一挥道：“唐世德，滚进来！”一个提着药箱的中年太医匆匆忙忙的滚了进来，滚是真的滚。 滚的头上戴的官帽都歪了，陛下，陛下有何吩咐？唐世德趴在地上，气喘吁吁问：“爱妃说她心口疼，还不赶紧给朕瞧瞧？”是，陛下。唐世德上前，颤抖着手给萧妃诊脉。楚一语气里带着不悦，说道：“若是爱妃当真有个什么毛病，就开药给她治；若是爱妃无甚毛病，偏说心口疼，便开药让她心口真的疼一疼。”这话落，萧妃和唐世德俱是一惊。萧妃惨白着一张小脸，颤抖着开口：“陛下，妾身，妾身只是思念陛下夜不能寐。若爱妃心口不疼……” 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？欺君乃是杀头的死罪。朕怜惜爱妃父兄边疆杀敌辛苦，想来不至于明知故犯这欺君的死罪。爱妃，你说呢？楚仪姿态懒散的坐在楠木椅上，语气里却尽是威胁。以往萧妃也没少用过这种借口，将皇上从其他嫔妃那儿抢过来。皇上一次也没计较过，反而好生安慰她。唯独这一次，这一次皇上似乎真的怒了。这一次有什么不同？他是从皇后那将皇上请来的，是因为皇后。唐世德跪在地上，将头低到了脚边，说道。 臣明白了，李长福，你留下来，务必盯着萧妃将汤药喝完。李长福是皇上身边的贴身太监，太监总管，真正的皇帝身边的红人儿。是，陛下，奴婢保证会盯着萧妃喝药。楚意起身，片刻也不肯多留。陛下，陛下！萧妃起身欲要追过去，李长福甩了甩手上的浮尘，道：“来人啊，给咱家压住萧妃！大胆，你们这些狗奴才，敢碰我一下试试？”李长福啧了两声，道：“萧妃娘娘才进宫一个多月，便已生出如此多的事端。” 您难道还瞧不出吗？陛下已经快要忍无可忍了。片刻后，公公们端来汤药，李长福掐住萧妃的嘴，往里灌。我不，我不喝，不喝可就是欺君的死罪了。娘娘可莫要为男小的们苦涩的汤药入口后烧的心肝肺都在疼。萧妃睁大了一双美目，她想起刚进宫那段时日，打听了皇帝的喜好，自以为能够获得圣宠，然而皇帝却一次都没宠幸过她。每逢她侍寝，不是叫她跪在寝殿外候着，就是让她滚去偏殿。萧妃想爬龙床想，想的都快疯了，只可惜一次也不敢。 圣上性情残暴，他也怕掉了脑袋，只敢耍一些小手段哄着陛下来。明明圣上喜欢皇后那种柔弱的性子，他处处都仿着皇后学着皇后，可连得到他正眼一瞧都难。皇后，皇后啊，皇后到底哪里好？坤宁宫寝殿大门再次被人推开，孟棠叹了口气，心想着那萧红云是真的不行，怎么就没能留住陛下呢？他真的不想加班啊！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直至床畔，男人微凉的指尖贴在他的脸颊上，紫瞳他低唤道。 他是匆匆赶来，身上还带着寒露的冷意。孟堂想装睡，可他不能。在他手贴上来的那刻，他呼吸已然乱了。楚艺必然看出来了。楚艺不喜欢虚伪的人，比如明明醒了，却故意装睡不搭理，瞧着像是欲擒故纵。当然，他若是真的装睡，那好感值恐怕立刻就会往下跌。那可是他辛苦了七年的成果，每跌一点，他心肝都跟着疼。孟堂睁眼，转过身来，温言道：“陛下怎么来了？朕说过会再来看你，朕是一言九鼎之人。”孟堂内心却在轻嗤。 记得他刚入主中宫那会，他也这么说过。可转身就去了其他嫔妃的宫室，一整晚都不再来。如果好感只有负数，那时候楚艺对他的好感约莫就是负的。即便十五十六轮到皇后侍寝，楚艺也能面不改色地翻其他嫔妃的牌，丝毫不顾他这个皇后的脸面。孟棠真的太不想事情了，他和他的床事其实很不和谐，偏每次都要装作一副舒服到了的样子做给他看。每回侍寝过后，他下面都痛得厉害，走路都难受。萧妃果真是个没用的，竟连一晚都留不住，还得他加班加点。 孟棠手臂环上了男人的脖颈，语气依恋。陛下来了，臣妾当真高兴。臣妾本以为，本以为他眸中带着遮掩不住的欣喜，魏尽的言语里满是缠绵。楚意喜欢他这副乖顺的模样，好像随便给颗甜枣，他就能乐意整天。楚意捏了捏他的鼻子，道：“以为朕今晚会守在萧妃呢？”楚意上床，男人言语里带着戏谑，道：“梓潼，帮朕宽衣。”孟棠抖着手，红着脸，装出一副羞涩的模样，替男人脱下衣服，那宽阔硬朗的胸膛便露了出来。男人掐着她的下巴。 萧红云父兄统帅燕南军，朕目前不能动他，只能叫你受些委屈了。紫彤，臣妾从来没有觉得受委屈。陛下，萧妃性子确实活泼了些，却也不会真做那伤天害理之事。这宫中大多数人都循规蹈矩，没意思极了。萧妃和他们都不一样，机灵跳脱，不怪陛下喜欢，总是去他那儿。臣妾也很喜欢呢、啊。男人薄唇吻上她的朱唇，一下一下轻蹭着他道：“朕的紫彤是吃醋了吗？”陛下，紫彤，等燕南军班师回朝，朕将燕南虎符交予你大哥，如何？ 子枫也是难得一见的将才，朕相信他办得到。孟唐的大哥孟晕，字子风。孟唐唇角却露出嘲讽之色来。大雍几代都是世家掌权，世家已成陈科，而世家之首便是皇后所在的孟家。他估摸着楚玉梦里都想除掉孟家，会想将虎符交给孟家人，当真痴人说梦。他这里若是答应了，无疑便是处了男人逆鳞，到时候不止掉好感的事，恐怕连皇后之位都危矣。七年了，他还在试探他，楚玉始终不信孟家会真的没有野心。 可事实就是如此，孟家并没有觊觎皇权，反倒是对这位暴君百依百顺。男人目光深深注视着他，似乎在等他的答案。孟唐搂住男人脖子，依为他怀中却没有感受到丝毫温暖，心是冷的。陛下，后宫不得干政，您莫要为难臣妾了。梓潼，别怕，朕和你不只是帝后关系，更是夫妻。子枫也算是朕的大舅子，朕给他谋份好差事也是应该的。信了你的邪，皇帝的嘴骗人的鬼。孟唐脸眸直接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他道。 我哥那种人怎能掌握燕南军军服？您就莫要折杀他了，让他做个六七品小官还成。若真要让他去军中，只怕会把军中搅得鸡犬不宁吧。这番贬低似乎令楚意很是满意，他唇贴在他耳垂上轻轻吻了吻，道：“子枫也不全是你说的那般一无是处。不过子彤既然不想，朕便再考虑考虑。”虚伪，楚意嘴中没几句真话。楚意抱着他盖上被子，没多久，暧昧的低吟响起。翌日，伺候完楚逸上朝，孟棠倒吸了口气，浑身都是酸软的，下边更是疼。 走一步都痛得厉害，那狗皇帝上辈子定是属狗的。每次侍寝完他，他都要疼上一整天。方宁进来道：“娘娘，各宫小主们都来向您请安了，散了吧，今日不必了。本宫身子不适。”孟堂语气淡淡道：“是。”坤宁宫前殿，方宁笑着开口：“小主们请回吧，皇后娘娘身子不适，今日的请安便免了。”妃嫔们听了这话，面无表情的转身朝外走去。等出去坤宁宫，梅妃那一党的人聚在一起，小声讨论着：“可巧了，听说萧妃妹妹也身子不适呢，今早都没过来请安。” 我是听人说，陛下昨夜宿在皇后娘娘这儿，却让萧妃娘娘给请走了。皇后娘娘估计心里不舒坦着呢，这会哪有心情管咱们呀？萧妃妹妹可真是技高人胆大，连皇后娘娘的都敢抢。哎，咱们这位皇后娘娘，说好听了是与世无争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；说难听了就是懦弱。孟唐此刻确实心里不舒坦，恨萧妃不争气，害得他昨夜又被折腾了一晚。娘娘，这是琳琅截获的萧妃今早送出宫的家书。孟唐随手接过，展开一看，顿时笑了。爹爹娘亲。 红云已进宫一月有余，尚未承受陛下雨露恩泽。陛下连碰我都不曾，厌我到如此地步。望爹娘能够帮忙。红云过得很不好。孟棠盯着尚未承受陛下雨露恩泽那一行，露出意外之色来。他唇角噙着若有若无的笑，道了句：“知道他不聪明，没想到他这么废。”方宁讶异道：“娘娘，这封家书如何处置？”自然是替他送出去。是孟棠抬手道：“摆驾玉华宫，本宫亲自去教他如何获得陛下恩宠。”方宁搭着他的手，小心翼翼的往外走。 谢库又磨到腿根了，好疼！让楚艺晚上翻其他人的牌子，这事儿他势在必行，不能拖。这个月已经事情八次了，他是忍不了了。玉华宫，萧红云正躺在榻上，小声哼哼着：“哎呦，采薇，本宫心口好疼，喘不过气来。”采薇端来一小盏燕窝，道：“娘娘，这是今年汝南新进贡的金丝燕，听说皇后那边都没有呢。皇上只给了娘娘，娘娘你喝一些吧，还是热乎的，喝了心口也能好受些。”听到皇后那边都没有这几个字，本对燕窝不屑一顾的萧红云抬手接了过来。 他忍不住问：“皇后真没有？可不是，陛下体恤娘娘父兄边疆辛苦，这贡宴刚送到京中，陛下就赏给了娘娘。这赏赐可是独一份呢。”听见这话，萧红云内心好受了些，捧着燕窝小口小口的喝。采薇又道：“听闻今日一大早，各宫小主们去向皇后请安，皇后说她身子不适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”萧红云冷笑一声道：“她昨夜侍寝一整晚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吧？能有什么身子不适？身子不适的是本宫才对。”说到激动处，又扯痛了心口。 萧红云登时倒吸了口气，疼疼疼！娘娘您没事吧？采薇担忧道。萧红云臭着一张脸道：“你眼瞎吗？本宫都快疼死了，像没事的样子吗？还不赶紧给本宫揉揉！”皇后娘娘道。玉华宫的掌事太监忽的尖着嗓子叫了一声：“小的们给娘娘请安了。”孟唐淡淡应了一声：“嗯，起吧，不必多礼。”她手上攥着一串佛珠，穿着一身月白的大袖衣，素得很，没有多余的装饰。 瞧着连宫外的世家千金都不如，周身萦绕的一股若有若无的茉莉茶香。孟堂走进屋，萧红云一张脸登时就拉了下来。皇后过来作甚？怕不是专门来看她笑话的吧？皇后今日定是来耀武扬威的。萧红云如此想到，她脸上无甚笑意，冷冰冰开口：“臣妾身子不适，恐怕不能给皇后娘娘请安了。”萧红云心里想的什么，全写在了脸上。是这满宫少有的单纯之人。无碍，妹妹躺着吧。本宫听闻你昨夜就开始不适，现下可有好转？孟堂温声问道：“不劳娘娘挂心。” 不是什么大毛病，萧红云翻了个白眼。妹妹，本宫送了补药过来，专治心痛。妹妹若是不嫌弃，可以用着试试。孟棠挥了挥手，让方宁拿药过来。要是真药，毕竟只有萧红云身体康健了，才能侍寝。萧红云满脸狐疑的看着他，这药怕不是毒药？皇后怕不是想毒死她？孟棠伸手握住了萧红云的小手，道：“可怜见的，进宫一个月，受了这些许，要是让你父兄瞧见了，又要心疼了。”萧红云没敢开口，只觉得皇后虚伪，真真虚伪，都闹成这样了。 居然还和她装好姐妹，孟唐目光扫到一旁的燕窝上，咦了一声，道：“妹妹在喝燕窝吗？”说到燕窝，萧红云顿时挺了挺胸，觉得自己有机会扳回一城了。毕竟方才采薇说这贡燕陛下只赏了她呢。他正欲开口，只听孟唐面露笑意，道：“这是今年汝南新上贡的金丝燕吧？本宫那里还有许多，妹妹若是爱喝，本宫一会差人多送点过来。”萧红云，萧红云目光不由得望向采薇，说好的只有她有呢，这小贱蹄子又在忽悠他玩。 着实可恶，萧红云笑容勉强道：“不用了，陛下赏了许多，喝都喝不完。”孟棠听此便作罢，他道：“昨夜的事，本宫听说了。妹妹你糊涂呀！陛下素来不爱太过专横跋扈之人，你越是闹，陛下便越是厌烦。”听到这话，萧红云越发觉得孟棠是来耀武扬威的了，竟然敢说教他。妹妹的宫殿太过华丽，还是素一些好。陛下喜欢素色，不爱铺张浪费之徒。萧红云撇了撇嘴，道：“娘娘，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 本宫只是觉得姐妹一场，不忍看妹妹失去圣心。萧红云道：“娘娘说笑了，您难道还想助我争宠不成？”不错，孟棠大大方方的看着他。萧红云，孟堂脑子没毛病吧？他才不信。那娘娘，您倒是给我说说，我要如何才能获得陛下的恩宠？萧红云面露嘲讽。如今妹妹与陛下不睦，妹妹若想挽回陛下的心绪，趁早。妹妹且听我说，只需做好三点即可。过会下朝了，陛下会去御书房批折子，难免劳累，妹妹记得送碗四神汤过去。 这是陛下最爱喝的汤，此乃其一。俗话说得好，要想抓住男人的心，就得抓住男人的胃。怕玉华宫熬的汤不好喝，孟堂特地送了一份过来。他道：过会你直接将我这份给陛下送去即可。陛下不喜欢太明艳的颜色，见陛下实际的穿素色。陛下其实也不喜欢茉莉花香，陛下爱的是清淡的茶香。身上莫要穿金戴银，头上插一根玉钗就可。此乃其二。陛下爱看民间志怪画本，妹妹记得多读些画本，也好和陛下有共同语言，制造共同话题。此乃其三。 这都是孟棠这些年来的总结。孟棠抓住萧红云的手，语重心长道：“妹妹一定要记住这三点，做好了便能抓住陛下的心。”萧红云才不信孟棠会真心实意帮他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，我凭什么信你？”孟棠叹了口气，面色温婉，她像真正的异国之母那样坦率贤良。她道：“因为本宫不想加班，母后曾教导本宫要让陛下雨露均沾，莫要专宠一人，才能后宫和谐。”孟棠说完，便起身道：“妹妹定要将身子养好，日后才能尽心侍奉陛下。” 姐姐言尽于此。待到孟棠离开，萧红云满脸怀疑道：“阴谋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他才不信皇后真的温婉贤良呢。那过会咱还要去给陛下送汤吗？”采薇问：“送。”只不过他瞥了眼孟棠送来的四神汤，这四神汤里怕不是被下了毒。等陛下喝了后毒发，一口大锅扣到他头上。不送四神汤，去把一早熬好的老母鸡汤备上。我娘说老母鸡汤大补，她每回产子后，我爹都会给她熬。要换上素色的衣服和玉钗吗？ 要用上茶香味的香粉吗？采薇又问：“这里面肯定有诈！我昨晚也穿的素，陛下可有多瞧我一眼？把本宫那件云英子裙拿来。我娘说我穿紫色最是好看了。”志怪画本呢？胡扯！陛下怎会喜欢看画本？先前调查陛下喜好时，从未有过这种说法。给我弄些《孙子兵法》。六涛，来，陛下最近不是在为边疆战事忧心吗？本宫虽不能像父兄那样上阵杀敌，却也可和陛下说上几句兵法之道。采薇道。 奴婢这就去准备。回到坤宁宫，孟棠眼皮子直跳，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他叹息道：“希望萧红云能争气一点。”方宁不赞同道：“他对您不敬成那样，您何必帮他呢？因为本宫不想加班，都是姐妹，互相照应也是应当的。况他与我一样，都是出自将门世家。我父亲曾和他父亲也有些交情，可他处处给您使绊子。若换做是奴婢，定然忍不了。”看到方宁这负愤懑的模样，孟棠笑了。他问：“萧红云继续做下去，又要多死几个小太监了，为他积点德吧？这个月都死了八个了。” 方宁张了张嘴，不由得感动道：“只有娘娘您会在乎我们这些下人的生死。”孟唐沈笑一声：“人设罢了，当真就输了。您倒是一点也不担心。万一陛下真的对萧妃动心，可怎么得了？他努力了七年，狗皇帝都没动心，就凭萧红云那点小伎俩，不够看的。再说了，楚艺的身心，谁爱谁拿去，他不稀罕。”孟唐躺在榻上看了会书，一个时辰后，坤宁宫的大太监琳琅焦急的跑了进来。琳琅气喘吁吁道：“娘娘，不好了，陛下正在御书房，这会龙颜大怒。” 孟唐愁啊，最近暴君发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惹得工人们也紧张兮兮，别是得了狂躁症吧？听说狂躁症患者也会如此，且性生活也会变得频繁活跃。孟唐放下书，轻声问：“可知是为了何事？”琳琅老老实实答道：“回娘娘，小的只知先前萧妃去了一趟御书房，随后御书房里便传来了陛下的怒斥。李公公没和小的细说，只说了请娘娘过去一趟，是陛下的意思。萧红云这蠢货，攻略都送到他手上了，这都做不好，他还能成什么事？” 孟堂揉了揉额角，起身道：“方宁，随本宫去御书房一趟。”“是，娘娘。”孟堂内心叹气，打工人不易。御书房，萧红云满脸惶恐的跪在地上，说道：“陛下，陛下，这送汤不是妾身的主意，都是皇后娘娘给出的主意，妾身只是按着皇后娘娘说的做而已。陛下明鉴啊！”厨一端起桌上的鸡汤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送鸡汤也是他的意思。”萧红云嘴唇颤了颤。 鸡汤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但他怕极了皇帝，生怕被皇帝拖出去砍了，便一股脑将锅推到了皇后的身上。他道：“是是是，是是娘娘让妾身来给陛下送鸡汤的，是娘娘的主意。”哗啦一声，厨艺直接将一碗滚烫的鸡汤泼到了萧红云的身上。鸡汤是刚熬出来的，烫的萧红云惨叫一声，脖子上都烫红了一大片，没多久便起了水泡。厨艺踱步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道：“鸡汤好喝吗？”萧红云双眸里噙满了眼泪，她身体伏在地上，惶恐道：“陛下，臣妾错了。” 臣妾以后再也不送鸡汤了。楚一墨的揪起她的衣领，眯了眯眼。他冰冷的声音里夹杂着止不住的怒意。这件衣服，谁允许你穿这件衣服的？陛下身边亲近的侍从太监可都知道，咱们这位天子啊，最是忌讳紫色，只因陛下的母妃齐太妃喜欢穿。陛下一看到便会想起已故的齐太妃。萧红云颤抖，他不明白，只是一件云英紫裙罢了，为何不能穿？况且他娘亲说过，她穿最好看了。她哆嗦道：“妾身待字闺中时，娘亲说妾身穿这件最好看。” 所以，妾身也想让陛下看看。厨艺扔下他，冷冷对李长福道：“扒了他这件衣服，拖出去，杖责五十。”御书房内，听到这话的宫女太监们齐齐瞪大眼，内心惊骇不已。五十棍子，那可是会打死人的！这可是萧妃啊，萧家正儿八经的嫡长女，要是就这么打死了，萧家人会罢休？李长福欲言又止，到底没敢开口劝。反正陛下也不止一次做这种事了，还因此在朝臣中留下了暴力弑杀之名。他正要换人将萧红云拖出去，陛下。 门口处传来一声轻唤，李长福抬眸瞧见了这一身月白长裙的孟堂，孟堂正拨着手上的佛珠，匆匆忙忙的走进来。李长福看见他，登时跟瞧见了救星似的，连忙跪在地上道：“给皇后娘娘请安。”孟堂好脾气的抬了抬手，冲着他微微一笑。李长福瞧见他，便知道稳了。只有皇后娘娘能哄好暴怒的陛下。孟堂上前轻抚了福楚义的胸口，微微蹙着眉道：“怎地又动气了？不开心了，便将人打发出去就是了，何必动这么大的气？” 对身子不好，他语气里满是关怀，让楚意听得舒心，内心的怒火一下子就熄了一小节。男人握住他手腕，很细，微微一掐，便是一道红紫印记。男人垂眸与他注视，问：“可是你指使萧妃来给朕送鸡汤，还让她穿着云英子裙来？”孟唐随意瞥了眼萧红云，瞬间明白楚意为何会勃然大怒了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东西，他没有否认，乖乖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楚意目光瞬间幽深了许多，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孟唐，不放过他任何表情。孟棠柔声道。 臣妾担心陛下下朝后身体疲累，便让萧妃妹妹给您送份四神汤来。想来是下面的人拿错了，这才把四神汤拿成了鸡汤。若是不信的，陛下只管问萧妃妹妹和玉华宫的下人，本宫是不是这样说的？有没有说要送四神汤？孟棠瞥了眼萧红云，楚艺目光也落在他身上。他问：“可有此事？”萧妃反驳不了，结结巴巴的开口：“是。”孟棠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玉华宫的下人真是蠢笨，连四神汤和鸡汤都分不清了。这般粗心，如何服侍得了萧妃妹妹？” 过会，臣妾会让内务府拨两个伶俐的丫头过去。楚一问：“那这云英子群呢？”孟唐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臣妾也是心疼妹妹。妹妹听闻齐太妃曾以一支赵飞燕的掌上舞惊艳天下，妹妹对齐太妃仰慕不已，便一直苦练掌上舞，练的脚上都是茧子。您瞧。”说完，孟唐缓缓上前，朝萧红云走去。萧红云满脸畏惧的看着他，他想问他要做什么，可孟堂却没瞧他，只伸手脱下了萧红云的鞋袜，道：“陛下，您瞧。” 那脚上果真都是练武练出的茧子。妹妹如此仰慕齐太妃，想效仿齐太妃昔日的盛景，这才不小心穿了云英子裙。陛下又何必与她置气呢？被孟棠这么一说，楚艺心底的怒意奇迹般的都消了。楚艺目光直直盯着萧红云，问：“此话当真？你可会跳掌上舞？”萧红云连忙道：“会，妾身会。”跳一曲给朕看看。楚艺坐回椅子上，顺手拉了孟棠一把，将人拽到了自己腿上坐着。他目光瞥见孟棠白皙的小脸，道：“紫彤与朕一起欣赏。” 孟棠羞怯地应了一声：“好的呀。”李长福清空了御书房，御书房内只剩下帝后和萧红云三人。萧红云翩翩起舞，她舞跳的确实很不错。瞧着这支舞，楚艺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目光放空，他喃喃开口：“昔日母妃也喜欢跳这舞。”孟棠勾住男人的脖子，轻声道：“太妃一舞惊天下，那是天人之姿。萧妃妹妹虽也跳得不错，可却也只有其太妃两成的神韵。”楚艺回过神来，应了一声：“紫潼说的不错。”萧红云一舞结束，跪在地上，害怕地说了句：“陛陛下，臣妾跳完了。” 孟棠笑着说道：“陛下，妹妹如此努力，虽跳得不如齐太妃好，可却也胜过世间无数人了。单就妹妹的这份用心良苦，臣妾想为妹妹讨一份赏。好，江南进贡的浮光景甚美，便赏给爱妃吧。”楚意淡淡开口。萧红云满脸震惊，前一刻他还差点要受五十大板丢掉性命，就因为皇后的三言两语，不但责罚免了，还为他讨到了赏赐。皇后心机深沉至此。萧红云目光复杂，他深深看了孟棠一眼，磕头谢恩：“妾身谢陛下，谢皇后娘娘。”嗯。 你退下吧，朕同皇后还有话要说。楚意摆了摆手，萧红云不敢多留。今日能保住这一命已是幸运，连忙行了个礼，朝外走去。出了御书房的门，李长福笑呵呵道：“娘娘运气真是不错，娘娘还是头一个在陛下盛怒之下还能安然无恙，并且讨到赏的。”萧红云扯了扯嘴角，实在笑不出来，到现在腿还软着。若不是皇后赶到，她可能真的就……李长福道：“好在今日有皇后娘娘在，不然别说是娘娘您了，就连小的们都凶多吉少。”哥，萧红云忍不住道：“皇后这般厉害。” 随意两句话就能让陛下消火，可不是？娘娘最了解陛下，是对陛下最好之人。李长福感慨道。萧红云忍不住想到，今早孟堂去他那说的话，该不会都是真的吧？萧红云悄悄道：“公公，本宫问你个事，你可知陛下爱看民间志怪话本吗？”李长福甩了甩拂尘，道：“这咱家可不敢乱说。”萧红云偷偷塞了颗拳头大的东珠到他手上，他道：“本宫也只是想和陛下说上两句贴心话罢了。”李长福摩挲着手上的东珠，缓缓笑了，他道。 娘娘说的是，这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陛下闲来无事时，确实会看。萧红云便知道稳了。孟棠今早对他说的那些，竟然都是真的。这世上竟真有如此大公无私、贤良淑德、帮嫔妃争宠的皇后。这孟棠莫不真是圣人转世，白莲花成精？萧红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多谢公公提点。”御书房内，楚艺抱着孟棠说着贴心话：“子潼，你呀，心肠还是那么的好。”男人面露无奈。孟棠故作不解，问：“陛下何出此言？” 楚艺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孟唐的发丝，他语气里带着些许懒散，道：“朕的紫瞳是故意帮萧红云说话的吧？萧红云不是个聪明的，想来是自作聪明做了这些。”孟唐咬了咬唇，小声道：“陛下既看穿了臣妾的心思，为何不在一开始就揭穿，还给萧妃妹妹赏赐？你就是太心善，朕真怕你会被人欺负了去。若是朕不赏，萧红云那个蠢的恐会将今日之事记恨到你身上去，觉得是你怂恿他来的御书房。”孟唐听到这话，心尖一颤，将脸颊贴到了男人胸膛，温顺的靠在楚逸怀里。 他道：“陛下这般纵着臣妾，臣妾心中惶恐。”楚意摸了摸他的小脸，与他对视，眼中情意绵绵。若不是那三十八的好感时刻提醒他，楚意这是虚情假意，他险些要以为这狗皇帝真的喜欢上他了。楚意轻声问：“为何要让萧妃给朕送四神汤，不自己送来？若是你自己送，今早也不会有这么多事端了。”陛下可是怪了臣妾？臣妾只是听说了萧妃妹妹惹了陛下不快，怕后宫不宁，想以此来让萧妃妹妹与陛下和好，是臣妾自作聪明了。他说话声柔柔的，语气绵软。 像春日里拂过心头的一丝微风，震得紫瞳怎敌这般懂事？陛下莫要再夸臣妾了。她微红的脸颊像抹了胭脂，小嘴抹了蜜糖。楚艺受不住这诱惑，孟棠是他碰过的唯一一个女人。开了荤的男人受不了饿，当下便要对着那红唇吻了下去。孟棠伸手挡住了楚艺的薄唇，他劝道：“陛下，这是御书房，陛下还得看折子呢。越是得不到，便越是想要。”楚艺眼里放着光，他忍不住轻笑一声，道：“好看折子。”他附在孟棠耳边，压低声音。 朕今晚去找你。孟堂心头一梗，是真的隔应，怎地又要侍寝？都怪萧红云。他心头正盘算着要怎么拒绝，猛地瞧见楚艺的好感进度条缓慢地往上爬了一格，好感值三十九，39, 拒绝的话语便烂在肚子里了。看在这一格好感的份上，侍寝便侍寝的，大不了多疼两日，养养就好。梓潼陪朕一起看楚艺，温声道：“臣妾哪看得懂？陛下莫要为难臣妾了。”孟堂连忙拒绝，他若是敢干政，只怕要不了多久，人头就得落的。楚艺手上拿着折子，缓缓道。 南阳又发了水患，淹尽四千余户人家。依子潼看，此事该如何处理？孟堂故作懵懂道：“哪里发了大水，堵上就是了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”楚意被他这天真的言语惹笑了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楚意伸手揉了揉他的头，道：“子潼说的对，有大水就得堵。”楚意又问：“凉州连续四年大旱，颗粒无收，饿殍遍,遍地，子潼看应当怎么解决？”孟堂故作为难，他得装，不能露出丝毫锋芒。不止他，他哥哥，他们孟家都得如此。 否则暴君恐不会留孟家太久。他说：“正好南阳水患，凉州缺水，南水北调就是了。这样一来，缺水的不就有水了？水太多的也引去了别处。”楚毅嗯，子彤说的真好。听到这敷衍的语气，就知道暴君没当真。孟唐松了口气。接下来，男人没有继续再问了，一心一意批折子。而孟唐也随手抽了一本画本，靠在他怀里看。半个时辰后，楚毅总算舍得把人放走了。临走前，男人附在他耳边小声道：“别忘了，朕晚上会去找你。”孟唐没忘。 他面色羞怯，捂嘴轻笑，做出一副喜不自禁的样子来，偷偷瞥了一眼楚意，道：“那妾身晚上便恭候圣驾了。待到孟唐离开，楚意从书柜上抽出一幅水利地图来。他眸光微沉，薄唇轻启，在南阳白河上游的下巷口构筑堰塘。朕还真有南水北调的想法。他真是随口一言吗？”回坤宁宫的路上，孟唐的凤辇被人拦了下来，方宁当即立斥：“大胆，何人拦路？”萧红云上前直视孟唐，他道：“皇后娘娘。” 妾身有两句话想和你说，可否请娘娘下来与妾身一叙？方宁正要开口，我们娘娘孟堂抬手打断她。她道：“好。”孟堂走下凤辇，她抬手并退了下人，问萧红云：“妹妹有何事要与我说？”萧红云是个直来直往的性子，她问：“娘娘今日在御书房，为何要帮我？”孟堂伸手碰了碰她被烫红的脖颈，满脸忧愁的说了句：“可怜见的。”娘娘还未回答臣妾。孟堂说：“我母亲与你母亲曾是手帕交，因此。” 我知道你跳舞跳得极好，不忍看妹妹刚入宫便折在这儿。妹妹今日为何要送鸡汤给陛下？你可知陛下五岁时曾与齐太妃相依为命，五岁的小皇子母亲是个舞姬，无权无势，要如何在这深宫中自保？常常连口饱饭都吃不着，只能在这深宫中装傻充愣的活着。有一次啊，陛下实在饿得很了，便去御膳房偷了碗鸡汤喝，叫人打了个半死，险些一条命都没了。也好在齐太妃不眠不休的照顾了他两日，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。 自那以后，身上便落了病根。陛下每逢雷雨夜都会头痛的厉害，所以啊，妹妹今日端鸡汤给陛下，可是犯了陛下的大忌。萧红云满脸震惊的看着他，不止这鸡汤，还有云英子裙。他笑着看萧红云身上这件云英子裙，夸了句：“妹妹穿这裙子确实很仙很美。”可妹妹须得知道，陛下的生母齐太妃曾经是个舞姬，即便后头因为怀了陛下被抬为了贵人，可在这满宫人眼里，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。宫中一有宴会，不管是后宫嫔妃还是朝臣，都会叫齐太妃献舞。 先皇也不阻拦，齐太妃跳的舞正和你今日跳的一样。他美目一扫，问萧红云：“妹妹自己说，你今日该不该穿这云英子裙？”萧红云一个月前还是深闺女子，哪里听说过这些？现下听孟堂这么一说，当即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孟堂瞧见她这反应，满意了，希望日后萧红云行事能掌握好分寸，莫要再犯蠢。本宫言尽于此，妹妹以后该怎么做，想来心里已经有数了。孟堂说完，就转身欲踏上凤辇，萧红云忽然叫住了他：“皇后娘娘！”她僵硬着一张脸。 咬了咬唇，颇为不服气道：“别以为您今天帮了我，我就会对您感恩戴德。说到底，若不是您一早来教唆我，我未必会来这御书房。妹妹说的是，再者这些都是本宫该做的。同为姐妹，当同气连枝，互帮互助。”才对她一席话说的漂亮极了，温声慢气，丝毫没有动怒。她越是这样贤良温婉，萧红云心里就越是不舒服。皇后这副品行高洁的模样，反倒是越发衬得她粗俗不堪了。多多谢你告知我陛下之事，她扭扭捏捏,捏地说了一句。孟棠唇角微微勾起，美目在她烫伤的脖梗上流转。 妹妹脖子上若是留疤就不好了，我那有上好的金疮药，效果极好，不会留疤。过会让方宁给妹妹送去。半个时辰后，萧红云坐在榻上，她手心里攥着皇后派人送来的金疮药，神色复杂。采薇问娘娘：“这药您用吗？”萧红云恼羞成怒道：“用什么用？皇后送来的东西能用吗？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掺毒？万一有毒怎么办？那奴婢给您丢掉，丢什么丢？若是让人瞧见了，抓住了把柄，传到陛下耳中，我名声又要坏了。不用。” 也不丢，好吧，娘娘您开心就好。采薇倒吸了一口气，萧红云忽然伸手拧住采薇的耳朵，说道：“说起来，本宫还没与你算账。先前你说那金丝燕皇上只赏了我，结果呢？哼，人家皇后那也一堆，你这刁奴竟敢哄骗我！娘娘，奴婢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”呵，坤宁宫里，方宁抱怨道：“娘娘那么好的药，都是孟家老爷派人送进来的，您自己统共也没有几瓶，还给了萧妃，顺水人情罢了。” 方宁，以后这种话不必再说。一朵屹立在后宫的真白莲，自然拥有着一颗纯洁无瑕的圣母之心。有忙就要帮，有难就得施以援手。后宫哪有真正恩将仇报的坏胚子？都是可怜女人罢了。给点好，他们记得比谁都清楚，起码是比那狗皇帝要记恩的。入夜，楚艺果然说到做到，摆驾来了坤宁宫。孟棠站在宫门前迎接楚艺，走下龙辇，道：“夜里更深露重，容易着凉，怎地连件披风也不披？”紫瞳快别在这站着了，随朕进去。楚艺抓着孟棠微凉的小手，往寝殿走。 他演，他也跟着眼，装作恩爱的模样，款款开口：“不碍事的，臣妾不冷。”你呀，孟堂侧过头，瞧见楚艺的容颜，男人唇角微微上扬着，心情很不错的样子。孟堂便问：“陛下今日心情不错？”楚艺轻哼一声，他眼里带着光，说道：“还是子潼懂朕。”进了屋，两人坐在榻上，方宁奉上热茶，便招呼着工人们出去了。待到屋内没人，楚艺抿了一口茶，道：“过段时日是朕生母生辰，朕提议封朕的母妃为圣母皇太后。” 这回朝堂上那群老不休的总算没有再驳回了。孟唐笑道：“这是喜事呀、啊。”孟唐深知楚意为了生母死后能够得到该有的尊荣，付出了多少。楚意的生母齐太妃死得很不体面，那时候齐太妃母家被指控泄露军事布防图，全家获罪，齐太妃和小楚意被禁足宫中。楚意生了重病也没人管，眼瞧着要熬不下去，齐太妃勾引了看守宫门的侍卫，只为了能让那侍卫给楚意带一口药。后来齐太妃与侍卫私通一事被人告发，一杯毒酒赐死，剥夺了位分。 被人一卷凉席丢出了宫门。对其他人来说，齐太妃可能生性放荡，可对楚意来说，她是最好最好的母妃。没有她，就没有今日的自己。楚意刚登基那会，便迫不及待给自己生母尊荣，欲封其为圣母皇太后，遭到群臣驳斥，老臣死谏。那段时间，楚意一共杀了八个用词激烈的朝臣，最终也没能为母亲讨回一份尊荣。后来，楚意暗中调查布防图泄露之事，为齐家翻案，朝臣这才松了口，有了如今太妃的尊位。可楚意并不满足，他要给母妃最好的一切。母妃生前所做一切，皆是为了他。 如今他登顶，却不能给自己的母妃一份该有的尊贵，算得了什么皇帝？楚意脸上带着笑意说道：“我母妃生前为我谋划，死的那般憋屈，为人子我怎可不管不顾？”陛下，孟堂轻轻抱住楚意，他将尖尖的下巴搁在他肩膀上，温声细语的安慰道：“不管旁人怎么看，母妃都是最好的母妃。若能看到陛下如今的成就，母妃定然会开心的。”楚意脸上难得露出悲伤之情来，他拥着孟堂道：“梓潼，只有你懂朕。我想为其太妃抄经祈福，陛下看可好？” 孟棠抬头与他对视，他眸中是灼灼热浪，是遮掩不住对他的爱意。楚逸尘竟在这股爱意中无法自拔，他真的很喜欢这种被人全心全意爱着的感觉。后宫所有嫔妃皆带着野心与目的，唯有孟棠待他始终如一，哪怕受了委屈，也从不会与他抱怨，真真切切的爱着他。梓潼，朕好喜欢你。楚逸语气缠绵的说出这句话，然而孟棠看了眼好感值，嗯，纯当他这话放屁。他一深情款款道：“君心似我心，陛下，臣妾想一辈子和陛下在一起。” 铺天盖地的吻，粗重灼热的喘息，亮堂的寝殿内烛光跳动，一世春潮。楚意打横抱起孟棠。楚意的欲望像那飞奔入海的潮水，来得又急又重。孟棠脸上小女儿情态尽显，柔媚可人。那抹了蜜糖的红唇被楚意尝了个遍，吃了个彻底。楚意只有在她床上时才会快活成这样，唇上水光淋漓，一颦一笑皆是诱惑。隔日，孟棠难受的不想动，方宁端来补药，站在帐外道：“娘娘该喝补药了。”楚意难得贪了懒，没去上朝，他拥着孟棠。 半搂着抱起，低沉的嗓音响起：“紫瞳，喝药了。”孟棠一张小脸白的厉害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楚艺想让下人将那药端走。孟棠柔弱无力的抬起那只素白的小手，道：“拿来。”方宁掀开帷帐，低着头不敢多瞧，将手上的补药递过去，岂料被一只修长有力的手接住了。楚艺低声轻哄：“朕为你，好不好？”孟棠唇角微微牵起，说了一句：“好。”帷帐落下之时，方宁不经意间瞥到了男人俊美深邃的面容，乌黑的发丝散披在肩头。 明黄的亵衣遮不住性感的锁骨，上面明晃晃的露着几道深色吻痕，色情又放荡。男人脖梗上也被抓出了一道长长的痕迹，那抓痕上渗出的血还未干涸，好一幕活色生香。方宁将头低得越发低了，连忙往外走去，心想：咱们娘娘和陛下可真是恩爱。陛下被抓伤了也不计较，反而宠溺的为娘娘喝补药。这等荣宠，全后宫除了他们娘娘还有谁有？若是娘娘真有了小皇子，可就好了。方宁乃知道，楚意为她的不是什么备孕的补药。 而是货真价实的闭子药，亲手喂他闭子药，还真是宠呢。孟唐瞥了男人一眼，乖顺地喝了一口男人递来的汤药。厨艺一大早恶心他，孟唐心气不顺，也想着膈应厨艺一下。他摸了摸肚子，满脸幸福道：“陛下待臣妾真好，这后宫陛下仅仅赐了臣妾备孕的补药，陛下就这么想要小皇子吗？”厨艺一怔，孟唐依偎在男人怀里道：“陛下待臣妾的好，一桩桩一件件，臣妾都记着。”他目光情真意切，满脸感动。君这般待我，妾身必以命还君。厨艺摸了摸他的小脸。 你我本是夫妻，何必说这些？他端着手上的汤药，顿时觉得有点烫手。孟家权倾朝野，若孟唐有了子嗣，谁能保证孟家不会生出其他心思来？但他面上尤为淡定，像真正的恩爱夫妻那样，一声声一句句轻哄。来，紫瞳，还有两口，喝完它，为朕孕育小皇子。孟唐内心冷笑，接过那碗，将剩下的药汁一口干了。男人拿着帕子为他擦嘴。孟唐道：“臣妾喝了这么久的药，也没见有用，臣妾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？”男人温柔安慰：“不会的。” 梓潼，只是时候未到，小皇子不愿来罢了。好一句时候未到，孟堂轻轻拍了拍楚艺的手。陛下，您快去上朝吧，别因臣妾误了正事。楚艺离开后，孟堂累得起不来身，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吩咐道：“方宁，今日关宫门，闭门谢客，谁来都不见。是”是娘娘。日头到了十五十六，又是孟堂侍寝。孟堂累坏了，自打他侍过寝，楚艺十岁之位后，几乎每日都会疲惫不堪。 虽得了好感度，却也失去了从前的自由。也就是十七这日，慈宁宫的太后娘娘派了嬷,嬷嬷过来。柳嬷嬷是太后身边的老人，心高气傲的很。因着太后瞧不上她这媳妇，连慈宁宫的下人也瞧她不顺眼。自古婆媳难相处，但孟堂并不慌，都是老剧情了。太后基本每月都会找她一次茬儿，这正是孟堂刷好感的好时机。太后虐的很了，楚艺便会想到自己曾经是皇子时被太后搓磨的那些时日，便会产生与她同病相怜的感觉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楚艺好感值都能一下子涨两三点。 这可比她辛辛苦苦侍寝一个月却动了一格有效率多了。柳嬷嬷仰着下巴道：“皇后娘娘大忙人，有段时间没给太后请安了吧？”孟堂宫签到，是臣妾的不是了。”柳嬷嬷冷哼一声：“太后娘娘有话和您说，请吧。”是。此时慈宁宫里热闹极了，嫔妃们坐在一旁，都在哄着太后开心。太后时不时被这群嫔妃们给逗笑，一阵欢声笑语。太后、皇后娘娘来了，柳嬷嬷走进来，请了个安。听到这话，太后嘴角的笑意收敛了。她坐在楠木椅上，靠着软垫。 说道：“总算舍得过来了，请他进来吧。”孟唐一进来，嫔妃们当即起身，朝他行了个礼。孟唐大大方方地向他们点了点头，随即半跪在地上，道：“儿臣给母后请安，母后万福金安。”太后端着茶盏，淡淡道：“哀家可受不起皇后娘娘这一拜。”室内顿时安静了下来，不复先前的欢声笑语。嫔妃的们也同情地望向孟唐今日太后是铁了心了，要在后宫众嫔妃面前打她的脸。孟唐跪在地上，低着头，连忙认错。 儿臣惶恐，是儿臣近日做的不周到，没及时来向母后请安。放肆！你连你自己错在何处都不知。太后恶狠狠拍了下桌子，她继续道：“哀家且问你，这个月已经过了一半，陛下可有去过其他嫔妃呢？”孟堂不语。太后只是想找机会教训他一顿。每个月都会上演这么一场，他说什么都是错，不如不说，专横霸道，善妒无能。你呀、啊、你，哀家曾经教给你的那些，你都当做耳旁风是吧？开枝散叶，开枝散叶，皇帝怎可专宠一人？ 雨露均沾才是正道。孟堂不卑不亢道：“是，儿臣知错，儿臣会多劝劝陛下去妹妹们呢、啊。”这个月去你宫室的小太监已经死了八个了吧？你这皇后做的真是好啊！明知陛下如今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残忍是杀，你竟也不拦着，将整个后宫都搅得惶惶不安。你这皇后做的真是好啊！孟堂再次道：“是，儿臣错了。”太后叹了口气，她看着下方这群如花的嫔妃们，道：“你们都回去吧。” 哀家有事要和皇后单独说。是。待到嫔妃们鱼贯而出，太后猛地冷下了脸，道：“柳月，将哀家的戒尺拿来。”是。太后娘娘。与此同时，一出慈宁宫，嫔妃们便聚在一起，笑着道：“又来了，又来了，皇后娘娘又要挨罚了，真可怜，谁叫她生性懦弱呢？每逢挨罚都自己默默忍过去，也不找陛下帮忙，活该喽。其实也不能怪她，谁敢管皇上？皇上爱去哪去哪。萧红云站在这群人中间，她家世拔尖，恭维她的人自然也多。” 他好奇问道：“皇后娘娘经常挨罚吗？”“可不是，太后不是陛下生母，咱陛下和太后关系不睦，太后一直将他亲生的四王爷的死算在陛下头上，可又不能拿陛下怎么样，只能拿皇后出出气落。”萧红云回头望了眼这慈宁宫，先前他觉得慈祥和蔼的老人，只觉得变成了尖酸刻薄的面貌。慈宁宫的天空上都跟着飘过来几朵黑云，压抑阴沉的样子。萧红云和各宫嫔妃们道别，他心中隐有不安，没忍住，啧了一声，他对采薇说：“采薇，你去一趟御书房。” 请皇上来一趟慈宁宫，就说皇后也在这儿。采薇犹豫道：“主子，您您这是要帮皇后娘娘吗？”“瞎说什么？什么帮？本宫只是觉得……”萧红云一阵沉默，觉得什么呢？觉得人不能太恩将仇报。先前孟棠帮了他一次，他有恩报恩罢了。至此之后，两不相欠。别废话了，你赶紧去。采薇气喘吁吁的跑到御书房，喘着粗气道：“陛下呢？奴婢有话要和陛下说，还请公公放行。”李长福叹了口气。 姑娘来的不巧，陛下出宫体察民情了。采薇脸色一变，她猛地明白太后为何要挑这个日子请皇后过去了。她道：“什么？出宫了？那公公，您可知陛下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她面露焦急。李长福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这咱家怎么知道？陛下的行程都是保密的，哪会让我们这些人知晓？可是皇后，皇后她……”采薇急得脸都红了。皇后娘娘怎么了？皇后娘娘被太后叫去责罚了。采薇一口气说完，李长福脸色登时也变了。他先安抚采薇，道。 采薇姑娘，你别着急，你先回去，咱家会想办法联系随同陛下出宫的侍卫，把你的话带出去的。采薇向着他扶了扶身子，道：“那就麻烦公公了，奴婢感激不尽。”采薇离开后，李长福想了想，立刻转身朝外走去。皇后娘娘是宫里公认的好人，平素里帮过他们这些下人不少忙，李长福自然也愿意为了她尽一份心力。慈宁宫里，孟堂伸出双手，太后手上的戒尺一下又一下，啪啪的落到他的掌心。四十戒尺打完，孟堂那双素白的小手已经肿得不成样子了。 太后扔下戒尺，道：“你心思不纯，这些时日就去哀家的佛堂面壁思过，练练心性吧。没有哀家的允许，一滴水一粒米都不准给他送。”柳嬷嬷冷笑着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太后，她冲着孟堂抬手，道：“请吧，娘娘，您该去佛堂面壁思过了。希望满天神佛能清洗你身上的罪孽。”方宁满脸愤怒：“他们皇后如此之好，再没有比她更加温婉贤良的皇后了，何来罪孽一说？太后就是欺负人！”瞧见方宁的愤怒。 孟棠拍了拍他的手，轻声道：“走吧。”佛堂里，孟棠跪在坚硬的地面上，柳嬷嬷特地撤去了蒲团，偏要跪肿他这一双腿，想来也是太后的意思。柳嬷嬷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太后也是为了娘娘您好，以后也请娘娘看清，以后在这后宫，谁才是后宫之主？”方宁脸色一变，他道：“柳嬷嬷，你怎可如此与皇后娘娘说话？娘娘可是一国之母，是陛下亲自迎进宫的皇后。”这话刚落，柳嬷嬷一巴掌打在了方宁的脸上。 这皇后素来软弱，想来也不敢将这种事告知旁人。孟唐连忙抱住了方宁，说道：“柳嬷嬷，这是作甚？您回去回母后，就说臣会好好跪在佛堂面壁思过，绝不会忤逆她。”柳嬷嬷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说完，高傲的离开了佛堂。待到佛堂中没了人，方宁快要被气哭了。他道：“这也太欺人太甚了！”跪着也是无事。孟唐招了招手，道：“方宁，我跪着不方便，你替我把那边的纸和笔拿来。您要纸笔作甚？” 抄佛经，方宁听令将东西拿过来。他道：“都这种时候了，您还想着抄佛经？太后不准人给您送水和吃食，这可怎么办？”孟堂找了半天没找到墨，听到这话，他怔了怔。他道：“罢了，那就这样吧。所谓卖惨，越惨越好，越惨狗皇帝看了才会越感动。”孟堂直接抽出刀，在自己手腕上割了一道，鲜红的血便流了出来。方宁一惊：“娘娘不可！”孟堂冲着他温婉一笑，他道：“你说，本宫若是用自己的血……” 为齐太妃抄十卷佛经，这诚意够不够？方宁震惊地看着他。孟堂将血挤在杯中，随后就用毛笔沾血，一字一字地开始抄写佛经。入了夜，慈宁宫里，太后躺在榻上，问皇后如何了。柳嬷嬷笑着答：“您放心，奴婢知道该怎么做，在佛堂跪着反省呢，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了。”她面色满脸的得意。嗯，皇帝没有个三五日回不来，就算陛下回来了又能如何？陛下难不成还敢公然顶撞您？太后听到这话，发出一声轻嗤。她道：“你知道吗？” 这些年，哀家就跟站在刀尖上似的，如履薄冰。听闻陛下还要将他那已故的贱人母亲立为圣母皇太后，与哀家平起平坐，岂有此理？岂是那样的贱骨头死的那般不光彩？他竟要抬他为圣母皇太后，置哀家于何地？他既让哀家不舒坦，哀家便也让他不舒坦。他最近不是对这孟家女甚好吗？柳嬷嬷笑道：“孟家女算什么？哪有资格和您比？”这话叫太后舒心极了。孟家如今一家子都窝囊得很，不复当年的凌云志气，一代比一代差，怎能和我们聂家比？ 楚艺是在孟堂被罚后的第三日回来的，一回来便直奔慈宁宫佛堂内。孟堂手微微颤抖，最后一个鲜红的字落下，身后传来一道带着担忧的声音：“紫瞳。楚艺总算回来了，他这三天佛经没白抄。”“陛陛下！”孟堂一张小脸苍白无比，唇上毫无血色，干涸到起皮。方宁哭着说道：“陛下，娘娘已经三天不吃不喝了，您快救救娘娘吧！快救救娘娘吧！”孟堂白着小脸，轻声呵斥道：“别瞎说，本宫本宫好得很。”一句话说的断断续续。 呼吸微弱，俨然已经进的气没出的气多了。孟棠虚弱的厉害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别说话了，紫瞳，楚意握住他的小手，昔日素白漂亮的小手肿大如同蒲扇。楚意眸光逐渐变得幽深，问方宁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方宁哭着答道：“先前太后娘娘说皇后善妒无能，便用戒尺打了娘娘手心四十下。”楚意将孟棠打横抱起，面色沉凝，漆黑的眼中酝酿着怒意。方宁继续道：“还不止如此，他们让娘娘跪，娘娘就跪。” 他们把佛堂里的蒲团都撤走了。陛下，您看娘娘这双腿，万一落下病根，以后都不能走路了怎么办？膝盖处一大片乌青，也跟着肿了。他们还不准下人给娘娘送水送饭，娘娘饿了整整三天啊！方宁抹着眼泪，继续道：“我想让娘娘吃些佛堂上的贡品，娘娘偏说不可，说吃了她抄的那些佛经就不成了。”男人心头某根弦被很轻的拨动了一下，荡开一阵波纹。他问：“佛经？什么佛经？”方宁哽咽着解释。 先前娘娘说要手抄十卷佛经为齐太妃祈福，娘娘便说，索性跪着也是无事，便在受罚期间为齐太妃抄了整整十卷的佛经。方宁伸手缓缓拉起孟棠的袖口，只见手腕上、手臂上到处都是利刃留下的划痕。方宁说：“娘娘说抄佛经心要诚，这样齐太妃才能在地底下过得安好，便执意要用自己的血抄。这些伤口就是放血所留下的。”方宁扑通的一声跪在地上，她哭嚎着：“上苍作证，娘娘向来温良贤淑，从未做过对不起旁人之事。” 却要受到这种搓磨，还请陛下为咱们娘娘做主啊！她一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，楚仪顾不得许多，抱起孟堂便往外走。方宁连忙抱起那十卷经书，跟在他后头。恰逢此刻，太后带着柳嬷嬷等一干宫人来到佛堂门口。太后满脸威严道：“皇上回来了。”她蓦然瞧着楚仪怀中的人，道：“陛下既已回来，怎地不来给哀家请安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后了？”楚仪脸色难看，进水进石，跪佛堂。他想起他八岁后，齐太妃死后，他被当时还不是太后的淑妃收养。 外界都说淑妃贤良淑德，可这个女人心却黑得很。楚艺寄居淑妃这儿时也是三天一小罚，五天一大罚，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惩罚她，罚她四九天里不许穿鞋，光着一双脚去内务府领奋力，天寒地冻，脚踩在满是霜雪的地面上，红肿开裂，发红流脓。罚她趴在当时还是四皇子的太后亲子面前，给四皇子当牛做马骑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作践她。佛堂她也跪过，进水进食她也受过。想起了曾经一桩桩一件件搓磨，楚艺双目猩红。 他道：“母后不说，儿臣都险些要忘了。母后曾经也对儿臣这般。”太后脸色难看。自打陛下登基后，太后每日每夜都担心楚艺会翻旧账报复自己。可是他没有，该给的他从来不少。他给了他太后应有的尊荣。他想，应当是皇帝忌惮聂家，所以不敢。可如今，楚艺那双眼里迸发出的恨意，让他胆战心惊。楚意压抑了十四年，他从未忘记过这妇人对自己做过的一切。百善孝为先，朕也想敬着母后，让着母后。你以前的那些小打小闹。 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这不代表你可以真的伤害朕的皇后。皇后是一国之母，是后宫之主，是朕明媒正娶。太后倒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皇帝这是在责怪哀家吗？皇后做的不好，哀家自然要罚，否则这后宫成什么样？他孟堂还如何做天下女子的表率？表率？”楚一笑了，他低低沉沉的声音在佛堂内徘徊。他说：“像母后这般虐待养子、攀权附势的表率吗？”你，你。 太后气得脸色发白，身体晃了晃，柳嬷嬷连忙扶住她。柳嬷嬷见此，忍不住开口：“陛下，您这话说的未免太过分。您别忘了，当初您登基，太后的母家聂家为你付出了多少努力。”楚意一双利眸霎时望向柳嬷嬷，他厉斥一声：“主子说话，谁准你开口？母后平日里就是这样教下人的。”柳嬷嬷听此，大惊失色。楚意冷漠道：“给朕压住，掌嘴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准停。这些年来，陛下一直对太后和颜悦色，导致太后宫里的人忘了。” 陛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柳嬷嬷连忙跪在太后面前，慌慌张张道：“太后娘娘，救我，救我呀、啊！”太后心中微微动容，她说：“柳嬷嬷是哀家身边的老人了，是随哀家从聂府出来的。”楚仪打断她道：“孟唐也跟了我七年。”他瞥了眼恭恭敬敬站在一旁的方宁，道：“你去找他的嘴。”方宁愕然抬起头，睁大了眼睛，他双眸里溢出了泪花，将这些天所受的委屈一股脑的发泄了出来。他扶了扶身子，道：“是陛下，奴婢这就去。”方宁走到柳嬷嬷面前。 柳嬷嬷昔日脸上的傲慢与趾高气扬瞬间不见，被惶恐所取代。李长福压着柳嬷嬷，方宁抬手，啪的一声，用力甩下，使尽了全身的力气，真是痛快。厨役看到这一幕，说：“母后，这天下是朕的天下，孟唐是朕的皇后，您罚她就等同于打朕的脸。方才这件必说，母后母家帮朕良多，莫不是真当朕忘记了登基时聂家所做过的事？当初朕被困于内都，孟家不远万里，秦王救驾，孟家人牺牲了上百人。” 家中男丁只剩下孟老将军和孟晕，你们聂家那墙头草的货色怎配与之相比？别以为朕都忘了。太后扶着门，脸色惨白。皇帝，你竟然竟然为了一个孟家女这样指责哀家？楚意冷冷看着他道、哦：“太后感念先皇，潜心礼佛，若无要事，任何人不得进出慈宁宫。这”这禁军侍卫将慈宁宫围了个彻底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太后身体一个踉跄，跌坐在地上，神情恍惚。楚意感觉到自己袖口被人轻轻拉了一下。 他低下头，看向怀中人，孟堂很轻的摇了摇头，为着臣妾动这么大的怒，不不值得。莫要莫要因为臣妾影响母子，母子情分。说完这两句话，孟堂双眼一闭，晕了过去。紫彤，紫彤，宣太医，速来坤宁宫。他抱着孟堂往外走，路过太后身边时，脚步顿了一下，道：朕当初跪了两天两夜，便已然受不住。她一个弱女子，你断水绝食，叫她在这里跪上了整整三日，你是要她的命。 说完，楚艺抱着他大步流星的离去。太后神情恍惚、迷茫的靠着门，耳边是柳嬷嬷的惨叫声。禁军侍卫将这儿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太后娘娘，陛下说了，今日起您不得踏出佛堂一步。李长福冷淡的看着他，若非顾念着那点不存在的亲情，陛下早就将太后送出宫，守先皇皇陵了，哪还能容她在这宫中享清福？坤宁宫太医开了药，楚艺坐在床边上，亲自一勺一勺的给她喂。孟堂晕了过去，那汤药总被下意识吐出来，喂不进去，楚艺便自己含了一口，极苦。 随即捧着孟棠的小脸，嘴对嘴渡了过去。汤药苦，楚依内心也跟着苦。太后的所作所为提醒他，他曾经在宫中过的什么样的日子。他伸手将孟棠汗湿发别到耳后，梓潼别怕。楚意随手拿起一旁孟棠抄写的法《法华经》，他抄得极为认真，漂亮娟秀的小楷，鲜血干涸后已经转为了深褐色。他面露无奈，看着床上躺着的人，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傻，非要用自己的血？”到了半夜，孟棠发了高热，说了胡话：“陛下，陛下，臣妾好疼，朕在。” 臣妾，臣妾还要面壁，不能叫太后和陛下为难。面什么壁？以后都不用了。朕不许，听明白了吗？臣妾没事的。方宁走进来，为孟棠换了湿透的头帕，湿着双眼开口：“关于太后娘娘，奴婢有些话不知该不该说。说，朕允了，不管你说什么，都不会治你的罪。”方宁跪在地上，重重磕了个头，道：“其实这已经不是太后娘娘第一次这么做了，只是以前做的没有这么过分。陛下还记得去年万寿节吗？晚宴上，娘娘来迟了，您还斥责了她。” 其实万寿节前两日，娘娘被太后关在了佛堂，背佛经。娘娘将十二部佛经都背了一遍，才被太后娘娘放出来。那本不是娘娘的错。还有正月十五，娘娘手伤了，没拿稳酒盏，酒水洒在了陛下龙袍上。您是不知道，那时候娘娘十个手指都被太后用针扎了一遍。她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因为实在太痛了。还有许多您不知道的。方宁快速说着，楚艺就坐在边上沉默的听。就是这些了。方宁说完，跪在地上，头伏在地面上。楚艺握着她红肿的小手，说了句：“以后不会了。” 你下去吧，是陛下。孟棠醒来时，只觉周身温暖极了。他缓缓睁开眼，醒来第一时间，他就去看楚意头上的好感值，竟一下涨到了四十五，涨了六点，这是涨得最多的一次。先前他辛辛苦苦讨好狗皇帝一个月，都未必能够涨一点。太后果然是刷好感利器。紫瞳醒了，男人说话时声音微哑，胸腔震颤。孟棠这才发现自己正靠在楚意怀里。陛下，孟棠脸色依旧苍白。楚意道：“受了这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告诉朕？若不是收到玉华宫宫女的消息。” 朕都不知道。孟棠面露惊讶，这次是真的诧异了。是萧红云的人去打的小报告。也是，他以前也被太后刁难过。他不信狗皇帝会不知，无非是不上心罢了。如今的狗皇帝，孟棠目光在那好感之上飘忽了会，忍不住笑了。有四十五了，对他应该是有点上心了，但也仅仅有点罢了。看到他还笑得出来，楚艺心里越发不是滋味。他道：“子潼，你太乖了，受了欺负也不与朕说。”孟棠轻抚了抚楚艺胸口，道、啊：“太后是您名义上的母亲，您是臣妾的夫君，为人妻者。” 自然要替夫君着想，臣妾不想因为自己而伤了你们母子间的情分。要先有情，再有情分。我同他哪来的母子情分？子彤下次遇到这种事，只管告诉朕，朕会处置。陛下，终归不好。您若与太后产生冲撞，前朝众口铄金，臣妾不想让你为难。他太懂事，以至于楚意内心生出了些许不忍来。对以前不问不顾的不忍，对那碗避子汤的不忍。李长福敲了敲门，道：“陛下，您已罢朝两日，朝堂众臣以为您出了什么事，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” 听到这话，孟唐道：“陛下，臣妾身子已无大碍，只是近日恐不能侍寝了。您快去忙正事吧，天下悠悠子民都等着您呢。切莫因为臣妾而耽误了要紧事，那臣妾可真就万死难辞其咎了。重点是不能侍寝这几个字。想到一段时间不用侍寝了，孟唐内心窃喜，用这些伤来换好感度，以及不侍寝还是值的。本也只是皮肉伤罢了。楚艺有些犹豫，孟唐瞧见了男人眼底的乌青，想来是真的守了他两日。他伸手摸了摸男人的眼睛，忍不住笑了：“瞧您都有黑眼圈了。” 一会处理完前朝事，陛下您回去好好睡一觉，莫要伤到龙体。楚意抓着他的手吻了吻，道：“有事派人去换阵。孟唐微微一笑，好，等过两日你伤好些了，我让你大哥进宫陪你说说话。孟唐目露惊喜，他连忙起身说道：“真的吗？谢陛下，开心，开心。”他满怀爱意的注视他，楚意揉了揉他的头，道：“好生歇着，伤好的差不多了才能见。”是。楚意离开后，孟唐脸上的笑意顿时收敛。 脸上爱意消失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。方宁推门而入，他道：“娘娘真是吓死奴婢了，要不是陛下突然回来，真不知要怎么办才好。奴婢好怕您出事。”方宁趴在他床前，哭得不成样子。孟堂伸手拂去他眼底的泪水，道：“别哭了，不过是些皮外伤，看着吓人罢了。本宫不是没事。”方宁哽咽道：“那是娘娘吉人自有天相，连老天都看不过眼，这才让陛下及时赶回来。来，手给我瞧瞧。”孟堂抓着他的手，他微微蹙眉，道。 手都打红了，你这傻丫头！方宁扑哧一声笑了。她说：“这有什么？您不知道，奴婢打柳嬷嬷的时候，心里可别提有多痛快了。陛下特地让奴婢去打，想来就是为了给娘娘长脸。陛下待娘娘是真的好。如今陛下和娘娘情投意合，情深如许。您不知道，在您昏迷这两日，陛下是衣不解带的陪在娘娘身边，太医劝都劝不住，照顾了您整整两日两夜。奴婢再没见过陛下对谁这么好过。”孟堂语气却很淡：“他是这样吗？” 您昏迷期间，我和陛下说了许多太后曾经对您做过的事，陛下许诺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了。狗皇帝的话怎能信？更别说是一位生性多疑的狗皇帝了。方宁却很高兴，前几年娘娘在宫中过得不容易，您这个皇后谁都没将您放在眼里。如今啊，眼见着陛下对娘娘越来越上心了，奴婢是打心眼里替娘娘您高兴呢。好了，别说了，陛下心思岂是你我能够揣摩？去，把那瓶玉露膏拿来，你这手肿了可就不好了，须得抹一抹。方宁受宠若惊道。 那药那般珍贵，是陛下特地派人送来给娘娘治腿的，本就不多，奴婢怎能用？本宫的话你也不听，要哪有人重要？方宁红了眼，她乖乖将那一小瓶珍贵的药拿了过来，孟堂挖了点，在她手心细细的揉着。见此，方宁忍不住哭了，感动不已。娘娘真的很好，这般好的娘娘，值得被皇上捧在手心上宠着。她就是下辈子做牛做马，也要再侍奉娘娘。娘娘，奴婢愿意为您上刀山下火海，赴汤蹈火。方宁红着眼眶说道：“皇后娘娘醒了吗？” 臣妾特地命人熬了些补身子的汤，想见上娘娘一面，希望娘娘能够凤体安康。萧红云人为之而生，仙道，她语气轻快自在，脸上容光焕发，眉眼间神采傲然。方宁说：“您都伤成这样了，她倒是心情好。”孟堂低斥了一声：“日后不得这般说萧妹妹。先前若无萧妹妹找人递话，陛下哪能那么快回来？”方宁脸色一变，低下头道：“奴婢知错了。”萧红云走进来，孟堂挥退了下人，她虚弱的坐在床上，道：“本宫如今身子虚弱，叫妹妹见笑了。” 萧红云替他掖了掖被子，说：“娘娘不必如此，这是妾身命人给您熬的莲子银耳羹，您快尝尝。”萧红云将银耳羹从食盒中取出，孟堂没有犹豫，拿着勺子一口一口的喝着。萧红云目光闪了闪，先前孟堂送东西给他时，他顾忌这顾忌那，怀疑孟堂给自己下毒，不敢入嘴也不敢用。如今自己送来东西，孟堂却是毫不犹豫就喝了下去，一点也不怀疑自己会下药。他确实是品性高洁的。萧红云想，可萧红云咳嗽了两声，说道：“娘娘别误会。” 妾身过来，不是想和娘娘您示好。孟棠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，本宫明白。先前娘娘帮了我一次，如今我也帮了娘娘一次，我与娘娘之间两不相欠了。嗯，多谢妹妹此番解围。”萧红云却轻嗤一声，语气轻蔑道：“你这皇后怎做得如此窝囊？既你母亲与我母亲是手帕交，如今我与娘娘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统领后宫不能太过懦弱。你可知外界是怎么传你？传你懦弱无能，人善可欺。”萧红云想起那日嫔妃们说过的话。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你这皇后做的又有何意思？被太后打骂，被嫔妃起脸，长此以往，后宫谁人能够服你？若娘娘做不好这皇后，大可退位让贤。红云在这里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：若我有陛下这恩宠，我必然是要入主中宫的。唯有雷霆手段，方能镇住下边的人。孟家世代为将，孟家的女子也多利落彪悍，怎生出了你这么个软性子？萧红云说的不客气极了，这等大逆不道之语，若旁人听见，只怕要吓破了胆子。可孟堂却一点也不计较，他道。 妹妹说的是，萧红云怎么一点也不反驳她？你倒是反驳啊，倒是说以后会站起来啊，不会再任人欺辱啊，怎地这般软骨头？孟堂搅了搅碗中的银耳羹，道：“妹妹想要这恩宠，也不是做不到。”萧红云目光一闪，哦，既然妹妹先前已在陛下面前跳过掌上舞，过几日宫中小宴上，妹妹可假扮舞姬献舞。近日陛下思念其太妃，若是看到妹妹的舞姿，必然会触景生情。萧红云却皱着眉道：“你确定此法可行？万一触景生情没有？” 反倒是惹了陛下的厌。要知我先前穿云英子裙时，陛下可差点没将我打死。孟唐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富贵险中求，是触景生情，还是心生厌恶，全看妹妹武技如何了。”对自己的武技，萧红云还是很有信心的。她挺了挺胸，道：“这京城，臣妾武技若自称第二，想来没人敢称第一。”孟唐忍俊不禁，将最后一口银耳羹喝完，道：“妹妹如此自信，自然是好的。”萧红云皱了皱眉，问：“你为何如此帮我？那我岂不是又欠了你人情？”孟唐摇了摇头。 这算什么人情？上去献舞的又不是本宫，况且此法也是很有风险的，单看妹妹如何抉择了。她只是不想伤好后还侍寝，和侍寝比起来，她宁愿每月被太后虐一次，掌拨好感，而不是辛苦侍寝一个月，好感纹丝不动。妾身明白了。萧红云，速速起身，转身离开。萧红云出了坤宁宫的门，不对啊，她此番过来，明明是为了嘲笑皇后，怎么反过来又被皇后给提点了？这也太温婉贤良了，重伤中还出谋划策，为嫔妃争宠。坤宁宫里，方宁看到她手上的碗。 忍不住皱了眉，担忧道：“呀，娘娘，您怎可随意食用他人送来的东西？万一里面有毒怎么办？”孟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放心，他不敢收买人心罢了。且萧妃蠢是蠢了些，下毒，太高看她了。孟家一家子都护短，自打孟家人丁凋零后，孟家更是将孟唐这唯一的嫡女捧在手心上护着。而孟唐这么些年来，对孟家基本也都是报喜不报忧，除艺没有食言，在五日后，孟唐能下地了，便安排孟晕进宫。孟晕如今是锦衣卫百户。” 正六品，要知孟家有秦王救驾之功，孟老将军担任一品骠骑大将军。然而上交了兵权，被困于京中的骠骑大将军，不过只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职罢了，位高而无实权。对此，孟家没有丝毫不满，反而笑呵呵的为皇上分忧。儿子，老子都这样，也不怪乎外界说孟家失去了血性。唐儿，哥哥来见你了。孟云带着一个小太监，兴高采烈的走进了坤宁宫。孟唐连忙起身，带着人迎了过去。他双眼一亮，叫道：“哥！”孟云一瞧见他，眼眶登时红了。他道。 唐儿瘦了，瞧这小脸白的。你向来是个报喜不报忧的性子，大哥知道你在宫里过得其实并不好，都怪大哥无能，让你嫁进皇家，深受搓磨。孟唐安慰他：“谁说我过得不好了？陛下如今宠着我，你看，陛下允许你进宫来看我，其他嫔妃可有这么好的待遇？”他握着妹妹的手，深知她是在安慰他，无奈道：“你呀、啊。”他看了眼四周，道：“唐儿，为兄有话想与你说，可否进屋单独聊聊？”孟唐点了点头，进了屋，关上门。 孟晕还未开口，只见孟晕身边站着的小太监连忙摘下了官帽，叫了一声“唐妹妹”。孟唐眸子微微瞪大。孟晕无奈道：“你怎地这般迫不及待？别吓坏了唐儿。”方婉意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是我唐突了。”孟唐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满脸震惊。他还记得这个人，此人是原主的青梅竹马，曾经定有婚约。楚一登基后，放心不下孟家，想拿捏孟家，便一纸圣旨娶孟唐进宫，入主中宫。原主在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哭死过去。大半夜去找方婉意。 想让方婉意带自己走，欲和方婉意私奔，可方婉意是个优柔寡断的，他放心不下家里人，不想因为孟棠而遭受灭顶之灾，便拒绝了原主的请求。原主难以置信，这个口口声声说爱他的男人，竟然不愿意为自己孤注一掷。加上婚期再近，感情受挫，原主不想嫁给是杀的楚意，万念俱灰之下跳水自尽了。这才有孟棠穿过来这茬。孟棠铁青着一张脸，怒斥了一声：“哥哥，你带他来是何意？你可知被陛下知道了，这可是杀头之罪。”哥哥，你糊涂啊！孟云摸了摸头。 苦恼道：“唐儿，你听我说，我也不想啊。可得知我能进宫见你后，这家伙在我院外跪了整整四天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死活非要见你一面，扬言我不带他进来就要吊死在我家门口。他一脸晦气。孟唐对方婉意是一点好感也没有。比起楚意，眼前这个人才是逼死原主的罪魁祸首，是他让原主万念俱灰，心生死志。他们青梅竹马十四年，平日里口口声声说着爱，真大难临头了各自飞。若不是原主死了，他未必会穿越过来。想来现在还在现代家中吃香的喝辣的。” 唐儿，七年了，你入宫七年了，我有话想和你说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方婉意上前，孟云见此，尴尬地站到一旁去。孟棠抬手打断他，道：“我与你没什么话可说。”唐儿，我知昔日是我怕事，是我不成熟，导致你入了宫，你怨我恨我也是应该的。七年过去，我想了很多，想你在这宫中过得如此艰难，想你日日如履薄冰，我便心中绞痛。是我错了，是我昔日的胆小如鼠铸就了你的今日。孟棠冷笑道：“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本宫乃中宫皇后。” 与你已无半分关系，方公子如此实在不妥，请回吧。唐儿，我如今已经知错。当我得知你在宫中受到重伤时，我恨不得以身替你。唐妹妹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能为你上刀山下火海。我愿带你离开皇宫，远走高飞。上刀山下火海，方宁也对他说过这话。他信方宁，却不信方婉意。当初弃原主不顾，如今做出一副深情的模样给谁看？坤宁宫外，皇帝御驾停下，太监正要通报，楚役比了个手势，说道：嘘，不必通报。 皇后身子重伤出，出狱莫要惊扰了皇后。是陛下。楚意走到殿门前，下人们恭敬的候在院中。楚意问：“怎么都站在外边？”方宁答道：“今日孟晕、孟百户进宫来看娘娘了。这回两人正在里面说着话呢。”楚意挑了挑眉，正欲开口，他就站在门前，加上耳力非凡，登时听到了屋内孟唐的娇笑。孟唐发出一声轻笑，开口：“哦，你说要带我走，你家里人怎么办？孟家人又要如何？”方婉意连忙道：“自然是跟我们一起走。” 谁不知道圣上残忍嗜杀？看你过得这般不好，我心中实在心痛。这次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一双腿险些废掉。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唐儿，你看看，当今圣上给了你父亲一个一品虚职，让子枫在六品百户上虚耗着，他可有半点将你放在心上？孟家昔日那般帮他，他却恩将仇报至此。唐儿，你真的能甘心？孟家能甘心？孟云连忙道：“我很甘心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不用你替我卖惨了。我特别喜欢我现在的职位。” 记得孟兄昔日有凌云之志，说要掌管朔北军，成为新的草原霸主。可如今呢？如今在京中招猫逗狗，就是你所愿？孟云脸色登时冷了下来，他道：“招猫逗狗又如何？我能在京中招猫逗狗，说明国泰民安，圣上将国家治理的很好，我才有机会在京中招猫逗狗。”方婉一听此，满脸失望道：“你分明不是这样想的，你以前分明不是这种贪图享乐之人，你又是什么意思、啊？我妹子嫁进宫前与你是青梅竹马，满心满眼都是你，结果你呢？你畏惧皇权。” 胆小怕事，逼得他投河自尽。如今我妹子已经成了中宫皇后，正得陛下圣眷。你如今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可是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啊！子枫兄，孟云忍无可忍道：“你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？我妹子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如今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我妹子现在已经是圣上的人，你这是在害她，不是在救她。你明白吗？”方婉一泣不成声：“子枫，唐妹妹，我真的没有机会了吗？可唐妹妹在宫中过得如此之苦。” 我又怎么放心得下？方婉意满脸泪痕的望向孟唐，道：“你本可以幸福，本可以一生无忧。”孟唐语气里充满了嘲讽。他说：“是，我也本以为我可以幸福一生，我如今才知晓，没嫁给你是对的。真嫁给你，以你这薄情寡义的性子，未必能给我想要的生活。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你我不是夫妻，都尚且各自飞。如今后悔太晚了，方婉意，太晚了，你的存在只会害了我。”方婉意道：“唐妹妹，你只需要告诉我。” 你爱陛下吗？孟唐不语。你不爱他是不是？方婉意急切的追问道。孟唐说：“爱不爱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我希望唐妹妹这七年搓磨都是值得的。”孟唐为了能够让方婉意死心，让他以后不要再来骚扰自己，便道：“自然是爱的。你不知道，陛下是顶天立地的真男人，这世上只有他能够护住我。”方婉意顿时脸色煞白。孟唐继续道：“前些年我过得确实不好，那时我与陛下生分，没有感情。可这两年来，陛下视我如珠如宝，我绝望时。” 我受伤时你在哪？陛下比你好一千一万倍，他总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你明不明白？方婉意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不明白。难道我们以前青梅竹马的快乐时光都是假的吗？”门外，楚艺忽然对方宁道：“想来说了这么久，兄妹俩也该口干舌燥了。方宁，你去沏一壶上好的茶水来。”方宁扶了扶身子，道：“是，陛下。”待到方宁沏了茶过来，楚艺主动伸手接过，道：“我来吧，你下去。”是。楚艺敲了敲屋门，抬高声音道：“子潼。” 朕来看看你，听闻大舅子也在，朕能进去吗？听到这话，屋内人齐齐一慌。孟棠故作镇定，他警告地看了方婉一眼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够了，陛下来了。”方婉意连忙小声说道：“唐妹妹，我知道你现下说的都是气话，我给你时间考虑。我不信我们十四年的情分是厨艺能够比得上的。下月初八，宫中小宴，我会在太液池去和园等你。”说完，便戴好官帽，退至孟云身后。孟棠与孟云一左一右坐在红木榻上，中间隔着一小桌。方婉意站在下方。孟棠道。 陛下说笑了，臣妾这儿您想来就来，何须如此客气？楚仪眯了眯眼，忽地笑了，推开门走了进来。孟云连忙起身，朝他行礼。大舅子不必多礼。楚仪目光在孟唐和孟云之间打量，最后落到了方婉仪身上。孟唐笑着道：“哥哥，如今我人你也见了，我好得很呢、啊，身上伤也好全了，你无需担心。线下看也看了，话也说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吧。”孟云也怕方婉仪作死，便点了点头。陛下，臣就不打扰您和娘娘了，臣告辞。楚仪点了点头。 待到二人离开，楚艺坐上榻，问：“和大舅子聊得可开心？”孟唐笑着说道：“家兄还是那般没心没肺，担心臣妾被人欺负了去。有陛下在，臣妾好得很呢、啊。”楚艺伸手，粗糙的掌心在他脸上轻轻抚着，一阵麻痒升起。楚艺道：“朕以后会让大舅子进宫，多多陪你。”孟唐眼里露出欣喜来，他说：“多谢陛下。”孟唐脑子就在转动，不知楚一方才在外面有没有听见他和方婉意的谈话。孟唐重伤出狱，他本以为楚艺会顾及他的身体，这段时间不用再侍寝。 没想到当晚就来了孟唐这儿。孟唐内心是拒绝的，但偏要做出一副惊喜的模样。楚艺和孟唐说了会国事，孟唐佯装听不懂。楚艺说：“今日朕收到了弹劾户部方侍郎的折子，方婉意便是户部侍郎方城之子。”孟唐讶异地望向他，不知他说这话是何意。听闻早年孟家与方家曾是姻亲，朕的梓潼和那方城之子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感情深厚，是朕棒打鸳鸯了。陛下说的哪里的话？那方城之子本也不是良配，我父兄自是知道这一点，才会把我许给陛下的 孟棠靠在楚仪身上道、哦：“再说了，我虽与那方婉意有过婚约，可我与他之间却是清清白白，天地可证。陛下信不过他，难道还不信臣妾吗？”他语气轻柔，楚仪心中却不舒坦，想起白日里方婉意说过的那些话，内心更是升起一股无名火来。听那话的意思，话里话外都在说孟棠对他的感情不及方婉意。他前几年的确对孟棠不上心，可今时不同往日。孟棠凑过去吻了吻男人的喉结，道：“陛下，自打臣妾嫁给您后，臣妾心中就只有您。” 在臣妾心里，您才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。想起白日里方婉意左一句堂妹妹，右一句堂妹妹，楚意心中不是滋味。男人躺在床上，垂眸望向怀中人，这双朱唇他可尝过，这具柔嫩身体他可见识过，这满怀爱意的眼神可曾用在他身上过？方婉意感激于他的皇后，楚意眸中闪过一抹杀意。外界都说陛下是杀暴虐，可只有臣妾知道，您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害人性命。您杀一个人，一定是有理由的，只不过旁人不知其中缘由，这才误会了陛下。 他现在就很想杀了方婉意。陛下登基八年，大雍风调雨顺，海晏和亲，都是陛下的功劳。能够嫁给这样的陛下，成为您的皇后，大抵是臣妾上辈子拯救了人间，才换来了这么好的福气。他小嘴太甜，这么甜的朱唇，他方婉意一定没尝过。楚意想，今夜楚意实在太热情了。孟堂皱着眉，腰部以下又疼又酸。在气氛达到巅峰时，楚一双臂支撑在他身侧，问紫潼：“朕比你大了一岁，你唤我一声一哥哥可好？”楚意登基八年，如今二十二。 她是在十四岁那年嫁给的楚艺如今已过七年，楚艺确实比她大上一岁。孟棠抱住男人的脖子，将他用力拽向自己，柔软的朱唇在那薄唇上吻了又吻，蹭了又蹭，唤了一声“一哥哥”。男人满意勾唇，床榻传来吱呀一声轻响，帷帐晃动。一早，楚艺去上朝，孟棠照例喝完补药，他寻思着楚艺昨日的反应，换来方宁。昨日我与哥哥在屋内谈话时，陛下在外面站了多久？方宁想了想，道：“站了好一会儿，又让奴婢沏了壶茶。” 说是不想打扰娘娘和孟百户谈心，才在外面多等了一会。于是孟唐心里就有数了，这话纯属放屁。楚意定是听到方婉意那些话了，怪不得夜里会多番试探他。楚意有大多数君王的劣根性，多疑。他若想继续刷楚意的好感，须得让他放下心，打消他的怀疑。下月初八，宫宴那日是个好机会，楚意将宫宴的一干事宜交给了孟唐打理。孟唐是个能干的皇后，鲜少在这些事情上出错，也只有年初那会因为手疼不小心将酒洒在了楚逸龙袍上。 初八当日，楚艺不止宴请了王公贵族，还请了诸多朝臣。孟唐和楚艺坐于高座之上，嫔妃们按照位分坐在两旁，在下方则按照官员的职位大小依次而坐。乐师奏乐，乾清宫内一派喜气洋洋，只是缺了萧妃和太后。孟唐对楚艺道：“萧妃说她今日身子抱恙，便没来。”楚艺点了点头，敷衍道：“抱恙便让她好生歇着吧。”而太后为什么没来，几乎满后宫的人都已经知晓，是因为体罚皇后惹怒了陛下，被禁足在了慈宁宫。皇后温婉大方，陛下威严轩昂。 实乃绝配。下方方婉意看到这一幕，又是嫉妒又是悔恨。七年时光没从孟唐身上夺走任何东西，反倒是叫他越发风韵犹存、美艳逼人了。这样的美人本是他的，他与他本是青梅竹马。宫宴进行到一半，孟唐说：“宫中舞娘来了个新人，特地为陛下排了一支新舞。”楚意兴致缺缺，只惦记着那日方婉意和孟唐的对话，说是今夜太夜，持曲和元剑。楚意瞥了眼身边的皇后，虽皇后对他深情如许，但方婉意说的没错，孟棠与方婉意是十四年的情分。 他真能比得上？孟棠当真能放下他？楚艺自小没感受过多少温暖，自是不信任任何人，也不信会有人全心全意爱着自己。他打算试一试他的真心。正这样想着，大殿中央忽然出现一人，那人紫色纱巾蒙面，身着一袭云英紫裙，美轮美奂。楚艺目光顿时被吸引了过去，他仿佛看到了母妃在世，那女人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舞步，皆带着当年母妃的风韵。孟棠瞥了眼身边的楚艺，心想稳了，萧红云这一舞跳的极妙，自己今夜肯定不用侍寝了。 楚艺那般思念其太妃，定会对跳这舞的女子上心。不得不说，萧红云确实是他见过跳得最好的。这一步棋走得很成功。待到一只掌上舞跳完，大殿中央的舞娘款款上前，对楚艺行了个礼：“奴见过陛下。”楚艺抬了抬手，他心情显然变好了，语气也柔和了下来，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芳龄几何？”四周嫔妃们皆讶异地望向那舞娘，目光里有嫉妒，有不甘。萧红云缓缓摘下面纱，露出了柔美的面容。她眨了眨眼，道：“陛下，是臣妾。臣妾今日的献舞。” 陛下可喜欢？这一下楚艺是真的惊讶了，没想到萧红云能有这份心。他笑着说道：“爱妃今日称病不来，原是在这等着，当真给了朕好大一个惊喜。”萧红云目光灼灼，问：“那陛下喜欢吗？”楚艺朝他招了招手，道、啊：“坐到朕的身边来。”萧红云听此，心里高兴极了，这还是他进宫后，陛下第一次对他这么和颜悦色。他瞥了孟棠一眼，心想：“你可不要怪我，这都是你让我做的。”提着裙，高兴的来到楚艺身边落座。孟棠问：“陛下喜欢吗？” 萧妃妹妹为了今日日日夜夜都在苦练，当真是用了心。楚艺握着孟棠的手，又想到了方婉意，笑容变浅了些，说道：“朕很喜欢，想来也是皇后的主意吧。”孟棠连忙摇头道：“这次陛下可是猜错了，这是萧妃自个拿的主意呢。”萧红云没有解释，既然孟棠想将这份功劳给他，那他就接着。他想，天下间也只有孟棠这一个傻女人了，不争不抢，将自己的男人送到旁人身边。皇后果真深情至此，连自己的男人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也不吃醋。 萧红云不明白关于孟唐，他有很多事都想不明白。楚艺眯了眯眼，道：“爱妃今夜这支舞甚妙，朕今晚去爱妃那，爱妃多为朕跳几次。”萧红云听到这句话，登时喜不自胜，微微瞪大了眼，起身扶了扶身子，道：“陛下谬赞了，那妾身便等着陛下了。”嫔妃们看到这一幕，捂嘴轻嘲：“这萧妃真是好手段。”皇后累死累活筹办这寿宴，没等来陛下一声夸赞，萧妃随意跳一支舞，便是龙颜大悦，可不是？要我说，皇后娘娘太好脾气，太好说话，整个一受气包。 下方，方婉一看到这一幕，听到这席话，极度转为了怒火。孟唐虽然看上去是一国之母，位高权重，风光无比，然而帝王的身心怎可能是他一人呢？陛下左拥右抱，后宫嫔妃更是数不胜数，哪能真的爱孟唐呢？帝王最是多情，多情便是无情，而只有他这么多年来只钟情于他一人，连侍妾都不曾有过，何人能做到他这地步？想来孟唐那日说的都是气话。宫宴散了，孟唐起身回坤宁宫，路上。 一旁的假山后面忽然冲出来一个小婢女，方宁立即呵斥：“大胆，何人敢拦皇后的凤辇？”那婢女跪在地上，频频磕头，说道：“是一位姓方的公子找到我，说让我将这封信递给娘娘。娘娘看了便明白，呈上来吧。”孟唐淡淡道：“是，娘娘。”孟唐打开信里只有一句话：“我在曲何堂等你，你不来，我就去坤宁宫找你。大不了一死。”孟唐笑了，用死亡威胁他，真以为他的命金贵得很吗？他怕的是他发疯连累到他，若真让他来了坤宁宫。 被楚艺知道了，会大事不妙。他辛辛苦苦刷的好感值，只怕会一朝回到解放前。他得私底下解决这件事，让楚艺彻底放心，让方婉意不再作妖。又想到今夜楚艺去了萧红云那，不会管他。思索一番，便道：“方宁，你带人先回坤宁宫，我有事要办。”方宁没有多问，娘娘虽柔弱，做事却向来有自己的分寸与道理。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太液池，曲和园。方婉意被侍卫压在地上，他面前出现一道明黄的袍角。楚艺低沉的声音里暗藏杀机：“方小少爷。” 可知萧静后在宫中逗留可是死罪。楚艺声音森冷，方婉意压下心中的恐惧与酸意，说道：“陈参见陛下。”声音不卑不亢。楚艺被他这态度惹笑了，然笑意却不达眼底，语气里带着嘲讽：“方小公子这么晚了不出宫，难不成是这曲和园的风景格外好，引得方小公子半夜都流连忘返？”方婉意身子伏在地上，他今晚喝了些酒，有些上头，双眼泛着红，说道：“皇宫里自然样样都是好的，人也是好的吗？”楚艺眉眼冰冷，方婉意猛的抬头，楚艺却自他身边走过。 在一旁的石凳上落了座，李长福递来一盏茶，楚仪晃了晃杯中的碧螺春，问子枫啊，听闻你家曾和方家是世交，你来说说，遇到这种情况，朕该怎么办？黑暗的角落里，有人穿着猩红的飞鱼服走了过来，孟晕半跪在地上说，陛下秉公处置即可。好，爱卿，今日若不是你主动告诉朕，朕还不知道方小公子大晚上不回家，在朕这曲河园闲逛呢。楚仪起身，伸手捏住孟晕的下巴，道，朕的大舅子总是向着朕的，他脸上虽带着笑。 然语气里却没有丝毫笑意。楚一松手，大发慈悲的说了句：“平身吧。是”是陛下。方婉一听到这席话，顿时跟疯了一样，死死望向孟云。他愤怒道：“子枫，是你，是你告发的我。”孟云却语气平静，他道：“方兄，现下已是宵禁，你在宫中逗留实在不妥。我也只是照例行事罢了。”方婉一吼道：“你明知我为何要逗留于此？”孟云听到这话，脸色一变。他那日听到了方婉一约孟棠再次见面。 依他妹子小心谨慎的性子，定不会来。但方婉意这般执迷不悟，实在该给他个教训，得让他死心才是。于是孟云便私底下将方婉意宵禁逗留一事告知了陛下，他得让方婉意知道怕，知道躲，再也不敢招惹孟唐。孟云上前一巴掌狠狠打在方婉意脸颊上，他声色俱厉道：“我怎会知你为何要逗留于此？”方婉意被这一巴掌打得进了会，方兄今晚莫不是喝多了，都开始胡言了？方婉意听到这话，机灵了一下，酒醒了。不远处坐着的帝王，他唇角噙着浅浅的笑。 他雍容华贵，带着胜券在握的气度，他像是看好戏一般看着不远处二人。楚艺随口道：“哦，你为何要逗留于此？”方婉一脸侧被打得红肿不堪，他嗫如开口：“因为，因为屈和园的荷花开的甚美，臣很喜欢，一时看痴了，误了时辰。”楚艺唇角笑意消散，声音冷漠：“这荷花开的再美，也是朕的，没有朕的允许，朕不会允许旁人觊觎。”这话让孟云和方婉一齐齐一惊，他像是对这出戏厌了倦了，眼睑微敛，道：“李长福，上一个敢觊觎朕东西的人。” 最后如何了？上一个随意挪用赈灾款的人死相惨得很，一刀一刀落在那人身上，鲜血淋漓。李长福至今都记得那景象。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让人活剐了那种饱私囊的蛀虫。李长福低着头道：“被陛下活剐了。”楚意放下茶盏，说了句：“行，那便照着上次来，活剐了罢。既是孟爱卿告发的此事，便由孟爱卿动手。”孟云和方婉意脸色俱是一变，方婉意忍不住颤抖了起来，喘着粗气，想说的话语堵在了嗓子口。孟云连忙跪在楚意面前。 陛下，怎么？你不愿？孟云身体僵硬，他道：“臣臣恕难从命。臣这把刀可为陛下杀宿敌，可护陛下平安，唯独不能沾上忠臣良将之血。”楚意伸手重重拍了下桌面，道：“你抗旨不尊，求陛下饶方婉意一,一命，可下狱，可流放，任凭陛下处置。”方婉意淡淡道：“罢了，要杀便杀罢。陛下如此视人命如草芥，我死了便死了。”孟云回过头呵斥一声：“住嘴！” 孟晕本就是个心地善良、心软如棉的人，否则那日方晚意也不会以死相逼成功，让他带他进宫了。楚意冷冷道：“子枫可要想好了，这回朕只要他一个人的命。过会这曲和园，若是来了旁人，恐就不止要他一个人的命了。”方晚意脸色大骇，他知道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。孟晕脸色也同样不好看，即便如此，孟晕依旧冲着他深深磕了个头，求陛下看在方侍郎劳苦功高、膝下唯有这一个爱子的份上，饶他一条性命，莫要要方家断了后。楚意目光平静地盯着他看。 然这平静下却酝酿着滔天怒火。孟棠提着灯笼走来，四周无人，唯有曲河园的湖畔前站着一位年轻男子。那人眼若星辰，许是喝了酒的缘故，脸颊浮现些许绯红。孟棠走过去，唤了声方婉意。方婉意回过头，他眸中上带着酒意，如痴如醉的看着他。唐妹妹，你真的来了。孟棠忍无可忍道：“方婉意，你到底幼不幼稚？用死你能威胁到谁？若不是我今日想与你说清楚，我是死也不会来的。”男人朝他走去。 脸上带着些许委屈，说：“唐妹妹，我只是想好好见上你一面。他进，他便退。他怒道：‘我不想见你，你明不明白？我如今是皇后，是陛下的女人。我们以前纵然是青梅竹马，那也都过去了。是你自己不要我的。如今我在这宫中过得很好，陛下也对我很好。你不要再来烦我了，可以吗？’”殊不知，孟唐在看到他的第一眼，在看到他身边的好感进度条时，便知道了此人是谁。这个世界只有楚艺身上有这么一根好感进度条，旁人都没有。 眼前的方婉意是假的，楚意易了容，在试探他的真心。孟唐内心镇定，继续道：“你是不知道陛下待我有多好，有了这么好的陛下，我还念着旁人，还朝三暮四，才是真正的不知好歹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只钟情于陛下一人。至于你方婉意，我对你是一点情分也无了。少拿过去那些事来试图打动我，你与陛下相比，就是个伪君子。”楚意身旁的好感进度条缓慢地往上涨了一格，四十六。屋内，方婉意被封了嘴。 被禁军侍卫恶狠狠压在地上，他听到这话，双眸渐渐瞪大，随后眼眶发红，就这么哭了出来。孟云听到这话，也渐渐放下心来。他瞥了方婉一眼，松了口气，对他道：“你该死心，爱不是纠缠，不是死缠烂打，是成全，你明不明白？”方婉一趴在地上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狼狈不堪。而屋外，太液池边上，厨艺和孟棠一左一右站在那儿。厨艺问道：“可我放不了手，唐妹妹，我知道当日我错得离谱，如今回了头，我放不了手。” 这些年纪中不是没有给我相看过女娘，可我都看不上眼。我心里唯有你。他深情款款的看着他，孟唐暗骂了一声：“狗皇帝这戏精。”他便和他一起演。孟唐冷漠道：“那又如何？你不过是求而不得，执念所化罢了。若我真和你在一起，你未必会珍惜。”厨艺上前试图抓住他小手，孟唐反应很大地后退了一步，扬声道：“方公子自重，我已为人妻，你可知当初因为你不要我，我心如死灰跳了水。当时我便决定，既你不要我，我就再也不要你。回了头又怎样？” 你以为浪子回头的戏码人人都会感动吗？方婉意，你错了。我被你舍弃后，陪在我身边的是陛下。我被人欺凌之时，为我出头的是陛下。所有人都说我不堪皇后重任，唯有陛下夸我温婉贤良。他为了我不顾母子情分，与太后产生嫌隙。他付出良多。我是人，是人便会感动。我已经发过誓，要将余生都献给陛下。已经不住考验，大难临头了的自妃，陛下却能为我一人斩妖魔、是鬼神。你说说，你要如何与他比？楚艺眸子听到这话，眸子微沉。 他三宫六院，嫔妃众多，如何能做到只爱你一人？你可知今日在晚宴上，我看到他左边坐着你，右边坐着嫔妃，我心里有多愤怒吗？纵使他一时待你好，陛下始终是陛下，他身心又怎会给你一人？你也知道你三宫六院。孟棠面无表情道：“那又如何？他是陛下，是大庸的皇帝，我是皇后，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即便后宫百花齐开，我也是唯一的那朵牡丹，是百年后能和他同棺之人，旁人都不配。”唐妹妹。 我愿意为您设下一切，父母、家族这些我都不要了，我只想要你。我愿意带你私奔，天大地大，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处。我不像楚艺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纳妾，只会有你一个妻子。唐妹妹，孟唐伸手止住他欲要靠近的身体，连连后退道：“方晚意，你还要逼我到何时？我已经向前看了，我很满足我现在的生活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那我直接说了，我烦你，厌你，恶心你，离我远一点，可好？算我孟唐求你。”男人听见这话。 目光不经意间瞥了不远处的屋门一眼，厨艺用力攥住孟唐的手腕，说：“不，我不信。”他像是怒急气红了眼，演的还挺像。孟唐内心冷笑，一把推开他。他道：“昔日我因为你想不开跳水自尽，如今我已是皇后，你百般纠缠，想让我被人抓住把柄吗？你可知若是陛下知道了，我与你会如何？我与你会如何？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陛下会如何看我？我不想叫他生气，不想让他难堪，你懂不懂？”厨艺将他往怀里捞。 他身上带着酒气，急忙说道：“唐妹妹，唐妹妹，你怎么可以处处想着他？你以前明明喜欢的是我。”孟唐受不住这般大的力，心道：“楚意到底想要如何才能彻底安心？”他曾因为方婉一跳湖自尽了一次，孟唐明白了，方婉一有的，他楚艺也享有。孟唐闭了闭眼，做出一副不堪重辱的模样，他轻声道：“方婉一，你这般轻辱我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我就算死，也不会让除陛下之外的人碰我。”说完这话，孟唐重重咬了下舌头，传闻咬舌自尽很疼。 真的很疼，他只是眼，只是想咬出点血，可还是被疼到了。他脸上的痛苦不是装出来的，小脸煞白，一丝血缓缓从唇角溢出。楚艺眸光暗沉，他缓缓松开了孟棠，孟棠跌跌撞撞地向后退，就这般厌我。孟棠一张嘴，又是一大口血往外冒，染红了他身上月白的长裙。他说，是一副宁死不屈的样，就这般爱楚艺。孟棠掷地有声道：“是。”他点了点头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，道：“你走吧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打搅你。” 孟堂冷冷瞧了他一眼，提着裙转身离去。楚艺在原地站了很久，注视着他离去，直到瞧不见人，直到月色被云遮蔽。楚艺动了，他走向院中小屋，打开门。楚艺居高临下，像赢了百万豪赌一般，心情前所未有的好。他缓缓笑出声来，笑声嘶哑，逐渐放大，越笑越是满足。楚艺伸手扯开堵住方婉一嘴的粗布，问：“可满意了？”方婉一坐在地上抽噎不已。楚艺像个胜者，洋洋得意地炫耀他的战利品。他宁死也不肯让你碰一下。 朕的皇后品性高洁，你想吃回头草，找错了人。楚一心情好，心中那股暴力是杀的情绪缓缓被压下。他忽然觉得不杀也好，不杀留着看他们夫妻恩爱，帝后和鸣，叫他日日活在后悔与痛苦中，岂不是比杀了他还要大快人心？孟唐那般爱他，一辈子也不会背叛他。一个小小的方婉意算得了什么？连情敌都算不上。方婉意脸上沾了泥土，狼狈不堪。孟云看到这一幕，放下了心，心知皇帝不会再要他的命。方婉意悔恨道：“我一步错，步步错。” 哈哈哈！哈 <laughs> 家人已入他人怀，人不如故，旧人不待我，我该何去何从？孟晕被他这句话酸到了，忍不住骂道：“我管你何去何从，以后莫要再挨我妹子。”说完，才想到皇帝还在一旁，连忙半跪着请罪：“陛下，是臣建越了，臣一时口不择言，厨艺不在意道，朕的大舅子说的很对，无需在意，起来吧。”他亲自将孟晕扶起。他心情好时叫他大舅子，心情不好了便是爱卿。 其实，在孟棠出现在曲和园时，孟云还是很怕的，怕孟棠真的对方婉意余情未了。好在，好在他妹子是个拎得清的。只不过今晚孟棠虽已经向陛下表明自己的决心，终究是与外男私会了，实为不妥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孟云担心楚意会在意这一点。楚意瞥了方婉意一眼，道：“方小公子还是赶紧回去吧，免得方侍郎年纪一大把了，还要操心你的安危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楚意便抬脚跨出门槛，扬长而去。禁军侍卫们也离开了。方婉意跌坐在地上，孟云将他扶起，她道。 方兄，我只能帮得了你这一次。我妹子也险些被你所害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若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了。说完，孟晕拍了拍衣袍，起身离去。方婉意浑浑噩噩地看着前方，看着孟唐站过的位置，泪水沾湿了他的衣裳。他喃喃道：“唐妹妹，你好狠的心啊！”昆宁宫，孟唐回来后，方宁瞧见他身上带着血，吓了一大跳。孟唐赶紧道：“莫要声张，弄些冰水来。”是。寝殿内，孟唐坐在榻上。 含了会冰水吐出，感觉舌上总算止血了。他脱了外袍，懒洋洋地靠在软垫上，回想起方才发生的一切，心中产生一股后怕。好在有那好感进度条在，让他一眼认出了狗皇帝，否则今日之事被人发现，就是一件与外男私通的大罪。以楚一拉多仪的性格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。方宁担忧道：“娘娘，你舌上怎地破了一道这么大的口子？”孟唐说：“吃东西不小心咬到了。”好了，别问了。若是圣上问起，便这么回。是，娘娘。 寝殿外，太监忽的尖着嗓子来了一句：“皇上驾到！”孟唐一怔，他想到先前晚宴上，厨艺说过晚上要去萧妃那儿看萧妃跳舞，怎地不去了？孟唐连忙起身，厨艺走进来，孟唐冲着他盈盈一拜：“臣妾参见陛下，皇后不必多礼。”楚艺扶着他落座，看到一旁换下的外衣上带血，楚艺问：“怎地有血？是受伤了吗？”“可方才臣妾用膳时不小心咬着舌头了。”楚艺听到这个解释，皱着眉，挥了挥手，对下人道：“都出去。”“陛下。” 待到屋中无人，楚仪说：“子潼，你与朕说实话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孟唐一阵沉默。方才发生过什么，楚仪明明自己都知道，这是在明知故问。楚仪是个多疑的帝王，他要的不只是他的爱，还有他的坦诚。孟唐明白了过来，他忽地冲着楚仪跪了下来，道：“陛下，臣妾有罪。”楚仪想要的便是他的实话，但孟唐知晓，他若是说了实话，便是与外男私会，不管目的是何，楚仪定然不会高兴。但如果他不说，可就是欺瞒了，楚仪铁定也不高兴。 怎么着都不高兴，不如做个长嘴的皇后，实话实说，将真相向楚意坦诚。楚意眸子闪了闪，问：“子潼为何这般？”“陛下，臣妾私会外男，实乃重罪，恳请陛下治罪，废除皇后之位，以正六宫风气。”楚意完未道：“私会外男？哦，是何人？户部侍郎方大人之子方晚意。”孟堂没有为自己狡辩，反正暴君什么都知道，他以退为进，说：“臣妾实在担不起皇后重任，不配为陛下正妻，有辱斯文。” 哪怕被陛下打入冷宫或者赐死，臣妾也心甘情愿。而此刻，楚意却摩挲着手上扳指，深深打量他。他真的很爱他，连这种事情都坦白告诉他。那朕问你，为何要与方婉意私会？你们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他心里明明都清楚，却还这般问，显然是在戏弄他。他道：“方婉意仗着与臣妾青梅竹马的情分，对臣妾百般纠缠。臣妾想与他一次性说清楚，这才赴约。臣妾发誓，与他清清白白，不曾让他碰到过半点。那舌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”楚意问。 他要碰臣妾，臣妾咬舌，抵死不从。楚艺点了点头，伸手指了指他，轻笑一声：“你好得很，朕这般待你，你却私会外男，请陛下废除臣妾皇后之位，另立新后。臣妾德行有失，实在不配为一国之母。母后先前说的是，臣妾蠢笨无能，什么事都处理不好，与青灯古佛常伴才是臣妾应有的归宿。”孟棠将头伏在地上，不知不觉泪流满面。他这副脆弱的模样甚是惹人怜爱。楚艺起身道：“你便在这坤宁宫禁足思过吧。”话落。 抬脚离开。其实楚艺来时是有点气的，毕竟私会外男是真，不管为了什么目的，私会了便是私会了。可孟棠这番大实话，又是请罪，又是美人垂泪，楚艺心底莫名高兴了起来。原来被一个人全心全意爱着、信任着，是这种感觉。皇后连这种事情都肯向他坦诚，显然爱极了他。但他还是得做出个生气的样子，好叫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。方宁走进屋，看到孟棠跪在地上，连忙道：“娘娘怎么了？我看陛下离开时怒气冲冲的。” 你们说了什么？孟唐扶着他起身道：“无事，只是被禁足一段时间罢了。”楚艺装的那样生气，心里指不定多高兴呢。孟唐想，楚艺从小缺爱，唯有全心全意的爱与信任能够打动他。这步棋走对了，且近日他与楚艺实在恩爱了些，是该冷一冷了，这样才会有新鲜感，保持好感匀速增长，且还不用侍寝了，用禁足换来这些。只当他这样想，旁人可不这样想。玉华宫，楚艺坐在上位，萧妃在下面跳着舞，跳了一支又一支，楚艺心不在焉的看着。 脑中闪过的却是方才孟棠落泪时的模样。上方的楚艺不喊停，萧红云便不敢停，一直跳，跳了大半宿，感觉像在上酷刑，跳得气喘吁吁，身体疲软。终于脚下一崴，跌坐在地上。他惊慌失措地跪在地上，喘着气道：“臣妾错了。”楚艺却望着他，问：“你觉得皇后如何？”陛下人在他这儿，心却在皇后那。萧红云沉默了会，道：“皇后娘娘是难得的不勾心斗角、乐善好施的大好人。这后宫谁不知她的贤明？”楚艺喃喃开口。 他哭起来的样子，真叫人心醉。萧红云咬着唇，眼眶红了。他说：“是臣妾跳的舞还不够好吗？不是舞不够好，只是楚意无心观舞罢了。”楚意起身道：“回养心殿，陛下。”陛下，萧红云急急忙忙追过去。陛下今夜不留下来陪陪臣妾吗？楚意回过头，说了句：“朕想起还有折子未批完，爱妃好生歇息，朕改日再来。”萧红云扶着门，落了泪。楚意见到他落泪的样子，便又想到了皇后。萧红云挣扎道：“可是陛下。” 折子总是批不完的，臣妾想服侍您。楚意摇了摇头，太不一样了，真是太不一样了。萧红云落泪，远没有孟棠落泪时那般叫人怜惜，那种破碎感只有皇后有。隔日，皇后被禁足在坤宁宫的事便传遍了整个后宫，后宫嫔妃们不知缘由，直到皇后哪里惹到了陛下，或者是陛下对皇后腻了厌了。毕竟这段时日，陛下只翻过皇后的牌子，就连昨夜也只在萧妃那逗留了会就走了，没有留宿。这话便传到了慈宁宫，慈宁宫佛堂里。 太后跪在佛像前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哀家还以为皇帝有多喜欢她呢，这才没两天，就落到和哀家一样的地步。”柳嬷嬷拿着扇子给她轻轻扇着风，说道：“可不是，皇帝是什么人？后宫佳丽三千，怎会独宠一人？”太后说：“他就是个刻薄寡恩的性子，谁都不放在心上。他的一腔真心都在那已故的骑士身上，哪是我们这些活人配拥有的？”柳嬷嬷笑着说道：“太后放心，既然皇帝已经厌弃了皇后，想来不用多久也该消了对您的气，放您出去了。” 太后轻嗤一声：“待我恢复自由，定要那孟氏好看。我虽其书医着，但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”太后娘娘说的是。天气渐热，鸟雀儿也跟着多了起来，躲在宫门下躲懒。皇帝一连数日都去了萧红云那，一时之间，萧红云又成了后宫的红人。可见煞后宫众嫔妃了。到了每个月领份例的时候，方宁带着两个小丫鬟前往内务府。内务府总管李全福正竖着给萧红云的南京云锦，都小心着点，这些都是萧妃娘娘的。这刚送来的云锦，总共就二十匹，都要给萧妃娘娘总管。 那皇后那儿呢？李全福皱了皱眉，道：“皇后都被禁足三月了，这些天陛下连坤宁宫,宫宫门都没踏足过。再说了，该给皇后的份儿，咱们可都丝毫没少。只是这新上贡的料子轻薄舒适，数量有限，只能供得起玉华宫。”李全福与李长福不一样，他不是个记恩的。方宁一进来就听到这话，他脸色一变，说道：“好啊，皇后平日里对你们诸多照顾，如今被禁足，你们就是这般对她的？”李全福脸色一变，但话已说出口。 再说，最近玉华宫那位正的圣宠，他想巴结玉华宫的心思昭然若揭。李全福道：“方宁姑姑，这说的什么话？咱家说的都是事实，数量有限，自然是紧着要紧的给。你的意思是，皇后就不重要了？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往日里皇后娘娘对你们有多好，你们都忘了吗？如今仅仅只是禁足，便让你们如此对待？还有我的姑奶奶，我们该给皇后的可是一点都没少啊。那这知州云锦呢？往年可都是给皇后的，这不是今时不同往日吗？” 方宁是个受不得气的，他立马揪住李全福的耳朵，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。好你个李全福，没想到你是个吃里扒外的。皇后曾经那段待你们，你们如今连几匹布都舍不得给。你爷爷李长福、李千岁到了咱们娘娘面前，都得恭恭敬敬行礼呢。你算什么？李全福被打，顿时也怒了。他道：“还真当你们坤宁宫还是过去的坤宁宫啊？实话说了吧，我爷爷那已经传话了，说是萧妃用不了多久就要晋升为萧贵妃了，而你们中宫皇后何时能解禁？” 还真说不好呢。什么？方宁双眸瞪大。孟唐入宫这么多年，皇帝即便宠爱旁人，也没有像萧红云这般一下子晋升成贵妃的。哼 <laughs>，要我说，你若真为着你们娘娘好，还是赶紧出谋划策，让娘娘恢复荣宠吧。否则这中宫皇后还能做多久？到了傍晚，方宁还没回来，孟唐有些担心。他道：“如何有方宁消息了吗？”琳琅跪在地上说道：“娘娘没有消息，他们不肯放我们出去，这可怎么办好啊？”孟唐眸子沉了沉。 这熟悉的剧情，不受宠时没人在乎。内务府轻慢他以前也不是没受过，已经吊着楚艺三个月了，是时候慢慢收网了。他走到宫门前，敲了敲门，说道：“几位禁军大哥，本宫有要事一求。”娘娘说笑了，娘娘乃是皇后，我们怎么担得起一声大哥？因为皇后平日里待下人极好，对他们这些禁军侍卫也很好，因此侍卫对他态度恭恭敬敬。孟堂将一方绣了海棠花的帕子从下边的门缝塞了出去，里面包着一块玉佩。他道：“能否帮我将这个递给李长福李公公？” 他看到后自会明白本宫的意思。侍卫犹豫了下，说了声“好”。李长福正守在御书房外，只见一禁军侍卫慌慌张张地跑来，对他道：“李公公，这是皇后娘娘让属下给您的信物，说是您看到后自会明白。”李长福接过，掂了掂后，脸色一变。他道：“你下去吧。”李长福拿着被帕子包裹的玉佩，匆匆忙忙走进御书房。他跪在地上，双手将东西捧上去，道：“陛下，这是皇后娘娘差人送来的东西，你要看看吗？”李长福比任何人都明白。 皇后并没有失去圣心。这段时日，陛下是故意冷着皇后，让皇后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楚意拿笔的手顿了顿，墨迹在折子上晕出一个点，拿过来。是楚意打开帕子，里面的玉佩正是曾经楚意的随身玉佩。楚意将玉赠给他时，曾说过有男可知此玉来找我。这是楚意还是皇子时所随身携带的，不是什么好玉，却意义非凡。楚意将那绣着海棠的帕子递到鼻下，细细闻着，是淡淡的茉莉茶香。他的味道，他闭上眸，神情颇为享受的样子。三月未见了，罢了。乾坤宫。 灯火通明，孟唐站在院中，冲着楚艺盈盈一拜。陛下，他眼角带着泪痕，刚哭过的样子。三月未见，他清瘦了许多，下巴更尖了，人瞧着也更憔悴了。楚意把玩着手上的玉佩，说道：“梓潼，朕昔日拿着玉佩向你许下的承诺，今日依旧作数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跟朕说。”他想，他或许是受不住这苦楚，想求他放他一次，想替自己说情。若他当真是为此，他愿意给他的台阶下。可楚意想错了。只见孟棠跪在地上，双眼哭得通红，说道。 陛下，自打今早方宁去内务府领月历后，就再也没回来。臣妾深知自己罪孽深重，不敢消想其他的。臣妾请求陛下能允许臣妾出乾坤宫一次，将方宁寻回来。楚意愕然的看着他，他眸光微沉，问、嗯：“只有这个，没有其他的了？”你说，你说了，朕今日便一定会宽恕臣妾所求，只有这个，求陛下开恩，允了臣妾把孟棠头刚要磕在地上，楚意忍不住弯腰伸手，那额头便抵在了他掌心，温温热热的。孟棠抬头。 他眼里闪烁着泪花，瞧着楚楚可怜，惹人疼惜。楚一心忽的就软了，说：“好，朕允了你，谢陛下开恩。”李全福今日被方宁又是打又是骂，他怎么说也是内务府总管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这样对待他，只觉得屈辱至极。再说了，如今皇后已经失势，而方宁不过是皇后身边的一婢女罢了，自己上头有千岁爷爷罩着，教训一个婢女还不是绰绰有余。于是便命人在方宁回去的途中一棒子打晕了他。李全福本打算随意找个地。 将方宁丢过去晾上一天，又见方宁容色貌美，不禁生了歹念。入夜，夜色深沉，方宁躺在床上，双手被绑，她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这里是李全福在宫中歇脚的地，李全福已经下旨回来，自是为了享用这美人。方宁摇着头往后退，浑身颤抖，又惊又怕道：“李全福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我？”李全福笑嘻嘻,嘻走近，面露不屑道：“哟，还当你们皇后是曾经那个得势的皇后呢？咱家知道现在皇后日子过得不好，小娘们。” 只要你肯跟了我做我的对食，我就庇佑你。如何？日后啊，但凡有什么好的，我保准第一时间往你们坤宁宫送。没想到方宁听到这话，恶狠狠朝李全福吐了口唾沫，道：“阉狗也敢学别人玩女人？最好的本来就该是咱们娘娘的。这群做太监的，平日里最恨旁人骂自己阉狗，听此当即黑了脸，一巴掌甩到了方宁脸上，说道：‘给脸不要脸，也不看看你们坤宁宫如今的地位，圣上都三月没有踏足了，指不定要不了多久，一纸废后诏书便下来了。’门外。 孟棠和楚艺刚到这里，便听到了这番话。孟棠刚要推门进去救人，楚艺抬手拦着他，他冷冷道：“朕倒要看看他还会怎么说。”孟棠抿了抿唇，柔声道：“陛下无需在意这些，臣妾没什么的。”他纤瘦的身子好似风一吹就能倒，脸上血色尽失。明明被下边人如此对待，明明已经如此伤心，却还是强装出一副镇定的样。楚意忍不住压低声音，怕惊到他，说：“旁人可以不在意，朕在意。”屋内，李全福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降临，方宁大声呵斥道。 只要皇后一日是皇后，就一日是一国之母。你们这些下人怎可如此怠慢她？李全福却仿佛听到什么笑话一般，捏着方宁的下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皇后，谁不知道皇后是个好脾气的？你猜，若是皇后知晓你与我之间发生了那种关系，会不会怪罪于我？啊，我忘了，皇后最是温婉贤良，后宫人人称赞，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而责怪奴才呢？”方宁脸色煞白，他说：“李全福，你够了！皇后温婉贤良，不是你做这种事情的理由。” 你快放开我！现在放开我，我还可以既往不咎，不告诉皇后娘娘。就算你告诉皇后娘娘又如何？皇后娘娘进宫这么多年，从未有过责罚下人的举措。想来娘娘那样心善，即便知道奴才犯了错，也是不忍责罚的吧？方宁，你不如今晚就从了我。只要你从了我，先前那献给萧妃娘娘的二十批织州云锦，明盖儿我也给皇后送去，你看如何？呸！那本该就是娘娘的，搞得跟你施舍一般。李全福笑得得意极了，他说。 如今我有内务府这份好差事，好东西给谁不给谁，还不是我说了算。你们坤宁宫如今可不是要仗着我的施舍过活吗？他话刚落，笑意便凝滞在了脸上。侍卫砰的一声撞开了屋门，李全福笑容一僵，似是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方宁看到站在门口的孟唐和圣上，连忙跑下床，跪在地上道：“陛下，娘娘，奴婢见过皇上、皇后娘娘。”孟堂试着眼将方宁扶起，解了他手上的绳子，轻轻抱了抱他，道：“方宁。” 是本宫险些害了你，是本宫无能。李全福机灵了一下，回过神来，连忙战战兢兢地伏在地上，大呼：“陛下万岁，娘娘千岁。”楚意将方才的对话听了个全，他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娘娘怕是担不起你这一声千岁。”李全福哪能想到，皇后都被禁足冷落三个月了，竟还能将皇上给请来。李全福浑身颤抖，说道：“奴才错了，奴才错了。你这媚上欺下、不忠不义的东西！”楚意怒得一把拔出旁边侍卫腰上的刀。 他没想到，仅仅只是三个月罢了，皇后竟已经落到如此境地，就连那云锦都要靠内务府的奴才施舍。他一日是朕的皇后，便终身是朕的皇后，也是你这狗东西配诋毁的。陛下，奴才，奴才是被猪油蒙了心了，奴才改，奴才一定改。他惊恐的望着陛下手上的刀，生怕他会一刀砍过来。皇上不是没做过这种事。李全福爬到孟堂脚边上，满身战栗的向孟堂道歉：“娘娘，是奴才错了，是奴才错了，求娘娘开恩。” 孟唐似乎是被他这举动给吓到了，正在原地，方宁连忙将他往后拉了拉，道：“呸，狗东西，别碰我们娘娘！”爷爷，爷爷救我！”李全福求救的目光望向李长福，李长福满脸晦气道：“咱家才没有你这么大的孙子，莫要乱认亲。”带皇后出去，楚意冷冷对方宁道：“他不想让孟唐看见太过血腥的画面，也不想让孟唐瞧见自己杀人时的狰狞样。”楚意一刀砍下了李全福的头，他将那刀扔给了侍卫，说道：“将这弄干净。”是，陛下。 楚艺杀人时，玄色袍角沾了血，身上带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。孟唐站在廊下，瞧见他走来，他眸中惊慌之色未退。瞧见楚艺靠近，他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孟唐装出来的。他知晓楚艺最喜欢他什么样，便做出一副柔弱无依的样楚意看不惯他后退，伸手抓住了他的臂膀。他说：“紫瞳，莫要怕我，莫要躲我。”说完，将人摁入自己怀中。于是那浓郁的血腥味便也沾到了孟棠身上，让孟棠陪着他一起脏。孟棠回过神来，他伸手。 死死抱着男人后背，哽咽着开口：“陛下，朕在。陛下，臣妾是不是很没用？”看见这一幕，李长福比了个手势，悄悄带着下人和侍卫退下了。楚一心软成了一滩水，他说：“怎么会呢？朕的紫瞳最是温良臣，臣妾，臣妾什么都做不好。”泪珠子顺着他的眼角滑落，沾湿了楚意肩上的衣裳。楚意轻抚着他的发丝，大手将他后脑笼罩，摁在自己胸前。他道：“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朕很满意。当初他的母妃也是这般，不争不抢，善良又没有心眼。可这样的人……” 如何能在后宫生存呢？下场便是任人欺凌。楚仪吃过很多苦，更明白，在这种深宫中，孟唐能够一直保持初心，能有多不容易？他母妃最后为了他，变成了他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，攻于心计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楚仪不希望孟唐也变成那样。昔日他护不住母妃，如今却能护得住孟唐。陛下，其实他说的对，温婉贤良,良又有什么用呢？臣妾懦弱无能，连身边的宫女都护不住，不配做这皇后。楚仪心疼了，他轻轻替她顺着气，说：“梓潼，你须知道。” 有的人生来变本性为恶，不是谁都如你一般善良。你无法要求恶人不作恶，却能约束自己保持初心。紫潼，你真的做得很好了。孟堂红着眼角，眸上蒙着水光，他抬起头去看楚意，问：“圣上觉得我做得好吗？”“你做得很好。”楚意牵着他的手往回走，说：“紫潼，朕带你回去，带回了坤宁宫。”楚意道：“紫潼，朕……”他刚要说什么，只见孟堂手持凤印，跪在地上，高举过头，他道：“陛下，臣妾想了一路。”楚意一惊，他连忙道。 梓潼，你这是作甚？他语气里甚至是惊慌的。孟棠道：“臣妾实在不配做这个皇后，臣妾的性格也不适合统领六宫。善良便是软弱，臣妾的软弱差点害了身边人。若非今日有陛下在，臣妾是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先前臣妾私会外男，私德有亏，视为一罪。臣妾软弱可欺，致使底下人飞扬跋扈，视为第二罪。臣妾让陛下与母后母子离心，无法为六宫之表率，视为第三罪。还请陛下收回臣妾的凤印，让罪妾以后与青灯古佛常伴。” 日日为陛下诵经祈福，洗刷身上的罪孽。看到这一幕，不止楚艺，就连坤宁宫的下人们都惊了。楚艺脸色不好看，他语气颇为烦躁，说道：“朕刚说了，你没有错，是臣妾不配为皇后。”孟堂眼角带着晶莹的泪光，她羸弱的身子轻轻颤抖，说道：“臣妾坐在这后位上，只会给陛下招来麻烦。臣妾不想扯陛下后腿，只要臣妾能远远瞧上陛下一面，便已心满意。你没有，陛下莫要安慰臣妾了，臣妾都明白的。上次臣妾被母后责罚，是陛下救了臣妾。” 这次方宁差点被害，又是被陛下所救，臣妾是个无能的皇后。楚意经完本还想解了她禁足，与孟棠温存一番，好好安慰安慰她。如今事情却没能如愿朝他所想的方向发展。楚意沉声问：“你执意如此？”臣妾执意如此。楚意深深看了她一眼，拂袖离开乾坤宫，道、哦：“让皇后这些日子好好静静，等冷静下来，朕再来找你。”这意思就是要继续禁足了。待到楚意愤怒离开，方宁上前扶起孟棠道：“娘娘，您何必如此？” 您怎么就不配做皇后了？只是今晚不想侍寝罢了。毕竟一侍寝就停不下来了，他还想多快活几日。无碍梦，孟堂道哪里无碍了？方宁急道：“您不知道外界有多少人盯着您这后位，侍寝又不长好感。但这种以退为进的法子，等事成之后却能长不少。他只想赶紧刷完好感回家，不想真给暴君做妻子。”坤宁宫外，李长福看着满脸盛怒的陛下，小心翼翼的问：“陛下回乾清宫吗？”李长福真是搞不明白，这世上竟还有女人不想做皇后的。厨艺靠在龙辇上。 到去玉华宫，这摆驾玉华宫。与此同时，梅妃所在的听雪阁，嫔妃们正聚在一起，说着近些时日来宫里发生的趣事。梅妃卧,卧在贵妃榻上，道：“听闻今夜陛下去了皇后娘娘那。”月嫔笑道：“哟，咱们皇后娘娘这是要复宠了吧？不如我们下个注如何？就赌陛下会不会解了皇后娘娘禁足。陛下都去找娘娘了，那定然是会解了禁足了。娘娘那软弱可欺的性子，真不知陛下喜欢她什么。”过了会，一个小太监走了进来。 靠在梅妃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，梅妃登时笑了，眉眼都跟着舒展开。她道：“诸位妹妹们恐怕要赌输了。怎么说？陛下非但没有解了皇后娘娘禁足，反而盛怒离开，改去了玉华宫啊！皇后娘娘这都没抓住机会，这般没用，可不是？要换做是我，今夜怎么着都要留下陛下。咱们这位皇后啊，真是又伪善又软弱可欺。若我有她那样的家世，绝技不会混成她那样，指不定小皇子都生了好几个了。”听到这话，众嫔妃忍不住笑出声来。 说起来，皇后肚子确实不争气。萧红云听说皇上要来她这儿，高兴极了，特地穿上了今日内务府刚送来的云锦制成的新衣，站在门口翘首以待。不知怎的，换上这云锦新衣后，本宫心里变慌得厉害，眼皮子也总是跳。萧红云轻轻蹙眉，采薇连忙道：“您啊，就是多虑了。民间传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娘娘您指不定是要发财了呢。”萧红云听到这话，当即笑了。她道：“你说的对，本宫就是要发财了。你说本宫穿这件翠绿色好看吗？好看极了。” 宫中，您是第一批穿上这只周云锦的小主呢，可见陛下对您的恩宠。他站在采薇面前转了一圈，身上带着淡淡茶香味，腰间的玉佩和铃铛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。好看就好，陛下就喜欢我穿这些素色。采薇听到这话，捂嘴轻笑。谁不知道娘娘如今可是宠冠后宫呢？可陛下到现在也没有让我侍寝。萧红云微微失神，都到她这三个月来受尽宠爱，却一次也未和陛下圆过房。陛下若是真的宠爱她，会不肯和她圆房吗？陛下道，太监尖,尖着嗓子叫了一句。 黄色龙辇停在玉华宫门口，萧红云连忙向楚艺行礼：“臣妾参见陛下，陛下安康。”楚艺走过来，瞧见他身上的穿着，眯了眯眼：“爱妃今日穿的。”他话语未尽，却意味深长。萧红云在他身前转了一圈，说道：“陛下，好看吗？”是内务府今早刚送来的云锦，一知陛下要过来，妾身便立马换上了。楚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知州云锦确实不错。”萧红云笑嘻,嘻嘻道：“这般好的料子，叫臣妾这个大素人穿却是糟蹋了。”楚艺想起方才孟堂的近况。 先前有什么好东西，都是先送到皇后那儿。如今皇后想穿云锦，却还要看人眼色。楚艺骤然冷笑，冲着一旁的婢女招了招手，道：“确实糟蹋了，给朕扒了他的衣裳。”楚艺在皇后那受了气，本就心情不好，想来看萧红云跳一曲母妃常跳的掌上舞，谁知这萧红云偏往他逆鳞上撞。知州云锦，知州云锦，好个连皇后都穿不起的知州云锦！萧红云大惊失色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婢女疯狂扒着她身上的衣服，小声道了句：“娘娘。” 奴婢得罪了萧红云，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白着张小脸道：“陛下，臣妾不知何错之有，您要这般折辱臣妾，在院子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扒她的衣服，着实不顾她妃子的脸面。”楚一伸手捏着她的下巴，眸色微冷道：“连皇后都还没穿上的云锦，你倒好，这么快就上身了。”萧红云慌了，他道：“奴婢不明白，往年内务府的云锦向来是先送到皇后那里，如今皇后连云锦都未见过，你就穿着招摇过市了。”萧红云，谁给你的胆子？ 胆敢越过皇后去？你当你是后宫之主吗？厨艺暴力起来是真暴力。一旁下人战战兢兢，这些都是下边人为了谄媚巴结自行做的。萧红云什么也不知，这在宫中都是常事。乃宫妃平失了宠，便会避之不及，不落井下石便不错了。若是得宠了，下边人自然把什么好东西都第一时间送来。萧红云穿着雪白的亵衣，连忙请罪道：“是臣妾错了。”皇帝听了只觉得厌烦，因为皇后，因为这云锦。皇后虽被禁足，然还没被废，下边人便做出这种欺上瞒下之事来。 楚艺道：“李长福，内务府换批新人过去。”是，陛下。楚艺转身便要走，萧红云下意识伸手抓住他的衣摆，他红了眼，唤道：“陛下，臣妾真的不知。若臣妾知晓，定然不会穿着云锦。”楚艺拂开他，大步流星离去。萧红云跌坐在地上。皇后，又是皇后。采薇刚想说什么，只听萧红云怒道：“皇后没有的东西，本宫便不能用。本宫算什么？”采薇连忙伸手捂住她的嘴，朝她使了个眼色，道：“娘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” 皇后是陛下正妻，近日皇后娘娘在宫中的处境您也知晓。谁都当皇后娘娘已经失宠了，谁知陛下还会如此在意皇后？这次是我们大意了。”萧红云哭着说道，“我就知道，我方才眼皮子跳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事，跳的定然是右眼。”楚艺心底怒火难平，不知不觉间竟又走到了坤宁宫。他刚想转身离开，然身体却快了一步，迈了进去。下人正要通禀，楚艺时指竖在唇边，“嘘，皇后睡了吧，不用通报了。”下人小声道，“娘娘这会正在后院呢，在后院做甚？” 下人答不上来，楚于好奇，想了想，便也朝着后院而去。他道：“都莫要出声，别惊动到皇后。是”是陛下，坤宁宫的后院里有一棵祈福用的扶桑树，平日里宫女太监们就喜欢来这儿，将自己的愿望写在祈福牌上，用红绳缠绕，挂在树上。扶桑树上已经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牌。孟棠站在树下，手上抓着一块祈福用的木牌，他虔诚地跪在扶桑树下，磕了三个头。他道：“一愿郎君如意，身体安康；二愿百姓安宁，世间再无战乱。” 三院军长似少年时，初心不忘乐相知。楚艺站在廊下没动，静静看着。听到他的话，目光不由得柔和了下来。他与孟棠相识时正是少年，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。孟棠起身，将那祈福用的牌子挂在了树上，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。做完这一切，他轻轻咳嗽了两声，蹙着眉。方宁连忙上前为他披上披风，道：“娘娘，夜深了，别着凉。”孟棠轻声道：“陛下今日走的时候很生气，想来是恼了我。”方宁道：“您明知陛下会生气。” 又为何要说那些话呢？孟棠沉默了会，语气中带着忧愁。这几年来，因为中宫无所出，前朝众臣便一直往后宫里送人。八年了，后宫一个子嗣都无，都说是我这座皇后的不祥，才没能以身作则。那些闲言碎语，娘娘您管那些作甚？陛下宠着您，爱着您，想来也不会在意那些话。孟棠微微勾唇，笑容却极为苦涩。他道：“正因为他宠爱我，一力压下那些闲言碎语。”他伸手摸了摸肚子，继续道：“七年了，我没能为他孕育子嗣，他还能为我压几年？” 他待我这般好，我却不能不为他考虑。后宫三千，我即便心痛，他去其他嫔妃那，也不得不这样为之。陛下正值壮年，没有子嗣，或许当真是因为我这个皇后不祥。我父兄如今虽瞧着风光，孟家却早已败落，帮不上他什么忙。皇后之位，自古能者得之，我不如主动退位让贤。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，声音有点喘。只要他心里有我，是居于中宫，亦或是身在冷宫，又有何区别呢？方宁急道：“当然有区别。您若不受宠了。” 那些个拜高踩低的，不个个都来搓磨您？这些年我所受的搓磨还少吗？左不过是少吃点饭，没有这么好的日子过罢了。只要圣上好，我才会好。圣上若是不好了，即便我满身荣华富贵，凤冠在头，珠玉加身，也依旧如临地狱。圣上若是好了，就算我吃糠咽菜，身穿粗布麻衣，身在冷宫，也仍然会心满意足。听到这话，身边的方宁不由得感动，他道：“您处处都念着圣上，可是您呢？您不好了，我们这些做下人的也会心疼的呀。”孟堂屈指。 敲了敲他的头，道：“我能有什么不好？圣上好，我才好。如今既然我身居后位，已成他的拖累，舍弃了便舍弃了。我是不是皇后，和我爱不爱他无关。我爱的是他的这个人，不是他作为皇帝的身份。”方宁呜咽了两声，道：“娘娘，您别说了，更深露重，您身子弱，会着凉。我们快回去吧。”孟棠低着头，目光瞥了眼廊下，那儿安安静静，空无一人。镜头的转折处却有一片阴影。他心想，自己该说的都已经说了。 从打听到狗皇帝离开玉华宫后，就已经料到他会来，特地演了这么一出给楚意看，过犹不及，说的已经够多。孟棠应了一声，嗯。待到方宁扶着孟棠回屋，楚逸从角落里走出来，他身边跟着李长福。楚逸说：“原来他是这般想的。”李长福连忙道：“皇后娘娘对您的心真是日月可见。”楚逸走到那棵扶桑树下，他伸手摘下了那块祈福牌，祈福牌上使用娟秀的小楷写下的三个字：“愿君好。”楚意抿着唇，皱了皱眉，他竟将怀不上子嗣的罪责。 揽到自己身上，李长福不敢多言。旁人不知，他却是知道的。每逢事情过后，皇后娘娘服用的补药都是避子药。朕做错了吗？厨艺问李长福，连忙道：“陛下没有错，陛下做事自有陛下的道理。娘娘在意的不是子嗣，是陛下。只要陛下能好，娘娘不管当不当这个皇后，有没有子嗣，心底都不甚在意。近日外头确实有人多说了几句，朕的后宫没有子嗣，似乎让他们很不满。娘娘恐是知道这一点，这才会主动退位让贤的呀。可这皇后只有她做的，孟家虽表面上交了兵权。” 可你不知，统领朔北军，不看兵符，也不看朕的皇命，看的是孟家的人。孟家世代扎根朔北军，朔北早已是孟家的朔北。那边境的十万朔北军，可谓朕杀宿敌，亦可剑指京师，全凭孟家的一句话。再者，如今我非他不可，他让朕尝了这情欲的美妙滋味，他怎可说不做就不做这皇后呢？李长福琢磨了下，问、嗯、陛下：“那您今夜还要进去看看娘娘吗？”楚意摆手道：“罢了，他脑子不清醒，死心眼。” 怕是一心觉得做这个皇后只会拖累朕，她对朕用情太深，好也不好。近日就让她好好冷静一下，让下边的人机灵着点，别再怠慢了皇后。是奴才明白。楚艺嘴上说着用情太深不好，实际上心却因为孟堂那几句话而热了。他想去见孟堂，从未这般想过。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瞧着乖顺，却是个心底有主意的，打定了做一件事便要做到底。废后自是不会废，非但不会废，他还会给他无上荣宠。只要孟家足够安分。 楚艺将其父牌塞入怀中，贴身携带。孟堂回了寝殿，他坐在榻上，唤来琳琅，问：“陛下可来过？”琳琅看了眼左右，压低声音靠过去，小声道：“来了，陛下不让奴才们告诉娘娘，孟堂心里便有数了。方才那一瞥，躲在暗处的必然就是楚艺他忍不住笑了。琳琅问：“娘娘，您不见上陛下一面吗？”孟堂好奇问：“我为何要见他？见他还要侍寝？”琳琅理所当然道：“当然是多相处这些，关系才会越来越好啊。”孟堂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道。 攻心不靠，时刻粘在一起啊！孟堂眼底带着笑意，你懂什么叫极限拉扯，什么叫隔靴搔痒，什么叫越是碰不到越是想要。孟堂前世的时候电视剧可没少看，想到电视剧，孟堂顿时也蔫了。这里真的不如现代好，又是想回去的一天。希望这茶过后，狗皇帝身上涨的好感度能让他满意。端午快到了，下朝后，今年因为水患频频，时局不稳，朝堂发生过数次争吵，商讨治水事宜。楚一回到御书房，头疼的揉了揉额角。 以往他头疼时，都是孟唐陪在他身边替他按头。楚艺叫道：“李长福，帮朕按按头。”是，陛下。李长福手法极好，楚艺却总觉得不得劲，不舒服。他烦躁地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不用了。”李长福跪在地上说：“奴才以后一定多练练。”内务府新上任的总管苏明月有事禀告，楚艺叫他进来。苏明月跪在地上，手上捧着一份名单，道：“端午将至，陛下要去灵感寺祈福。这次陛下打算带上哪些嫔妃？小的实在拿不定主意。”名单呈上来，楚艺淡淡道。 是，厨医看着名单，点了点孟棠的名字。萧妃随朕一起。朕若记得不错的话，萧将军快要班师回朝了吧？是，陛下。他目光落在孟棠的名字上。皇后苏明月伏在地上，小心翼翼的问：“皇后要去吗？”去让皇后做好准备。两日后随行。他与皇后冷了这么久，也不知他想通了没。若是再闹着要废后，他可就真要不快了。小的明白了。至于其他嫔妃、梅妃、香妃之流，便不必了。坤宁宫，孟老将军虎步生威，远远瞧着都极具威势。他走进大殿。 朗声道：“唐儿，为父最近听说皇帝要废后，将你禁足于宫中，是真是假？若真要废后，唐儿你一句话，这皇宫你还想不想待了？你若不想待了，你老子我带你回朔北，带上你哥一起，反正这京城待的憋屈的很。”孟唐的父亲孟衍是个粗犷豪迈的人。孟唐讶异起身，问父亲：“你怎的来了？”孟老将军随手摸了下自己苍白的发，他骂骂咧咧道：“他娘的，老子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在宫中过的这样的日子。还是其他同僚告诉我。” 说你被圣上禁足，圣上要废后。孟棠忍不住笑了，他安慰他父亲：“您放心，陛下待我很好，您也别老把回北朔挂在嘴上。朔北哪是您说回就能回的？您就是总是这样说，陛下才不放心您。”孟衍目光闪了闪，上前抓住孟棠的小手，忽地红了眼眶，道：“你莫不是在骗阿福？若真过得好，能被禁足吗？阿福当初就不该放你进宫，大不了我们殊死一搏，拼尽全力也要带你回朔北。”孟棠拍了拍他的手，他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禁足和废后。” 都是我自作自受，是我私会了外男。其实陛下本已经原谅了我，是我心里过不去那道坎，觉得对不起陛下，不配做这皇后。瞎说，我家囡囡什么做不得？区区皇后想做便做，何须顾,顾忌许多？梦魇人高马大，近二米，孟唐在他面前依旧像个孩子。看我们唐儿都受了这么多，厨艺是不是不行？养不起唐儿就放我们唐儿回家。孟唐是梦魇最小的女儿，是他老来的女可谓是宠爱至极。孟唐瞧正值壮年的父亲发丝半白，有些难受，道。 父亲今日进宫，可有获得陛下准许？哼，我想进就进，他还能拦着不成？孟唐笑了，道：“父亲，他是圣上，你自是要敬着他的。”孟衍皱了皱眉，道：“我明白，但阿父的逆鳞是你，唐儿，你过得好，阿父才能高兴；你不好，阿父拼了这把老命不要，也要带你离开皇宫。”他像小时候那样，刮了刮孟唐的鼻子。孟唐刚出嫁那日，这个威严霸道的老将军第一次流了泪。孟唐至今都记得那画面，震撼极了。好了好了。 是楚依让老子我进宫，说是你近日心情不好，让我开解开解你。这下放心了吧？阿父心里有数着呢。楚依那小子是皇帝，阿父怎可真的对他不敬？孟堂前世父母工作忙，在孟衍身上却感受到了那种沉重的父爱。阿父，孟堂千叮咛万嘱咐，阿父行事需得小心谨慎。正因为朔北，其实陛下一直很不放心孟家。这话你哥和我说，你也和我说，也忒憋屈了。他楚依要兵权，老子我给了；他要你，老子我也给了。他还想怎么样？阿父只想你在宫中过得好。 你若过得不好，我就算真做出那等大逆不道之事来，又能如何？他伸手捏着他的小脸，说道：“阿父的底线是你，这底线谁也不能碰，就算是九五之尊也是如此。”孟唐是真的感动了、啊。来到这个世界后，梦魇和梦晕是唯二让他感到温暖的人。即便是为了孟家这个皇后，他也必须得当，且当得漂漂亮亮。父亲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过得不好。如今不是陛下要废我，而是我执意不愿做这皇后。梦魇狐疑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他将孟唐放下来，两人坐在椅子上。 孟唐笑道：“我只是借此来收买圣心罢了，父亲不必担心。”孟言也跟着笑了，他指着他道：“厨艺那小子还真以为你心情不佳，忧虑不堪，我的好唐儿，如今也会耍心眼了。”随即，孟言脸上又露出了怅然若失的表情来。从前你无忧无虑，天真的很，是阿父把你送进宫，才让你不得不学会这些。宫中是个步步为营的地方，阿父真怕你受苦。正因为天真，才差点被方婉意那样的男人骗了。阿父如今这般，皆是天意。孟言语重心长道：“唐儿。” 过得不好，一定要和阿父说，不要瞒着阿父，知道吗？你每瞒一次，阿父变心痛一次。女儿明白，六月的天说变就变，白天还是艳阳高照，待夜幕降临，惊雷乍起，轰隆隆的响。孟堂本已睡下，愣是被惊醒了。恰逢一道闪电劈过，照亮了整间屋子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的拍打着窗户。孟堂起身，他想起楚艺在雷雨夜的时候会就急发作，会失控到不认人。娘娘方宁提着灯担忧的走进来，打雷了。孟堂说，方宁应了一声，道：“这还是今夏第一道雷呢。” 他头又要痛了，孟堂叹了口气，他也不想这么贤良。打雷进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楚艺，可这已经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了。帮本宫穿衣，他道，穿到一半，又想到他现在还在与楚艺冷战中，且被禁了足，不太方便光明正大出现在人前。他抬了抬手，道：“慢着，不用了，去拿一套你们宫女平时穿的衣服过来。”方宁讶异道：“娘娘这是做甚？本宫要去乾清宫，这么好的刷好感机会可不能错过了。”守在乾清宫外的太监宫女们害怕极了。大殿里传来一道又一道瓷器破碎的声音。 滚，都给朕滚！李长福站在外边看了眼这天色，道、啊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往日陛下就急发作，都是有皇后娘娘在身边的呀。他底下的小太监说了句：“可是皇后娘娘现在正在被禁足呢，谁敢去请她？”殿内又传来一阵噼里啪啦声。李长福急道：“陛下就急发作，身边没人不行，顾不得那么多了，赶紧去请皇后。事后若陛下责问，由咱家一力承担。是”是奴婢这就去。那太监提着衣摆走下台阶，正要去坤宁宫找人，便瞧见一道素白的身影。 纸伞缓缓走来，李长福看到来人，登时仿若见了救星，连忙上前，不顾被雨打湿，急急道：“娘娘，您快进去吧，陛下这回不好了。”孟堂收了伞，走到廊下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正是为此而来，李公公，等事后，陛下若是问起来，今日我来之事，别告诉陛下，毕竟如今我被禁足，若私自出来，难免惹了陛下不快。奴才明白的，娘娘赶紧进去吧，别耽搁了。您放心，今晚的事，乾清宫的人不会往外说一个字。”孟堂推开门，霎时一道剑光袭来，孟堂连忙下腰。 避开这一剑，他曾跟着梦魇习过武，且身体柔韧度惊人。楚艺双目猩红，不停的喃喃自语着：“都想害朕，都想让朕死，滚，都给朕滚！”楚艺一击不成，当即第二剑又向孟棠斩去，砍断了他腰上的弓涛。孟唐抓住锋利的剑，剑刃割破掌心，溅了血。楚艺弃剑后退了几步，低斥道：“朕没有错，错的是他们，害人的是他们，朕没有错。”孟唐放下剑，他上前，柔软的小手轻柔的按压着男人的额角，说道。 陛下没错，陛下很好，似乎是被血腥味吸引。楚意神精致的转过头，你是谁？你也要害我吗？哈！朕的出生就是个错误，天大地大，竟没有朕的容身之所。楚意发病时不认的人，孟唐已经习惯了。孟唐所知的那些关于楚意的童年，便是从楚意发病时的这些风言风语里拼凑出来的。别怕，陛下，有我在，我不会害你。他声音轻柔，有效的安抚了楚意的风症。楚意沉默了会，忽然攥住他的手腕，紧接着凑过去。 在他受伤流血的掌心轻轻嗅着，他似是对这血腥味上瘾。过了会，竟直接伸舌头，慢慢舔了起来，从指尖到指缝，又从指缝到掌心，将那流出的血舔得干干净净。孟堂手心刺痛，但他没管。他另一只手摸着楚艺的头，说：“陛下好乖。”这句话就像打开了他某个开关，他猛地抬头，摇了摇头，后退了两步，说道：“朕不乖，朕一点都不乖。如果朕乖的话，母妃怎么会离开朕？母妃不要朕了，这世上没人要朕了，他们都厌弃朕。” 觉得朕是个累赘，为什么都不要朕？朕明明明明一直想要获得他们的认可，为什么总是让朕疼，让朕哭？朕好恨！孟棠握住他的手，他温声道：“有人要你，紫彤要你，紫彤，紫彤。”他一声声轻唤。对，紫彤要朕，也只有紫彤肯要朕了。紫彤是谁？楚艺猛地抬起头，望向孟棠，又问：“紫彤是谁？”他疯疯癫癫的往前走，将桌上的杯盏哗啦一声拂落到地上，茫然的问道。 梓潼是谁？孟唐连忙从他背后抱住他，他轻轻为他胸口顺着气，说道：“不想了，想不起来就不想了，不重要。子童”梓潼，朕的梓潼。他转过头望向孟唐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朕的梓潼很重要。可是梓潼是谁？”他眨着眼，越想头便越痛，最后捂住头，忍不住低吼了一声：“谁是梓潼？”楚意将他一把推开，将他扑倒在地，随即大手握住了他纤细的脖梗，用力掐着。他红着眼问：“你是梓潼吗？”“陛下，我是梓潼。” 那你对朕笑一个，梓潼会对朕笑。楚意像个胡搅蛮缠的孩子，于是孟棠便冲着他微微勾唇，说：“陛下，臣妾笑了。你给我唱小曲，梓潼会为我唱小曲。记不得梓潼是谁，他曾经做过的那些事，他倒是记得一清二楚。”孟棠便为他唱了首《江南可采莲》。楚意怔怔的松开手，说道：“朕还有梓潼。”孟棠起身将他拉起，道：“陛下，回床上睡吧，睡一觉就好了。”他乖乖的跟着孟棠朝床畔走去。恰逢此时，啪的一声。 一道汗如白昼的闪电猛地打了下来，楚艺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，立马抱着头蹲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孟唐连忙抱住他，就跟哄小孩子似的，道：“陛下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，都过去了。”男人眼眶微红，下一瞬，他用力扼住孟唐的脖子，薄唇重重吻了上去。男人的唇如燎原烈火，所过之处战栗阵阵。他在他唇上用力捻着磨着，磨出了血腥味，双手又去解他腰间的衣带。孟唐轻喘了声，问：“陛下认得我吗？”楚艺松开他。 捧着他的脸细细打量，他理直气壮的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认得。”孟唐当即被气笑了。厨艺下一刻便将人炕上了床，重重按在床上，说：“你身上好香，好好闻，朕好喜欢。”孟唐问：“陛下，你如今年岁几何了？”厨艺竟认真的想了想，随即一本正经的回复：“朕，朕十二岁了。不，朕二十岁了。也不是，朕多大了？”孟唐扑哧一声笑出声来：“不许笑！”厨艺往他身上拱着：“朕说了，不许笑。” 可恨，楚艺扒开孟棠的衣服，摸向那白皙细腻的皮肤，指尖一寸寸感受上面的温暖与柔嫩。朕明白了，你是朕的通房丫头。孟唐，孟唐一阵无语。而且楚艺这才多大，就已经有通房丫头了吗？这也太小了，胡说八道的吧？孟唐问。陛下这么小时就和通房丫头做这种事了吗？楚艺一,一阵茫然，随后果断摇了摇头，没有。通房丫头也厌恶朕。他低下头，冲着他的脸啃上去，糊了孟唐一脸口水。 说道：“只有你，只有你。”第二天天还未亮，孟堂便扶着酸软的腰肢起身。昨晚还是侍寝了，好气，避了这么多天，还是没避开侍寝这茬。但没关系，只要楚艺不知道是他，别总是来找他就行。孟堂穿好衣裳，走出门，李长福正在外等着，彻夜未眠。他连忙问：“陛下如何了？”“陛下睡得正好，已经无碍了。”李长福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多亏了娘娘。”孟堂嘱咐道：“陛下问起就说是小宫女趁机偷溜进去的，能混过去最好，混不过去。” 陛下若是要责罚昨夜守备失责的下人，便将我供出去。娘娘，奴才明白。孟堂点了点头，离开。这事可以暂且压着，待到日后他受了委屈再爆出来，想来很能长一波好感。楚艺今日到了四时才起，发病后的后遗症，他头痛的厉害。楚艺捂着头起身，漆黑如瀑的发丝顺着明黄的礼衣流泻而下，脖颈上还残留一道鲜红的吻痕，风流又性感。一道穿着素白宫装的女人身影在脑海中若隐若现，楚艺隐约记得，他昨晚似乎宠幸了个宫女，在楚艺印象中。 那宫女容颜秀美，性格婉约，有着一把好嗓子，唱出的曲子美到能迅速安抚她内心的暴动。与孟唐很像，但孟唐正被禁足，闭门不出，怎会来这乾清宫？他向来手里也从未做过抗旨不遵的事情来。厨艺摇了摇头，他起身，在脚边捡到了一条碧绿色的宫绦，是宫女们一贯佩戴的式样。厨艺叫了声李长福进来，李长福听到声音，连忙走了进来，行礼道：“陛下醒了，奴才这就差人来服侍陛下起身。”厨艺坐在床边上，指着一袭明黄礼衣。 他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不必了。”他手上正把玩着一条公绦。楚仪问：“昨晚何人来过？”李长福跪着叩首，说：“回陛下，昨夜一切安好，无人来过。”楚仪沉默了会，声音低沉：“是吗？”李长福隐隐不安。楚仪将手上的公绦扔到他面前，道：“朕昨夜就急发作，有宫女偷偷溜进了乾清宫，安抚了朕，给朕去查，掘地三尺也要把这宫女找出来。”是，陛下，奴才这就差人去找。孟堂既不想现在暴露，自是安排好了人。 因此，李长福没过多久就领着一个小宫女回乾清宫复命了。乾清宫小宫女服手在的，她身躯不停的抖。这小宫女长得和孟堂很像，却不及孟堂美丽大方，只是眉眼间那抹温婉柔和与孟堂极为相似。奴婢见过陛下，绿衣紧张极了。今早皇后娘娘私底下派人找到她，说是给她寻了份好差事，做好了荣华富贵加身，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做不好掉脑袋。问她愿不愿意，绿衣当然愿意，不为其他，就为这份荣华富贵。再者，绿衣想。 虽外界传闻陛下可怕的很，如今一瞧，比不知多少金钟贵胄还要俊美。若真有成为妃嫔的机会，他是肯定要抓住的。抬起头来，楚艺坐在床边上，一只脚踩在床沿，慵懒不羁的样子。绿衣缓缓抬头，眸中是遮掩不住的野心。楚艺瞧着他的眉眼，像又不像，总觉得昨晚的人更加的美好灵动，而不是这般满腹野心、急于往上爬的样子。楚艺问他可会唱小曲，绿衣轻轻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回陛下，奴婢会。”楚艺便让他唱了曲《江南》。 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绿衣唱完，红着脸望向楚艺，等待楚艺发话。楚艺问李长福：“确定是他？”李长福忙道：“就是他。别说，就冲着这份神韵和歌喉，和皇后娘娘还真有些相似。”李长福想着，恐怕后宫又要多出一位嫔妃来了。瞧陛下这副模样，也不像是不满意的样子。皇后娘娘特地安排了这样一个人贴心的人给陛下，自个也不吃醋，实在太大方了。孰料楚艺的下一句话打破了李长福的幻想。楚艺闭了闭眼，道：“拖出去，乱棍打死。” 这话落，绿衣和李长福齐齐一惊，绿衣煞白了一张小脸，李长福也不解道：“可是这婢子不合陛下心意？”绿衣扑通扑通的磕着头，道：“陛下，陛下，奴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望陛下能够饶奴一命。”他声音尖利，先前装出了婉约柔和，荡然无存。楚艺冷冷道：“敢避过乾清宫的人来爬朕的龙床，这般心机叵测、不知检点的女人，朕平生最是厌恶。拖下去打死，给朕用力点，朕要听到他的惨叫，让满宫的人都听听，看看以后。” 何人还敢这样做？这是杀鸡儆猴呢！他们陛下果然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心。还有昨夜当值的侍卫、太监、宫女，全都送去慎刑司。包括你，李长福！李长福，我看你是昏了头了。朕就急发作的时候，竟敢让旁人进来！李长福咚的一声跪在地上，道：“陛下，陛下息怒啊！”楚艺冷笑，他瞧着那宫女的脸，满脸厌恶。什么货色也配来爬朕的床？赶紧拖出去杖毙！朕瞧了心烦。绿衣吓哭了，好好的一张小脸，哭的胭脂灰尘糊作一团。 他情急之下大叫道：“不是奴，不是奴，陛下是皇后娘娘让奴这般做的。昨夜侍寝的不是奴，是皇后啊！”楚意起身，乌黑的眸直直逼视他，威严逼人。他道：“哦。”绿衣匍匐在地上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都是都是娘娘的主意，娘娘今早派人找到奴，说是说是让奴认领下昨夜市集一事。”绿衣咚咚咚的磕着响头，说：“那可是皇后娘娘，奴婢怎敢反抗？都是娘娘逼奴婢的。” 这不是奴婢的本意，求陛下明鉴啊！楚一气笑了，他道：“你说都是皇后逼的，你其实也不想是吗？”“是，奴怎敢犯下这等欺君之罪？皇后威胁奴，若奴不从，奴和奴的家人会死。如今他口不择言了，一听到皇帝要乱棍打死自己，连忙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皇后的身上。对，都是皇后怂恿他这么干的，都怪皇后，全然忘了皇后当初说的这份差事亦有可能掉脑袋这句话。”李长福，你来说。 昨晚进朕寝殿的是皇后吗？李长福心里叹了口气，心想还是瞒不住了。当时娘娘也说了，若是瞒不住，尽管将她供出去。便道：“是，确实是娘娘。只是娘娘如今正在禁足中，因为陛下就急发作，娘娘这才冒死赶来，怕事后陛下知道了会气坏了身子，这才令奴才将此事瞒着。至于绿衣此人，本是浣衣局的一个小宫女，是自愿来顶世疾之功的。娘娘并未逼迫她。行了，朕知道梓潼是什么样的人，朕能不明白？他不悦地瞥了李长福一眼。 随后目光扫向绿衣，道：“污蔑皇后，拖下去杖毙，这才对。昨晚那样空灵的歌喉，唯有他的紫瞳有，也唯有紫瞳能安抚疯癫的他。”楚意自嘲一笑，他怎会认为是旁人呢？再不给绿衣开口的机会，两个小太监连拖带拽的将绿衣弄出了乾清宫。楚意心口憋着口气，他的皇后啊，嘴上说着不愿再做皇后，瞧他就急发作，却又心疼成那副模样。昨夜雨下的那样大，他可有着凉？孟堂昨晚淋了雨，回来时还是染了风寒。他喝完太医熬的药。 神情恹恹的躺在榻上，说：“不知怎地，本宫这眼皮子一直跳。不过想到宫中恐要有新嫔妃了，她短时间内不用侍寝了，又舒心了。”娘娘琳琅走进来，她脸色不太好看。孟堂放下手上的药碗，问：“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？绿衣被乱棍打死了。”孟堂身体一僵，先前的那点舒心不见了，眉头微微皱起。听闻今早陛下盛怒，绿衣妄图爬陛下的龙床，还污蔑皇后娘娘，这才被陛下下令乱棍打死，死前叫的可惨了。 属下听闻，陛下是故意让人这样做的，为的就是杀鸡儆猴，让那些有小心思的都听听心思，不用在正途会有什么下场。孟堂叹了口气：“是我害了他，怎么能说是娘娘的错呢？那都是绿衣自愿的，反倒是绿衣临死前污蔑娘娘，说都是受了娘娘的威胁。此人本就该死。”孟堂笑不出来了。厨艺应当知晓昨夜侍寝的是他了，烦，头疼。孟堂满脑子都是莫挨老子，真的不想厨艺总是来缠着自己。他来时，自己还得陪他演戏，累得慌。演戏还不算什么。 事情才叫人身心疲惫，他这身子就跟被车碾过了似的，又染了风寒，身上处处都疼。希望楚艺能够做个人。孟唐胆战心惊了一天，以为楚艺知道真相后会来找他，然而却并没有。入了夜，孟唐洗漱完，正要上床，门被人扣了扣，琳琅的声音传来：“娘娘，奴才有事要禀告。”孟唐坐回榻上，道：“进来吧。”琳琅手上端着杯茶，盛了上去，道：“娘娘先用杯热茶润润嗓子。”孟唐没有怀疑，接过饮了一口，说。 你有何事要与本宫禀告？说吧，娘娘，且伸手。琳琅笑着说道。孟棠觉得今晚的琳琅有些奇怪，但她没多想。琳琅有些功夫在身上，且向来是个靠得住的。孟棠便依言伸出了手。琳琅握住孟棠纤细的手腕，随即用力一拽，将人拽下了榻。孟棠没有设防，身子不自觉的朝琳琅扑了过去。她惊愕的望向他，琳琅唇角缓,缓缓勾起，将美人抱了个满怀。她凑在孟棠的脖颈间，语气痴迷的说道：“娘娘，你好香，大大胆。”孟棠瞬间感觉不太对劲。 声音哑得厉害，身子也开始不自觉地发起热来。琳琅，你做什么？他的手轻柔地抚摸着她眼角，眼角仿佛进了胭脂，红艳艳的。娘娘，奴才来侍奉娘娘。你不是琳琅。孟堂当机立断道。琳琅唇角缓缓勾起，她笑容很是邪气，眼尾也上挑着，使得琳琅那张平凡的面容变得生动俊美了起来。我不是琳琅，那娘娘说说看，我是谁？他附在孟堂耳边吹着热气，暗哑的嗓音一下一下地勾着她。我是谁？嗯，来，来人。 快来人！他提高声音，迫不及待地叫人。别叫了，娘娘，这会大伙都睡下了，您就算叫破了嗓子，也不会有人过来。男人语气里带着笑意。孟堂又惊又怕道：“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奴才能做什么？不过是让他们多睡会罢了。奴才倒是没想到，堂堂一国之母，在人怀里时竟会是这么一副美艳模样。看来这次进宫采花，倒也不算亏了。你放过我，孟堂眼里出现了泪花。那可不行，我进宫一趟不容易，必须要得到些什么才行。娘娘好美，让奴才窃香一次。” 亲个小嘴，可好？他说话风流又下流，孟堂装出一副厌恶的样。他颤抖着说道：“那本宫便自尽，似是真的怕他再自尽。毕竟这是有过前科了。”孟堂爱他爱得要死，旁的男人碰一下便咬舌。他将指尖没入他唇中，抵住他牙齿，以防真的咬舌。我的好子彤，别怕，是朕。其实，在琳琅进来的那刻，孟堂便已经认出了他。毕竟狗皇帝身上有一根无法忽视的好感进度条。只是他没想到楚意会这么狗，竟然会假扮成琳琅的样子调戏他。 孟棠演得很入戏，他面露迷茫，口齿不清的问：“陛下，真的是陛下？”楚意将手拿了出来，撕了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道：“是朕。”孟棠伏在他肩膀上，小声的啜泣着，泪珠一颗一颗打在男人肩头。臣妾还以为，还以为真的是采花贼。楚意伸手摸了把他湿漉漉的小脸，说：“这回知道怕了。”嗯。孟棠眼眶通红，情真意切的说道：“若是真被采花贼碰了，臣妾便不活了。”楚意发出一阵轻笑，说。 你被采花贼碰了便不活了，那朕呢？朕被陌生女人碰了也不活了。臣妾不懂，陛下在说什么？孟堂哽咽着说道。楚意将人打横抱起，放上床。他问：“你不懂？真不懂？假不懂？还跟朕装呢？”臣妾没有装，不装是不可能的。谁叫楚意就喜欢小百花？楚意包了他的衣裳，往他身上摸，道：“朕知道，朕被旁的女人碰了后也恶心的紧。紫瞳怎地不为朕想想？”孟堂咬着唇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。楚意爱极了他这副模样，他忍不住了。 许久未碰他，昨夜又是在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，楚艺真的想死他了。本想等到孟唐冷静后再来他这里，但昨夜碰了一次后，楚艺便一直想着念着他。陛下给臣妾吃了什么？好热！楚艺吻着他的唇，贴上去说道：“助兴的要罢了。”孟唐听到这句话，心都凉了。他身子还没好，楚艺就这样玩，也太禽兽了。孟唐便道：“臣妾，臣妾染了风寒，陛下还是不要碰臣妾了，免得也过了风寒，那可就是臣妾的罪责了。怕什么？真染了。” 不怪你，他捏着他柔嫩的小脸，道：“梓潼还未和朕说，昨夜是不是你？”嗯，孟棠摇着头，慌张道：“不是，不是臣妾。”床吱呀一声晃了一下，他不承认，他便逼着他承认。他又问：“是不是？”嗯，孟棠呜咽了一声：“真不是。”床再次轻晃，他问他：“是不是？”不，他伸手往床外爬，厨艺便将他捞回来。那床都晃成了筛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非逼着他承认，他使着力，不承认就让他哭。 让他疼，这场折磨持续到四更天。孟堂起初嘴硬，后面便哭着喊：“是臣妾，是臣妾。”可即便他承认了，男人也不肯放过他，那床反而晃得更厉害。孟堂嗓子都哑了，躺在床上连根手指头都动不了。都说没有耕坏的田，只有累死的牛。可即便经历了这么一场酣畅淋漓的情事，男人看起来也依旧精力旺盛。而孟堂就像那耕坏的田，楚艺将他搂在怀里，肉贴着肉，热汗湿了他脸颊边的发丝。她唇角微微勾着，眼睛却亮得很。紫瞳，乖。 沐个玉在睡，男人轻哄孟棠没有音，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。他低哑的声音里带着打趣：“怎么要让朕抱你去伺候你沐浴？”孟棠已经睡着，自是不会回答他。男人便自问自答道：“真拿你没办法，仅此一次。”厨艺将他抱起，赤着脚跨进浴桶，浴桶太小，两人面对着面。孟棠坐在他腿上，头温顺地靠在男人肩膀上。厨艺被热水蒸的脖子、胸膛红了一片，他侧手瞧着孟棠苍白脆弱的容颜，又来了感觉。紫瞳，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 不说话，便当你应了。天都快亮了，孟棠在浴桶中又被他闹醒了。他惊呼一声：“陛下，陛下，我不行了！”楚意将他未尽的话语吞没到唇齿间，一阵强取豪夺，水面哗啦晃动，热水溢出了浴桶，浇了满地。听说皇后病得更重了，从偶感风寒变成了病入膏肓。一早十几个太医往坤宁宫赶，都说皇后这不是得了风寒，而是陛下要废后，皇后被禁足宫中三个月，导致的抑郁成疾。玉华宫里喜气洋洋。 萧红云听到这个消息，恨不得放鞭炮。萧红云捧着茶，浅浅喝了一口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听人说，今早坤宁宫去了十几个太医，皇后娘娘病得不轻啊，别是快病死了吧？”采薇立马遮住她的嘴，道：“娘娘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诅咒皇后死被旁人听见了，又要惹上麻烦了。而且娘娘前段时日不是已经跟皇后娘娘和解了吗？您还帮过她，她也帮过您呢。”萧红云轻嗤一声，她因为先前云锦一事，一直对孟堂心怀怨恨。她道：“此一时，非彼一时。”萧红云起身。 抬手搭在采薇的手背上，道：“走，随本宫去坤宁宫看热闹去。”萧红云这些日子过得不舒心极了。自从上次皇帝来过他这里一次，盛怒离开后，就再也没来过了。连掌上舞也不惜的看了。没事儿，他过得不好，皇后过得更不好。这样一想，萧红云内心顿时舒坦了许多。路上，萧红云又遇到了梅妃、香妃等人。香妃深居简出，鲜少出他那流云殿。今日没成想，大伙都在半路上遇到了。香妃柔柔问道：“妹妹们可是去坤宁宫？” 香妃在几位妃位嫔妃中是唯一一个有封号的，自然比其他几位尊贵些。萧妃态度漠然，爱答不理道：“姐姐们也去坤宁宫。眉无嘴”梅妃捂嘴笑着说道：“臣妾听闻皇后娘娘身子不适，特敢去看望呢。”三人心照不宣，哪里是去探病，分明是去看皇后娘娘的笑话的。皇后娘娘先前独占陛下一个月三十日，陛下有二十五日都去她那，这回皇后娘娘重病，可不得去好好瞧瞧，看看她落魄时的狼狈样。既遇上了，三人便结伴去了坤宁宫。 陛下虽然进了皇后娘娘的族，但并未不准其他宫室的妃子们探望。侍卫将几位娘娘放了进去。方宁正在前院扫洒，看到来人，连忙行礼：“奴婢见过香妃娘娘、梅妃娘娘、萧妃娘娘。”梅妃笑着说道：“听闻皇后娘娘今日病得厉害，我们特来瞧瞧。瞧，我还熬了上好的乳鸽汤，这是我今早亲手熬的呢。”香妃也咳嗽了两声，说道：“娘娘偶感风寒，我特地为娘娘绣了一件花开富贵的狐裘。”三人里唯有萧妃空着手，梅妃和香妃齐齐望向萧妃，萧妃莫名尴尬。 想想他今日是来看笑话的，走得急，便什么也没带。萧妃道：“臣妾担心娘娘凤体走得急了些，等回头我让采薇送点鸡汤过来，温阳补气，对风寒甚好。”方宁道：“谢谢娘娘们的好意。如今皇后娘娘卧病在床，恐不能见客，以免将风寒传给了几位娘娘。这有什么？娘娘生病自然是头等要事，臣妾不看一看，怎能放下心来？”说完，梅妃带着人往里走，采薇拦也拦不住。萧红云和香妃对视了一眼，跟在身后。孟堂瞧着病得真的很重。 一张小脸苍白无比，嘴唇毫无血色，就连那双顾盼生辉的眸子也变得无光无神。孟堂浑身都酸疼的厉害，动一下都难受。三人走进来，瞧见孟堂这副憔悴样，是真的相信他病重了。不止病重，恐怕禁足的这三个月，他还抑郁成疾了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听闻皇后娘娘病了，臣妾特来看望。孟堂倦怠的靠在软垫上，楚艺昨晚实在太禽兽，他如果会死，一定是死在楚艺的床上。他一身骨头，动一下都疼。他虚弱开口：“起吧。”梅妃和香妃对视了一眼。 看来传闻是真的，皇后娘娘因为禁足失去圣心，皇上有意废后，恐怕皇后就是因为这些才会抑郁成疾，否则小小的风寒怎会将她磋磨成这样？孟堂和梅妃、香妃不咸不淡的说了几句话，两人便告辞了，只剩下萧妃。萧妃来时是为了看孟堂笑话，可如今看到孟堂这副惨样，顿时又笑不出来了。萧妃站在床前，问他：“皇后娘娘，您这是快死了吗？”孟堂一怔，萧妃说话总是这样，不惧她皇后的身份，直来直往。孟堂叹了口气，故作忧愁道。 可能本宫真的快死了吧，快被楚仪弄死了。萧妃看到他这副半死不活的样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不就是被禁足吗？至于这般要死要活吗？他如今被皇帝厌弃，还不是吃嘛嘛香？有什么大不了？没有男人还不行了吗？萧妃说：“你看看你自己这副模样，陛下禁足你，你便不活了？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是给谁看？你以为陛下瞧见会心疼吗？你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陛下可有来看过你一眼？”孟棠沉默。萧红云他。 好像误会了什么，他是因为事情才会如此。萧红云继续道：“你知不知，现在外界都在传陛下要废后，你若是死了，岂不是正如了他们的意？今日和我一起来的香妃、梅妃，我看他俩就巴不得你死呢。”萧红云看他这副虚弱样，顿时恨铁不成钢。失宠了，就在想办法争宠，就是他平日主意不是多得很吗？怎么轮到自己了，倒是不会用啊。看到萧红云如此担忧的模样，孟棠忍不住为自己解释一句：“萧妃妹妹，你误会了。”萧红云生气道：“我误会什么了？” 难道你现在不是一副半死不活样？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生气，但瞧见孟棠将自己弄成这副模样，还是忍不住恼怒。见过孟棠凤仪万千的样子，和如今这副病容满面，实在相差过大。孟棠。萧红云道：“皇后娘娘，陛下如今还没有废后，你大可为自己再争一争。你躺在这里抑郁成疾，又有什么用吗？旁人会高看你一眼吗？”萧红云语重心长，他继续道：“你风光时，他们羡慕嫉妒；你落魄了，平日那些巴结奉承你的人。” 他们可有多看你一眼？你不为着自己想想，也要为你们孟家想想。你父亲如果看到你变成这样，得多心痛。你们孟家可就剩你大哥和你了，难道要让你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不过想到楚艺那彻夜耕耘的镜头，说不定还真至于。孟唐诡异的沉默了下来。萧红云以为他听进去了自己的话，便道：“你看看你，连宫里的侍女太监待你都不尽心了。你要是真想死，直接上吊，一了百了，也免得做出这副模样给我看。不就是一个男人，为了个男人？” 将自己折腾成这样值吗？本宫前段时日也被陛下厌弃了，你看本宫可有半点不是？大不了以后再争宠就是了。皇上后宫那么多女人，你若死了，这后位可就真轮到别人了。孟堂今日就没笑过，他身子不舒服，实在笑不出来。然而如今听了萧红云这番话，却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这次他语气真挚了许多，说：“谢谢萧妃妹妹，谢我有什么用？我说的你可听进去了？”孟堂不答，他反问道：“萧妃妹妹说自己被陛下厌弃了？” 是怎么一回事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！就因为那务府那帮奴才觉得你失宠了，把往日里送去你那儿的云锦先给了本宫，导致陛下看到了大发雷霆，当着那么多下人的面让人扒了我身上的衣服，我脸面都丢尽了。你看我，这不是比你更丢脸吗？我可有想不开，就算丢脸又如何？日子还是要过的，总不能就因为这件事我就要死要活吧？孟棠觉得他有些可爱，他家中没有妹妹，此刻对萧红云倒真有几分对妹妹的真情了。孟棠捂着嘴咳嗽了两声。 他沉思片刻，道：“妹妹可想重新获得恩宠？”萧红云当然想，但因为那件事，陛下直接连掌上舞都不愿意看了。他又要如何重获圣宠呢？孟唐说：“你父亲的燕南军即将班师回朝，他不会冷落你太久。不过，如果你想快点获得恩宠的话，可以这样做。”萧红云下意识问：“怎样做？”称病。萧红云皱着眉道：“称病？可我先前称病八次，陛下早已对我不信了，还命人灌汤药让我真病。你也知道，你称病八次过分了啊！”孟棠一阵无语。 先前你用的法子不对，既是要称病，便是要真病，端看你敢不敢了。回去泡泡冷水澡吧，就说是从本宫这儿过了风寒。等到晚上，陛下回乾清宫时会路过明河小道，妹妹可在那儿候着，装作偶遇，假装去太医院抓药。记得你一个人去便可，穿素净点，脸色化苍白些，做出一副失宠后任人糟践的样儿。孟堂抱着汤婆子，神色温和，他道：“即便是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陛下瞧见那样的你，也不会放着不管的。否则你若过得不好，你父亲回来后定会勃然大怒。” 燕南刚告捷，前线将士在外拼杀，你却在后宫受尽搓磨，难免会叫你父亲寒心。萧红云隐约明白了，他不能装病，陛下厌恶虚伪做作的人，他得真病。他连忙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多谢娘娘献策。”萧红云正要起身离开，眉头忽地皱起，望向床上的孟棠，说道：“等等，你既有办法笼络圣心，为何不为自己考虑考虑？是因为禁足，所以限制了你的发挥吗？你放心，等本宫重获圣宠，一定会帮你说好话，让陛下放你出来的。不必。” 孟棠话还没说完，萧红云便已然风风火火的离开了寝殿。孟棠，不是他真没那个意思，他也没抑郁成疾。离开坤宁宫前，萧红云又在前院瞧见了方宁。萧红云走过去，皱着眉道：“你别瞧着你们家主子如今落魄了，便怠慢她。她如今还是皇后，陛下也没废后。若是被我知晓你们这些下人待她不好，我头一个不放过你们。”方宁目光复杂，但瞧见萧妃如此维护自家娘娘，心底也是舒心的。她行了行礼，道：“萧妃娘娘安心。” 奴婢会照顾好皇后娘娘的。萧红云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梅妃和香妃竟还站在坤宁宫外未走，看到她走出来，梅妃笑着说道：“瞧皇后娘娘那气色，我看啊，她是真的时日无多了。”香妃了轻声道：“往日有多得意，现下便有多落魄，这便是失去圣心的下场。妹妹们可要警醒些。”萧红云听到这话，只觉得刺耳至极。她说：“失去圣心总比从来没有获得过圣心强。我听闻香妃妹妹进宫后，陛下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你那呢。” 香妃脸色一变，萧红云不欲与他们多说，上了轿撵直接离去。坤宁宫内，方宁走进来，他道：“没想到萧妃娘娘瞧着是个嚣张跋扈的，心肠却不错呢。离开前特地让奴才们好好照顾娘娘，否则便要教训奴才呢。”孟棠也忍不住笑了，他道：“嗯，她心不坏，只是被家中惯坏了而已。平素里她父兄溺爱她，行事难免横行无忌了些。希望这次萧红云能够给力，她不愿再做那耕坏的田。”方宁道：“不过现下外界都在传陛下要废后，说娘娘您是抑郁成疾。” 想来今日那几位娘娘也是为了一探虚实而来，如今看到娘娘这副模样，恐怕都当了真吧。本来皇后娘娘抑郁成疾这件事还有人不信，梅妃和香妃几人去过坤宁宫一趟后，这传闻变成了真。梅妃一派的嫔妃聚在一起，嗑着瓜子聊着这新鲜事。我倒是没想到，这次竟然连一向深居简出的香妃都去了皇后娘娘那看热闹。孟堂做了七年皇后，前些年也没见陛下有多看重她，甚至轮到她侍寝时，陛下还会来找咱们，根本不将她放在眼里。这两年也不知怎么了。 突然就给陛下亲眼了。前朝也在说废后的事，想来陛下是真的厌烦了他。梅妃听见这些话，唇角挂着浅笑。若说如今后宫除了他孟唐，可就数梅妃最的是。梅妃她不是最受宠的，却是宫里地位最稳定的。即便是孟唐侍寝次数最多的那个月，陛下也翻了梅妃的牌子。孟唐若是被废了，这后位还不是能者未知？梅妃半真半假的说道：“妹妹慎言，陛下如今还没废后呢。”梅妃姐姐，我可瞧见了，今日皇后娘娘那个脸色煞白的，瞧着时日无多的样。 真的病到那程度了，可不是连下地都不能了。今早十几个太医往坤宁宫跑，可不是谣言。梅妃也应道：“确实如此。”皇后病得厉害，妹妹们若有空，可多去看望看望，疏解皇后娘娘的心结。连梅妃姐姐都这样说了，看来皇后娘娘真的病入膏肓了。谁会喜欢一个病恹恹的呀？也不嫌晦气。想来陛下更不会去她那了。陛下都三个多月未去了，好不容易去了一次，还转到去了萧妃那。皇后娘娘这次是真的路走到头了，没有比亲眼看到皇后满脸病容的样子更有说服力了。 梅妃想到孟棠那股虚弱样，眼底的笑意渐渐加深。到了中午，陛下派公公过来传话，各位小主们，陛下想与各宫小主一同用个膳，并且商量端午祈福事宜。月嫔笑道：“本来端午出宫祈福，陛下是让皇后娘娘和萧妃半价，如今皇后娘娘病成这样，肯定是去不成了。”她目光落到梅妃身上，说道：“这下梅妃姐姐可有福气了，宫中除了您，没有旁人有资格半价了。”梅妃手上的团扇遮着嘴，笑开了花，显然心底也是这样想的。与此同时，玉华宫萧红云也接到了这个消息。 他说：“孟唐病成这样，铁定是去不了了。陛下该不会让梅妃或者香妃顶替孟唐吧？”想到这里，不知为何心里堵得慌。他道：“不行，祭天祈福这种事本来就该帝后一起，即便皇后娘娘病着，也该同陛下一同前往，说不定还能去去病气。”他目光坚定道：“我会劝劝陛下的。”想到孟唐那副半死不活的样，又觉得他当真可怜，瞧着连饭都吃不饱的样子。等他重获圣心后，定会在陛下面前替孟唐说两句好话，让他日子好过一点。 乾清宫妃子们都到了，楚艺也坐在上侧，楚艺身边属于皇后娘娘的位置还空着。嫔妃在下面小声说着话，陛下请了这么多小主，却唯独没请皇后娘娘来。皇后娘娘正被禁足呢，来什么呀？连家宴也不让参加。陛下已经厌恶皇后娘娘到如此地步了吗？不然你以为呢？若非陛下厌弃至此，娘娘能抑郁成疾？萧红云听到这些话，心里不舒坦。他开口道：“陛下，皇后娘娘不在吗？”楚艺听到这话。 有些头疼，正是因为这满宫流言，他才设了这午宴，请孟唐过来为孟唐澄清。可坤宁宫的人说他身子是真的不适，厨艺这下也有点后悔了。昨晚似乎自己真的做的太狠，累着他了。厨艺道：“已派人去请。”话刚落，孟唐便被人扶着走了进来。他脸色苍白，身子消瘦羸弱，要让一旁的宫女扶着，脸上一点气色也无。他今日没上妆，更显憔悴了。周围的嫔妃们看到这一幕，瞬间都静住了，止住了话头，目不转睛的看着他，没亲眼见过吗？孟棠病容的。 此刻却真的相信了皇后病入膏肓命不久矣的传言，这连走路都需要人扶着，竟然已经病重至此。孟堂只是下面很疼，身子也难受的紧，所以才需要人扶着。臣妾见过陛下。孟堂正要行礼，楚一大步流星的走了下来，握住了孟堂的小手，眼里满是温情，道：“梓潼不必如此。”孟堂轻轻怔了怔，他瞥了眼四周的嫔妃，轻声道：“姐姐妹妹们都在，原是臣妾不配与众姐妹用膳，别让姐妹们被臣妾过了病气。”楚一知晓昨晚自己做的太狠，孔孟堂心里怨着她。 才会说出这种话来，这等阴阳怪气的话，听在他耳中却成了撒娇。楚艺心情逐渐愉悦，道、哦：“子彤，莫要这样说，禁足三个月已经够了吧？朕想放你出来，你偏要将自己关在那屋中，你这不是在折磨你，是在折磨朕。见不着你的这段时间，朕日日都在想你，子彤，你可知这这三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？”孟棠说：“臣妾犯了错，自当受罚，禁足而已。臣妾不觉得这是折磨，可朕一开始就未怪你。” 你又何必总是自请废后来刺激朕？朕是不会同意废后的。子瞳，孟唐抬头，安静的注视他。厨艺继续道：“朕不想废后，你就将自己关在坤宁宫，逼迫朕废后。朕希望你能明白，朕唯一的皇后只有你。你想被废被贬，除非等到下辈子。”众嫔妃，萧红云，信息量好大。不是说陛下已经厌弃了皇后？不是说陛下要废后？不是说皇后因为此事抑郁成疾？就连梅妃和香妃也不淡定了，都以为皇后失宠。是这失宠的哪里是皇后？ 是陛下吧？陛下那副情意绵绵的样子，反观皇后呢？冷冷淡淡，不甚在意。还有废后的那谣言，竟然是皇后娘娘自请废后的。皇后莫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吧？否则好好的皇后不愿做。陛下犯了错就该罚，为人妻者当以身作则。孟堂语气轻柔，嫔妃们目光复杂的看向她，当以身作则，所以就自请废后。他们根本连皇后娘娘犯了什么错都不知，只知娘娘在三个月前曾惹恼了陛下。紫瞳楚意握着他的小手。 他说：“何为对，何为错？朕是九五之尊，是天下共主，朕的话便是对。这般深情款款，孟棠一看进度条，还是四十六。昨晚被耕耘了一夜，纹丝不动。楚意是真的没有心，如今这番表现，又搞得跟爱死了他一样。若是不知真相的，孔真以为楚意对他情深至此，想来是他父亲施了压，楚意这才不得已而为之。想打破这废后传闻，不管是于孟家而言，还是对楚意来说，废后都是不可能的，利益牵扯太大。若是废后。” 朝堂局势则会发生变化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说完这话，楚艺便牵着他的手朝上座走去，落了座。男人目光在他憔悴的脸上打量，语气不由得放柔，问：“今早可用了补药？”孟堂内心冷笑，果然不止他会演，狗皇帝也很会演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还惦记着补药，生怕他没喝碧子汤，为他留了种。孟堂说，唇角微微勾起，说：“陛下赐下的补药，臣妾自然是要服用的。”楚艺捏了捏他的小手，道、哦：“朕是为了你的身子好，臣妾明白。” 反正他也不想为他孕子，且他找人查过，这药确实是温补良药，不伤身子。紫瞳，你能明白朕的苦心就好。你瞧瞧你，这段时间受了这么多，朕瞧着当真是心疼。楚意抚了抚他的面庞，陛下多虑了，臣妾无碍，臣妾只是染了风寒，不是什么大病。说完，他咳嗽了两声，都怪朕，明知你身子没好，朕还……他眼神暧昧。陛下既知道，下次莫要这般行事了。臣妾如今正被禁足，服侍不了陛下，莫要再提禁足。朕都说了，要解了你这禁足，紫瞳怎地如此冥顽不灵？ 楚一唇脚下压，随即孟堂便瞧见那进度条，肉眼可见的正要往下跌，摇摇欲坠。玩过火了，孟堂叹了口气，连忙补救，语气里带着淡淡的愁绪。也罢，臣妾瞧着陛下这段时日好像也瘦了些，在臣妾禁足这段时日，陛下是不是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子？楚一道：“朕白日想着你，晚上念着你，你说朕怎能休息得好？”男人一副情意绵长、深情不悔的模样，是臣妾的不是了。既如此，禁足一事，臣妾不会再提了。只要。 只要陛下不怪臣妾，臣妾便已然感恩戴德了。他冲着楚艺柔柔一笑，那摇摇欲坠的好感进度值稳住了，没有下跌。孟堂无声松了口气，事情想来又逃不掉了。没关系，只要萧妃能给力，他就还有一线生机。他冲着萧红云投去充满希冀的一眼，不要让本宫成为耕坏的田。谢谢萧红云，莫名其妙，看他作甚？萧红云现下是明白过来了，皇后根本一点也不可怜，都是自己做的。乾清宫中无人敢说话，安静的看着帝后，听着帝后的对话，他们听不懂其中暗藏的玄机。 只觉得皇帝对皇后是真的好。楚意望向下方妃子们，道：“季子彤只是偶感风寒，明天的祭天祈福大典，子彤会随朕一起去的吧？”“好，爱妃，你明日随朕和子彤一起。”楚意点了点萧红云，萧红云脸色发红，跪在地上行了个礼，说道：“是，陛下。出宫这两日，六宫暂且交由梅妃打理，暂次协理六宫之权。香妃从旁辅佐，待到朕和子彤归来，再将协理六宫之权交还于子彤。”楚意满面柔情的望向孟棠，问：“这样安排可好？”孟棠道。 陛下的安排自是极好，梅妃盈盈一拜，臣妾定会打理好后宫，不叫陛下和皇后娘娘忧心。嗯，楚仪笑着给孟唐夹菜，孟唐也笑着给楚仪夹了一块。帝后之间堪称琴瑟和鸣，令人好不艳羡。只有孟唐知晓，这一切都是虚假的。楚仪只单纯对他的身子有欲望，至于感情，连及格线都没碰到。而他对楚仪亦是虚情假意，连身子都不缠的那种，恨不得不用见面就能刷满好感度。一顿午宴，众嫔妃吃的没滋没味。待到午宴散了，众人各自回宫后。 大殿内，梅妃终于忍不住，愤怒地摔了桌上的茶盏。贱人，梅妃娘娘息怒。婢女连忙劝道：“本以为半价出行势在必得，岂料皇后那抑郁成疾竟是假的。既如此，又为何要做出那么一副虚弱样？”梅妃想到一早十几个太医往坤宁宫赶的传闻，怕不是那孟堂做出来，特地给人看的罢。从前他就觉得孟堂是假贤良，每个举动里都透露着算计。如今看他这般受到陛下宠爱，心中越发肯定了这个猜想。他怕不是在装柔弱、扮可怜，故意吸引陛下的注意。 月嫔走进来说：“真是没想到，陛下对皇后娘娘竟不是我们猜想的那般。”另外一个小主立马应道：“是啊，但那又如何？陛下还是暂且将协理六宫职权交给了娘娘您。”月嫔说：“娘娘别急，这协理六宫之权交出来一还回去难。只要等皇后娘娘回宫后，让她犯点小错，您便能将协理六宫之权稳稳攥在手心上。什么恩宠都是假的，陛下后宫女人那么多，哪能做到真心二字？唯有攥在手中的权力才是真的。娘娘，您说是吗？” 梅妃听到这番话，冷静了下来。她道：“你说的没错，等皇后回宫后，再想让本宫归还协理六宫之权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娘娘能想明白就好。皇后娘娘病入膏肓这件事，说到底也是咱们没弄清事情的始末，被骗了。皇后娘娘瞧着温婉，这一手以退为进，玩的真是妙。瞧瞧咱们陛下，只差跪下求他继续做这个皇后了。”坤宁宫，萧妃道：“既然你没有病入膏肓，为何装出这副虚弱样？” 他面露不悦，也觉得自己被孟唐给骗了。孟唐无奈道：“本宫是真虚弱，没有骗你。”萧飞不信，他道：“别骗人了，偶感风寒，哪有像你这样的，连走路都要人扶着？”孟唐一言难尽道：“本宫下面痛。”萧红云猛了下，没反应过来，问：“下面哪个下面？”孟唐看了眼四周，屋内无人，便附在萧红云耳边低声说了两个字。萧红云脸色瞬间红了起来，他满脸震惊地看着孟唐，说：“你，你那里好好的，怎么会疼啊？” 居然都严重到不能走路了。孟唐叹了口气，他是真的没有半点炫耀的心思，说：“事情，陛下昨夜来了本宫这。萧红云，原来事情会这般疼。你一早来坤宁宫，本宫便说了身子无碍，你偏不信，这下怪我。”萧红云支支吾吾道：“那能怪我吗？你知不知道你早上脸色有多难看？那副模样，任谁看了都觉得你要死了，好吗？既然你已无事，你你别多想。臣妾不是担心你，是怕你死了后，陛下会伤心。” 臣妾是为了陛下着想，不是关心你。孟棠忍不住笑了，他道：“好，你没有关心我，你是为着陛下。你我同为陛下的女人，我怎么会关心你？少自作多情！行，是我自作多情。”萧红云瞥了他两眼，转过头去，耳根却有些红。既然皇后娘娘凤体无事，臣妾就先回去了。萧红云万万没想到，孟棠身子不适的缘由竟是因为事情，实在荒谬，显得他先前的担心真的很多余。他还想多劝劝皇上解了皇后娘娘的禁足。 多去安慰安慰娘娘呢，她是真的自作多情。瞧咱们皇后娘娘，即便被禁了足，也依旧吸引的陛下来她这儿。再看看她自己，连事情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。可怜的明明是她自己。萧红云转身就想走，不想再看这位将自己做成这样的皇后娘娘了。越看越气，孟唐叫住了他，道：“妹妹，慢着。”萧红云驻足，问：“怎的？你还有事？”孟唐见他脸色红润，他问：“你可有按我说的去做？去泡一泡冷水澡？”他当然去泡了。 还泡了一上午呢，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子太康健，竟一点事也没有。别说偶感风寒了，那凉水他根本一点也没觉得冷。萧红云红着脸道：“你那法子一点都不管用，本宫泡了一上午，身子没有丝毫不适。”孟唐叹了口气。萧红云从小随萧将军骑马游猎，身子比常人康健些也是应该的。他唤了声方宁，方宁推门走了进来。孟唐道：“去将脚柜第三层的那包药拿出来。”“是，娘娘，那是一包用纸袋包裹的药，看不出里面是什么。”孟唐压低声音道：“将这药煮了。” 回去喝一剂，晚上便会出现发热的迹象。萧红云一惊，这是？放心，不会害人命，只是里面加了点西南的毒，服下后会让你产生风寒的症状。一晚上过去要笑解了便会好，用不用看你自己。萧红云犹豫了下，随即咬了咬牙，从方宁手上接过了那包药。孟棠这般熟练，想来他自己应当也用过，而且孟棠确实从未想过害他性命。臣妾多谢娘娘提点。孟棠点了下头，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出去。萧红云一定要给力，她这身子再侍寝是真的吃不消了。 楚艺比累死的牛还离谱，耕耘一晚上，竟还能精神抖擞地去早朝。夜色降临，楚艺本想去皇后那，昨夜实在是食髓之味，他还想再尝一遍，便对李长福道：“去坤宁宫。”是，陛下。龙辇经过冥河小道时，一道隐隐绰绰的声音出现在一旁。萧红云果真在这里偶遇了楚艺他站在一旁，恭恭敬敬地冲着楚意盈盈一拜：“臣妾见过陛下。”这声音令楚意认出了来人。楚意抬手道：“停下！”这楚意走下轿辇，来到萧红云面前。萧红云面色苍白，帕子捂着嘴。 轻轻咳嗽了两声，瞧着一副柔弱样。楚意问：“爱妃这么晚去哪？”萧红云眸里盛着水光，脸颊红得厉害。她道：“臣妾晚上发了高热，正要去太医院抓些药，怎地不让下人去？”萧红云想起孟堂的话，她忽地跪在了地上，纤瘦的身子微微颤抖，道：“如今陛下厌弃了臣妾，下边的人哪能听臣妾的话？”楚意注视着她，过了会，伸手摸上她的额头，感受到男人掌心的燥热。萧红云忍不住红了眼眶，这是进宫后陛下第一次主动碰她，果真烫的厉害。 此番应当是真的病了。楚意想，萧家燕南告捷，不日便要班师回京。若知晓萧家女在后宫任人糟践，楚意道：“朕送你回去。”李长福，你去请太医。是，陛下。萧红云受宠若惊道：“不用的，陛下，臣妾一个人可以。臣妾不想拖累陛下。”听到这话，楚意不禁想到了孟唐孟唐也说过这话。楚意对萧红云脸色好了几分：“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若是朕不管你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你半路晕死过去吗？”陛下，莫要再说了。 朕的龙辇难道还坐不下两个人？随朕上来。是此刻的楚艺是真的有几分温柔在的，这样的皇帝足够让人心动。萧红云心跳逐渐加速，脸色也更红了些。今晚陛下应当会宠幸她了吧？而这一切都要感谢皇后。到了玉华宫，楚艺让宫人们扶萧红云下轿。进玉华宫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宫内婢子太监都换了。”萧红云道：“采薇跟在臣妾身边许久，臣妾用惯了，可以不换采薇吗？”楚艺冲着她勾了勾唇：“好，爱妃喜欢便留着采薇。” 太医过来诊了脉，说萧妃娘娘只是偶感风寒，好好调理便好。厨艺问爱妃今日可是去探望皇后了？萧红云点了点头。厨艺道：“想来是在那时染上的。”萧红云连忙道：“和皇后娘娘无关，陛下莫要怪娘娘，娘娘也生了病。”厨艺听见这话，笑了，笑容邪得很，眼眸里露出些许兴味，问：“你当真关心皇后？”“妾身，妾身自然是关心娘娘的。你有这份心便好。皇后是后宫之首，嫔妃理应为她着想，以她为首。” 到了亥时，下人禀告，说是陛下去了萧妃娘娘那。孟棠松了口气，脸色也跟着好看了些。他道：“方宁，服侍本宫歇下，还好。今晚萧红云给力了一把，厨艺应当不会再来他这儿了。若是这都留不住厨艺，萧红云也着实废物了些。再废，也不至于废到如此地步吧？”萧红云怎么说也是大家闺秀，玉华宫带萧红云喝了药，厨艺起身道：“爱妃好生歇着。”萧红云慌忙道：“陛下今夜不留下吗？”厨艺语气里没有丝毫感情，他说：“朕还有要事。” 便不久留了，以免过了病气。明日还要去灵感寺祈福。你和皇后都病了，朕不能病。萧红云笑容苦涩，他想问问陛下，去皇后那时可有想过会被过了病气？他这么想着，便也这般问了。陛下去皇后娘娘那时，也觉得会被过了病气吗？萧红云自知此话他不该问出口，颇有些大逆不道。皇帝的事轮不到他多嘴。果真，楚艺一张脸沉了下来。萧红云跪在地上说：“自打臣妾进宫，陛下便没有宠幸过臣妾。臣妾想知道，臣妾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了。” 陛下嫌臣妾太过刁蛮无理，臣妾也改了。陛下说您日日思念着皇后，可陛下可知，臣妾也日日思念着陛下。他眼眶发红，楚楚可怜。楚意道：“你没有错，是朕不喜欢罢了。陛下喜欢谁？喜欢皇后娘娘吗？”萧红云问。楚意唇角露出淡淡的笑，道：“朕自是喜欢紫彤的。可陛下，您可知皇后娘娘因您而身体不适？您若真的怜惜她，便便不要那般索取无度。”他声音越来越小。萧红云觉得自己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 竟敢和陛下这样说话，出乎意料，楚艺竟没有脑。他多瞧了萧红云两眼，随即一阵沉思。今夜明和小道偶遇，是紫彤教你的？萧红云心脏蓦地一跳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欺君之罪，朕绝不饶恕他。语气是如此冷漠。萧红云身子一颤，红着眼眶道：“是娘娘教的。”楚艺喃喃开口：“她素来是个贤惠的，先前母后让她劝朕雨露均沾，朕不愿，她便想着法子让朕去其他嫔妃那。又想到孟棠那般爱她，却为了大局着想，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男人往其他女人身边推。” 他心里会有多难受？萧红云说：“皇后娘娘甚是贤惠。”厨艺道：“你很好，你是这些年第一个与朕说这些话的。朕会顾及她的身体。”说完，厨艺便抬脚离去。萧红云瘫坐在地上，他终究还是没能留住皇帝。采薇走进来，又急又不解道：“陛下怎的走了？”萧红云深深吐出一口气，脸上装出的柔弱一点一点消散，道：“走了便走了吧，来日方长。”这话说的颇为咬牙切齿。孟堂刚要入睡，便感到一阵温热的呼吸拂过他脸颊。 他缓缓睁眼，便看到一张足以令他惊恐的脸，是厨艺紫彤。厨艺低下头，在他脸颊上轻轻吻了吻。孟唐撑起自己的身子，问：“陛下怎地过来了？”厨艺坐上床，将他搂入怀中，道：“怎么，朕来了？紫彤不高兴？”孟唐想露出温婉的笑，可实在笑不出来。今晚在侍寝，他就真的要被更坏了。厨艺不能这么禽兽。他声音虚弱，说道：“臣妾高兴，高兴怎地不对？朕笑一笑。孟堂”孟唐，孟唐冲着他露出浅浅一笑。 楚意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，道：“你呀、啊，总是这般为朕着想。今夜让朕去萧红云，那便是紫彤的主意吧？紫彤，朕是你一人的夫君，你若不愿，大可不必勉强自己，让朕去其他嫔妃那。他并没有不愿，臣妾没有勉强，还说没有勉强，笑得这般难看，分明不想朕去萧妃那。朕今晚只是去萧妃殿里坐了会，紫彤便这般愁眉苦脸。若朕当真宠幸她，紫彤是不是要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落泪了？你想多了，真的。”孟堂为狗皇帝的自作多情感到震惊。 他抬头，细声细语道：“陛下，臣妾不会落泪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不会便不会，你只是会在朕看不见的地方黯然神伤。朕想和你说的是，日后不必再做这种事。不管以前母后与你说了什么，你都可以当作耳旁风，你听我一个人的话就可以。”紫潼最乖的是不是？说着说着，楚艺在他耳根处轻轻吻着，吻得色情湿润，将那小巧的耳垂衔入口中，牙齿轻轻咬着。紫潼，他们都不是朕想要的，你可明白？孟堂在他怀中轻颤。 脑子却很清醒的很，自己一开始也不是楚意想要的，是他百般讨好，抓准了楚意的喜好，才获得的这一切。臣妾明白了，朕今日不碰你，让朕瞧瞧那肿得有多厉害。连萧妃都劝着朕联系你些。孟棠没想到萧红云竟和皇帝说了这些话，要知道楚意性格诡谲无常，不知道哪句话便会惹恼他。萧红云能鼓起勇气和楚意说这种话，确实不容易了。这份情，他成。楚意钻入被中，昏暗的灯光下，楚意瞧清了那艳丽的景色。孟棠抱着他的头。 脸红脖子红，身子也不禁羞红了。他道：“陛下，别看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”楚艺轻轻碰了碰孟棠，便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，嘶了一声。楚艺钻出被子，将他搂入怀里，道：“朕昨夜确实梦浪了，何止是梦浪？朕三个月未碰你，是朕太过激动了些，伤着紫瞳的楚艺在他额头吻了吻。楚艺在床上一向是个不顾他死活的，此刻能说出这番话，孟棠讶异的望向他，再看一旁的好感进度条，还是纹丝不动。孟棠便知楚艺这话恐也没多少真心在。 虽如此，孟堂还得陪着楚意演，表现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温婉样。他说：“臣妾不在意的，能服侍陛下是臣妾的荣幸，臣妾一点也不疼。”楚一心忽的就热了，都疼成那样了，还说不疼？那朕今晚再来一次好不好？他附在他耳边轻声问。孟堂听到这话，忍不住在心里骂起了脏话：“狗皇帝，滚啊！”楚意瞧见孟堂脸色一时红一时青，明明疼得要死，也怕得要死，却还是委委屈屈的应了一声：“好。”楚意怀疑。 只要是自己的要求，哪怕再疼再累，他也会答应。他无条件包容着他的一切。这个世界上，孟唐是唯二能够做到如此地步的人。上一个还是他母妃，母妃逝世,世后，孟唐便是唯一待自己真心好的人了。他太爱他了。楚一莲爱道：“梓潼，你只要冲朕撒个娇，喊声疼，朕就放过你。”孟唐却满面狐疑的看着他。他之前也没少在床上向他撒娇喊疼，可男人依旧强势，该怎么来还是怎么来。孟棠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臣妾不疼，只要是陛下给的。” 臣妾就都会受着。楚意压在他身上，低声道：“朕给了你机会，紫瞳，真不疼，假不疼？”嗯。男人低下头，轻轻蹭着她的脸颊，与她气息交融。孟堂低吟了一声，睫毛轻轻颤动，声音发着抖：“臣妾身子难受，疼的可以想到是陛下，便又不觉得疼了。只要是陛下给的，我便都喜欢。”他伸手抱住他宽阔的背脊，楚意眸子发沉，到底是顾念着他的身子。男人拇指按了按他嫣红的唇，附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今日用这儿。” 模糊的响声隐隐约约从寝殿里传来，方宁灰退了下人，脸颊发红，春宵一刻，楚意浪的没边儿了。翌日，嫔妃相送，百官叩首。孟棠与楚意前往灵感寺，仪仗队浩浩荡荡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孟棠和楚意没有同乘一辆马车，一是怕楚意太过禽兽又起了兴致，二是楚意似乎有事要同朝臣商量。孟棠自觉避让，马车颠簸，孟棠懒洋洋的靠在软垫上，他嘴角破了，喉咙口也疼得厉害。孟棠嘴里含着冰，欲减轻这股不适感，方宁欲言又止。 说道：“娘娘，您还难受吗？”孟堂轻哼了一声，不想说话。一开口，那沙哑的嗓音仿佛破了的风箱。马车被人敲了几下，车外传来萧红云的声音：“皇后娘娘，臣妾能进来和你说说话吗？”孟堂示意马车停下，随后掀开车帘，冲着他招了招手。萧红云抿唇一笑，利落的跳上马车，坐到了孟堂身边。他一上来，嘴便叽叽喳喳的停不下来。“娘娘，您可知太后娘娘也随驾出宫？陛下不在的时候，您可要小心着点太后，以免又被她欺负了去。” 孟棠点了点头，萧红云对他的态度不满，道：“你听到没有？我这不是关心你，我是怕你又影响皇上和太后之间的母子情分，让皇上难做。”孟棠再次点了点头。萧红云问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哑巴了？”孟棠这才开口说了一句：“差不多。”这声音嘶哑的程度，堪比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嬷嬷。萧红云吓了一跳，问：“你嗓子怎么成这样了？风寒加重了？”孟棠一脸一言难尽，说道：“你别问了，我是怕你过了病气给我，不是关心你。” 你风寒是不是又加重了？脸色瞧着比昨日还要难看。孟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风寒好了，是因为事情。”萧红云说到事情，萧红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道：“真不知娘娘哪来这么好的福气，让陛下如此宠爱你？可能是本宫上辈子挖了他家祖坟吧。”孟唐声音沙哑，懒洋洋的。可是事情怎么会嘴疼嗓子哑呢？总不可能是亲的吧？那陛下也太生猛了，他真的好天真。孟棠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妹妹，昨日为何没有留住陛下？孟棠问萧红云，也不解。 他说：“我真的尽力了。”孟棠揉了揉额角，啊、哦、将你昨夜偶遇陛下后的所有对话复述给我听。”萧红云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孟棠一阵无语，人都在他宫里了，萧红云居然和陛下聊起皇后来，一聊皇后，那狗皇帝可不就会立马想到他？孟棠说：“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为何要聊我？”萧红云挠了挠头，道：“我我也不想的，不知不觉就聊到你那去了。”孟棠忍不住伸手拍了下萧红云的头：“怎么傻乎乎的？”他说：“以后陛下再去你那。” 千万不要再聊我了，实在没有话题，可以与他聊聊民间趣事，或者吹捧一番齐太妃，可懂？萧红云半知半解的点了点头。孟唐语重心长道：“你得抓住陛下的心，否则你们萧家该怎么办？我们萧家挺好的啊。”孟唐，这萧红云真的是一点也没看清朝中局势，萧家人也不写家书帮他分析分析。孟唐说：“待到你父兄归来，陛下是定会削了萧家兵权的。这兵权你父兄不想交也得交，否则功高震主，陛下岂会不忌惮？你萧家又不如孟家这般显赫。” 陛下是万不会给萧家太多好处的，万一萧家落魄了，你要怎么办？萧红云一怔，你可知兔死狐烹，鸟尽弓藏？实话与你说吧，陛下曾与我说过，要将燕南军权交到我大哥手上，虽只为试探，但这重任我们孟家是万不会接的。你父兄还未班师回朝，陛下就已经开始惦记你父亲手上的兵权了。且燕南军又不像朔北军那般特殊，是指认人不认父的他，只需找个靠谱的将军过去坐镇，燕南兵权便彻底不会属于萧家了。萧红云摇了摇头。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，你不需要太懂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和萧家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得为了萧家站起来，在后宫有一席之地，萧家才不会被鸟进宫藏。你得让陛下将你放在心上。可是，可是陛下又不喜欢我，他只喜欢你啊！孟棠轻笑了一下，他道：“你知道这七年我在宫里是怎么过的吗？前五年，陛下极少来我这儿，即便轮到我侍寝了，陛下也会公然打我的脸，翻其他嫔妃的牌。宫里是个嫔妃都比我得脸，我只是后宫一个摆设，还是陛下不稀罕看的摆设。” 梅妃、香妃在宫里得势的很，能当着我的面口出狂言，骂我德不配位。即便被陛下听见，陛下也丝毫不会为我心软，仿佛没看到我这个人一般。带着他的宠妃从我面前路过，我父兄更惨，父亲被污蔑私卖军器，我为他彻夜奔波去找能用的人脉，可没用。我在陛下面前不得脸，没人将我这个皇后放在眼里，全都闭门谢客。那时候陛下是真的想拔除孟家，后来多亏我哥抓住了私卖军器的罪魁祸首，我父亲这才保住一条性命。从那以后，我便知道在这宫中。 我若是不能站起来，不能握住这权力，便只有任人欺辱的份。萧妃妹妹，你也想萧家变成这样吗？孟家是运气好，抓住了真凶。若是运气不好呢？孟唐语气轻缓，他在帮萧红云打破心底的懦弱，让他去争去抢。萧红云比梅妃、香妃好掌控，对其他嫔妃，他是万不会如此的。而且宫中嫔妃都谨慎的很，心机颇深，唯有萧红云是个例外。萧红云是个能处的，只要萧红云能够争气，能在楚艺心里留下丁点位置，他就能摆脱彻夜侍寝的魔咒了。反正侍寝也不能让他涨好感。 这殊荣他一点也不想要，楚艺活儿还那么烂，简直噩梦。孟唐也不怕萧红云分了他的宠，有了萧红云后，楚艺便不爱他了。萧红云若真有那么大本事，也不至于他手把手教，竟也没能留住楚艺的人。孟唐用尽计谋，努力两年才刷到四十六。萧红云翻了天了，也不会越过他去。萧红云身上似乎有一种能把事情搞砸的奇妙特质。紫瞳，楚艺掀开车帘，孟唐与萧红云齐齐望向他。 楚意热切的目光，在看到萧红云的瞬间，冷淡了下来。孟唐与萧红云起身扶了扶身子，道：“陛下，嗯，怎么爱妃也在这儿？”孟唐笑着说道：“萧妃妹妹怕我无聊，和我聊天解闷呢。”看到楚意，想到方才孟唐说的那些话，萧红云竟心生了些许恐惧。他连忙道：“既陛下来了，便不打扰娘娘和陛下了，妾身先行告退。”楚意没拦，待人走后，楚意上前，下意识将人捞入自己怀里，滴滴呀呀的声音传来，嗓子还没好。孟唐脸颊上浮现出些许红晕来。 他小声说道：“是我恢复能力太差，不愿陛下的。”楚意发出一声轻笑，随即捏住他的下巴，将指尖上的一颗糖推入了他口中，甜甜的，带着薄荷的清凉味。孟棠一双秋水眸讶异的望向他，他道：“薄荷糖，路过石桥见了，便买了些。听人说润喉，梓潼喜欢吗？”孟棠温顺的靠在他肩上，说道：“喜欢。若是喜欢，待到祈福结束，朕带你逛逛这京城的街市，很是热闹。”孟棠双眼一亮，主动抱住男人脖子，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。 谢谢陛下。楚依捏着他的后颈，像是在捏什么小动物。这有什么好谢？若是紫彤喜欢，朕以后便多带你出来几次。想来一直在宫里，紫彤也闷得慌。有陛下在就不闷。他小嘴太甜，惹人喜爱。今年水患频出，民间流民增多。待到出了城，孟堂看见了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难民营。京城外即便设了如此多的难民营，也有不少流民流离失所，倒在路上。这是仪仗，是皇帝的仪仗。流民里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，当即密密麻麻的流民便朝这方跑了过来。 他们形容狼狈，满身脏土，一声一声地唤着陛：“陛下，陛下救救我们！我家孩子快饿死了呀！陛下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染了瘟疫，死活不肯放我们进城。可我们分明没有瘟疫。难民营里的那些官员都是骗人的。我夫君被送去难民营，结果没两日就死了。那些大官们分明就是想把我们骗去为他们做苦力，还不给吃不给喝。谁还敢再去难民营？我爹娘也死在了难民营里。一时之间，流民们拦在路前，哭天呛地。” 禁军急忙来报，陛下，路已被堵，这些流民该怎么处置？楚逸靠在软垫上，慵懒开口：“杀了，来一个杀一个。”孟唐震惊地看着他。虽然他知道男人素来有暴君之名，暴虐成性，但这些难民看起来都极为可怜，就这么都杀了？孟唐掀开窗帘，没忍住看了不远处那小男孩一眼。陛下，杀了不会引起民愤吗？楚逸唇角笑意淡了些。子同氏觉得朕过于残忍。孟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臣妾只是觉得他们有些可怜。” 梓潼不赞同，朕杀了他们。孟唐道：“臣妾不敢干涉陛下的决定。”楚仪把玩着腰间的玉佩，道：“没关系，梓潼，你说换做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朕都听你的，不会怪罪于你。你大胆说。”孟唐冲着他盈盈一拜，道：“那臣妾就恳请陛下，能放过那些流民一命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楚一舒的一笑，说：“好，朕都听子彤的。”楚仪掀开车帘，道：“不杀了，放过他们。”禁军心里虽疑惑，但还是颔首，遵守了命令。 瞧见他一直好奇地往外看，楚艺坐直身子问：“子潼可是想下车看看那些流民？”他问楚艺：“可以吗？”我想分点吃食给他们。温良贤淑的皇后看见流民，怎能不心软呢？他若是真对这些流民视而不见，楚艺会不会觉得他冷心冷情？电视剧里大多数小白花女主看到流民都会心生恻隐之心，而男主就是爱他们这种善良圣母的气质。楚艺也不能免俗，子潼想做什么便去做。男人谋色幽深，她的皇后啊。 还是太过天真，没见过人心的险恶，这遭让他见识一下也不错。孟棠跳下马车，他和方宁一起拎着准备好的吃食，走到仪仗最前方。楚艺跟在他身边。皇上，是皇上，还有皇后娘娘。流民们连忙跪下叩首，皇上万岁，皇后千岁。孟棠声音柔和，他将手上的食物递给禁军，让他们都派发出去。啊，我这儿有些吃食，如果有实在饿急的，可拿去食用。谢谢皇后娘娘，谢谢皇后娘娘，娘娘真是个大善人。孟棠笑了笑。 高兴的看了厨艺一眼，那个失去爹娘的孩子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糕点，拿着糕点就狼吞虎咽。忽然，许是吃的急了些，那孩子骤然翻着白眼，捂住胸口。他身边的大娘急忙喊道：“噎到了，大宝噎到了，有没有水？谁有水？”大娘急得眼睛都红了。孟唐对方宁道：“方宁，快拿一壶水过来。”方宁将水囊递给他，孟唐连忙拿着水囊朝那孩子走去。“大娘，给他喝点吧。”大娘眼角溢出眼泪来，感动道：“好，好，谢谢你。” 谢谢娘娘，娘娘真是个大好人。大娘说完，正要接过水囊，却忽地从袖中掏出一把刀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孟堂身上刺去。孟堂察觉到利刃的反光，但已经迟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把刀朝自己脖子处砍来。下一刻，身后传来一道大力，厨艺拽住孟堂的后领，将人按入自己怀中，一脚将那刺杀的女妇人踹飞了出去。刘明礼爆发出一声愤怒的大吼：“杀了狗皇帝，杀了暴君！他推行暴政，残暴不仁！” 世人命如草芥，快杀了他！暴起的流民愤怒地朝他们攻了过来。孟堂耳边传来一阵轻笑。楚意望着那些面目可憎的流民，他道：“子彤，他们可不是什么流民。真流民每日吃不饱饭，甚至一子而食，早已饿得面黄肌瘦，身体怎会这般康健？真流民不远万里跋涉而来，从未见过盛颜，怎能从人群里一眼就认出你我二人的身份？再说那吃东西噎住的小孩，你看他身上的泥，这可不是流民该有的泥，像是穿了新衣在地里滚了一遭。” 孟堂抬头仰视着他，道、哦：“原来陛下早就知晓，才下令将他们都杀了。子潼心善，若不自己体验一番，又怎能信我的话？”听到这话，孟堂忍不住反驳道：“我信的，不管陛下与我说什么，我都信的。我只信陛下，陛下是我夫君，我不信陛下，还能信谁？”此刻，他满眼都是他，楚艺能从他瞳孔里看到自己的倒影。他如此真切的将自己的心意袒露在他面前。楚艺正欲说话，眼角忽地瞥到一把横扫而来的长刀，他双眼骤然变得狠厉。 随即抽过禁军腰上的刀，一刀将冲过来的年轻人拦腰砍断，鲜红的热血洒在孟棠面前。男人冷漠命令一旁的禁军：“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”楚艺看着孟棠发白的小脸，觉得他是被吓坏了。他将他拢入怀中，低着头温声安慰说：“别怕。”孟棠唇瓣颤了颤，道：“陛下，我、哦……我看到他肠子流出来了。他在他怀中不停轻颤，他身上血腥味重，沾了那流民的血。他用力挣开他的怀抱，一把推开他，扶着车吐了起来。紫瞳。 楚意欲去牵他的手，孟唐害怕的瑟缩了一下，叫道：“别过来！”他啪的一声将他的手打开，打得楚意往后退了一步。他这般大的反应，当即也惹了楚意不快。“你怕我？”楚意问。孟唐身子缩了下，某种恐惧与嫌恶却不自觉的流露了出来。楚意最是了解这种眼神，往日里他杀了朝中大臣后，那些官员们也是这般看他。他以为孟唐会是不一样的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孟唐都不会惧他、厌他、嫌弃他。可如今，他还是从他眼中看出了熟悉的恐惧与嫌恶。 甚至连他碰一下，他都受不了。我杀了人，你就这么怕我？是他们该死！朕的紫瞳同情那些假流民，却不理解朕吗？孟棠微微喘着气，他刚想解释，不是的，这只是他下意识的条件反射。他没有怕他，他也没有嫌弃他，他只是没见过楚艺这样杀人，一时之间被惊住了。也没见过被拦腰斩断的死人，太血腥，太恶心了。他前世才十八岁，只上过高中，不是什么见过世面的年纪。孟棠想解释，陛下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……他口齿不清，含含糊糊的解释着。 他边喘着气，边遏制住内心的那股恶性感。可楚艺似乎被他伤到了。他平生最恨旁人用那种眼光看着他，别人都无所谓，可是孟唐他不可以。如果连孟唐也惧他厌他抗拒他，他便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。楚艺不想听他的解释，方才那眼神是不作假的。许是他将孟唐想得太好。孟唐眼睁睁看着那好感值从四十六掉到了四十三，平日里累死累活事情不仗一点，掉起来却痛快的很，一次性掉三点。楚艺拂袖，踏上了另一辆马车。孟唐看到这一幕。 内心又是恶心又是疲惫，再次扶着马车呕吐了起来。他总是这样，因为一点小事就不信任他，就兀自生气，不肯听他解释。本以为好感度刷到了四十六，他会和以前不一样，起码会稍微给他一点信任。孟唐看着楚艺那辆车，只觉得疲惫，身体疲惫，心中也疲惫，日日都要考虑楚艺的心情，装出一副深情样演给楚艺看。这样的面具戴久了，他连自己的真实模样都不记得了。理智告诉他，他现在应该跟过去去哄楚艺，把楚艺哄回来。可他不愿意，他也被吓到了。 眼前不停地浮现出那流明肠子往外流的景象，又有谁来安慰他？孟堂上了自己的马车，马车内，方宁道：“陛下方才似乎生气了。”孟堂不答。方宁又问：“娘娘不去看看吗？”孟堂闭起眼道：“让我歇会。”是娘娘，厨艺心情不好，倒霉的便是李长福这群下人，他们候在车外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萧红云从马车上走下来，悄悄指了指里面，问李长福：“陛下怎么了？”李长福压低声音道：“陛下似乎和皇后娘娘吵架了。” 萧红云皱了皱眉，皇后娘娘性子那般好，怎会和陛下吵架？定是陛下不讲理。车外是谁？马车内，毕某小气的楚仪睁开眼，随口问了句：“回陛下，是萧妃娘娘。”楚仪怔了下，随后道：“让她进来吧。”是，陛下。李长福放下萧红云，朝他做了个请的姿势，道：“陛下，请您进去呢。娘娘切记要莫要再提皇后娘娘，让陛下烦心了。”萧红云听此，抿了抿唇，跨上马车。傍晚有时。 抵达灵感寺，孟唐刚从马车上下来，就听到楚艺马车里传来阵阵娇笑声。楚艺的声音透过车帘传来：“爱妃此言甚合朕心意。陛下，你说这柳生笨不笨？简直是个蠢人吗？连自己的妻子都认不出来，把一头母老虎领回去做正妻，滑天下之大稽。想不到爱妃竟也爱看这些民间话本。”萧红云笑着说道：“臣妾小时候甚是顽皮，阿娘让臣妾读四书五经，臣妾都不喜欢的，唯有这些话本看得多了些。陛下要是喜欢听，臣妾以后还给您讲。”楚艺心情听起来似乎不错。 他应了一声，嗯。孟棠瞥了那马车一眼，随后只见楚逸和萧红云一前一后走了下来。萧红云高兴的跟在楚逸身边。孟棠刚要收回目光，萧红云瞧见他，对他笑了笑。孟棠现在应该开心，萧红云得宠了，以后楚逸去宠幸他，就不会总是来他这儿逼迫他侍寝了。可孟棠却丝毫笑不出来，他心中憋闷，他却快活逍遥。帝后当一同走进灵感寺，灵感寺是大雍国寺，庄严不凡。一路上，两人并排走着，一个赛一个沉默，谁也没有说话。 便连侍从都发现了不对劲。灵感似的主持道：“祈福大典明日开始，请陛下和娘娘今夜先在厢房歇下，可好？”孟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但凭主持安排。”女人们和男人们不住一个院。孟唐和萧红云随小沙弥往西厢走去。另一个小沙弥对楚艺做了个请的姿势：“陛下和贫僧来这边。”楚艺却站在原地，目光阴沉的盯着孟唐背影瞧。过了这么久，他就不来找自己解释解释，不来哄哄他？难道就因为他杀了那刘明，他便厌了他憎了他？往日里那般爱他。 却受不了他杀一个区区流民，他那厌恶的眼神是觉得他残忍嗜杀吗？罢了，他在外面的名声一向如此。陛下，小沙弥奇怪的看着他，走吧。太后住在西厢房左手第三间院子。柳嬷嬷笑呵呵的走进屋，道：“太后娘娘，你猜奴婢打探到了什么？”太后坐在榻上绣荷包，闻言抬起头问：“什么？”听闻陛下和皇后半路闹了矛盾，所以方才来灵感寺时才会一句话都没说。皇上可生气了，一路上都没瞧皇后娘娘一眼，一直让萧妃作陪呢。 太后听到这话，唇角微微勾起，道：“哀家还以为陛下冷落她三个月后，终于要复宠了呢。这才复宠了一日，便又被陛下厌烦了。有些人啊，就是看不清自己的位置。”太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罢了，让他过来，哀家来教教他该怎么服侍皇上。”柳嬷嬷捂着嘴轻笑，她道：“太后所言极是，想来陛下短时间内是不愿搭理他的。瞧见没？今天萧妃离开后，陛下还念念不舍地盯着萧妃背影瞧呢。男人都没几个专情的，更遑论陛下。” 貌美的女子那般多，孟氏并非不可取代。太后脸上浮现出些许笑意，意味深长道：“上一局是我棋差一招，输给了她。如今想来，皇帝就算知道我对她做了什么，也不会多管。他有多薄情寡义，哀家再清楚不过了。你瞧前些年，哀家那般磋磨孟氏女，皇帝可有说半个不字？可不是，也就今年陛下对她上心了些。前些年她被人欺辱成那样，过得还不如宫中宫女，陛下何曾管过？”太后坐直身子道：“快叫她过来吧。”是。 娘娘，孟堂正在屋中用膳。寺庙里都是素食，平日里孟堂并不重口腹之欲，因此倒没有挑剔，吃了个五分饱。放下筷子的那刻，方宁带着柳嬷嬷走了进来。方宁苦着一张脸道：“娘娘，柳嬷嬷说有要事和和您说，奴婢拦也拦不住。”孟堂瞧见柳嬷嬷这副气势汹汹的模样，心中明了，想来是太后是听闻他和皇帝闹矛盾的事，又准备为难他了。他拿帕子擦了擦嘴，道：“嬷嬷何事？”柳嬷嬷道：“太后娘娘请您去她那里一趟。”孟堂却道。 柳嬷嬷脸上的伤好了吗？记得上次被陛下派人打肿了脸，她这脸就是被方宁打的。她恶狠狠地瞪了方宁一眼，道：“自是好了，娘娘不要左顾而言他，还是赶紧随奴婢走吧，莫要让太后等久了。”孟唐起身说了句：“好。”方宁这次却没跟着一起去。她瞧见孟唐跟着柳嬷嬷走了，登时急匆匆往萧红云那赶去。萧红云住在西乡最大的流风院，采薇登时伸手拦下了他。道：“方宁姐姐，这回我们娘娘不方便见人呢。萧妃娘娘在做什么？”方宁问。 采薇微,微微一笑，眼里带着得意，道、哦：“我们娘娘正在与陛下对弈，怕是不方便见你了。”方宁本就是打算过来找萧红云，问他可否向陛下带句话。此刻听闻陛下也在这儿，他当即道：“我有要事要与陛下和娘娘说。”方宁姐姐真的不方便。方宁掏出一袋银子递给采薇，说道：“平日里我家娘娘也没少关照你家娘娘吧？还请采薇妹妹行个方便。”采薇自是不收。她正要说话，屋内传来了萧红云的声音：“采薇，外界发生了何事？怎地这般吵？” 采薇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皇后娘娘身边的贴身大宫女方宁姐姐来了。”厨艺听到这话，直起的手微微一顿，他低沉的嗓音传来：“她来作甚？”奴婢不知，传她进来。是陛下。采薇对方宁道：“行了，好姐姐，陛下宣您进去了。”采薇急急忙忙的跨进屋，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。萧红云讶异道：“方宁这是做甚？”方宁磕了个头，道：“回娘娘，我们娘娘又被太后叫走了，求陛下去救救娘娘。”厨艺听到这话，皱了皱眉。萧红云登时起身，道。 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早说？还不赶紧带本宫过去？楚艺却瞥了他一眼，淡淡开口：“爱妃，急什么？这局棋还未下完。”他神色冷漠的下了一个黑子，道：“太后是朕的母后，还能吃了她不成？”方宁头伏在地上，想起了白天楚艺和孟唐吵架的事，登时不敢说话了。萧红云却道：“陛下，娘娘之前怎么被太后搓磨的？您又不是不知道。”楚艺想到孟唐之前看他的那眼神，畏惧又嫌恶，心头仿佛被针刺了下，他蓦地丢下棋子，道：“梓潼只怕是不愿见我。” 在他眼里，我比太后还可怕呢。他素有暴虐嗜杀之名，他不在乎旁人怎么看他，甚至他能笑着送这些人去死。可孟堂不一样，孟堂是他的妻。孟堂曾说过，他相信陛下每杀一个人，必有他的理由，相信他不是滥杀无辜之人。他信了这话。可今日，孟堂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，楚艺无法不生气，因为在乎他的看法，所以生气。方宁听到这话，急忙道：“陛下，娘娘怎么可能不愿意见您呢、啊？您不知道娘娘有多爱您。这些年来，尤其在刚入宫那会。” 娘娘在宫中过得不好，可她在写家书时，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为了不让父兄担心，不给陛下惹麻烦，即便宫中人人说她懦弱不堪重任，娘娘也从未有过怨言。可陛下，您可曾想过，娘娘她出身将门啊？她在家中时，也曾被父兄视作掌上明珠。高门大户的女子，哪有在受了委屈后忍气吞声的？可娘娘为了您，哪怕四九寒天没有炭火，内务府连棉被都没送起床来，哪怕被宫女奴才们当着她的面骂自甘下贱，被人捉弄，她也不曾有半分怨言。 我家娘娘也曾肆意纵马，是个潇洒利落的女娘。可为了陛下，生生敛了这锋芒，去做温婉的皇后。她在宫中从未自在过，可为了陛下，即便不自在，她也未曾有过半分不情愿。方宁红了眼眶，她道：“陛下，奴婢今日在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娘娘为了陛下可以舍尽一切，此番真情天地可见。她又怎会不想见陛下？禁足那些时日，陛下日日念着娘娘，娘娘又何尝不是日日念着陛下？她日日在佛前为陛下祈福。娘娘犯了错，犯错就该罚。” 他自觉无颜面对陛下，才用这种几近自虐的方式惩罚自己，心甘情愿禁足宫中。奴婢不知娘娘和陛下之间有什么误会，但奴婢知晓，纵使娘娘有什么不对之处，她的心始终都是向着陛下的。楚艺听着听着，便想到了孟唐刚入宫的那几年。那几年，因为孟家专横霸道，朝堂上无人敢出其右。三朝元老、秦王救驾之功，那不是他的朝堂，那是孟家的朝堂。楚艺便故意冷着孟堂，不与孟堂行房事。到了侍寝的日子，更是公然翻其他嫔妃牌子，下他的脸面。 他从前在宫中过得确实很不好，因为他的不上心。但他没想到，他冬日无炭火棉被，连最下等的奴才都能当面羞辱他，这不由得让楚意想到了自己的曾经。他身为皇子，却给其他皇子当牛做马，同样被下人欺凌。楚意眉心皱起，脑内有个声音在说：“去看看他吧，莫要真让他被人欺负了。”楚意终归是放不下他的。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罢了。”带路。方宁一喜：“是，陛下。”初雪阁，太后在寺庙的居所。孟堂跟着柳嬷嬷走进屋，太后正坐在主位上打量他。 柳嬷嬷厉喝道：“大胆！见到了太后娘娘，还不赶紧跪下行礼！”孟堂今日心气不顺，他知晓他得卖惨才能让那下跌的好感度涨回来。可忍受了这么多年，装了这么多年的贤良，孟堂今日想放纵一次。泥人都有三分脾性，何况是他？孟堂瞧着他说道：“母后被禁足多日，如今来了这灵感寺，是忘了当日怎么被陛下验增的吗？”太后面色一变。从前孟堂就是个逆来顺受的，他万万没想到这软脾性的孟家女竟然敢这样和他说话。 哀家是陛下的母后，你身为皇后，竟敢这样和哀家说话，你这是要大逆不道吗？柳月，给我去找她的嘴，打烂为止，要让她知道忠义孝道是什么。柳嬷嬷听到这话，扬起下巴说道：“是太后，奴婢这就去打烂她的嘴。”柳嬷嬷走到她面前，高高扬起自己的手，眼里皆是痛快。恰逢此刻，初雪阁出现一道玄色身影。厨艺听到那贱婢的话，见到屋内情景，心脏骤然一紧，正要厉喝，孰料。 他那向来温良的妻子，却伸手猛地攥住了柳嬷嬷的手腕。孟堂反手，啪的一声，一巴掌扇在这刁奴的脸颊上。这不止震惊了屋内人，更震惊了屋外楚艺和萧妃等人。骤然被打，柳嬷嬷尖叫一声，骂道：“你敢打我！本宫贵为皇后，怎么连教训恶奴都不行了？”她语气冰冷。太后也被惊得站起了身，她用手指着他说：“你你好，你好得很，孟堂，你可知为人妻者，当以夫为天，敬夫爱子，侍奉公婆。” 母后，儿臣只知昔日陛下因为您的疑犯之恩，不管您做过什么，都不曾追究您半点，而您处处为他找不痛快。您以为您昔日将陛下羞辱成那样，陛下凭什么留着您，还尊您为母后？太后满脸慌张的看着他，你疯了，你竟敢口出妄言！屋外，萧红云听到这话也吓了一大跳。他只见过皇后唯唯诺诺的样子，从未见过皇后如此利落狠辣的一面。他正要出声，楚仪抬手止住了他，朝他递了个眼神。楚仪饶有兴趣的看着屋内。 只见孟堂眼里皆是不屑，他看着满头白发的太后，道：“若非陛下初遇母后时，母后曾赏赐过他一碗白米饭，您以为您还能在这里与他上演母慈子孝的戏码吗？您欺辱了儿臣七年，往常儿臣总想着不能给他招惹麻烦，不能因为儿臣而影响他与您之间的母子情分，因此而让他受到前朝诟病。母后，儿臣忍到今日，既陛下已与您撕破脸面，儿臣自然无需再忍。儿臣是皇后，是陛下的正妻，哪怕是为着陛下。” 儿臣都得为自己挣回这脸面，儿臣的脸面便是陛下的脸面。太后从上座走下来，她冷笑着说道：“你在宫中做了七年皇后，从前哀家不管怎么为难你，陛下都不曾在意，他就是个薄情寡义的性子。你以为他有多在乎你吗？你以为他为你出头了一次，便会为你出头第二次？孟侍女，你未免将自己看得太重。今日哀家就算在这里对你动刑，你看他会不会再次为了你与哀家动怒？你不过是个玩意罢了，他心情好了便宠宠你，心情不好了。” 这后宫还有大把其他嫔妃供他享乐，今日他与萧家女玩乐，可有顾忌你？孟唐，你该不会真的天真的以为皇帝会对你有真情吧？太后气急败坏的说出这番话来。若是楚意对孟唐不曾上心，确实会如他所说，不管太后怎么折辱他，楚意都不会管。孟唐发出一声轻笑，他道：“你说他薄情寡义，母后你错了。你和他相处十几年，竟从未看懂过他。他丝毫不惧，对上太后的双眼，语气强势。他若真薄情寡义，便不会记着那一饭之恩。” 便不会再任由你们聂家狐假虎威。母后，您凭什么说他薄情寡义？您想了这么多年的太后尊位，可有想想是谁给您的？若不是他，哪能轮到您做这太后？他就是太过重情，才让曾经欺辱过他的人坐上这高位。您竟说他薄情寡义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太后听到这话，脸色大变：“你、你、你真是疯了！柳月，给他上斩刑！哀家要让他知道，哀家面前不是他能放肆的。我倒要看看。” 今日陛下可还会为了你出面与哀家叫板？太后连连冷笑，柳嬷嬷连忙道：“是，奴婢这就替您教训他。”柳嬷嬷故意高声道：“皇后娘娘可知拶刑是什么？奴婢会用拶子套入您的手指，再用力收紧。到时候啊，您的手指轻则皮开肉绽，重则十指尽断。啧啧，十指连心啊，这该有多疼！”柳嬷嬷之所以这样说，为的便是吓唬孟堂，想从孟堂脸上看到惶恐，想看他对着自己这个奴婢求饶。可他失望了，孟堂声音里带着怒气。 你这刁奴敢对本宫这样说话？柳嬷嬷将簪子拿来，道：“皇后娘娘嘴真硬，等上了这簪刑后，奴婢倒要看看你可还会硬得起来。”孟棠笑了，他眼睛里尽是冰冷的寒意。母后，您竟真的打算纵容刁奴对儿臣动用私刑？太后坐回了椅子上，她道：“哀家有何不可？作为皇后，你不尊我这婆婆；作为妻子，你不敬夫君。既然陛下没有时间，哀家便替他好好教训教训你。”柳月，动刑！柳月冲着屋中下人厉喝一声：“还愣着作甚？” 压住她，婢女和太监们连忙硬着头皮上前。皇后终归是皇后，他们不敢太过放肆，可又无法违抗太后的命令，得罪了娘娘。萧红云不确定皇后一人能否应付的过来，这些奴婢正要叫人，楚艺抬手拦住了她，眼底露出一丝惊讶来说：“慢着，再等等。”萧红云有些急，孟棠一介女流，一个人如何对抗这么多刁奴？陛下该不会真的打算让那刁奴对皇后娘娘动刑吧？他目光狐疑的看着她，楚艺直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 他的紫瞳既敢与太后叫板，当时有了解决的法子。紫瞳不是萧红云，没有那般蠢笨，会不管不顾，只为一时之痛快。果然，只听屋内传来孟堂的冷声嘲讽：“母后莫不是忘了我姓甚名谁？”他抬脚将靠近他的太监踹倒，随后又拿起桌上的水壶，恶、呃、狠狠砸向身后的婢女。屋内一阵桌椅倒地的声音。孟堂提着一只椅子腿，用力砸在了柳嬷嬷身上。柳嬷嬷倒在地上，哀嚎不已：“你竟敢，竟敢在太后院中放肆！”他道：“古有木兰挂帅。” 今有我惩治刁奴，孟唐眼中带着一丝厉色，说道：“本宫五岁随父习武，真当我孟家女是个任人欺凌的性子。若非入了宫，本宫亦可随父上阵杀敌。孟家女从不是花瓶摆设，念着后妃当端庄持重，为着陛下的脸面，本宫忍你们很久了。”太后步步后退，说道：“孟唐，你今日在哀家这里撒疯，这般品性如何当得了皇后？哀家定会如实禀明陛下。”屋外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，他道：“不必了，朕听到了。” 一阵脚步声传来，穿着玄衣华裳的男人跨过门槛，映入眼帘。孟棠怔了一瞬，脸色一变。他不知楚意在外看了多久，又听了多久。他打着他的幌子教训太后，教训下人，为自己狠狠出了一口恶气。他如今是爽了，可楚意向来不喜欢刁蛮跋扈之辈。看到他这副面貌，那好感度不得跟天女散花似的掉。孟棠身子僵住了，下意识望向进度条。然而令他诧异的是，好感非但没掉，还涨回来了，又变成了四十六。孟棠震惊地看着他，以前明明不是这样。 曾经他也发过脾气，也冲着下人动过手。可楚意看见那样的他，眼底的厌烦却是怎么遮也遮不住。所以后来孟棠才会装出一副端庄温婉样。太后哭着上前，指着孟棠说道：“这就是你选的好皇后，来哀家这里撒风，什么温婉大方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皇帝这样的人，你觉得他配为后吗？”孟棠低着头不语，先前那股嚣张竟不见了。他似是还没从那股震惊里回过神，忍不住看了一遍又一遍好感进度条。没错，的的确确涨了三点。孟棠有些恍惚。 感觉不太真实，温婉人设崩成这样，楚艺竟还长了好感。楚艺唇角微微勾起，低沉的声音在室内徘徊。他说：“朕觉得他配。”太后震惊地看着他：“皇帝，我是你的母后，他羞辱我至此，这样的女人不忠不孝，如何配享太庙？”楚艺却道：“她是朕的皇后，母后却要对她滥用私刑，母后是在打谁的脸？”太后脸色发青：“哀家只是替皇帝教训她。”哦，朕的人，即便要教训，也该由朕来，是朕娶的她。 不是母后您娶的他，他目光灼灼地望向孟堂，孟堂低着头，想楚意这是什么意思？之前不是还对他怒气冲冲、爱答不理的吗？他本以为他得上赶着去哄他，才能叫他消气，如今见楚意面带笑意，哪还像生着气的模样？太后气得直哆嗦，他道：“陛下，你当真要为了他置自己于不孝的境地吗？圣母皇太后已故那么多年，为了他该尽的孝道，臣早已尽了，怎能说朕不孝？您怕不是忘了当初是怎么逼着？” 臣跪在您和您的亲子面前，让二臣给他当马骑的。他说完，饶有兴致的望向孟唐，道：“子童，朕还是头一回见到你拎着凳子腿砸人呢，颇有孟老将军的风范。朝中谁人不知，孟老将军孟衍是个张口老子闭口他娘的粗人。狗皇帝莫不是在嘲讽他？”孟唐回过神，连忙扔掉手上的凳子腿，冲着楚艺盈盈一拜，又变回了那个柔弱温良的皇后，让陛下见笑了。母后说的对，臣妾粗鄙不堪，有失皇家体面，确实难登大雅之堂，不配居于中宫之位。 先前和太后对峙时，语气那般冷厉，如今却柔的能滴出水来，眼里蒙着一层晶莹水光。楚意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：“母后啊，您慈宁宫的这些下人倒是猖狂的很，竟敢欺压到皇后头上来。若说皇家颜面，难道不是在您任由下人踩到皇后头上的那一刻起，便荡然无存了吗？”这话落，满屋子的奴才，包括那柳嬷嬷，害怕的跪在地上，佝偻着身体，不停发着抖。他们不敢去看天子一眼。楚意这话说的轻飘飘，甚至语气里也听不出怒意。 然奴才们却惶恐得很，天子怒火藏在了那波澜不惊的湖面下，越是平静，爆发出来便越是骇人。陛下恕罪。柳嬷嬷身子已经抖成了筛子，楚一指长身玉立的站在那儿，便已然天子威严尽显。太后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皇帝，你要因为一个孟侍女责罚母后吗？”楚一不答，他轻描淡写的说道：“既然母后这么喜欢滥用私刑，那今日便好好看着吧。”李长福，太后身边的下人都拖出去，全部施以暂刑，直到他们十根手指尽断。 方宁看到陛下为娘娘打抱不平，不禁湿了眼眶。是陛下，李长福招了招手，换来侍卫，将这满屋子的奴才拉到院中。柳嬷嬷白了脸，害怕极了，不停地磕着头：“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啊！奴婢错了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他西行到孟堂面前，哭得涕泗横流，脑门上磕得头破血流。奴婢真的错了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是我之前对不住您，奴婢知错了，您想怎么惩罚奴婢都行，奴婢都认。求求娘娘劝劝陛下。 饶过奴婢这一次，孟棠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厨艺一,一脚将柳嬷嬷踹翻，道：“贱东西，以前欺辱皇后的账还没与你算，拖下去！尤其这个柳月，给朕狠狠的罚，朕要听到他的惨叫。”柳月是跟着太后一起入宫的贴身婢女，是太后娘家的老人了，这摆明了是一点脸面也不给太后留。太后眼里露出不忍来，她说道：“皇帝，皇后终究没有受伤，您这又是何必？这里是灵感寺，明天还有为民祈福的大典，若是见了血，只怕是有违天和吧。” 楚意目露嘲讽道：“母后也知在灵感似动形，有违天和，难为母后了。儿臣还以为母后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呢。”太后慌张地扶住桌子。楚意继续道：“母后就歇着吧，您就是听多了这些巧言令色之辈的话，才会变成如今模样。日后儿臣自会派人来照顾母后的衣食起居，母后身边不会再有这种献媚之徒了。你，你要将哀家幽禁起来。”他满脸不可置信，楚意不置可否。可可嗨嗨！太后怒急攻心。 气得忍不住咳嗽了起来，终是忍不住一口血呕出，整个人都瘫倒在了地面上。楚意眼神漠然，他说：“母后，您可别晕过去，儿臣还想让您关刑呢。”来人，还不赶紧将太后扶起！楚意冷着脸命令：“是，陛下，太后被人压着来到了门口，整个院子里跪了一地的婢女奴才，他们哭嚎着求饶，惊惧交加的被侍卫们强行带上攒子。高座之上，楚意坐在金丝楠木椅上，他冲着孟棠招了招手，眼神示意了一旁另一张椅子，说：“来。” 梓潼坐到朕身边来。孟堂抿了抿唇，道：“是，陛下，乖乖在他身旁落座。”楚一唇角缓缓勾起，他端起桌上的茶，轻轻啜了一口。开始吧，他命令道。下一刻，侍卫们齐齐用力拉着簪子，院中传来痛苦哀嚎，每一嗓子都撕心裂肺，疼得满地打滚。是没吃饭腰，给朕用点力，朕要看他们食指都断了。楚一淡淡开口：“是，陛下。”孟堂看到这一幕，睫毛轻轻颤了颤，即便知道他们是咎由自取，却还是觉得觉得有些不适。 那些哀嚎声太过刺耳，像是附在他耳边，刺得他耳膜疼。楚艺靠在椅背上，歪了歪头，望向孟唐，道：“子彤，给朕好好的看。你今日可是差点就成了他们这样，怕不怕？”孟唐柔柔一笑，说出了楚艺爱听的话。他道：“臣妾不怕，臣妾知晓陛下都是为着臣妾好，臣妾会好好看，然后记住这一幕的。”楚艺眸子却忽的沉了下来。他不怕这残暴的场面，却怕急了他杀人。说到底，怕的是他这个人。楚艺忽的就没了兴致，嗤笑一声。 你是不怕，你本也不怕他们，你怕的是朕。他又恢复了那乖顺模样，先前那个嚣张冷酷、说自己意上阵杀敌的孟家女不见了。楚艺发觉自己越发看不透这个枕边人了，兴许他的所有乖顺与讨好都是装出来给他看的。他与宫里那些抱着目的接近他的女子并无不同，他也有自己的目的。一场酷刑结束，站在门口的聂太后冷汗晶晶若不是一旁有侍卫压着他，他几乎要脱力倒在地面上。李长福进来回禀，陛下，行刑结束。 这些人要怎么处置？楚一眉眼间露出一丝暴戾之气。他最厌恶这些媚上欺下的刁奴恶仆。他一身伤疤救急，皆是因为这些恶仆。楚一道：“下狱，祭天过后，拖去西菜市口斩了。至于其家人，三代连坐。”听到这话，李长福和侍卫害得齐齐下跪。一句轻飘飘的话，却让所有人骇然。李长福嘴唇动了动，想劝，到底没敢。楚意厌烦了，正要起身离开，孟唐忽地按住了他的手，那小手附在他手背上，温温热热的。孟唐急急忙忙起身。 提着衣摆跪在他面前，说了句：“陛下三思。”祸不及家人，楚意眸色冷淡。他问：“子潼是觉得朕做太过了？朕残暴不仁？”孟堂连忙摇头，焦急心切道：“陛下，臣妾是怕陛下遭到旁人诟病。下人死了便死了，可陛下的生命却不能被他们拖累啊！”楚意安静的瞧着他，问：“此为你真心？”孟堂说：“臣妾一字一句皆出自真心。”楚意起身，居高临下的打量他，随后将他扶起。他道。 朕登基八年，残暴的骂名便跟了朕八年，朕难道还怕了不成？孟唐却说：“可是臣妾心疼。”楚意一张脸霎时冷了下来，他道：“朕为保护你杀人，你畏惧朕厌恶朕不让朕碰；朕为你出头惩治恶仆，你拦着朕让朕罢手。你究竟是心疼朕，还是不满朕太过暴虐？你自个心里清楚。”楚意说完，袖摆一甩，愤怒离去。李长福看到这一幕，急忙说了句：“娘娘，您这是何必呢？陛下的性子您又不是不知道，越是忤逆陛下。” 陛下便越是生气啊！哎，李长福说完，连忙跟了上去。萧红云站在一旁，想了想，他道：“你可知你的婢女费了多大的劲，才让陛下过来救你？”方宁站在一旁不语。萧红云道：“陛下做这些也是为了你啊！你将人气走，这又是何必？”孟堂重重吐出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是真的不想他为了我坏了自己的名声，连坐三代，太过了。”萧红云道：“其实来之前，陛下还生着你的气，即便生着气，陛下也过来为你出头。” 你可知为何？陛下根本不在乎他自己的名声，他只想你好。皇后娘娘，臣妾说句不该说的。慈宁宫辱您七年，您又何必管他们生死？孟堂瞥了眼魂不守舍的太后，他说：“我本也不想管他们生死，我只是怕陛下杀孽造的太过。陛下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”萧红云无语道。孟堂惆怅道：“爱他自然就要为了他好。”萧红云一阵无言。孟堂其实什么也不怕，他只是像往常一样装成小白花的样子来安抚楚艺，可今天却不管用了。楚艺来时明明还带着笑。 一副消气了的模样，走时却比先前还要生气。难道就因为崩了人设，小白花人设就不能用了？孟堂头疼，狗皇帝太阴晴不定。了，楚艺心气不顺，眉眼间的焦躁几乎遮掩不住。屋中议事的大臣战战兢兢。大理寺卿梅少宇道：“陛下，西大营丢失了一批军械，怕是落入了那群匪寇手中。”楚艺道：“西大营主事之人下狱拷问，朕白日瞧见了那群装成流民的匪寇，如此训练有素，他们背后必有人指使，给朕查。”是，陛下，陛下。 如今匪寇与流民混杂在一起，有些实在分不清。楚意道：“分不清就都杀了，势必不能让这群匪寇在京中作乱。”可是楚意猛地抬眼，眼中寒色未退。他问：“怎么，你也觉得朕太残忍？”那臣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说道：“微臣不敢，微臣只是觉得，若是误杀了，恐怕会起不好的流言啊，致使京中人心惶惶。”楚意说：“那你可有想到了好法子来区分那群匪寇和流民？”臣子冷汗连连：“斩草不除根，会有什么后患？你我都清楚。” 如今那群匪寇联合，短时间内不成气候，时间长了就是叛军，须得在他们成长起来之前尽数铲除，不能招安吗？楚一笑了，他道：“你可知西大营丢失的上万军械，会要了多少老百姓的命？招安，他们配吗？”臣子猛地僵住了，他道：“微臣明白了，微臣这就派人去办。京中近日越发不太平，端午这几日京中热闹得很，百姓必定都会出门活动，记得加派人手巡逻，有不对劲之处立即通禀。这个端午。” 绝不能出任何差池，是陛下。楚意叹了口气，眉眼间显露疲态。没有人能真正懂他，就算是孟堂也不能免俗。李长福走进来，问：“陛下，今夜要去娘娘们那吗？”楚意道：“不必，寺庙乃清修之地。明日便是祈福大典，都好生歇着吧。是”是陛下，奴才去通知娘娘们，不用等了。半夜，孟堂躺在床上，远方传来一声炸雷般的巨响，孟堂被猛地惊醒，额头上布满冷汗。孟堂起身，透过窗户看到了连天的大火。 他连忙下地，走出屋子，叫道：“方宁，方宁！”灵感寺乱了，匪寇们半夜聚集，齐齐攻上山来。他娘的，杀暴君，改朝换代，兄弟们跟着我冲啊！装成流民的匪寇冲进灵感寺，一阵烧杀。孟唐连忙去了别院，将方宁摇醒。孟唐说：“方宁，快起来，我们快去东院找陛下。”方宁正要问，看到院外的大火，脸色一变。孟唐和方宁刚跑出院子，和正面杀上山的匪寇碰了个正着。孟唐转身就跑，前路被堵死。 后路，那是通往太后院中的路。太后也起了身，叫道：“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、啊？”孟唐上前拽住他，说：“母后，有土匪杀上山来了。方宁，你躲水缸里，我引开他们。等他们走了，你悄悄去找陛下。这怎么行？我身体好，他们追不上我。你跑得慢，被他们追上了就无法活命。”不待方宁多说，后头的匪寇已经追了过来。太后一张脸煞白。夜半三更，厨艺看着蔓延到山上的大火，愤怒的质问：“黄承思的人呢？” 都是废物吗？竟放了这么多贼人上山！李长福跪在地上说：“陛下，黄城思今夜守职的都被杀了，指挥使陆大人也死了。”楚艺皱着眉道：“孟唐呢？他身边没有人。”话落，楚艺起身就走，和急忙跑进来的方宁撞了个正着。楚艺拽住他，逼问道：“你们主子呢？”方宁哭着说道：“主子为了让我过来求援，独自去引开那群土匪了。”听到这消息，楚艺心脏骤停，瞳孔微缩。“你说什么？陛下，您快派人去找娘娘吧！” 娘娘身子虚，坚持不了多久的。楚艺一把推开他，道：“李长福，北营离这里最近，你下山去北营求援，剩下的禁军同朕一起，倾尽全力搜寻皇后。是”是是。灵感寺后山是唯一没有被匪寇染指的地方。孟堂往林子里钻，他看着身边的太后，问：“您跟着我作甚？臣妾也保护不了您。”聂竹青发丝散乱，如今他身边也没个能用的人，最可靠的竟是他这个平日里看不上的孟堂。想起孟堂白日里是如何教训那群奴才。 聂竹青便更加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。此刻他身上是一点也没有太后的端庄威严了，狼狈不堪。孟侍女，你必须保护哀家。你若是能保护好哀家，哀家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。孟唐听到这话，他道：“母后，您本就不该找我麻烦。况且你觉得你以后还找得了我麻烦吗？拿这个说服我来保护你，未免太荒谬了吧？”聂竹青生怕孟唐真的抛下他，连忙抓住他的手腕。他说：“哀家从未求过人。你若是在此弃哀家于不顾。” 聂氏必不会善罢甘休。聂氏掌管着京中辎重营，你想想边疆苦寒之地，那十万朔北军，哀家若出了事，本应运到朔北的粮草必不会准时送达。孟唐不满道：“母后，您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若是你聂家私自贪了朔北军的粮草，你以为陛下还会纵容你们聂家？”叶竹青便笑了，他语气里带着自信：“你想想看吧，那十万朔北军不能为他所用，他们听命的是你们孟家，陛下早已不满很久了。”孟唐脑袋脸色沉静。 分析利弊，聂竹青又道：“与面前的山匪比起来，那可是十万训练有素的铁骑，他岂能安心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这个道理，你不会不明白。其实陛下拨给朔北的粮草，一年不如一年，你还没发现吗？你若是能保护哀家，哀家答应你，今年朔北军能过个好年。”聂竹青话刚落，那群匪,匪寇们便已然追到了后山，弟兄们，抓住狗皇帝和他的后妃，抓到一个杀一个，杀杀杀！能做暴君的女人。 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兄弟们，改朝换代就看今晚，杀，杀，杀！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匪寇们穿着铠甲，手持长刀，不停在后山搜寻着。太后身体微微颤抖，她说：“若是我们被抓到，便死定了。”孟堂抓住太后的手腕，他警告般的看了他一眼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太后，我如何要信你？你看不远处那些匪寇，我只要将你推出去，就能换来我逃生的机会，你看如何？”聂竹青身体一僵，他道。 你不能这么做，我可是你的母后。这七年来，你可有把我当成儿媳？哼，母后，你甚至都不曾将陛下当做儿子过，就与看不上我一样。你同样也看不上他，不是吗？就少惺惺作态了。你说能让朔北军过个好年，我如何信你？聂竹青沉默了一会。曾经不管他怎么对待这个儿媳，孟堂都逆来顺受，从未露出过锋芒。聂竹青一直以为他本性懦弱，因此这些年来变本加厉，而他也从未反击过，这便让聂竹青以为。 他是个好难捏的，可今天白日以及方才发生的事，明明确确告诉他，他这儿媳不简单。这么多年来的忍气吞声，极有可能是在一直伪装。太后咬了咬牙，将一块令牌塞他手上，道：“此乃辎重营铁令。”孟堂看了眼，这铁令是真的。太后说的没错，这些年来，楚一确实一直对朔北军不满。那是一群无法为他所用的兵，每年发放去的粮草也在递减，他在逼朔北军向他低头。朔北军一直以来都是他父亲在管着，谁也不服。 只服他父亲。自从知道父亲被被包了军权，又挂了个没用的虚职，女儿还不得不入宫位置。朔北军已经不满很久，怎会向楚义低头？将士们要吃饭。孟唐说：“好，母后，我会保护好你。我死了也不会让你死。”聂竹青听到这话，松了口气。你看看朔北军的待遇，其实哀家说他薄情寡义，并非是随意说说。无法，朔北军一直不肯向他低头。每回被派去朔北的新统帅，都会被他们打回来。若是你我处在他的位置，也未必能做到更好。哼，你倒是向着他。 他可未必向着你。孟家当年何等风光，秦王救驾平定内都，孟衍更是三朝元老，谁敢不服他？如今呢，他父亲过得确实挺憋屈，但却不曾心怀怨恨过。父亲年岁也已经大了，京中养老未必不好。他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”叶竹青便不语了。他还记得孟衍年,年轻时是何等骄傲轻狂，如今物是人非。孟堂抓着他的手往林子深处走，这树林后边便是断崖，断崖深不见底。 路走到了尽头，孟唐和聂竹青脸色皆是一变。匪寇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眼瞧着就要追过来了。聂竹青尖叫道：“我们被毒死了！”别慌，孟唐深吸了口气，强作镇定。他道：“即便他们真追过来了，我也会与他们谈判，保你性命。”聂竹青脸色发白，步步后退。只见穿着铠甲的匪寇走出林子，大喝道：“人找到了，在这呢！”哈哈，一老一小，老的就是太后，小的是皇后吧？没想到咱们运气这么好，杀了他们。 拎着他们的头颅去向头儿邀功，匪寇们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来。不，不！聂竹青惊恐极了，不停地摇着头，步步后退。孟堂一惊，大喝道：“别退了！我说过我会保住你。”下一瞬，那断崖的泥土骤然往下一塌，太后整个人都往崖下掉去。孟堂连忙伸手抓住他，却被惯性带着一同往下跌。孟堂睁大了眼，手指往石壁上抓，试图抓住些什么。许是运气好，五指抠入了石缝中，堪堪止住了下落的趋势。匪寇追了过来。 低下头，瞧见他们被挂在悬崖石壁上。其中一个道：“去崖下守着，他们坚持不了多久。嘿，只要等他们掉下去，这高度必死无疑。”啊！是禁军，禁军杀过来了！怎么还有禁军？好像是狗皇帝身边的金吾卫，快跑！金吾卫出刀，必见血封喉！快快跑！反正这两娘们也活不了了。孟堂听到上方动静，松了口气，说：“他们似乎跑了。”他一只手死死抠在石壁缝隙中，一只手牢牢抓住了太后的手。 太后整个人都悬在半空中，她惊慌失措道：“你别松手，你千万别松手！是我从前对不住你，我千错万错，不该因为皇帝搓磨你。你是个好的，所以你不会见死不救吧？”孟堂听到这话，笑得很坏。他说：“你觉得呢？”辎重营的铁令我已经拿到手，好像母后你也没有什么活着的必要了呢。再者说，母后，我一介弱女子，光是让自己抓住这石壁，便已然很费劲了，说不定等不到陛下的救援就掉下去了。若是我松开手，只有我一人的话， 还能保留些力气，等到陛下的救援。太后脸色白得厉害，她瞪大了眼说：“别，不要，你千万不要松手，孟堂，我求你，今日我不要这老脸了，我求你。”山崖间的风又冷又重。孟堂说：“你以前欺辱我，现下知道错了。”聂竹青脸色难看，生怕孟堂拿了好处后便反悔，以后还敢不敢拿针扎我？孟堂问太后，连连摇头说：“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以后还用不用滚烫的热茶泼我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孟堂很满意，继续问。 以后还会不会罚我跪祠堂？绝不，绝不！孟棠哈哈大笑道：“那母后，我有难，你会帮吗？”“我帮，我帮！”孟棠便抓紧了他的手，道：“记住你今夜说的话。”他心里畅快了，这老东西辱他多年，如今知道怕了，知道命被掌握在其他人手里是什么感觉了。太后小心翼翼的问他：“你不会松手，不会看我去死的吧？”孟棠瞥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孟家一直忠义。”聂竹青便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松了口气。金无畏追过来。 将那些还未来得及跑的匪寇都杀了。待看到悬在山壁上的两人，金无畏一惊，当即道：“陛下找到人了。”就在这话落，太后眼睁睁瞧着孟棠脸色又变回了柔弱凄楚的样，他可怜兮兮地望向太后，说道：“母后，你可知陛下为何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忍你？”变脸速度太快，快到聂竹青没反应过来，他下意识摇了摇头。孟棠叹了口气，柔声道：“还记得那碗饭吗？陛下生母死后，你赏赐给他的一碗白米饭。” 厨艺一来，便听到山崖间孟唐娇滴滴的声音，他心一紧，连忙换人去准备绳索。孟唐仿若不觉，继续道：“也许在你看来，你只是施舍了路边快要饿死的小工人。若是你知晓他是厨艺，未必会给他那碗饭。可是啊，可是啊，陛下他将那碗饭记了一辈子，因为你不经意间的那次施舍。即便聂家飞扬跋扈，闹,闹出了人命，陛下也依旧纵容着；即便聂家强抢民女，作风不正，陛下还是为你压下了这诸多丑闻。母后，您可不可以答应臣妾？” 等上去后，不要再让陛下不高兴了。不若您正视他一回，将他当做自己的亲子看待，如何？他不是薄情寡义，他是太念旧情。母后，您只需对他好一点，便足够他记你一辈子的恩了。上方，楚一听到这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说：“梓潼，不要再说了，别说话了，为自己保存体力。朕马上救你上来。”三言两语间，聂竹青猛地反应了过来，这些话都是在说给皇帝听。他意味深长地望向孟堂、孟家女，这副温婉贤淑样，果然都是装出来给皇帝看的。 聂竹青也曾是嫔妃，这些争宠伎俩，她岂能不知？孟唐虚弱道：“母后，母后，您能答应我吗？”聂竹青只能道：“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”上方金无畏往下放着绳索，但绳索不够长。陛下，绳索差太多了，够不到。楚艺骂道：“那便去找找的来。”楚艺急道：“紫彤，你可还能坚持？”孟唐声音好轻，轻的仿若随时都会碎在这半空中。他说：“陛下，臣妾可以。”他又道：“陛下，别担心。” 臣妾不会有事的，母后也不会有事的。听到“母后”二字，楚意眸子发沉。他说：“子潼，你松手，朕只要你活着。”先前他与他闹别扭，与他吵架。楚意本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光能与他相处，他们的日子还很漫长。可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楚意心脏发紧，感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。原来生死就在这一线之间。下方传来孟唐的声音，他道：“陛下，我不能。若是今日母后真掉下去，您要如何面对聂家人？如何面对前朝文武百官？” 他们会用唾沫星子淹死您的。起初，聂竹青在听到楚意让孟唐松手时，他内心还紧张了一下，生怕他真的松了手。如今这话一出，聂竹青悄然松了口气。不过他这个好儿媳，真的又会隐忍又能演。若是个男儿郎，必能成就大业。且他对皇帝那字字深情的模样，聂竹青沈然一笑。究竟是谁被谁拿捏？皇帝连枕边人真面目都没看清。楚意闻言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他的梓潼竟还在为他考虑。楚意说：“不要紧，梓潼，朕不怕前朝的闲言碎语，朕怕你出事。” 朕只想要你活着，你这样坚持不了多久，松手吧。楚艺虽嘴上这么说，但孟棠却了解他。他今日若是松手，让太后去死，明日以楚艺的多疑性子，便会猜想他是不是也会让他去死。孟棠是万不可能松手的，不管是为了先前对太后的承诺，还是为着楚艺的好感值。陛下，她是臣妾的母后，也是陛下身边唯一的旧人了。臣妾不想您以后回想起旧、就、事、是，身边一个旧人也不剩。这话当时让楚艺红了眼眶，若说内心没有触动是不可能的。这般贴心的话语，铁汉也能化为绕指柔。 他道：“可朕只想让你活着，我和母后都会好好的活着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楚仪再也忍不住。他知道孟唐只是一个弱女子，一个弱女子挂在山壁间得有多害怕，更遑论他手上还抓着一个人。平日里他身子就虚弱的很，如何能长时间那样在山壁间挂着？楚仪说：“子潼，朕现在就下去接你。”陛下不要。孟唐装出一副深情样，说道：“臣妾姓孟，没有那么弱小的，您不要以身犯险，千万不要下来。” 臣妾真的能坚持？这话落到楚艺耳中，楚艺自然是觉得他是不想他犯险。都说患难见真情，他的紫瞳哪怕落到这种境地，都在为他着想，他还有什么理由去怨他恨他呢？嫌弃他暴虐也好，觉得他没有人性也罢，天下间就只有这一个这么好的紫瞳，他要牢牢将他握在手心里。紫瞳听话，朕下来救你。孟堂摇着头，他苍白的脸颊缓缓流下两行清泪，说道：“陛下若是为了臣妾以身犯险，臣妾便立马松开手跳下去。” 而且陛下是不信臣妾的臂力吗？臣妾曾在父亲的军营中拉开过九弹的大弓，臣妾真的能坚持得住。他额角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楚艺瞧见他这副模样，心知他是在逞强。男人不再说话，脚尖轻点，贴着崖壁跳了下去。李长福看到这一幕，目眦欲裂。他扑到崖边上，吼道：“陛下，陛下，陛下快来人，快来人啊！陛下跳下去了！”金无畏站在那儿道：“李公公莫急，咱家怎能不急？这么高的悬崖，陛下就这么跳下去了？” 金无畏说：“陛下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”下坠到孟唐的位置，楚艺手上的匕首狠狠往崖壁上一扎。他借着匕首的力，停在孟唐身旁，道：“子潼，我不信你会松手。你这般善良，怎会忍心母后和你一起去死？”聂竹青听到这话，打了个战。这孟家女可不善良。孟唐失了眼，道：“陛下怎么真下来了？您这样做，若是您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让臣妾怎么办？臣妾真是万死难辞其咎了。”楚艺伸手轻轻摸着她苍白的面颊，替她擦去脸上沾着的灰尘。 说道：“朕不会有事。”上方的李长福看到这一幕，心里松了口气，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，道：“陛下，您若是实在急，可以让侍卫们代替您下来，何必亲自犯险？”楚艺却皱着眉，侍卫们身手哪有朕好？他望向孟唐，又看了看下方的聂竹青，说道：“子潼，把他交给我。”太后闻言当即慌了，他还记得方才皇帝让孟唐松开他的手，叫他去死。他慌慌张张地望向孟唐，祈祷他别松手。楚艺哄道：“乖，这样下去你坚持不了多久。” 把他给我。嗯，孟唐看着他的眼睛，说道：“陛下，她是母后。”楚艺应了一声。嗯，她是母后。孟唐便笑了，眸中溢满了对他的爱意与信任，对聂竹清道：“母后，陛下力气比我大，他会将你救上去的。”其实此刻，孟唐和聂竹清手心都是汗，真坚持不了多久了。聂竹清慌张道：“哀家，哀家不想，太后是真的怕楚一直接将自己丢下去。”他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孟唐打断，道：“母后，陛下是一言九鼎之人。” 天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是不是？陛下，楚仪瞥了眼太后，伸出手应了句“是”。下一刻，他便强硬的从他手上将太后接了过去。少了太后，孟棠确实轻松了许多。没多久，金无畏找来了绳索，往下放。陛下，绳索放下来了，您抓着点。楚仪面无表情的望向太后，说：“母后先上去吧。”虽然语气里很不情愿，聂竹青一颗心放了下来，抓紧那绳索，随后便被金无畏拉了上去。紫潼，手给我，楚仪朝他伸出一只手。 他眼底带着温情，和看向太后时的冷漠完全不同。嗯，孟棠伸手刚要搭上去，孟棠抓住的那块石头忽地松动了一下，啪嗒一声，孟棠整个人都随着那块石头往下坠去。楚艺瞳孔骤然一缩，男人大脑一片空白，几乎来不及思考，下意识便跟着跳了下去，抓紧了孟棠的手，用力一拉，将人死死抱在怀里。孟棠惊道：“陛下！”楚艺抱着他，想伸手去攀附石壁，石壁上光滑一片，实在抓不住。孟棠红着眼眶说道：“陛下。” 您怎么能为了救我如此奋不顾身？楚意一只手摸着他的头，道：“别怕，别怕，朕护着你。下方是溪流，摔不死人。朕的好子彤，别怕。”说完，他低下头去吻孟唐的额心，一下一下轻轻吻着，温柔又缱绻。孟唐是真的没想到他会为了救他，竟再次主动跳下来。他双臂环住男人禁兽的腰肢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同你置气了。”楚意当真跳下来的那一刻，孟棠内心是震撼的。他眼中的楚意，自私自利又多疑。 怎么会为了他做出如此不理智的事情来？楚意温声安慰道：“朕不生气了，紫潼，你不喜欢朕杀人，朕以后不杀人了。”就是孟棠却摇了摇头说：“臣妾没有不喜欢，臣妾只是被那个死人吓到了。陛下，您是为了臣妾才会手染鲜血，臣妾怎么会怪你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时候臣妾真的吓坏了。臣妾是第一次看见人被腰斩后的样子，连肠子都流出来了。臣妾终究是女儿家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才会被那样的场面给吓住。不是不喜欢陛下杀人。” 更不是畏惧陛下。孟棠的一番言语解开了楚艺心中的心结。原来他不是因为厌恶他杀人才会露出那种眼神，而是吓坏了。想他一个大家闺秀，头回见到那种场面，确实适应不来。楚艺后悔没有好好听他解释，后悔没有陪在他身边安慰他。耳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，他们抱住彼此，同坠黑暗。扑通一声，水面被砸出一道巨大的水花。而楚艺始终将孟棠护在自己怀里，没叫他受到半点伤害。那么高的悬崖，即便是落水，也会有生命之忧。楚艺只觉得。 浑身都痛得厉害，意识当即缓缓消散，往下沉去。陛下，孟唐抓着他的手，指出他下沉的趋势，他便游着水将楚逸往岸上拖。多亏了楚逸，他只在落水的一刹那耳鸣了一阵，身体未受到丝毫伤害。楚逸将他保护得很好，他不能看他死，他能回家的希望全都系在了楚逸身上。虽对他没有真情，但孟唐也不希望他就这样没有作为的死在这种地方。孟唐在他胸前按了按，助他将呛入肺的水排出来。山崖上，李长福铁青着一张脸，声音尖利。 快下去搜，下边有成群的匪寇，绝不能叫匪寇先找到陛下。太后怔怔地看着这一幕。聂家野心不小，此刻他只需要悄悄通知聂家，暗地里找到楚意，随后将人杀了，再随便扶持一个小儿登上皇位，由他这个太后垂帘听政，那这天下就真的成聂家的天下了。太后攥了攥拳，想到了孟堂救自己时那张被汗湿的苍白小脸。白日下了雨，山洞里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，外边又滚了雷。孟堂瞥了身旁的楚意一眼，只能祈祷楚意的金无畏赶紧找过来。嗯。 男人发出一道低吟，楚逸缓缓睁开眼。孟唐没想过他会在这种时候醒来。楚意在雷雨天会就急发作，发起疯来也敌我不认，实在不适合现在醒。看着楚意那双黑沉的眸子，孟唐问：“陛下还认识臣妾吗？”楚意不言，坐起了身子，朝他伸出手，拇指用力在他唇上按了按，随即面容冰冷，语气里带着森寒的杀意：“你是谁？”行吧，是那个发病后无差别攻击的楚意。孟唐刚想向他解释，外界便传来了匪寇粗鲁的声音：“找到人了吗？” 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听说那狗皇帝也一起掉下来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孟唐伸手捂住他的嘴，搂着他的腰，将男人往后拽，拽到山洞的巨石后躲着。没多久，那五个匪寇便走了进来。为首的匪寇吐了口唾沫，说道：“呸！这刀真他娘的难用，官家的兵器到底没有咱们自己的趁手。得了吧，这可是西营的新货。若不是那位大人悄悄偷梁换柱运了出来，咱们这辈子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货。赶紧弄死那狗皇帝，等到头儿登帝，看以后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府还敢撵咱们。” 要不是楚家无人了，能轮得到他来做这皇帝？杀了他后，直接将脑袋挂城门口。几个匪寇边走边说。孟唐冷汗流了下来。如今楚意重伤，还敌我不分，他自己又虚弱脱力，实在不是这几人的对手。希望他们不要发现他和楚意才好。然而事与愿违，疯了的楚意不是孟唐能掌控的。楚意抓着孟唐的手腕，用力一捏，孟唐痛的松了手，发出一道轻呼。匪寇们顿时察觉到了这细小的动静，谁？怕不是珍藏在这里吗？哈、啊！ 识相自己出来，爷几个还能干脆送你上路。他们几人朝他和楚艺所在走来，楚艺瞥了他一眼，一脚跨了出去，出现在几人面前。男人虽受了伤，身上也湿着，身上那股天生的高贵却遮也遮不住。他眼神阴鸷，脸色沉冷。匪寇们满脸骇然：“是是楚艺，一定是他！我看过他的画像。”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兄弟们上！瞬息之间，那群人便和楚艺打了起来。楚艺招招狠辣，没有武器便只能用手，即便受了伤，也是不能小觑的存在。 他迅速掐住其中一人的脖子，随即用力收紧。那人挣扎了几下，顷刻间便没了动静。剩下四人见此，满脸骇然，连连后退。陛下，刀，接住！孟唐见此，连忙捡起地上的刀，朝楚艺扔了过去。楚艺抬手一抓，一刀横扫而过，一人头颅落地。他眼中装着强烈的杀意。还剩三，剩下三人见他如此狠辣，心下都打了退堂鼓，想转身先跑。跑回去后通知大伙，加派人手过来。楚艺怎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？ 他将手上的刀用力一掷，那刀瞬息间没入最后面那人的后背，转瞬那人便倒在了地上。楚艺上前拔出刀，朝剩余两人追去。二那两人满面骇然，孟唐也满面骇然，都重伤这副模样了，竟还是如此的能打。楚艺脚下一点，拦住那二人去处。二人见此，本想跪地立马求饶，然楚艺根本就不打算给他们这个机会，将二人果断抹了脖子。他身上湿透了的衣服沾上血后更加黏腻了，伴随着一阵浓郁的血腥味，楚艺走进来，如同修罗煞神。 孟棠被这股血腥味熏得想吐，扶着墙后退了一步。他的后退似乎戳到了男人哪个点，男人扔下刀，朝他快步走来。他手上也是猩红的血。男人走到他面前，注视着面前的女人，女人柔弱的面庞似曾相识。随后他也不知怎地伸手，不怀好意地将手上的血蹭到了孟棠的脸颊上，让他干净的面颊也沾上了猩红，让他陪着他一起脏，不许躲我。他皱着眉道。孟棠抿了抿唇，想起方才男人杀性大发时的模样，不敢妄动。他问：“陛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 楚艺歪了歪头，很是不解。他将手上的血从他脸颊上蹭到他脖子上，随后凑上前轻轻吻了吻，满脸痴迷的说道：“真美。”他的呼吸拂过他脖梗，叫他脖间一阵发痒。孟唐头往后仰了仰，试图拉开距离，这再次引起了楚艺的不满。楚艺楚一眯起眼，满脸危险的问道：“你怕我？你也怕我？”他按住他的后脑，将他往他身上按。他说：“不许怕我。”语气颇凶。他身上的血让孟唐眼底露出些许嫌恶来。他说。 陛下，先把身上的脏衣服脱了好不好？本以为楚艺不会听话，或者要费一番口舌才能叫他听话，没想到楚艺松开他，果断的脱掉了身上的衣服，露出性感紧实的胸膛，胸肌不夸张，线条却很是漂亮。只可惜上面有一条长长的刀伤，正不停的往外冒着血，那伤身可见骨。楚艺瞧着他，过了会，发神经般的抓住他的手，将他柔嫩的小手往他那可怖的伤口上按。孟棠下意识缩了缩，楚意不让，力气之大，拽的孟棠整个人都踉跄了一下，扑在了他身上。 楚艺将他掌心用力摁在那条伤口上，如此清晰的黏腻触感，摸到了楚艺的外翻的皮肉。孟唐脸色不好看，楚艺盯着他的脸，像是盯上了自己的猎物，说道：“你不可以怕朕，怕血吗？这是朕身上的血，不要怕，多摸一摸就不会怕了。”楚艺执着的让他摸这些伤口，孟唐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。楚意说：“朕要弄脏你。”外边雷雨交加，山洞里却潮湿又闷热。楚意抱着孟唐往他身上拱，他裸露着身体，身上热得惊人。孟唐随意摸一把。 便是滚烫的热度，孟唐一惊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您发烧了。”楚艺却不闻不顾，将身上那些血尽数蹭到了孟唐身上。男人凑到他脖颈间，灼热的呼吸一下一下喷洒在他脆弱之处。孟唐伸手去推他的脸，声音微颤：“陛下。”他眨了眨眼，眼神有一瞬间的茫然，分不清眼前人是谁。但他身上的温暖却叫他沉迷极了。他微微敛眸，问：“你是哪宫的小宫女？”“臣妾，臣妾是孟唐啊，孟唐，孟唐。”他力气太大。 双臂死死固在他腰间，勒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没穿衣服，孟唐立即便感觉到了楚艺的禽兽反应。他慌慌张张道：“陛下，您现下身受重伤，又发了高烧，您需要好好休息。臣妾服侍您歇下，可好？”服侍我？楚艺轻松扯开他的衣带，身子贴了上去，感受到他身上的柔软。他压低声音问他：“用身体服侍我？”陛下不可！孟唐惊呼。 声音尽数被吞没在了唇齿间，楚艺撬开他的唇舌，疯狂攫取，勾着他的舌尖，用力吮着，粗重的喘息声在耳边蔓延，比外边的炸雷更要让人惊慌失措。他将他吻得喘不过气，楚艺捏着他的下巴，在他红肿的唇上轻轻舔了舔，那目光是占有欲十足的。他说：“朕想要你。”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匪寇再来，楚艺怎能在这种时候同他做这种事？他的拒绝引起了男人强烈的不满，手寂寞的变大，在他下巴上留下青紫的指印。 他恶狠狠说：“不准拒绝朕，没有人能拒绝朕。”男人大手拨开他的衣裳，用力抚着，掌心按压着，摩挲着。孟唐被他身上这滚烫的气息感染，眸中氤氲着水光，眼尾添了一抹艳色。厨艺强悍的身躯覆了下来，男人在他耳边轻喘：“你我同坠地狱。子童”紫瞳，孟唐震惊地看着他，厨艺发病时一向不认人，这次竟然认出他来了，是真的认出来了，还是下意识说出的话？孟唐来不及细想，便被拉入了这滚烫的气息中。厨艺身体是真的好，都伤成这副模样。 竟还能与他做这种事！孟唐看着自己身上的痕迹，穿好衣，打量一旁陷入沉睡的楚意。他提醒自己不要生气，哪日楚意不禽兽了，那就不是他了。只希望这雷雨早日过去。孟唐忍着恶心，扒下了那些匪寇身上的衣服，给楚意换上。楚意身子好，这回身上的伤已经止血了，只是不知内伤有多严重。真是胡来！初夏的雷雨一,一阵一阵的，很快就停了。两个时辰后，楚意睁开眼，孟唐说：“陛下，您还能走吗？此地恐怕不宜久留。您杀了这一小队的匪寇。” 迟迟收不到他们的消息，恐怕其他匪寇会找来。楚意一向记不清自己发病时的事，他捂着头起身，沉声问：“这些是我杀的？”是，陛下勇猛不凡。楚意捂着胸口，下一瞬，唇角溢出一丝鲜血，缓缓往下躺着。楚意却实受了很重的内伤，他吐出一口气，问：“紫瞳现在是何时？”孟棠看了眼天色，说：“约莫是四时。”楚意试图站起，剧烈的疼痛从四肢百骸传来，这个冷漠多疑的帝王头一次狼狈地踉跄了一下，孟棠赶紧扶住他。 陛下，您伤的太重了，快走！那群山匪定在全力搜寻你我二人，此地不能留了。可是您的伤……孟堂侧过头望向他苍白的脸，他也是第一次瞧见暴君病弱成这样。无碍，等于我的人会合变好。走！是孟堂扶着楚逸往外走，楚逸整个人的重量基本都落在他身上，他是真的虚弱极了。男人侧目瞥见了他脖颈间那片吻痕，忍不住伸手触碰了一下，嗓音低哑、啊：“这些是我弄的。”闻言，孟堂嗔怒瞧了楚逸一眼，说。 陛下发疯时胡来，身子都成这样了，竟然还想着。楚仪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他说：“朕发疯时记不清人了，却还是对你念念不忘。明明是对他的身子念念不忘。”一路上，楚仪给孟棠指路。他道：“再翻过前面一座山，直走就能到京郊了。”他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。孟棠不希望他死，他已经问陛下：“您还好吗？”孟棠侧手看去，楚仪再次昏睡了过去。孟棠无法带着一个男人长途跋涉，只能先拖着他来到一棵树下藏着。 又过了两个时辰，楚艺醒了。楚艺眼前有些模糊，但仍旧能认出孟唐来。孟唐靠着他的身子睡着了。楚艺一点也不后悔，随他一起跳了下来。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还是会选择跳，只因他对他上了心，上了心便没法不管了。只要他不背叛他，他会一直对他好。楚艺伸手轻轻摸着他的脸。孟唐睡得不安，一下子就被惊醒了。他对上楚艺憔悴的面庞，说道：“陛下醒了，陛下，你还能继续走吗？”楚艺说：“梓潼，能对朕笑一个吗？” 孟棠懵了下，楚艺目光没有焦距，他道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时候特别想看你笑。”孟棠便扯了扯唇角，露出一抹浅浅的笑。他说：“陛下，臣妾笑了。”楚艺很喜欢看他笑起来的样子，很是温柔。若是他小时候遇到这么一个人，温温柔柔的对他好，冲他笑，楚艺想自己应当也是拒绝不了的。温柔的人总该被人善待。孟棠瞧见楚艺身旁的好感值涨了，涨到了五十还没停，一直涨到五十四才堪堪止住。 这是好感长得最快的一次，看着好感长得这么快的份上，孟唐动作轻柔了些，他扶起他，又往山林间走。楚艺实在太虚弱，再次晕了过去。孟唐内心焦急，楚艺越来越虚弱，身上的伤恐怕拖不了几时了。陛下，陛下您别睡，再坚持会就能到京郊了。他急得泪珠子断线了一样往下掉，砸到泥地上。这回不是装的，是真的怕楚艺死了。恰逢此刻，林中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孟唐紧张的屏住了呼吸，是追兵，亦或是援兵？ 他娘的，彪哥那队人全死了，定是狗皇帝杀的。没想到那狗皇帝有两把刷子，他应该逃不了多远。搜！孟唐脸色发白，他看着地上昏迷过去的楚艺，不远处那帮人不消片刻就能发现他们。孟唐咬了咬牙，做了个决定，他用灌木将楚艺遮起来，随即往相反的方向跑去，故意发出一阵窸窸窣窣声。嗯，那头有人追，哈，定是那狗皇帝。方才那山洞里那般多的血，想来狗皇帝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 咱兄弟几个运气真好，山间路不平，不好走，加上没多久又下了雨，孟唐被淋得很狼狈，但他脚下不能停，一停，等待他的将是无尽的羞辱和死期。这群山匪恐怕不会痛快让他死，她是一国皇后，是皇帝的女人，想想没有什么比侮辱皇帝的女人更让山匪激动的了。孟唐平日里装柔弱，身子可是一点也不柔弱。楚一睁开眼，昏睡了三个时辰，他身子恢复了些，男人下意识往身边看去，孟唐不在，他的皇后不在，男人眸子一沉。 子桐楚意换了声，无人应他，内心升起一个荒谬的想法：孟棠该不会嫌他伤太重，是个累赘，抛下他自己跑了？他想起孟棠温柔的面庞，那双带着笑意的眸子，不，他不该是那样的人。他试图去寻找证据，证明孟棠并没有抛弃他，可他失败了。地面上没有第二个人的脚印，孟棠是自己离开的。说不上来什么感觉，一瞬间，楚义只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他为他不惧生死，他却不能与他共患难，满心的失望几乎要溢了出来。回想起平日里那一双充满了爱意的眼神。 难道那些都是假的吗？陛下，李长福带着人找了过来，瞧见楚艺靠在树旁还活着，高兴的哭了出来。李长福扑了过来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您没事就好，您没事就好，担心死奴才了。”金无畏也跟了过来。楚艺伸手说道：“朕受了内伤，庞许要给我。”庞许是金无畏中最善药理的侍卫，平日里谁受个伤，基本都找他。是陛下，楚艺吃了药，身上的高热也退了，状态好了不少。他起身随意给自己伤口包扎了两下，问。 找到皇后娘娘了吗？李长福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曾看见娘娘。”李长福瞧见孟棠不在他身边，下意识问：“陛下，娘娘呢？”这句话好似触碰到了男人逆鳞，他冷笑着开口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：“朕也想问，娘娘呢？”李长福顿时便不敢说话了，心里忽地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娘娘该不会是抛下陛下独自跑了吧？不然陛下怎会发这么大的火？楚艺瞥了金无畏一眼，道：“随我去寻娘娘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”是，陛下。 这回天要黑了，山路不好走，人也不好寻。但厨艺不肯放弃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即便知道这个女人很可能因为怕死抛弃了自己，他却仍旧对她放不下心，担心她的安危。他想，她真是见得慌。夜幕降临，孟唐体力流失严重，到底不如那几个人高马大的壮汉。眼瞧着那些匪寇们距离他越来越近，匪寇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别跑了，跟兄弟几个玩了这么久捉迷藏，够了吧？狗皇帝，你如果肯跪下来求求爷爷我，爷爷说不定还能饶你不死。”孟唐气喘吁吁。 他说：“我不是皇帝哟，是个小娘们。”听说狗皇帝是和皇后一起掉下山崖的，难道你是皇后？楚艺骑在马上追了过来，正巧听见这话，楚艺面色一沉。李长福举着火把，得知皇后娘娘就在不远处，当即就要大喊。楚艺睨了他一眼，轻嗤道：“住嘴。”他说：“将弓箭拿来。”是，陛下。楚艺搭上弓，眯着眼瞄准了不远处那几人。匪寇们丝毫没意识到危险，孟唐也不知楚艺带着人追了过来，他扬起尖尖的下巴说道：“是。” 我是皇后，那又如何？匪寇问。皇帝呢？怎么没和你一起？孟棠怕他们再回去找楚义便道：“哦，受了重伤，死了。”匪寇听到这话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真死了？假死了？当然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这回也成了真的。我可不想带个拖累，我只想活。带着他根本逃不过你们的追击。他这回应当已经咽气了吧？你这小娘们真是无情无义！狗皇帝为了你杀了咱们这么多弟兄，还为了你跳下这危险重重的悬崖，你就这么对他？” 那没办法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嘛！哈哈哈，小娘们，兄弟几个还没玩过皇帝的女人呢，你若是肯跟了我们，等回去后，弟兄几个替你向上面的人求情，如何？孟唐只想拖延时间，等金无畏找到皇帝，他们就都有救了。他不信金无畏那么废，一天了都找不到人。他说好啊，这么识趣。其中一个匪寇听到这话，双眼亮了亮，当即上前。楚一脸色冷的可怕，李长福额头渗出冷汗，小心翼翼的望向楚意。 帝王的眼神阴沉如水，杀意几乎化为实质。不知那杀意究竟是冲着那些匪寇，亦或是孟唐，山洞里是如何缠绵温存，楚一娜会对他有多喜爱。此刻听到这话，便有多愤怒。嗖的一声，一箭顿时射出，那上前的匪寇直接一箭穿胸而死，临到死也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谁？剩下四个山匪惶恐大叫道：“楚一，一箭一人，准头准到可怕。”楚一已经有很久没有碰弓箭了，但那股射箭的力度却仍旧强盛的可怕。 待到那五人尽数被射杀，楚艺骑着马出现在孟唐面前，孟唐松了口气。夜色太黑，也没来得及细看，他眼里渗出晶莹的泪珠，楚楚可怜道：“陛下，您总算来了。”男人居高临下，手上的马鞭用力挑起他的下巴，玄黑的华服将他脸色衬托的苍白可怕。孟唐这才察觉到不对劲，一看一旁的好感进度条，顿时倒吸了一口，好感值二十四。24, 孟唐暗道一声不好，楚艺是个多疑的帝王。男人目光很是沉凝，孟唐知晓。 此刻他已经愤怒到了极点，恐怕就连他方才那些诓骗匪寇的话，他也听见了，并且还信了，否则好感不会一下子跌了一小半，简直是在要他的命。下巴被粗糙的马鞭抵得有些疼，但孟棠没有反抗，他眼角发红，眸中水光盈盈，说道：“臣妾就知道陛下一定会来，陛下果然来了。”楚意打量着他，他这副柔弱样很是动人，像是没经历过风吹日晒的花骨朵，只能攀附着他成长。往日里，楚意瞧见这样的孟棠，定是要心软了，好生哄着他。 可此刻，他眼眸越发冰寒，口中吐出的字句都仿佛带着冷气。哦，你为何觉得朕会来？朕的紫瞳可真是好啊，丢下朕一个人走了，枉费朕待你一片真心，为你赴汤蹈火。朕的紫瞳转眼就可以将自己许给山匪，丝毫不顾及朕的颜面。他森冷的语气将这夜色都搅得冷了几分，月光将他脸衬托的凉薄极了，唇角似笑非笑的模样，满是讽刺。陛下，孟堂睁大眼，泪珠子顺着眼角滑落，他一下子跪在了地上，说道。 陛下竟信了臣妾的那些话，那些只是臣妾的缓兵之计啊！陛下，臣妾怎会真的跟他们走？孟棠不禁怀疑楚逸脑子是用什么做的，该信他的时候不信，不该信的时候却信了个全。孟棠羸弱的身子轻颤着，仿佛风一吹就能倒，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说道：“先前臣妾看那些追兵追上来，臣妾势不得已，不得已之下才会将陛下留下，独自引开那些山匪。臣妾对陛下的一颗真心，日月可见。难道在陛下眼里？” 臣妾真是那种贪生怕死之徒吗？必须打消楚意的疑虑，否则好感还会继续跌。孟棠真是经历了一把大喜大悲，涨到五十四那会，他还觉得狗皇帝终于有人性了，肯施舍点爱给他了。结果一下午过去，一朝回到解放前，狗皇帝还变得更多疑了。男人不语，似在衡量这话的真假。他见过很多人为了权势地位昧着良心讨好他。自从母妃死后，楚意便已经不再轻信任何人了，也不会付出自己的真心。对待他人时总是有所保留，即便在对孟棠时亦是如此。 否则便不会在每次侍寝过后都送来一碗补药了。楚仪冷笑道：“季子彤说是为了引开追兵，为何我醒来后地上只瞧见你一人的脚印，追兵呢？”孟唐大惊：“那是因为一场大雨把脚印都给冲完了。”你个狗皇帝，不仅多疑还下，孟唐气得直抖，他哆嗦着唇瓣说道：“臣妾离开后下了一场大雨，脚印自然是无法留下的。唯有陛下身边没有沾雨，才能留下臣妾的几道脚印。”孟唐闭了闭眸，柔弱的身子晃了晃，他说：“陛下是不信臣妾吗？” 孟唐蓦地起身，谁也没料到他用力拔出楚意身边侍卫的刀，随即横在脖子上，笑得凄楚。继陛下不信臣妾，臣妾唯有以死来向陛下证明臣妾的一颗真心了。孟唐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他是真的拿着刀往脖子上抹，很快脖梗上便见了红。速度之快，身边人皆没有反应过来。紫瞳<童>，楚意一惊，连忙下马。男人抬脚一踹，便将他手上的长刀踢飞了出去。即便如此，孟唐脖梗上依旧留下了一道鲜红的伤口，伤口不深。 却足够刺眼。孟堂红着眼眶道：“陛下何必拦着臣妾，让臣妾去死，也免得叫陛下见了心烦。”楚意现在确实很是心烦。他攥住孟堂的手腕，语气阴冷：“你是朕的人，是朕的妻子，没有朕的允许，谁准你去死的？”孟堂脸色凄婉极了。他说：“原是臣妾做错了，臣妾怎么做都是错的。”臣妾……他话未说完，终是脱力，双眼一闭，晕了过去。柔软的身子不偏不倚，倒在楚意怀中。楚意呼吸蓦的急促了几分，唤道：“孟堂 孟棠，莫要给朕装晕，此乃欺君之罪。这晕嘛，是必须要装的。解释完后，狗皇帝又不听，胡搅蛮缠，只能装晕，让他一个人冷静冷静。李长福过来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皇后娘娘是真的晕过去了。”楚艺瞧着怀中人，温婉可人，比后宫里任何女人都要乖巧听话。他又想起先前他和山匪的那番对话，猝然见气不打一处来。谁知那乖巧听话的样子，是不是装的？李长福劝道：“陛下，娘娘说的在理。” 奴才们在找到陛下前，确实下了一场大雨。楚意眯了眯眼，问：“谁准你多嘴？”李长福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陛下，奴才错了。楚意冷哼一声，将孟堂推给李长福，说道：“你带他回去。”话落，楚意独自上了马。李长福自然是不敢不应，连忙抱起孟堂楚意却忽的侧手打量他，在楚意的注视之下，李长福抱小心翼翼，生怕惹了陛下不快。李长福是个太监，太监没根，不算个男人。 可不知为何，瞧见孟棠温软的靠在李长福怀里，楚艺心中的妒意又开始作祟。他气孟棠丢下他一人不假，却也不想让旁人轻易碰了他去。李长福抬眸，战战兢兢的与他对视。陛下，楚意再次下马，走到他身前，将孟棠接了过来，道：“算了，瞧你抱的那般费劲，连个女人都抱不动，没用的东西。”李长福，他明明抱得很稳，哪里费劲了？分明是陛下不想叫旁人碰了娘娘去。行，陛下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李长福极有眼色的应声道。 奴才这些年一直居于宫中，身子一年不如一年了，确实抱不动人了，是奴才的不是。等回宫后，奴才定然加强锻炼。厨艺将孟棠裹在大氅中抱上马，孟棠将外界的一切听得清清楚楚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心想：厨艺这厮就是见得慌，得虐，否则这狗脾气只怕一辈子都不会改。回灵感寺，这灵感寺，厨艺将人抱进屋，连忙对外面的下人道：将随行太医找来，尽快。是，陛下。厨艺将人放在床上，屋内只剩下他们二人。厨艺伸手。 想去摸摸他的小脸，即将碰到的那一瞬，楚艺猛地收回了手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朕不信你。”不多会，太医背着药箱匆匆赶来，替皇后看看。楚艺话落，便站到一旁，在楚艺火热的注视下，太医如芒在背，慌张极了，连诊脉的手都在抖，心想陛下这是吃了什么，火气这般旺，像是要将他盯出个洞似的。太医替孟堂包扎好脖子上的伤口，又写了副方子，随后跪在地上对楚艺道：“陛下，娘娘只是精力虚皮，过于劳累导致的昏睡。” 不是什么大事，微臣开复方子给娘娘补补身子就好。至于脖子上的伤口，差一点就要割到要害处了。说完，太医愤愤不平道：“这些山匪真是可恶，下手毫不留情，竟差点害死娘娘。好在陛下救援及时。”太医只以为孟堂脖子上的伤势山匪造成的。楚仪闻言，眸色深了许多。也就是说，方才他是真的想要自刎的吗？出去吧！太医如蒙大赦，连连道：“微臣告退。”屋内当即又只剩下孟堂与楚仪二人。孟堂一开始是装晕。 后来便是真的累得晕了过去，毕竟长途跋涉了一天。待到他醒来时，瞧见床边坐着的楚艺楚艺闭着眸，意在小憩，头轻轻靠在床柱上。孟棠下意识看向好感度，三十二涨了些许，也就是说楚艺还是信了他些的，只是这涨幅实在令他不能满意。孟棠拿起一旁的薄被往楚艺身上盖，楚意腼腆并且警醒，立时睁开眼，攥住他手腕。当看清眼前人是谁后，力道不自觉放松了些。陛下，嗨嗨。孟唐悠悠唤了声，楚意松开手，孟唐道。 臣妾已经无事了，陛下不用担心。楚意却眯着眸，起身道：“谁担心你？经历方才那么一遭，楚意已经冷静了下来。”孟堂听此，脸上难掩失落。楚意说：“皇后，朕气的不是你和山匪间的那番对话，朕是气你丢下朕。不管是什么理由，你都丢下了朕。”瞎说，狗皇帝明明就是气他那样说了，也气他抛下他不管。楚意继续道：“难道在皇后眼里，朕是那种只能有福同享，不能共患难的人吗？”孟堂真是气笑了，他拿命替他引开追兵，还成了错了。 这狗东西就是在胡搅蛮缠。有一瞬间，孟唐真不想伺候了，但他很快还是冷静了下来。他半撑起自己的身子，深情款款地望向楚艺说道：“臣妾宁愿自己身死，也不想让陛下面临险境。倘若今日臣妾真的被那群山匪侮辱了，臣妾便会自行了断，再也不会出现在陛下面前，脏了陛下的眼，辱了皇家脸面。”这话激得楚艺用力掐住他的下颚，迫使他抬头看清他脸上的每一分表情与眼神。如若眼前这些都是假的，那他也太能演了。朕说过。 你是朕的人，你的命也是朕的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你不准死。不管是面临何种境地，你都不能死。他手下微微用力，面前浮现出他赶过去看到的那一幕。若是他慢一些，许他就真的要死在那群人的手上了。孟堂勾了勾唇，他笑得很勉强。他道：“今日是不是不管臣妾说什么，陛下都不会信？”他闭上眼，做出失望的模样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您弄疼臣妾了。”楚意缓缓松手，他试图说什么，说他信了，他不是故意丢下他的，但丢下就是丢下了。 楚艺很是气恼，他不知道，他宁愿和他同生共死，也不想他舍身救自己，否则他跳下悬崖又是为了什么？你好生歇着吧，楚艺冷声道。话落，便转身离去。方宁见陛下走了，急匆匆走进来，担心道：“娘娘，您还好吗？”她不好，她一点也不好，她辛辛苦苦刷上去的好感都没了。方宁见孟棠眸中溢出了泪水，连忙安慰道：“娘娘，您别难过，今夜陛下在这里守了一夜呢，看得出来，陛下还是很在乎娘娘您的。”你懂什么？ 他根本不需要楚艺的在乎，只想要他失去的好感度。谁在乎楚艺怎么想呢？他得下副猛药了。楚艺回到书房，李长福谨慎地伺候在一旁。楚艺看了两个折子，心里越发不是滋味。他抬眸望向李长福，开口：“李长福，奴才在。你觉得朕是只能有福同享，不可共患难之人吗？”李长福听到这话，猛地跪了下来，他冷汗连连，道：“陛下是大庸历代以来最好的明君。”明君。楚艺冷笑：“朕耳朵不聋，外界传朕是明君还是暴君？” 朕难道听不见吗？别扯什么明君，也别拍朕的马屁。朕说的是皇后。李长福心知此刻陛下正因为皇后内心不悦着，他道：“娘娘自然是为了陛下好。”楚艺听此，微微皱眉。李长福连忙又道：“但娘娘不懂陛下的心，陛下对娘娘情深至此，陛下其实也不想看娘娘出事。”这话似乎让楚意舒心了。楚艺眉头缓缓舒展开。他今日敢丢下朕不管，敢抛下朕一个人，来日便敢因为其他事再次抛弃朕，朕心里好生不悦。那陛下信娘娘是为了自个安危才抛下陛下的吗？ 信娘娘对山匪说的那番话吗？厨艺承认，他自个一开始听到那些话的时候，气血上冲，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如今冷静下来，孟棠说的不无道理，且他都已经以死明志了。厨艺不信天，不信的，只信自己。但这一遭，他却想信一下孟棠对自己的情谊。他信孟棠毫无保留的爱着他。想至此，厨艺刚要说什么，只听侍卫匆匆忙忙走进来：“陛下，方才皇后娘娘出了门，去找了灵感寺主持，说是要……是要……吞吞吐吐个什么，直接说。” 皇后娘娘说明日祭天大典过后，她就不回宫了，要留在灵感寺清修，为陛下诵经祈福。楚意脸色一变，慌了，她要留在灵感寺，谁准的？楚意豁然起身，侍卫生怕受到牵连，连忙道：“娘娘说她已遭到陛下厌弃，自是无法再留在陛下身边，不如常伴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，也算是为陛下积了福。积福。”楚意气笑了，他说：“这算哪门子的积福？朕允许他这么做了吗？如此擅作主张，亏他还是皇后。” 侍卫冷汗连连道：“皇后娘娘也是这么说，说她在后位上毫无建树，因此不如留在灵感寺做个普通清修弟子。说她实在不配为后。”厨艺乌黑的眸满是阴沉。他问：“皇后现在在哪？”和玉印禅师在明月堂论经。带路是陛下。昨日刚经历过山匪的洗劫，山匪已经被侍卫尽数拿下。灵感寺虽受了影响，但好在祭坛没被毁，祈福大典可正常进行，只不过推迟到了明日。厨艺气势汹汹的往明月堂赶。明月堂，孟堂抬眼。 看了眼夜空，今夜无月。他道：“听闻禅师是有大能耐的人，陛下曾经想召禅师为国师，被禅师所拒。”他对面坐着一个白衣胜雪的僧人，僧人面容温润，唇角噙着浅笑，他看起来也很是年轻，不似传闻中的那般以七老八十。玉印禅师笑着开口：“都是传闻罢了，贫僧不过是小小的住持，平日里闲云也喝惯了，哪有能耐去做那国师呢？”哦，孟唐目光落在他身上，面前的僧人气度不凡，当真有种超脱世俗的感觉。他也笑着说道。 本宫早就听人言，玉印禅师是个妙人。如今一看，果真如此。玉印回道：“贫僧也听闻皇后娘娘是个妙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不凡。”二人执起手上的茶盏，微微一笑，接饮了一口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禅师，外头人都说禅师算卦极准，不若替本宫也算上一卦，如何？玉印禅师没有拒绝，他眯了眯秀气的眸子，随即忽而一笑，说道：“娘娘非此是中人。梦堂亚裔的妄想”孟堂讶异的望向这玉印禅师，果真有两把刷子。哦，此话怎讲？ 孟唐问玉印，慢悠悠道：“娘娘这具身体的气数已经尽了，本该是个死人，可偏偏娘娘还活着。”孟唐笑了。玉印问：“贫僧算的可准？”孟唐淡笑不语。他又道：“既如此，禅师再算算本宫的未来。本宫想知道，本宫所愿还有希望成真吗？”玉印放下手上的茶盏，他眉头微微蹙起。孟唐静静等待。他觉得这个禅师不简单，说不定有他能回去的办法。 搞不好真要在这灵感寺留一段时间。孟唐眼睑微垂，脸眸深思。玉印清澈的声音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。他道：“贫僧算了一卦，砍上砍下，说人话。”孟唐不悦的看着他，玉印并不计较，笑着说道：“大兄身陷困境，没有出路。”孟唐一怔，一股愤怒感猛地席卷而来。他语气不怎么好的问：“果真没有出路？”玉印摇了摇头。孟唐不知不觉间捏碎了手上的杯子，脸色难看的厉害。过了会，他道。 本宫不信天，不信地，亦不信你算的。玉印唇角微微勾起，道：“娘娘既不信，便也没有问的必要了。”孟堂一阵沉默。玉印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，说道：“今日一见，娘娘果真是个妙人。”陛下道：“外边的小太尖尖的嗓子叫道。”孟堂回过神，玉印问他：“娘娘还要留在灵感寺清修吗？”贫僧可以帮娘娘。孟堂深深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一会该怎么做，你该知道。”玉印笑得意味深长：“娘娘，卦象只是显示未来，然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不是吗？” 孟堂扬了扬眉，说：“你说的不错，你算的再准，也总有算错的时候。”楚意走进院中，便瞧见院子石桌前，孟堂和玉印相对而坐，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。孟堂起身与玉印谈话时的从容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柔弱无依。他拿扇子遮住脸，眼神怯怯地望向楚意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臣妾惹了陛下厌气，臣妾已是罪人了，无颜面对陛下。”楚意上前，孟堂便后退。陛下，还请陛下允了臣妾，让臣妾剃度出家，在寺庙清修。 灵感寺有专供女尼修行的庵堂，里面待发修行或是剃度出家的女尼不在少数，多是些可怜女子。楚意见她离他那般远，不肯叫他靠近。楚意心中一阵钝痛，他沉着一张脸道：“紫瞳，你给朕过来，不要让朕说第二遍。”孟堂眼里蒙了一层雾气，玉宇还羞地看着他。他说：“陛下恕罪，恕臣妾不能。臣妾如今怎还有资格留在陛下身边？”玉印禅师也说了，说臣妾是有佛缘之人，若臣妾一心向佛，必能保大雍风调雨顺。话落。 孟棠轻飘飘瞥了玉印禅师一眼，玉印感叹：“女人真是可怕，变脸之快无人能及。还好她已经剃度出家，这辈子都不用娶媳妇，否则被这般的女人盯上，谁能说得上是幸运还是倒霉呢？”玉印配合道：“陛下，皇后娘娘确实有大佛缘。如今山河不稳，近几年水患频发，流民失所。皇后娘娘若能留在寺内祈福，必能感动上苍。楚意从不信鬼神，更不信玉印口中这些神神叨叨的话。他手指向玉印，说道：‘他就是被你这野和尚给蛊惑了。’玉印，好吗？” 需要他的时候就是圣僧，不需要了就是野和尚。他怕不是要掉脑袋了。果真，下一瞬，只见楚艺冷着脸道：“玉印禅师蛊惑圣听，拖出去斩了。”玉印瞥了孟堂一眼，心想：“你们夫妻真好玩，拿我命来玩。”孟堂一惊，吓得花容失色。他道：“陛下不可，明日祈福大典还需圣僧操持，且要留在灵感寺是臣妾的决定，与玉印禅师无关。臣妾也想为陛下为民祈福，恳请陛下宽恕。”楚艺眸子微沉，冲着他招了招手。他道：“不想他死。” 那好，乖乖到朕的身边来，不要让朕说第三遍。若再惹朕不快，朕立马让这和尚人头落地。玉印摸了摸鼻子，楚艺和玉印相识不短，两人深知对方的脾性，说楚艺真的会砍了他，玉印是是不信的。楚艺是杀却不滥杀。孟唐好似真的被吓到了，快步朝楚意走来。孟唐咬着唇道：“陛下何必如此？反正陛下已经厌弃了臣妾，陛下不想见臣妾，臣妾便留在寺庙，不好吗？”谁说朕厌弃了你？楚艺烦躁道。孟唐瞥了眼好感度，涨到了三十八。 但还不够。孟堂扭过头，细声细语道：“陛下分明还在怨着臣妾，让陛下不高兴是臣妾的错。臣妾甘愿留在灵感寺洗刷自身罪孽。”楚仪此刻一听到“灵感寺”三个字，就头痛的不行。他用力抓住孟堂的手腕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敢！”孟堂蹙着眉，他说：“陛下，您这是何苦呢？瞧见我，您不开心；瞧不见我，您一时不开心，便全当没我这个人，忘了臣妾，这样不好吗？”楚仪死死盯着他，他道。 你莫要如此胡搅蛮缠，留在灵感寺剃度为尼。你可曾想到你父兄会怎么想？孟唐语气凄凉。原来陛下是为了安抚我父兄，怕我父兄因此事心生怨恨。楚意张了张嘴，孟唐凄婉地笑了笑，他眼里噙着泪，说道：“陛下放心，臣妾会写家书告知父兄，出家是臣妾自己的决定，是为了陛下和天下山河好，与陛下无关。我父兄皆是讲理之人，不会因此而迁怒陛下的。”的玉英看得目瞪口呆，抹了把自己的光头，感叹：“好在他不用娶媳妇，真可怕。” 玉印咳嗽了两声，说道：“陛下，娘娘是有远见之人，不会让您陷入两难的境地。您若是对娘娘没有了情意，不如放她在寺庙修行，对您对天下而言都是莫大的好处。当日孟家威势重，楚意不得不娶孟唐，让她在宫中位置。且这个破主意还是玉印想出来的。玉印曾言，唯有孟家女堪登皇后重任。如今孟家已被楚意一步步架空，自是没有了昔日的威胁。可朔北军却仍旧不可小觑。但楚意不肯放孟唐走，却并非是因为朔北军，而是因为他的私心。” 他舍不下孟棠，他无法忍受这个温柔的女子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对他不认识的人笑，将温柔给予旁人。玉印的话让楚艺内心不舒服极了，好似他娶孟棠就是为了牵制孟家一般。虽一开始的确如此，这两年却已经不一样了。楚艺脸色难看，道、哦：“你这和尚若再妖言惑众，朕拔了你的舌，真是好凶。”玉印瞥了孟棠一眼，便不再说话。瞧出天子此刻是真的愤怒的紧，楚艺不再言语，攥着孟棠的手就往明月堂外走。他声音悠悠从远处传来。 野和尚若是闲得无事，便去青州将鲁威王残不平了。明日祭天过后便动身。玉印脸色一变，他只是个和尚，为什么总让他干些上战场的事儿？小沙弥走进来，瞧见住持臭着一张脸，心情不怎么好的样子。小沙弥好奇问道：“圣僧，您怎么了？”玉印玉印望着漆黑无边的夜色，说道：“流年不利，交友不慎罢了。不过皇后娘娘真是个妙人，说不定真能改变大庸，改变陛下。”除一将孟堂带回雪落阁前院，大多被那群山匪烧毁。 这是灵感四位孟棠准备的新居所，楚意将人一把拽入屋中，屋里头亮着灯火，一跳一跳的，照亮了楚意黑沉的脸。孟棠张了张嘴，楚意说：“朕的皇后半夜有空去会那野和尚，想来身上的伤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”孟棠看到楚意那炽热的、充满占有欲的眼神，暗道一声不妙，该不会又让他侍寝吧？没多久，天都要亮了，孟棠后退了一步，假咳了两声，道：“嗨嗨，陛下，臣妾身子不适，朕看皇后好得很，与那野和尚谈笑风生。”楚意捏住她的下巴。 随即起身，他贴着她的唇，低声道：“皇后，你以为那野和尚是什么好东西吗？昔日撺掇朕娶你的，便是他。”孟堂双眸微微睁大，这回是真的惊讶了。所以他说的话不可信，懂吗？且放朕的皇后在寺庙出家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，朕不会允许，也不可能允许。厨艺碰到他柔软的唇，心头热了，栖身上去，一只手臂勾住他纤细的腰肢，疯狂的撕咬了上去。他是狼，是野兽，又是啃又是吮。孟棠一直知道他凶狠。 可今夜的厨艺好似格外凶狠，将他唇咬破了皮，尝到了血腥味。厨艺内心的暴躁，在这欲望之海中尽数宣泄出来。他勾着他的舌，用力吮着。孟棠被他吻得舌头发疼。陛下，陛下，明日还要祈福呢。孟棠断断续续的声音从唇齿间溢出来。他说：“朕知道。”陛下，快要天亮了。他说：“朕知道。”男人唇舌在他唇上流连，随即往下，没入到他脖颈间。孟棠雪白的脖颈被吸出好几道可怖的红痕。孟棠说：“陛下。” 咦，别再亲了，衣裳遮不住那儿，那便不遮了。看哪个野寺破庵会收你这等浪荡之人？谁浪荡？究竟是谁浪荡？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楚意将他抵在门上，重重欺着。楚意穿好衣服，孟堂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，他道：“陛下，您消气了吗？”楚意不语。孟堂装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，他说：“您肯定还没有消气。往日里事情完，陛下都会赏赐臣妾补药。先前在山洞时他就没服药，现在再不服，孟堂是真怕自己有了。” 他有意提醒楚艺该给他喝避子药了。楚艺系衣带的手僵住了，他站在原地，沉默不语。孟唐瞧见他这样，脸上难掩失落。他道：“到底是今时不如往日了，陛下已厌弃臣妾，到连一碗补药也不肯给了。嗨嗨，也罢，臣妾这破败的身子，喝再多药又有何用呢？终归是无子的命，臣妾原也不配喝这补药。”他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，一身痕迹可不急了，一副被人糟蹋了的样。楚艺注视着他，他的皇后哭得情真意切，是真的在因为那碗补药而伤心。 因为得不到帝王的赏赐而痛苦，他娇弱的身躯微微颤抖，眼眶泛红，泪珠子一颗一颗往下落。楚意冷硬的心因此而柔软了一瞬。那不是补药，那是害他无子的避子药。子潼当真想喝？楚意问。孟唐抬头，眼角带着湿痕，说道：“臣妾如今还有资格喝吗？”“哼，必须喝。他一点也不想怀，说不准还能借此让狗皇帝联系上他几分好感，也能涨得快些罢了。想来那要珍贵极了。陛下以后赏赐旁人罢，臣妾喝着也是浪费，不如不喝。” 说完，他又轻轻咳嗽了两声。楚艺瞧他一副虚弱样，若是有一日他得知真相，知晓那药实则是避子药，不知该何等伤心绝望。楚艺本也没打算断了这药，不管对他还是对孟唐而言，现在都不是适合有子嗣的时候。楚艺向他走来，手指抹去他眼底的湿润，好生哄了一句：“一会朕派人给你送来，别哭了。”孟唐听此，那双雾蒙蒙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许多，有光了。臣妾，臣妾真的可以吗？如今的臣妾还能得到陛下那样好的赏赐吗？他说着说着，又要垂泪。 楚艺摸了摸他苍白的小脸，说道：“你没有资格，谁有资格？想喝就喝，只是不要再与朕提提罚清修的事了，知道吗？”孟唐咬了咬唇，缓缓点了点头：“臣妾知道了，知道就好。你一提那是朕就生气，朕生气了你也不会好过。别让朕生气，梓潼，你想要什么，朕都会给你。虚伪，他想要孩子，他就绝对不会给。”孟唐看了眼好感值，睡了他一晚上没涨，还是三十八，就是说些漂亮话哄他。 漂亮话谁不会说呢？孟堂闭上眼，依赖的在他掌心蹭了蹭。他道：“臣妾知道了，若是陛下所愿，臣妾必不会违背。臣妾不会再有那样的想法了，哪怕是为着陛下，臣妾也会好好做着皇后的。”楚意见他如此乖巧，心气顺了许多。朕的梓潼一直都很懂事，先前的事朕信你，但抛下朕这件事，只那一次，以后不准了，明白吗？说到后一句话时，他眼神骤然变得锐利。孟堂柔声开口：“臣妾明白了，他爱他的乖巧。” 一沉迷于他痴情的注视，楚意起身到了屋外，吩咐道：“去让太医熬了补药送来，按老方子熬。”是，陛下。楚艺吩咐方宁道：“照顾好你们娘娘，让你们娘娘睡会，祭天大典前再叫醒她。”方宁扶了扶身子，陛下放心，奴婢明白了。待到楚意离去，方宁喜滋滋地走进屋，冲着孟棠拜了拜：“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！”孟棠一脸莫名：“有什么可喜的？”方宁笑眯眯道：“娘娘终于和陛下和好了呀！陛下走之前可关心娘娘了，特地让下人去熬了补药送来。” 还让奴婢照顾好娘娘。孟唐眼神平淡无波，他道：“是吗？”楚一虽嘴上说着信他，不怪他了，那好感别说长回来，却丝毫没动。心底到底是介意的，丢失的好感一时回不来了。猛药下的还不够重，得让楚一哭一哭，也体验一番伤心痛苦。方宁过来伺候他躺下，他说：“昨夜陛下在您这些了一夜，想来如今气已经全消了。陛下不怪娘娘了，以后娘娘的恩宠照旧，这就是天大的好事。陛下和娘娘和睦，我们这些下人也能沾沾光，也是。若是得不到他的圣宠。” 满坤宁宫的人都会随本宫一起被欺压，娘娘，奴婢不是那个意思。您看这半年来，您盛宠不衰，各宫的小主们哪个不羡慕嫉妒您？别说了，本宫睡会，时候到了叫我。是，娘娘，事情真的很累，尤其楚玉这狗东西，还是在他身子还未好全的时候就让他侍寝，更累了。前两天匪寇攻山，萧红云院子离楚一近，躲过一劫。后来知晓孟堂和陛下一起坠崖后，还担心了好久。如今得知人找回来了，便忍不住想来瞧瞧。敲门前，萧红云说：“采薇。” 本宫不是担心她，本宫只是想来看看她死没死。采薇连连点头道：“是是是，娘娘您才不关心皇后呢。”萧红云点了点头，继续道：“真没出息，将门之女竟然会被区区山匪逼到坠崖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”本宫就是来看她笑话的。采薇立马应声：“可不是，真是太好笑了。换做娘娘，您绝对不会坠崖呢。”萧红云瞥了她一眼，说：“只准本宫笑话她，你不准笑。”采薇服了，她立马道：“我怎么敢笑皇后娘娘呢？” 娘娘，您多虑了。萧红云咳嗽了两声，清了清嗓子，这才敲响了明光阁的门。方宁打开门，萧红云倨傲道：“本宫听闻娘娘出事，特地过来瞧瞧。皇后娘娘身子可有好转？”方宁犹豫一番，说：“皇后娘娘正在歇息，现在恐怕不妥，我只瞧一眼便走。”如今方宁已经知晓，这萧妃虽看起来是个跋扈的，其实人傻得很，口是心非。念着他们娘娘的恩情，屋内传来一道轻咳，孟棠问：“是谁？”“娘娘您醒了。”“是萧妃娘娘过来了。” 让他进来。萧红云走进屋，他不知昨夜孟堂侍寝的事，如今见孟堂脸色苍白，毫无血色，身子瞧着更虚弱了，心里颇不是滋味。这孟堂怎么总是遇到这种倒霉事？不是这里受伤，就是那里受伤。妹妹，做孟堂指了指旁边的椅子。孟堂只睡了一个多时辰，萧红云瞥见了他脖子上一块块红痕，可不急了。他皱着眉道：“你脖子上可是被山下的蚊虫咬了？”妾身听说这山里的蚊虫最是毒，娘娘您没事吧？妾身从宫中带了止痒药。 一会让采薇给您送来。说完这话，他连忙找补道：“我可不是担心你，不要自作多情。”孟棠，萧红云还是一如既往的天真单纯加傲娇呢。孟唐柔声开口：“本宫明白，妹妹不必多说。本宫知道妹妹厌恶本宫，厌恶到不想多瞧一眼。如妹妹这般冰雪聪明、机灵直爽的女子，世间真是少见了。”萧红云没听出什么不对来，他抬了抬下巴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之前你又帮了我一次，前两日我也帮了你，我两之间又两不相欠了。” 皇后娘娘以后还是莫要这般软弱了，有点将门女的血性。瞧瞧，蚊虫都能气到你头上去。太医将熬好的补药送来，方宁端进屋说：“娘娘，不要熬好了，还是热乎的，您赶紧服下吧。”孟堂接过汤匙，在碗中搅了搅。萧红云看到这一碗乌黑的药，问：“这是什么药？味道也忒难闻了吧？”方宁没忍住笑出声来，他解释道：“这是陛下特地赏赐给我们娘娘的补药呢，补身子用的，满宫只有我们娘娘有。”萧红云闻言忍不住多瞧了那两眼，眼热了。 这药真有那么好？可不是，陛下御赐的药能不好吗？萧红云眼巴巴的看着那碗药，有些眼馋。孟唐问：“想喝？”萧红云当时红了脸，说道：“谁想喝了？我身子好着呢，根本用不着喝这些药。也就你这种三天两头病歪歪的，需要喝药，也不怪陛下赐药给你。先把你这破身子养好吧。”瞧着跟被马车碾过了似的，孟唐说：“想喝，妹妹可以尝一口。”萧红云还真想尝尝御赐的补药是什么滋味，她还从来没有喝过呢。 孟堂盛了一勺递过去，萧红云浑身都是软的，唯有嘴是硬的。他说：“我才不是眼热你的补药，只是你这里下人实在疏于防范，竟连个试毒的人也没有，只好让妾身替你试毒了。”这别别扭扭的话让孟堂心情好了许多。萧红云可真是个小开心果。萧红云接过，用舌尖小心翼翼地舔了下，下一瞬，他就被那浓郁的苦涩和辛酸弄得干呕不止。萧红云丢下勺子，捂着胸口拍了拍，便连脸色都白了几分。他难以置信道：“这也太难喝了。”方宁说：“药嘛，哪有好喝的？对身子好就可。” 这种补药我可销售不来，娘娘您自个留着喝吧。孟堂直接一碗干了，萧红云看得目瞪口呆。我该起身了，一会祭天大典要开始了。萧红云瞧他也没大事，就是脖子上有道不深的伤口，以及被蚊虫啃了几口，过几日就能好的样子。萧红云起身道：“那妾身就不叨扰了。”萧红云走出明光阁，她拍了拍胸，脸色不好看，道：“那补药真是太可怕了，只尝了一口，差点把本宫早膳恶心的吐出来。”采薇顺着他的话问：“真那么难喝？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？本宫总觉得心里有点慌。” 采薇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娘娘怕不是又想多了。你忘了上次我心慌眼皮跳的时候，穿了云锦被陛下咽气，我的预感向来很准。”他招了招手，附在采薇耳边：“皇后娘娘的那补药，你偷偷去太医那弄一份。”采薇惊讶道：“您也要喝？我送回家让家里大夫验验。这味道总给我一种不好的感觉。若真是补药，我也弄几副。若不是……”采薇讶异的看着他，惊讶于自家娘娘竟然长心眼了。她连忙道：“娘娘放心，我会找人去偷偷弄一些的，绝不叫人发现。” 祭天大典，帝后二人站在祭坛上，百官跪拜。一眼望去，乌压压的人头。楚艺朝他伸出手，道：“紫潼，站近一些。”他瞧着孟堂苍白的脸，有些心疼，心想昨夜还是闹得太狠，他身子正虚弱，他不该那般索取。不过他都那般索取了，他的紫潼却依旧那般顺从他，显然爱他爱到了极致，不管他做什么，他都会纵着他。楚艺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孟堂完全不知道楚艺所想，跟着楚艺念祭词。烈日下，祭天进行了一个多时辰。 官员们跪在下方，扛不住，忍不住拿袖子擦汗。楚艺一心疼孟堂的身体，尽早结束了祭天大典。官员们顺着台阶往祭坛下走的时候，不远处隐隐闪过一道寒芒，谁也没发现，一支锋利的剑此刻对准了这方。玉印禅师站在高塔上，手上搭着弓，眯着眼对准了远处祭坛上的楚艺。他想起方才孟堂和他的对话，祭天大典开始前，孟堂来找了他。玉印禅师看到了一身宫女装扮的皇后娘娘，淡定的站在他院中，他直言了自己的来意，帮我个忙。玉印惊讶的看着他，问。 娘娘恐怕找错人了。孟唐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圣僧也可以不帮。等祭天大典结束后，本宫就去和陛下说说圣僧与我私会于此。圣僧夸本宫是个妙人。”玉印秀气的眸子微微瞪大：“贫僧何时私会你了？但圣僧的确说了本宫是个妙人这样的话，还说了不止一遍。谎言嘛，就要真假参半才能叫人信服。你猜陛下会不会信本宫？厨艺那般多疑，玉印光是一想便头皮发麻。若真惹了楚艺怀疑，那人恐怕会丝毫不念旧情。” 真把他拖出去斩了！玉印深吸了一口气，道、哦：“娘娘有什么忙需要贫僧帮？可以说说看。只是贫僧能力有限，不一定能办到。不，你一定能办到。昨日我派人查了你的底细，咱们圣僧真厉害，竟在军中度过了五年，替陛下上阵杀敌。听闻阿卡木族还特地为圣僧起了个称号——鬼面玉僧，因为圣僧每次杀人都会带着鬼面。真不错，想不到圣洁无瑕的圣僧，竟与陛下是同类人。”玉印，玉印自暴自弃道：“行，您说吧。既然娘娘都说了，贫僧能够办到。” 那贫僧会尽力而为。玉印表面瞧着神圣不可侵犯，内里实则一肚子坏水。头回被人给拿捏住了。孟唐道：“我要你安排一场刺杀，如何刺杀不重要，刺杀的对象是陛下。你疯了？本宫自然没疯。”他目光轻飘飘扫了玉印一眼，说：“放心，本宫不会让陛下受伤。本宫怎么舍得呢？”玉印皱起眉：“若不信，圣僧可就此事替陛下算一卦，看看陛下今日会不会受伤见血。”玉印确实也算了，这卦象落在楚艺身上，皆是吉兆。 孟唐没有说假话，玉印稍作沉思，便明白了。那这场刺杀必然是孟唐用来安排笼络圣心的。玉印瞄准祭坛上的楚艺，一阵咬牙，真是疯子，夫妇两疯一道去了，一个自私冷情，一个伪善无耻，还挺配。玉印再次感叹，自己不用娶媳妇，这种媳妇谁敢娶？和聪明人说话的好处便是，无需多言，对方便俨然知道该怎么做。玉印是如此，孟唐也是如此。玉印松开手，那支利箭疾射而去。祭坛里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一幕。 甚至根本没意识到暗处的偷袭，唯有孟堂反应极快，他惊呼一声：“陛下，小心！”话落，奋不顾身地扑了过去，挡在楚艺身前。噗的一声，利剑入体的声音，这剑从后心穿胸而过，孟堂身体晃了晃，那双往日里情意绵,绵绵的眼睛一点一点灰暗下来。楚意连忙将人搂入怀，打横抱起，叫道：“太医，宣太医，速速让太医滚过来！”这猝不及防的一剑，谁也没有料到，大片大片的血从他胸口冒出。这一瞬。 楚艺内心顿顿的痛，鲜艳刺目的红染红了楚艺明黄的龙袍，血流如注，跟泉眼似的往外涌。帝王那双向来镇定从容的眼睛，头一回出现了慌乱。血流的实在太多了，刺鼻的血腥味一下一下的刺激着他的神经。楚艺抱着他，连忙走下祭坛。梦晕和梦魇焦急的挤过人群跑了过来。唐儿，梦晕眸子缩了缩。楚艺强制镇定，可他抱着他的手是抖的。他说：“子枫，唐儿这里有我，你带人快去对面的灵隐塔寻人。这一箭正是从那里射出，不要让罪魁祸首跑了。” 可是唐儿，楚艺眼神坚定，他说：“快去，莫要让朕说第三遍。唐儿这里一切有朕，不管是谁伤他至此，朕要那人生不如死。”孟云担忧的看了孟唐一眼，转身带着侍卫，大喝一声：“兄弟们都跟我走！”梦魇说：“陛下，还请把唐儿交给我。”梦魇忍了足足七年，这七年间他过的憋屈，皆是为保全家平安。可如今唐儿还是重伤了，梦魇无疑是怨楚艺的。楚艺抱着人往院中走，脚下生风，他道。 孟国丈，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，先让太医为唐儿诊治，好吗？梦魇一阵无言，待到楚艺将人抱进屋，梦魇猛地拂袖，脸色铁寒，显然怒意十足。明光阁内，楚艺浑身都是血，他顾不得自身，目光紧紧盯着床上人。楚艺问：“皇后如何？”太医手微微颤抖，他惶恐道：“陛下，这剑只差一分，就要穿过娘娘心脏了。”楚艺满脸后怕的看着他，太医手抖的实在厉害，他握住那剑的剑尾处，久久不敢拔。 实在离心脏太近，他心里没底。太医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颤抖着说道：“陛下，这件微臣不敢拔，离心太近。”楚艺脸色难看，说：“你是太医，你都不敢拔，朕要你有什么用？”老太医抖成了筛子。楚艺上前坐到床边上，孟堂此时已经意识模糊，他伸手轻轻替他擦了擦脸上的汗，说道：“紫瞳，莫要怕，朕会救你，朕绝不会叫你出事。”老太医说：“拔出来的瞬间，极有可能伤到经脉，失血过多。” 陛下，您手稳，若是可以的话，还请您来拔。好，好，我拔。楚艺伸手攥住他胸口的那支箭，孟堂掀了掀眼皮，他嘴唇碰了碰，隐隐约约说了句什么。紫彤要与我说什么？楚艺低下头靠过去，仔细的听。他说：“陛下，别怕。”声音好轻，好似一瞬间便会随着风碎去。楚艺头一回湿了眼眶，心口处也堵得难受。我不怕，紫彤，我不怕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他竟然还在安慰他。楚艺攥紧了那支箭，随即蓦地使力，用力一拔。 那血直接溅了出来，几滴溅在楚艺脸上。太医，楚艺叫道：“不用楚艺换。”太医连忙提着药箱跑了过来。太医是有经验的老太医了，处理这种伤口不在话下。楚艺正要起身，孟唐的手忽然很轻地拉了他一下。楚艺反过来握住他的小手，轻声道：“朕在，朕不走。”孟唐嘴唇碰了碰，虚弱地问：“陛下可有受伤？”楚艺眼眶热的厉害，自己都这副模样了，还在担心他。这世上真的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孟唐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付出的人了。楚艺说：“朕没事。” 你也要好好的，知道吗？孟唐目光在好感进度条上扫了扫，正在涨。果然，只有完全的付出，才能让狗皇帝的心对他回暖。楚意对人付出的每一分好，都不是白付出的。像他这种人，付出了一分，便要十分的讨回来。孟唐太想回家了，为了回家，不惜将自己置身于险境。他说：“陛下这般龙姿凤章之人，不该不该为了臣妾哭。陛下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您的泪不该给臣妾一个小小的女子。”他一句话说的断断续续，那泪水本蓄在眼眶中。楚意闻言。 终是绷不住，一滴落在了孟堂手背上。他道：“别说话了，紫潼，别说话了。”孟堂轻轻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臣妾怕，臣妾再不说，以后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”他小脸因为失血变得越发惨白。楚一伸手替他擦去脸上的血渍。他道：“不会的，朕的紫潼会长命百岁，会和朕一起活到老。等我们老了，我便带紫潼游山玩水，可好？”那可真是个噩梦。孟堂一点也不想一辈子和这个人绑在一起。他脸上浮现出虚弱的笑。 浅浅的，却看得人很是心疼。他说：“还记得先前陛下和臣妾说，说等祭天过后，带臣妾逛逛这京城。陛下这话还作数吗？”楚艺抓着他的手抵在额上，说道：“作数的。梓潼想去呢，朕都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只要梓潼能好起来。”孟堂笑容颇为凄楚，他说：“臣妾，臣妾好像没机会了。臣妾也好想好想陪陛下一起逛京城，赏初夏的园子，骑马游街，听戏曲。陛下。” 泪珠子从他眼角滑落，他说：“臣妾还有许多事情没有与陛下做，来不及了，还是来不及了。不会的，梓潼不会有事的。等你身体好全，朕带你都去做一遍，可好？”楚意声音里也带着些许颤抖，泪水在他脸颊上留下两道湿痕。他说：“陛下，陛下，臣妾好痛啊！”楚意握紧了他的手，无形中给予他力量。他说：“梓潼，忍忍，就当是为了我。”孟堂声音哽咽，说出的话已经不成语句了。“陛下，臣妾，臣妾，别说话了。” 梓潼，朕知道，朕都知道。高傲的帝王低下了头颅，男人双眼通红，他心里是真的怕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人，他温婉贤淑，是最好的皇后，也是他最好的妻子。他不愿失去她。这一刻，从不信天不信的的他，甚至想祈求上苍，不要把他身边唯一的人给夺走。孟堂重重咳嗽了两句，虚弱的脸色像破碎的琉璃，楚艺不敢碰不敢摸，生怕动一下他便碎了。梓潼，朕想要你好起来，不准离开朕。他声音微哑，眼神里透露出痛苦。还不够，这还不够。 好感度才涨到五十六，孟棠又添了把火，说：“臣妾只怕是没有机会了。臣妾想，想和陛下多说上两句话，陛下不要难过。臣妾从来，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皇后。”他说的断断续续，脸色痛苦。他道：“若是可以，臣妾宁愿宁愿不是出自江门孟家，不被陛下猜疑忌惮，只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子。若真有那一日，臣妾只想做后宫最普通的妃嫔，闲来看看书，与陛下说些贴心的话。好困啊，好困啊，陛下。”楚一认真的听着。 前几年，他的确因为忌惮孟家，对孟唐不好。可若是能够重来，若是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已然知道了孟唐的好，怎会再对他不闻不问？孟唐是特殊的，是唯一的，再也没有人能取代他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了。唐儿，我知道的，你一直觉得担不起皇后的重任，觉得这么多担子压在身上很累，是我强迫你做这一切。可是唐儿，我不悔，我只想要你做我的妻，其他人都不行。别睡，就当是为了朕。不要睡。孟唐用尽力气，抓紧他的手，说：“可是真的好痛啊！” 忍一忍，再忍一忍。他蓦地望向太医，眼神锐利极了。止血没有？你到底行不行？你若是不行，朕便摘了你的脑袋。太医额角渗出冷汗来，他道：“陛下放心，没有损伤到心脏，臣可以的。”孟堂眼皮子掀了掀，瞥向进度条，六十二，及格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头一回及格。厨艺的心就仿佛包了一层厚厚的壳，谁也敲不开，进不去。可此刻，孟堂用这种极端的方式，终于将那层壳敲开了一道裂痕。 孟唐放心的闭上了眼睛，松开了楚艺的手。片刻后，太医松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血止住了，止住了。”楚艺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，重重吐出一口气。他道：“你做的很好，带回宫后，朕重重有赏。”微臣谢陛下。只是陛下，娘娘这两日还未脱离危险，需得细心照看。朕明白了。楚艺伸手轻轻碰了碰孟唐的小脸，他道：“若朕留不住你，朕就叫外边的人都去死。你父亲，你哥哥。” 你们孟家剩下的家丁，所以子潼，哪怕是为着他们，也不要抛下我，好不好？这话让太医冷汗直流，湿了后背。楚艺低下头，在他唇上轻轻吻了一下，一触即分。朕相信唐儿也舍不得离开朕。梦魇在外边等的都快急死了。终于，半个时辰后，楚艺浑身是血的走了出来。唐儿如何？剑已取出，血已止住。国丈可放心，在对待梦魇时，楚艺面容恢复从容。梦魇松了口气，他道：“陛下，唐儿如今受着重伤。”楚艺打断他的话头，他说。 是为了朕，为了朕才会受这重伤。国丈放心，唐儿对朕的情谊，朕都明白，朕不会辜负他的一腔深情。听到这话，顿时让梦魇牙酸的很。他也是第一次见孟唐对一个人如此奋不顾身。一开始见他伤的这样重，他是愤怒的，可如今冷静了些许，明白这都是唐儿自己的选择。难道他的唐儿当真对这皇帝情深似海？梦魇心里有着淡淡的不爽，他道：“指望陛下能够善待唐儿，臣便已经心满意足。”自然，梦魇心里寻思，别以为他不知道。 前几年楚艺是怎么搓磨檀儿的？孟家人为了打消皇帝疑虑，为了能活下去，腰杆都快低到地底下去了。孟晕带人追到了灵隐塔，灵隐塔上玉印并没有离开。他一身白色素袍，脸上戴着木质恶鬼面具，坐在窗上。孟晕带人踏上顶层的时候，便看到了这一幕。孟晕警惕的察觉到了此人的不对劲。玉印温润的声音从面具下透了出来：“孟百户，久仰大名，如今一见，果真不同凡响，是人中龙凤。”孟晕看着他手上的弓，怒道：“便是你伤了我妹子！”玉印笑了笑。 他说：“哎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本想要的是狗皇帝的命啊，谁知你妹子会突然替他挡剑，还浪费了我一次大好的杀狗皇帝的机会。”孟云攥了攥拳头，孟百户别生气嘛。听闻孟家在京中过的不易，孟小将军你前些年何等风光，如今却只能做个小小的锦衣卫百户，孟小将军便不会觉得不甘？他从窗上跳了下来，他步伐鬼魅，一瞬间移到孟云身边，道：“若是孟小将军想脱离此等境地，不如我们合作如何？”他语气里带着蛊惑。 意在试探。七年前，他曾预言孟家必反，楚义不信，这才有了让孟唐入宫为后，实际为质的一幕。玉印的预言从未出过错，不管这些年来孟家如何的乖巧听话，身体里流的可都是边疆虎狼的血。老虎一时能够为了幼崽隐忍低头，却不可能一辈子这样。直到如今，玉印依旧坚信着孟家会反，那个预言是真的。孟晕冷笑道：“孟家世代忠义，与你这等人合作，只怕脏了我孟家的血。”来人，将这恶徒拿下，生死不论。若是死了。 责任由我孟云一力承担。我今日是绝技，不会放伤我妹子之人活着走下这灵音塔。好凶！玉印叹了口气，连连后退。侍卫们将他团团围住。玉印镇定自若，丝毫不将面前这些人放在眼里。孟云一阵咬牙，招了招手，道：“杀！”侍卫们二话不说，冲了上去。玉印身姿轻盈，动起手来更是以四两拨千斤之术。瞧着明明没使力，可却轻轻一按，微微一扭，便废了一人的手臂。玉印跃上窗台，他眼睛里带着笑意，说道。 不合作就不合作吗？这么凶干甚？孟云站在那里，手缓缓握住了绣春刀的刀柄，送你一份大礼。不用谢。此次暗杀失败，上面人必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让狗皇帝洗好脖子等着吧。哈！他做出一副张狂样，装得有模有样，将手上的弓朝孟云扔了过去。孟云下意识一接，随即便瞧见玉印身体往后倒去，此塔有十几丈之高，寻常人掉下去必死无疑，砸成肉酱。孟云连忙扑过去，往下一看，已经不见了那鬼面人的踪影。 他双目暗沉，用力砸了下墙，道：“下去搜，活要见人死，死要见尸。”是。孟云握紧手上的弓，转身回灵感寺复命。刘风怨，萧红云听说了孟唐替楚仪挡箭，身受重伤的事，连忙往孟唐那赶。采薇追在他后面跑，叫道：“娘娘，娘娘，您袜子穿反了。”萧红云停下来，重新将袜子穿好。她道：“本宫心里着急。”采薇笑了，她说：“娘娘这般惦记着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知道了定会高兴的。谁谁惦记她了？” 本宫是怕她死了以后，这皇后之位会由梅妃、香妃之流来做，那本宫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是是是，您一点也不惦记皇后娘娘，倒也不是一点也不。萧红云边说边走，那头孟晕也急着去向楚艺复命，脚下生风，半点也不敢停。萧红云跨过月亮门，拐过抄手走廊，一头扎进男人的怀里，被淡淡的茉莉香扑了个满脸，是和皇后娘娘一样的气味。孟晕也惊了一大跳，他连连后退，惊讶道：“萧妃娘娘！”萧红云大大咧咧，没收助力，被这么一撞。 当即身子晃了晃，要往后栽，孟晕连忙伸手拉住他。惊慌失措中，萧红云站定，气喘吁吁的看着面前人。孟孟孟孟孟,孟，萧红云结结巴巴的开口。孟晕向他抱了抱拳，说：“请萧妃娘娘安。萧妃娘娘，微臣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”孟晕转头就走，萧红云站在原地怔了怔。采薇追上来，说道：“娘娘您急什么？皇后娘娘就在那儿，又跑不了。您跑那么快，奴婢差点追不上。”萧红云不语。采薇头回见她这般魂不守舍，问。 娘娘，您怎么了？萧红云回过神来，整了整衣襟，说道：“本宫能怎么？走吧，去皇后娘娘那。”原来那就是孟云，皇后的哥哥，是七年前那个打马游街、众星捧月的高傲少将军。明光阁里，楚艺一直守在孟堂身边，握着他的小手。李长福有事要禀，他跪在地上说：“彭大人与张大人在书房恭候陛下多时了，说要与陛下商议淮河南岸治水一事。”楚艺轻轻捏了捏他的手心，道：“叫他们再等等，朕现下没空。太医说孟堂尚未脱离危险期。” 他真的好怕，怕自己一个没注意，他就离他而去，不要他了。孟堂缓缓掀开眼皮，睡了会，他精气神好了许多。他眼神里带着自责，说道：“陛下，去吧，那关乎上万百姓的命。子童”紫瞳，楚艺抿着唇，瞳孔里皆是不舍。臣妾无事，臣妾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，没那么容易死。孟堂一句话说得费力极了，因为失血过多，他的脸色很是难看。楚艺道：“朕要陪着你，他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生离死别了。”他语气坚定，说道：“别多想。” 只是叫他们多等会罢了，几个时辰不碍事。朕想陪着你，陛下。孟堂那双雾蒙蒙的眸子里盛满了依恋，臣妾能得君如此，是臣妾此生的福分。楚意为他掖了掖被子，说：“朕能得梓潼如此，亦是朕的福分。傻子童以后莫要再为朕挡伤了，知道吗？朕皮糙肉厚，伤就伤了，不碍事。可是梓潼你不一样，他深情款款的注视着他。若换做旁人听到这话，必然以为楚意毫无保留的深爱着自己。可孟堂瞥了眼镜度条，才刚及格而已。” 一个帝王顾及的东西太多，注定无法爱的纯粹。他忍不住扑哧一笑，说道：“臣妾也是一样的，臣妾也皮糙肉厚。您瞧，此番臣妾不也没事吗？陛下不要大惊小怪，臣妾休息两日就好。还是国事要紧，陛下还是快去吧。”孟堂此刻真是最脆弱的时候，怎会不需要人陪？楚意道：“朕再陪你一会，朕真希望你不要这么懂事懂事的叫人心疼，什么都在替他着想，却没有为自己想过半分。这便是他所喜爱的孟堂。”楚意叹了口气，佯装不悦道：“你若再说这些，” 朕可就要生气了，孟唐便不语了。外头里常福再次来报，陛下，孟百户从灵隐塔回来了，让他进来。孟云推开门，走进屋，他半跪在地上说：“臣参见陛下。”楚意淡淡问：“可抓到人了？”孟云将手上的弓双手奉上，他道：“那恶徒视为狡猾，人没有抓到，但留下了这个。”楚一起身接过那弓，他又拿起射入孟唐体内的那支箭，眯了眯眼，这是新造的金铁所制，本是运往西大营的男人，语气沉冷：“不错。” 这正是西大营丢失的那批军械，和先前攻山的匪寇用的是同一种，恐是山匪同伙。楚仪沉默不语，眼底有着淡淡的怀疑。对方为何要留下这么明显的证据？这实在太明显，真的是那群山匪同伙吗？孟唐忽的撑起身子，从床上爬起，他身受重伤，站不稳，跌在了地上。他双眼湿润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，说道：“又是他们！臣妾就知道一定是他们。先前这群山匪追杀臣妾时说过，即便攻山失败，也留有后手。” 没想到会在这里等着，实在好生恶毒。楚意太多疑了，玉印做的太明显，楚意未必会信。孟唐只能帮玉印圆一圆了。瞧见他这样，楚意和孟晕皆是一惊，两人齐齐上前。紫彤，唐二，楚意连忙抱起孟唐，将他放在床上。他道：“紫彤，你身体这般虚弱，怎可随意移动？”孟唐红着眼眶，语气里带着愤恨，说道：“臣妾好生害怕，怕陛下受伤，怕他们还不放过陛下。”楚意伸手抹去他眼角的泪珠，问：“他们果真那般说过？” 臣妾对天发誓，陛下，臣妾真的不敢想，若是这一箭落到陛下身上，会有什么后果？这一箭分明是冲着陛下的死穴而来，他们实在丧心病狂啊！陛下，没错，那一箭确实是冲着他的死穴而来。如果不是孟棠替他挡了，那一箭将射中他的心脏，他会死。这般恨他的，除了那些妄图起事的匪寇，没有旁人了。楚意将孟棠搂入怀中，好生哄道：“子潼莫要怕，他们以后没有那样的机会了。让朕的子潼伤得如此重，朕发誓，朕绝不轻易放过他们。” 他眼里闪过一丝杀意，孟堂温顺的靠在他怀中，见他信了，目光闪了闪，他柔声道：“陛下也要顾惜自己的身子，莫要让自己陷入险境，否则臣妾会心疼。”楚艺低头在他额心吻了吻，低声应道：“好。”他的皇后还是如此的善解人意。孟堂脸颊蹭了蹭他的胸膛，道：“只要陛下能够平安，让臣妾做什么，臣妾都愿意。”梓潼、孟晕站在一旁，神色尴尬极了。现在看来，他妹子好像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夫妇俩说着私房话，他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 满面尴尬，陛下，您去处理事务吧，正好臣妾和哥哥说两句话。想来这次也吓着哥哥了。楚意闻言也不拒绝了，他瞥了孟晕一眼，道：“子枫，你留下照看唐儿吧。”臣明白，谢陛下。楚意起身，转身离开，待到瞧不见楚意身影，孟晕关好门。孟晕站在床边上，暮色复杂，他道：“唐儿，你知不知道这次吓坏了爹爹和我？以后莫要这般冲动了。”孟唐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可若是我不替陛下挡着，那一箭便要射到陛下身上了。” 你便真的这般喜欢他？孟唐不语。孟晕道：“昔日我便不赞同你嫁入宫，你念着大局自愿入宫，我和父亲便已经很心痛了。如今瞧你伤成这样，真不知让你入宫是不是正确的选择。早知这样，还不如孤注一掷带你回朔北。哥哥，别说了。”孟唐赶紧制止住他。孟晕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失言，他道：“哥哥当真心痛。”孟唐轻轻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哥哥，我真的没事的。你瞧，不也没射中我的要害吗？只是有惊无险。” 修养几日便好了。什么叫没射中要害？真射中了，你就没了。孟云握住孟唐的小手，说：“唐儿，若是何日你厌了这皇宫，想离开了，尽管告诉哥哥和阿父。他知道孟衍和孟云宠他，孟家满门忠义，百年世族。孟唐不希望这青玉毁在自己手上。他说：‘哥哥，我真的没事，相信我。等我伤好了，我和哥哥骑马去，好不好？’陛下答应了我，等我伤好，做什么他都会纵着我的。”你压他纵容的伸手，轻轻弹了弹他的额头。 陛下心思深沉，你在宫中定要小心再小心，受了欺负就跟哥哥说，知道吗？我知道的。孟云见他小脸实在白，不忍再打扰他休息，让他好好躺着，便起身离开了。刚出了门，便瞧见萧红云急匆匆地走进院子。萧红云抬眸瞧见他，开口道：“本宫不知孟百户也在这里。”声音里有些慌乱。孟云冲着他抱了抱拳，道：“臣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”萧红云瞧着他，与他相隔数米远，走出明光阁。萧红云抿着唇，盯着那背影：“娘娘，娘娘。” 采薇唤道：“萧红云回过神，采薇笑着说道：‘那就是孟少将军，当真是人中龙凤，连娘娘都看呆了呢。’瞎说什么，给我闭嘴！今日我见过孟少将军的事，不许向任何人提起，明白吗？而且他现在不是少将军了，是孟百户，莫要叫错。”萧红云脸上带着少见的严厉，采薇愣愣的点了点头。走，进去瞧瞧皇后。我只进去瞧一眼，脚步轻些，莫要打搅了她。半月后，孟棠身上的伤好多了，伤口结了疤，孟棠也能下地了。 这日，孟堂站在佛堂里，佛堂里空无一人。他闭着眸，双手合十，在向佛祖许愿。娘娘一道清澈的声音传来，玉印从柱子后面走了出来。他双手环胸，饶有兴致的看着他。孟堂侧手瞥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圣僧作何？先前贫僧帮了娘娘一个大忙，做的那般好，娘娘不谢谢贫僧？”孟堂冷笑：“做得好，是指故意留在灵音塔不走，还故意留下功，让人怀疑。这玉印坏的很，分明是故意使坏，满肚花花肠子。” 一点都不像他外表那样圣洁。玉印耸了耸肩，道：“不也没有妨碍娘娘的事，只是贫僧实在好奇，贫僧为陛下在军中拼搏这件事，只有贫僧和陛下知晓，娘娘是如何得知的？”孟唐道：“圣僧不是能算尽天下事，不如自己算算如何？总有些事是贫僧算不到的。娘娘未免太看得起贫僧了吧？”孟唐说：“告诉你也无妨，不是什么秘密。朔北军斥候探听天下事，有一双著名的顺风耳、千里眼。原来孟家与朔北依旧有着这样深的联系，你不怕我告知陛下？” 本宫以为圣僧是个聪明人，圣僧会吗？玉印自是不会。七年前那一卦，唯有孟堂好了，方能山河顺遂。所以玉印乐得帮孟堂顾宠一把。紫瞳，楚艺的轻唤从佛堂门口处传来，玉印引入黑暗中。孟堂转身，刹那间笑颜如花，与玉印说话时的锐利锋芒丝毫,毫不见，满脸都是柔和。他道：“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”楚艺上前帮孟堂披好披风，皱着眉道：“怎的来这里了？”孟唐真心实意道：“臣妾来为陛下祈福，希望佛祖能够保佑陛下。” 不再为小人所害。经历过这次的事情，臣妾真的怕了。今日臣妾特地沐浴焚香，在佛前虔诚祈祷了整整一日，只求能为陛下求得一世平安。听到这话，楚依满意的笑了。他道：“子彤所愿必能成真。赶紧刷满一百，让我走也能成真吗？”孟棠瞥了眼好感度，自从半月前涨到六十二后，就再也没动过了。楚依这狗东西的心，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。楚依最近将孟棠放在手心上捧着，生怕磕着碰着了。谁看了不敢叹一句帝后情深呢？可无人知晓。 厨艺对他的好感只有六十二。先前唐儿说要和朕同游初夏的园子，朕今日瞧着唐儿气色不错，要和朕一起走走吗？厨艺牵着他的小手问。好，孟堂温顺极了。方婉意自从得知孟棠受伤后，绞尽脑汁想要见他一面，看看孟棠伤势如何了。他最怕疼，小时候被虫子咬了一口都会疼得满眼泪花。此次受此大劫，正是需要人安慰的时候，皇上却忙着政务，无法每时每刻陪在他身边。那日孟棠的话犹在他耳边回响。方婉意发现，自从进宫见了孟棠后。 他就再也看不到旁的女子了，满眼都是孟棠。一闭眼就出现他那温婉柔和的面容。可惜那份温婉却不是对着他，他决绝的样子更是令人心痛心痒。今日他买通了灵感寺的守卫，好不容易偷偷进来一遭。他想，他只是看一眼，不会给他的堂妹妹惹麻烦，看一眼就走。方婉意一,一路上避开人，小心翼翼地往孟棠住处走。想起他们小时候两小无猜，何等亲密，如今却如此绝情。难道堂妹妹真的忘记曾经他们在一起时的快乐了吗？他不甘，不甘只有自己放不下曾经的过往。 那日孟云让他莫要再挨他妹子。他也想放下，他在家中读书，却满脑子都是他的名字。吟诗作画，落笔便是他的模样。没看到他时尚且还好，一见了他，那彻骨的懊悔和思念便汹涌包裹了他。堂妹妹，堂妹妹，不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说话声，不知道是不是上苍知晓他的思念，他竟听到了堂妹妹的声音。陛下，您瞧，您都流汗了。今日天这么热，实在不适合逛园子。孟堂将楚依拉到凉棚下坐下，随后掏出帕子，仔仔细细地为她擦头上的汗。 他帕子上带着清淡的茉莉香气，勾得楚意心痒痒。楚意伸手，忽地把住他细软的腰肢，往怀里一带，叫他坐在他腿上。方婉意悄悄走来时，便瞧见帝后交颈的一幕。楚意拥她在怀，他笑着说道：“这灵感寺的园子确实没什么好看，且前院都被大火烧了个大半。等你好全了，朕带你去碧和行宫，那儿才是真正的美。碧荷行宫是皇帝的私人避暑山庄，但楚意却从未带他去过。”他面露讶异，眼里遮掩不住的惊喜，问：“臣妾真的能去吗？”说完这话。 孟棠双眸一阵黯然，说道：“历年陛下去避暑山庄都不曾带过臣妾，臣妾还从未去过呢。先前听梅妃妹妹说那儿的荷花极美，梅妃妹妹见了一次便再也忘不了。臣妾还好奇到底美成什么样，只是臣妾终究没那福分。入宫这么多年，一次也没去瞧过。”这话让楚意心底生出些许悔恨来。他心疼地看着他的小脸，他黯然神伤的样子刺痛着楚意的心。前几年他不喜欢孟棠，也从未真正正眼看待过他。如今回想，却是错过了许多。楚意将头枕在她肩膀上。 闷声说道：“是朕的不是，是朕前些年忽略了。朕的紫铜宫内上有孟唐慈等角色，旁人乃入得了他的眼。他前些年怕是瞎。”孟唐笑着说道：“才不是陛下的错呢，是臣妾身子不好，不宜远行。听闻闭合行宫离京城极远，想来是陛下顾念着臣妾的身子，才一直没有带臣妾去。他太懂事了，懂事的叫人心疼。”孟唐安抚的摸了摸他的发丝，道：“陛下，臣妾不在意的。就算梅妃,妃妹妹、香妃妹妹他们都去过又如何？就算陛下曾经宠爱他们又如何？” 臣妾才是陛下的妻子，臣妾不会与他们争风吃醋。子潼楚意被这话打动，心头发热，眸中露出感动之色来。他盯着她雪白的小脸，经过这些天的调养，他气色好了许多，脸上有血色了，那柔软的唇瓣也恢复成了嫣红，饱满湿润。待人采撷。楚意低下头就要吻上去，孟棠伸手轻轻推阻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陛下还在外面呢，会被人看见。”楚意压低声音，低沉的嗓音在他耳边徘徊。他说：“不会有人让朕亲一下，笑话。” 亲一下还能停得下来，楚艺这狗东西就是个畜生，亲一下是小，有了反应，狼性大发是大。他伤可还没好，陛下别光天化日的，紫瞳怕被人看了去。朕看谁敢看，谁敢看朕便挖了他眼珠。他对这朱唇势在必得，这等美妙滋味，他厨艺今日还非常不可了。楚艺攥着他的手腕，将人往怀里带，低下头含住那娇艳欲滴的唇，柔软沁香，勾着楚艺的魂。孟棠受伤半月，楚艺也有半月没和他亲热过了，旁的女人楚艺都看不上。 他只想要孟棠，如今他已能下地，厨艺急不可耐的想尝个鲜。孟棠小手抵在男人胸口上，呜、呃、咽了一声，言语都被吞没在了唇齿之间。他接个吻都接的那般色情，好像要连人带骨头将他吞吃入腹。他的舌有力的勾缠着他，攫取他的气息，交换彼此的咸叶他眸子很快便蒙上了一层水光，因为缺氧，脸颊上也浮现一层薄红，像抹了胭脂，比园中浇花还要明艳。方婉意瞪大了眼，眼睁睁看着这热情火辣的一幕，皇帝吻的凶极了。他那么孱弱，那么娇小，能够承受得住吗？ 方婉意被这画面刺激的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哒的一声踩到了路边的石子，霎时惊动梁鹏中二人。楚艺松开孟棠，一只手附在他脖梗上，将人往自己怀里按，这是一个占有欲十足的姿势。谁？他眸光霎时冷厉，滚出来！方婉意一惊，转身想跑，楚艺折了身旁的一道花枝，往发生处一掷，咻的一声破空声传来，花枝擦着方婉意脸颊而过，擦破了他的脸，留下一道惊心动魄的血痕。滚出来！方婉意瞧着不远处没入砖石中的花枝，打了个颤。 战战兢兢地从树后走出，跪在地上。陈方晚意见过陛下。方晚意三个字叫楚意和孟堂心头齐齐一惊。孟堂眼睛颤了颤。方晚意就是个麻烦，上次出现便让他咬了蛇，才打消皇帝的疑虑，怎么又出现了了？果然，只见楚一面容阴沉，他冷笑着说道：“此园乃皇亲国戚的住处，哪怕是官员都不能入，更何况官员之子。朕记得此次祭天大典名单里并无你方晚意之名。”男人眯了眯眼，帝王威严不容小觑，还是说？ 方小公子又想进朕的园子来偷香窃玉，楚仪一下一下的抚摸着孟唐的后颈，孟唐已然能感觉到他的暴躁。方婉意面色惊恐，他涨红了脸，说道：“臣不是，臣没有，臣只是，只是……”他目光往楚仪怀里看，臣的鸟儿飞入了皇家居所，臣想将之寻回来。方婉意到底太年轻，沉不住气。什么鸟让方小公子如此惦记？说出来，说不定朕也能帮你找找呢。他虽语气里没有波澜，但那双眸子却像结了冰，射人的景。方婉意眸子微沉。 说道：“那是一只品相俱佳的鸟，羽毛艳丽，叫声美妙，是百鸟之首，是臣日日盼夜夜盼，好不容易才得到的鸟儿。”这话别说楚艺了，就连他都听出了其中的意思，不就是说楚艺抢了他的女人吗？楚艺越是面上不显，心中便越怒。楚艺眯着眼，脸上带着寒意，说：“你如何能确定那只鸟儿是你的？既飞进了皇家居所，便是皇家的鸟儿。方小公子，你一而再，再而三觊觎朕的东西，你说朕该拿你怎么办？”方婉一深吸一口气。 他语气郑重说道：“臣只想看一眼那鸟儿，只一眼，臣便能知道他是不是自愿飞去的皇家园林。他心心念念的女子，如今靠在他人怀里，甚至连回头看他一眼也不曾。小时候，他们孟方两家比邻而居，以方家在朝中的地位，本是配不上孟家的。可偏偏孟唐喜欢，整日跟着方婉一身后跑，叫他婉一哥哥，和他一起读书习字。那时候他们还都小，便连孟方两家的大人都说，这两个小的长大了定会在一起。可这美梦却被一道圣旨打破。朕记得。” 唐儿与方小公子是旧相识，如今遇到旧人，唐儿怎地不与他打个招呼？皇帝就是事多，明明上次用咬舌表了态，此番竟还在试探。孟唐柔顺道，陛下，臣妾可不敢再瞧他了。上回瞧了一次，陛下就将臣妾禁足宫中，差点不要臣妾，臣妾心里怕着呢。他抬眸，眸光幽幽的瞧着他。楚一伸手蹭了蹭他水润的唇，问：真不想见，假不想见？朕今日在，有朕在，便算不得私会。听到这话，孟唐尚未来得及说话，方婉意反倒先开口了。 唐皇后娘娘，臣听说您受伤了，伤势好全了吗？我带来了家中上好的金疮药，可以快速愈合伤口，军中人用了都说好。他慌慌张张地掏出那瓶金疮药来。皇后娘娘凤体要紧，今日天热，本不宜外出，娘娘还是要好生歇着，等伤好全了再外出才是。他双手捧着那瓶金疮药，厨艺扫了一眼，道：“是好药。”孟唐撒娇道：“不要，再好的药宫中又不是没有，外边的哪有宫中的好？臣妾身子已经好些了，出来散散心本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方小公子还是多想想自己吧。” 楚仪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方小公子一片心意，唐儿真不要。”孟棠抬眸，眼中情意绵绵，对楚仪的爱意快要溢出来了。他道：“陛下可别瞎说，方小公子那片心意哪是向着臣妾，怕是献给陛下的吧？说不准是为了向陛下讨个官做呢。”孟棠瞥了眼进度条，好不容易刷上来的，绝不能因为方婉一又跌了。唐皇后娘娘，臣没有，臣不是。孟棠蓦地从楚仪身上起身，他连步款款走到他面前，清淡的茉莉茶香叫方婉意恍惚了一瞬。 方婉一满脸激动地看着他，嘴唇碰了碰，隐隐约约能够瞧出他是在叫唐妹妹。孟唐抬手一巴掌将那药打落在地，语气严厉说道：“不是什么，你真当本宫看得上这点东西？方公子，这园中没有你要找的鸟，你恐怕找错地了吧？真当它是笼中鸟金丝雀了？是男人们随意可以争的物件？这比喻真叫人作呕。”皇后娘娘，方婉一目露哀伤，她险些就要将压抑已久的话问出口。难道你已经忘了我们的曾经了吗？ 楚艺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有打断孟唐。方婉一找来，的确令他很不悦，但孟唐三言两语，却叫他心里莫名欢喜。他始终是向着他的青梅竹马又如何？他连一眼也不想多瞧。他爱的是他。楚艺故作大度道：“罢了，唐儿被这等人扰了游园的好兴致，莫要生气了，便当路上被狗咬了一口。你才是真的狗。”孟唐真想翻白眼。楚艺起身，抓着他的手，轻声哄道：“让朕瞧瞧，手心都打红了吧？朕可是会心疼的。你好坐坐。” 孟唐再次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楚艺故作为难道，朕先前说过，若是有人偷看，便挖了他的眼。朕向来是一言九鼎之人，不过唐儿若是求情的话，朕兴许能放他一马。唐儿想让朕挖了他的眼吗？朕都听唐儿的。楚艺目光扫向方婉意，方婉意一僵，面露惊惶。若他当真要挖了他的眼，便是心狠，温婉人设便崩了，也会惹得楚艺的怀疑。小白花怎么能随意挖人眼呢？如今他能这样狠心的对方婉意，来日便也会这样对楚艺。若是不挖。 便是旧情难忘，楚艺一样会心生不满，恐还会疑神疑鬼。他们是不是在他不知道的地方有过一腿？这可真是个难题，比上辈子解过的所有奥赛题还要难。孟唐思索片刻，盈盈一拜，便道：“陛下，近日发生太多事，且寺庙之地不宜见血。”楚艺眸子一沉，唐儿是要为他求情了。孟唐微微一笑，他说：“自然不是，既然方小公子是来寻鸟的，咱们宫里什么不多，鸟也多的是，赏方小公子一只就是了。正巧，方小公子也到了该摘花的年纪。” 屋中怎么能没有个人？方婉意震惊的抬眸，似不敢相信，这是以前那个温温柔柔的堂妹妹孟棠继续道：“依臣妾看，浣衣局的大宫女青菊便不错。比方小公子大三岁，虽家父只是个六品小官，却也是清白人家的好姑娘。所谓女大三抱金砖，正是会疼人的年纪，赐给方小公子正合适呢。那青菊孟棠见过，是个有野心、想攀高枝的。先前便试图碰瓷过孟晕，他哥吓得一个月没敢往那条路上走，正好让他俩互相折磨去，别再来烦他和他哥。”方婉意僵硬着身体。 说道：“皇后娘娘，这不妥。臣与那青菊见都没见过，也无情义，怎能随意赐婚？怎么能说是随意呢？当初臣妾与陛下也是见都未见过，如今呢？陛下是臣妾如珠如宝，臣妾亦视陛下为如意郎君。所谓佳偶天成，不过如此了。为了陛下，臣妾可以连命也不要。此等情义，可比那虚幻的青梅竹马之情要真切多了。陛下，您说是不是？”孟堂看向他时，那双眼里盛满了缱绻笑意。 他这番话说的楚艺舒心极了，先前那点不悦一扫而空。楚艺忍不住搂住他腰肢，说道：“唐儿说的极是，即便初见不相识，亦能相守到白头。青梅竹马又如何？不是每对青梅竹马都能成神仙眷侣。”方婉亦被他这话所刺伤，双眼微红。他道：“皇后娘娘，您真想让臣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？”孟唐语气轻快：“方小公子，方侍郎年岁大了，想来也很是想抱孙子。做儿孙没有子嗣是为不孝。” 方小公子在京中素有才名，是人尽皆知的大才子，想来不会叫方侍郎失望才对。他眼睛里溢出点点笑意。方婉一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。换作曾经，他的堂妹妹怎会这样和他说话？还是说入了宫，在宫中静宁多年，人便真的跟着变了，变得心机深沉，话里句句讥讽。方婉一喉间干涩，一时之间竟不知要怎么回。楚意道：“方侍郎也已快至花甲之年，方小公子房中确实该有个人了。”孟堂转过身，他冲着楚意拜了拜，说道。 看在臣妾与方小公子是旧时的份上，臣妾想为方小公子请旨赐婚，不知陛下可愿应了臣妾的这个不情之请？方婉意语气沉了下来，他道：“皇后娘娘不必如此为臣着想，那怎么行？本宫与方小公子相识数年，自是要为方小公子谋一份好姻缘。陛下亲自赐婚，可是天大的荣宠，整个方家也能跟着长脸。想来日后青菊入了方家大门后，也能做个贤内助，助方小公子科举高中，将方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”楚意心情极好，他抓着他的小手捏了捏，眼里也跟着盛满了笑意。 说道：“皇后主意甚好，朕应了。朕回头就去拟旨，亲赐这段好姻缘。谢陛下。”孟唐目光扫向方婉意，道：“方小公子还不赶紧谢恩？”方婉意身子抖了抖，他来只是为了见唐妹妹一面，不知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。他语气艰涩道：“臣谢主隆恩，起吧。”厨艺看了眼天色，道：“唐儿，日头越来越大，你不宜久晒，朕送你回去。多谢陛下关心，那臣妾便不客气了。”方婉一抬头，望着那两个相携而去的身影。 内心一阵闷疼，眸子也跟着湿润了起来。不甘的终究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是那般的无情、决绝,绝、强大，不再是需要庇护的幼鸟。方婉意恍恍惚,惚惚地往回走。今日孟云轮值，正好瞧见了他的身影。孟云叫住他：“方婉意！”方婉意抬头，孟云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揪着他的领口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没资格进灵感寺，你是偷偷溜进来的。”孟云看他这副丢了魂的模样，霎时明白了什么，他怒骂道：“你是不是又见了我妹子？” 你到底要害他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？上次就因为你来见他，他被陛下禁足，差点废后。你是真的想害死他吗？是，我是来见他的。方婉一淡淡应了一句。听到这话，孟云抬拳，一拳头砸到了他脸上。啊！我上次和你说的话，你都当放屁了是吧？你自己死了不要紧，你休想拉着我妹子一起。我妹子如今是皇后，是天界之人。就算曾经与你一起长大，那都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。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她了？像个男人样点，该放下便放下。 该祝福便祝福。方婉意好似被激怒，他道：“我害他，是我害了他吗？他现在好着呢，圣宠正隆，宠冠后宫，我哪有那本事去害他？哈哈，孟云，你还以为唐妹妹是七年前那个需要你守护的唐妹妹吗？你不知道她如今有多威风，三言两语就让陛下免了我的挖眼之刑，还让圣上亲自给我赐婚，毁我一生。她真的是唐妹妹吗？唐妹妹真会有这么狠的心？孟云，你看懂过你的妹子吗？” 他如今又何尝不是与陛下为同类人？一句话便定了旁人生死，大权在握，自是看不上我这小小的读书人了。孟云听着方婉一疯疯癫癫的说了几句，理清了前因后果，他额角青筋直冒，终是忍不住将方婉一按在地上狠狠揍了一顿。他语气里带着滔天怒火，说道：“原来在你眼里，唐儿就是这种人。原来你就是这样看唐儿的。我现在真庆幸唐儿没有嫁给你这种人，否则她一辈子都不会幸福。”哼，今日如果不是唐儿，你以为你还能有命在这里和我说这些话？ 你私自进入皇家地界，妄图染指皇后，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。不但你会死，还会牵连家人，牵连道方侍郎。你做事向来只考虑自己，只顾着自己一时快乐，从未考虑过旁人。今日唐儿保下你一条性命，你竟还如此怨恨他，当真是个白眼狼、废物。我孟云看错了你。方婉意被他揍得鼻青脸肿，他起身说道：“你骂我，你骂我！你们姓孟的不愧是一家人，我和他十年的感情啊，这让我怎么放得下？” 我有什么错？有什么错？孟云用力揪住他的衣襟，说：“若是七年前你答应唐儿请求，愿意带他走，我们孟家怎么着也会为你们拼搏一把。如今唐儿已成皇后，你再说这种话，不觉得太迟了吗？你那是爱吗？你那只是求而不得的执念罢了。你就是见不得他如今没有了你，却过得更好。孬种，滚！我孟云看不起你，以后走路悠着点，莫要再让我碰见你。”换衣局，宫女们兢兢业业地洗着衣裳，掌事大宫女青菊坐在一旁。 边嗑瓜子边拿着手上的柳条，时不时抽上一抽。都快点，你们这速度，这几盆衣物要洗到何时？忽而一个小太监急匆匆的跑了进来，小太监脸上挂着笑，说道：“恭喜青菊姑姑，贺喜青菊姑姑。”青菊茫然道：“来福公公，你不是在李千岁手下伺候的吗？怎么来了？”奴婢这。李来福笑着说道：“陛下要给青菊姑姑赐婚了。”青菊一呆，赐婚对象是户部侍郎之子方婉意。户部侍郎是正三品大臣。青菊喜上眉梢，说道：“真的？你莫要哄骗我。” 我能有这般好福气，搭上侍郎家的公子哥，是真的是真的，是皇后娘娘替你们请的旨，陛下不日便会回宫，等回宫后，这一纸赐婚便要下来了。上苍保佑，皇后娘娘真是个大好人，和传闻中的一样好呢。青菊高兴的都快找不到边了，像她这种小门小户的女子，能搭上侍郎之子，只怕是祖坟都要冒青烟了。在灵感寺逗留太久，眼瞧着孟棠身子渐渐好转，转眼到了回宫的日子。若说孟棠回宫，最着急的是谁？无疑是梅妃了。皇后一回宫。 他手上的协理六宫之权可就要交还回去了。梅妃躺在榻上，心情不好。她身边的宫女银杏说：“听闻前些时日太后受了惊，提前回了宫。要说这宫里啊，谁最看不顺眼皇后，那可就非太后莫属了。”梅妃皱着眉道、哦：“即便是太后，也不能帮本宫保住这协理六宫之权。”银杏说：“娘娘您想差了，皇后娘娘在灵感寺遭了难，听闻受了重伤，这身子啊刚养好没多久。您只需要去太后那上两副眼药，太后打骂皇后娘娘的还少吗？” 只要皇后娘娘继续伤着病着，这协理六宫之权不还是您的？梅妃沉吟片刻，道：“不错。”回宫第二日，宫女便来了坤宁宫，说是太后召见。先前柳嬷嬷被用了暂刑，双手尽废。太后身边换了个年轻的新人。孟棠此时正在给院中的花松土，闻言问：“太后现在就让本宫去？”那宫女是个机灵的，扶了扶身子，道：“回娘娘，太后说娘娘回宫，她老人家特地为娘娘备了接风洗尘的午宴，希望娘娘能在午宴开始前准时到慈宁宫。” 本宫知道了。待到那宫女离开后，方宁生气道：“太后召见您准没好事，肯定又会想着法子折磨您。”奴婢这就去请陛下。孟堂抬手阻止他，说道：“不必。”方宁急红了眼，问：“您忘了上次了？太后她老人家可不是好相与的。”方宁不知道匪寇攻山那日，孟堂与太后间发生的事，自是以为太后又想折磨皇后娘娘了。方宁说：“娘娘，您别这般好脾气，受了欺负就该告知陛下，得让陛下心疼才行。太后也真是的。” 您才刚回宫呢，身子也虚着，他就想着来错摸您了。孟堂伸手弹了下他的额头，道：“未必，什么未必？此次未必是鸿门宴。走吧，去慈宁宫。”方宁急哭了：“您真去啊？还不让奴婢去禀告陛下？万一太后真的关起宫门来对付您，那我便打死他的老不休的。”方宁呆了呆，他还是第一次见他家娘娘说这种话。方宁眼角的泪珠子滑稽的挂在那里，要掉不掉。坤宁宫里香烟袅袅，嫔妃们坐在桌前笑着和聂竹青说话。月嫔道。 妾身听闻皇后娘娘回宫了，梅妃笑着应道：“可不是，听说皇后娘娘在灵感寺遭了大难，为陛下挡了一劫。此番看来，皇后娘娘与陛下必定更加伉俪情深了。平日里若说谁最看不惯孟堂受宠，除了这群嫔妃，可就属太后了。甚至太后对她的恨意，要比他们还要大些。”梅妃又道：“如今皇后娘娘读的圣卷，恐怕就更加看不上我们这些歪瓜裂枣了。皇后娘娘品行高洁，才华横溢，我们呀，哪能和皇后娘娘比呢？”说完，她还偷偷瞥了太后一眼。 月嫔趁机又道：“皇后娘娘不在的这段时间，都是梅妃姐姐在打理后宫。等皇后娘娘回来，这协理六宫之权，只怕要交还回去咯。梅妃笑意盈盈，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道：“协理六宫之权本就是皇后娘娘的，什么交还，只是物归原主罢了。妾身管理后宫，哪有皇后娘娘管理的好？”聂竹青漫不经心的瞥了她一眼，梅妃登时捂嘴道：“哎呀，瞧我在太后娘娘面前胡说什么呢！妾身本也没资格与皇后娘娘比。若换做以往，聂竹青此刻定然要勃然大怒。” 黑着一张脸了，可此时众嫔妃观察着太后的神色，心想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点也没有黑脸？皇后娘娘道。太监尖着嗓子喊了一句，下一刻便见孟堂被方宁搀扶着走了进来。方宁还是很紧张的，紧紧跟在孟堂身边，生怕太后突然发难。众嫔妃瞧见她，登时起身，一脸正色道：“嫔妾见过皇后娘娘。”众嫔妃忍不住拿眼神打量她，又去打量太后。太后缓慢的喝了一口茶，随即开口：“皇后来了，来，坐到哀家身边来。来了，来了。” 太后，她要开始了，就连梅妃嘴角都快忍不住笑意了，拿双眸偷偷,偷瞥向他。是母后，孟棠乖顺的坐在太后身边。太后道：“今日哀家叫你过来不为旁的，你在灵感寺照顾皇帝也算辛苦了，哀家便和众嫔妃一起为皇后接风洗尘一番，谢母后。”众嫔妃却觉得这番话独作接风洗尘，写作刁难折磨，都等着看好戏呢。来，皇后尝尝这药酒，是哀家宫里的酒工费了心思酿制的，听闻对身子虚的人极好。可是大补呢？聂竹青亲,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。 梅妃怕自己笑得太明显，拿帕子遮了遮嘴角，心想那酒里怕不是下了什么毒。太后怎么会真的为皇后着想呢？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萧红云有些担心的看着这一幕，显然也是怕极了这酒里有毒。萧红云磕磕巴巴的开口：“太后娘娘，臣妾身子也伤到了，不如这酒就让臣妾来喝吧。”这话落，众嫔妃纷纷不悦的望向她，那是一种看戏被打断的不悦。太后嘴角浮现出些许笑意，道、哦：“这酒酿的少，只有这么一小盅，还是给皇后吧。红云若是喜欢。” 哀家那里还有今年刚酿梅子酒，一会给你送去几坛。众人暗存，果然，太后不会轻易放过皇后。孟堂也道：“母后的心意，儿臣怎可辜负？这么好的药酒，儿臣从前见都没见过呢，欢喜还来不及。”说完，孟堂一口闷了。嫔妃们瞧着他，都等着他毒发出洋相。反正太后赐皇后的酒，必不可能是普通药酒那般简单。方宁也紧张地握紧了拳。娘娘怎的就这么喝了？娘娘，您您还好吗？方宁小声问道。 生怕这酒里下了泻药或者其他毒。太后这老妖婆什么事没干过？您若是感觉不舒服，快吐出来。方宁不放心地提醒着她，声音小，害怕被太后听见。萧红云紧张地绞紧了手上的帕子，唤来采薇，低声说了句：“先去太医院叫太医，让太医在外面候着。若是孟堂真出了事，也好第一时间医治。”太后将这些小动作看在眼里，并未发作。她说：“这药酒都是选用顶好的药材，千金难求，对体虚体寒者甚好。怕是用的千金难求的毒药吧？”萧红云想。 孟堂起身，笑意盈盈地冲着他一拜，说道：“多谢母后的赐酒，母后待儿臣这般好，儿臣都不知该怎么回报母后了。”聂竹青淡定道：“你是我的好儿媳，何须回报？”说完，握着他的手轻轻拍了拍。好一副母慈女孝的画面。下方嫔妃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，怎么瞧怎么不对劲。太后何时对皇后如此和颜悦色过？梅妃只以为太后打算先礼后兵，她笑着说道：“皇后娘娘，尝尝这烤羊肉，是用西域香料腌制过的，味道好着呢。”说完，亲自切了一份烤羊肉。 让奴婢送过去，还未送到孟堂跟前，聂竹青便不悦地皱起了眉。他忽地冷着脸道：“烤羊肉乃心山之物，如今皇后身子出狱，怎能碰这些油腻心山之菜？梅妃怎的这般不懂事？”此番聂竹青召孟堂过来是为与他和解的。聂竹青也看开了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他看不惯皇帝，自有旁人来收拾皇帝。皇帝自以为得到皇后的一腔深情，结果呢？聂竹青好期待皇帝知道真相后的样子，因此他看孟堂便越发和颜悦色了。也不仅仅是因为那日孟堂救了他。 他才会对她好。梅妃美目微睁，她连忙起身下跪，说道：“太后娘娘息怒，是妾身思虑不周了，没考虑到这一遭。”太后盘着手上的佛珠，眉目微敛，神色严厉。她道：“你的确蠢笨，协理六宫之权放在你的手上，哀家真不放心，也不知道你会把这后宫管理成什么样。”她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依哀家之见，既然皇后已经回来了，协理六宫之权该交还便交还，这后宫终究是要皇后做主的。”太后梅妃身子微微颤抖，震惊地望向她。 梅妃不知太后这是怎么了，难道是被下了降头吗？太后应该是这后宫最不希望看到孟唐势力做大的，如今怎还帮着孟唐？孟唐其实对协理六宫之权并不在意，有个人替他管理杂物也挺好，光是应付狗皇帝便已经叫他费尽心力了。孟唐面容柔婉，语气温和，他道：“母后，如今儿臣身子还未痊愈，恐无心力打理这些。”梅妃听到这话，只觉得皇后假惺惺，说不定是在玩欲拒还迎这一套。梅妃楚楚可怜道。 这些时日，妾身打理后宫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妾身也知姐姐回来了，确实该将协理六宫之权还给姐姐了。可是，可是账目太乱，还有几笔后宫开销没算明白，恐怕只能叫姐姐多等几日了。梅妃想着先拖延时间，这职权一日在她手上，她便为同父后，绝不能叫孟棠轻易抢了去。太后听见这话，脸色沉得厉害。她道：“曾经哀家也协理六宫过，左右不过一些杂物，本也不是什么难算的账，连这些小事都做不好，足以见得梅妃没有大才，不堪重任。” 协理六宫之权越发不能落在你这等人手上了。以往嫔妃们只见过太后对皇后，从未这样对过她们。这还是她们入宫以来头一遭。月平是梅妃身边的人，自是不能看着梅妃落了下风。她向太后行了个礼，道：“太后说的是，可皇后娘娘现今身子不适，理应好生调养。这些忧思过度的事，还是交给旁人来办比较好。皇后娘娘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梅妃姐姐将后宫打理的怎么样？姐妹们有目共睹。太后莫要误会了姐姐，姐姐只是太过忙碌，导致下面的没办好差，这才乱了账目。”说完。 月平朝梅妃使了个眼色，梅妃叩首道：“是妾身的不是，妾身回去后定然自省。太后岂能不明白这些小伎俩？梅妃无非是不想交权罢了。太后乐得帮孟唐一把。他说：皇后终归是皇后，先前皇后管理六宫之时，怎地没有生出这诸多事端来？梅妃才短短一月不到，便乱了账目。唐儿啊，哀家瞧着这管理后宫之事，还是得你自己来，免得叫下边人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。孟唐帕子掩嘴，轻咳了两声，只是二臣如今恐心力不济，真不想管。” 聂竹青瞧着他这苍白的小脸，柔弱的语气，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心力不济。再心力不济，该管的还是要管，否则旁人还以为这后宫是旁人当家做主了呢。生活不易，孟堂叹气。儿臣晓得了。孟堂望向梅妃，道：“这些时日辛苦梅妃妹妹了。今日日落前，将账册整理好，来坤宁宫交接罢。”梅妃一张脸霎时变白，她万万没想到太后三言两语，她便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，不得不将协理六宫之权还回去。此事还未通禀陛下，梅妃正扎道。 太后淡淡开口：“陛下离宫前亲言，只离宫这段时日，让梅妃代管宫中事务。皇后如今已回宫，自该交还了。到底还是要同陛下说一声。”梅妃再次挣扎，说什么？男人低沉的声音从宫门口传来。厨艺跨过门槛，身着一袭玄黑华服，大步流星的走来。当听闻孟堂去了慈宁宫，厨艺便忧心忡忡，生怕孟堂再次受到太后的搓磨。厨艺瞥了眼地上跪着的梅妃，环顾了演宴厅，问：“朕还未用膳，不如一起。”梓潼，朕这次可算来迟。 这是楚意头一回，在孟堂被太后叫走的那一刻，便放下手上事务，连忙赶来慈宁宫。孟堂起身，笑着说了句：“陛下来的自然不算迟，还没有开宴呢。”楚意极其自然地走到孟堂身边坐下，瞥了太后一眼，又望向下方跪着的梅妃，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孟堂无奈道：“再说协理六宫之权的事呢。”月嫔瞧见皇上来了，连忙开口：“皇后娘娘回宫本是一件大喜事，只是梅妃姐姐顾念着娘娘身体，这才一直没有交出协理六宫之权。” 皇后娘娘身子出狱，理应好好调养，不宜忧思过虑。厨艺闻言眯了眯眼，梅妃怯生生道：“陛下，妾身，妾身是担心娘娘的身体。若是娘娘当真以为妾身是贪权恋位，那妾身可就太冤了。娘娘身子出狱，妾身实在不忍看娘娘拖着身子劳碌，确实劳碌。孟唐本也不想管，没想到还没开席，这群人便围着协理六宫之权自动争了起来。她静静的看他们眼，果然看别人眼比自己眼要爽快多了。萧妃是个口直心快的，听此连忙起身拜了拜。” 陛下，臣妾想问梅妃姐姐几个问题，不知可不可？朕允了。萧红云望向梅妃，说道：“梅妃姐姐，皇后娘娘来之前，你是否说过自己比不上皇后娘娘，要将协理六宫之权还给皇后娘娘？”梅妃微微一颤，说：“妾身，妾身说过，妾身知道自己理应归还，没有想霸着不放的意思。好，那红云在这里问姐姐第二个问题：既然姐姐打从一开始就说要将职权还给皇后娘娘，为何如今又百般推脱？顾念皇后娘娘的身子？” 娘娘身上的伤口已然愈合，太医还未开口，你怎就一口咬定娘娘如今身子不适合管理后宫？你比太医还能耐呢？还是说，萧红云眯着眼道：“你是在咒皇后娘娘，觉得娘娘这身子是好不了了？”梅妃从未想过萧红云能说出这番犀利的话语来。梅妃听此，大呼冤枉，冤枉啊！陛下，皇后娘娘，妾身断然没有这等心思，妾身只是担忧皇后娘娘的身子。月嫔也道：“梅妃姐姐心善，怎会诅咒皇后娘娘？” 萧飞莫不是想挑拨梅妃和皇后娘娘之间的关系吧？可笑，还用得着挑拨？梅妃姐姐若真以皇后娘娘为尊，不管如何，在娘娘回宫的第一日，便该主动上交协理六宫之权了。毕竟当日陛下可是亲口说的，待到皇后归宫便交还。梅妃姐姐分明是舍不得手上的权力了。萧红云一顿好骂，梅妃脸色越发苍白，眼瞧着这协理六宫之权是要保不住了。梅妃干脆双眼一翻，装晕，倒在了地面上。月平发出一阵惊呼：“梅妃姐姐！” 梅妃姐姐，月萍真情实意地流了两滴眼泪，说道：“萧妃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”梅妃姐姐先与你入宫，你自应礼待于她。”萧红云只淡淡瞥了眼，说道：“哦，看来梅妃姐姐身子也不怎么样啊，这就晕过去了，还不如皇后娘娘呢。”孟棠听到这话，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出声来。楚艺瞧见他笑，心情也跟着好了许多。他道：“萧妃说的是，善还未用人便晕了，扰了雅兴，送回听雪阁。至于协理六宫之权，子潼安排吧。”是陛下。 这是开天辟地头一遭，皇帝、皇后、太后三人在同张桌子上和谐用膳，一顿饭就在诡异的沉默中用完了。太后道：“皇后与哀家一样，平素喜爱礼佛，哀家的这串小叶紫檀便赠与皇后吧。这串佛珠曾经被高僧开过光，跟在哀家身边二十几年，沾了佛性，可保人长乐。”太后将手上的佛珠递过去，这一下不仅皇帝惊讶了，便连嫔妃们都跟着震惊了。这串佛珠就没见太后离过手，日日待夜夜盘，当宝贝似的，旁人碰都碰不得，就这么给皇后了。 确定，这还是以前那个处处刁难皇后的太后吗？亲妈也不过如此了吧？孟堂惊讶道：“母后，这串佛珠跟随您多年，您真要送点臣？给您你,你就收着。哀家就这么一串好东西，皇帝我都没给过。”那话落，他瞥了楚艺一眼：“收下吧。”楚艺道：“这串佛珠确实是好东西。在他第一次瞧见聂竹青的时候，就看到他手上戴着。谢谢母后。”孟堂接过，自然而然的戴到了手腕上。他笑着说道：“母后的一番心意，儿臣必然不会辜负。”聂竹青意味深长道。 你明白就好，所以什么时候替哀家虐虐这薄情寡义的皇帝，可以提上日程了。午宴过后，嫔妃们各回个宫。一路上，他们还未回过神来，不敢置信太后居然会真的对皇后好。太后该不会还有后招吧？嫔妃小声开口：“不像啊，太后向来看不惯了，便直接刁难，就像对梅妃姐姐那样。”这话落，众嫔妃沉默了下来。太后难不成还真转性了？连自己盘了二十多年的佛珠都舍得。楚一本想送孟堂回去，李长福忽然及时来报，他附在楚意耳边小声说了句：“陛下。” 西大营偷窃军械的罪魁祸首有眉目了，已查出来是谁。几位大人正在御书房等着您呢，说是请您尽快过去一趟。楚意犹豫地看了孟唐一眼，孟唐善解人意道：“陛下，您有要事便去忙吧，臣妾先回坤宁宫了。”楚意捏了捏他的小手，道：“回去好生歇着。”孟唐点头。待到皇帝离开，萧红云走过来，他皱着眉道：“你也太没出息了吧！今日若不是我，你这协理六宫之权险些保不住。他们都抢到你头上来了，你竟然还不管？”孟唐笑了，他道。 那便多谢萧妃妹妹了。哼，不用谢我，我可不是为了你，我只是不想看梅妃以后纵横六宫，那我日子还怎么过？不是为了你，知道吗？本宫明白，你都是为了自己，才不是为了我。我哪能有这好福气，让萧妃妹妹替我说话？你明白就好。回到坤宁宫，方宁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好在今日太后没有为难您。”她满脸不解，也不知太后今日是怎么了，不但帮您要回协理六宫之权，还送了您她的宝贝佛珠。孟堂捏着手上的佛珠，道。 人无绝对好坏，他日仇人亦有可能成为今日盟友。孟堂话落，便推开屋门。他确实有些倦了。岂料刚一推，从里面忽然伸出一只血迹斑斑的手，猛地勒住了他的脖子。宫人们吓得惊叫不已。娘娘掐住他脖子的显然是个男人，力气大得很。男人面色狰狞，掐着他从屋中走出来，说道：“皇后，你就是皇后。如今事情败露，我也活不了了。能带走一个是一个。听说陛下很是宠爱你，他灭我九族。” 我就要让他痛不欲生。孟唐袖中藏着刀，本打算抽刀抵抗，听见这话，登时止住了动作。刷好感的机会，这不就来了？都不用他主动创造。皇后娘娘被擒了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宫中守备森严，无人能料到，竟有人能避开守卫，藏于皇后宫中。婢女和太监们吓白了脸。方宁说道：“你快放开我们娘娘！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们都给你。钱吗？还是宝贝？钱？宝贝？”男人张狂的大笑了两声，他道。 我调换军械一事已被发现，一家子人都活不了了。我还要钱做甚？留着去地府花吗？孟唐冷静道：“先前山匪攻山，是你私自偷掉了军械，提供了西大营的军械给山匪。哈哈哈，没错，是我。我本以为那一遭能弄死狗皇帝，万万没想到狗皇帝福大命大。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身为皇后，如今事情败露，我九族都保不住了。我也要让狗皇帝不好过。能调换军械，说明你朝中职位不低，且在军中很有名望。” 能够一路避开宫中的侍卫，说明你对宫中部署十分了解。你伸手了得，能逃避追捕，说明你从小接受训练。听你嗓音，不年轻也不苍老，岁数约莫在四十到五十左右。男人听见这话，大笑道：“皇后娘娘是个心思缜密的。”那皇后娘娘不如猜猜我究竟是谁？锦衣卫指挥使沈方明、孟棠一语落定。这次满身血污的男人讶异的望着他，说道：“你猜对了。不过就算猜对了，又能如何？已经迟了，你已被我挟持。” 生死都掌控在我的手上。”孟唐浅浅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以为拿捏了本宫，陛下就会愿意为了本宫放了你吗？”“哼，我已走投无路，总要是上一世，不是吗？”沈方明望向坤宁宫的下人，说道：“都给我退到一边去，否则我必不让你们娘娘好过。”方宁脸上挂着泪水，他说：“都退开，都退开，你不要伤害我们娘娘。”沈方明挟持着孟唐，一步一步往外走。孟唐捏了捏掌心，额角缓,缓缓渗出了冷汗。 这也是他头一遭被人情，手缓缓朝袖中摸去。沈方明语气轻蔑，另一只手攥住他的手腕，随后顺着袖口往上摸了摸。娘娘，您这袖袋里不简单啊，竟然藏着刀。那刀被他抽了出来。沈方明一手掐着他的脖子，一手拿刀抵在他腰间。他舔了舔干裂的唇，说道：“到底是孟家之女，差点被你阴了。罢了。”孟唐闭了闭眼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指望楚艺能够来得及时。与此同时，萧红云回到玉华宫后，他问采薇：“我母亲那边回信没有？先前让你偷偷弄的药，验出来没有？” 采薇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萧府还未回应，娘娘您别急。谁急了，我才不急。那补药他都喝了那么久了，想来就算真有问题，也喝不死人。况且，也许是我想多了。陛下对皇后娘娘那般好，怎会害她？说不定真就是补药而已。”萧红云嘟囔道：“娘娘，您先前绣的两个荷包，还要送给皇后娘娘吗？”采薇拿起那两个荷包，是对双生莲里面放了安神香，本念着孟堂帮了自己顾宠的份上，打算送一个给他。萧红云摸了摸那荷包，说道：“你送去坤宁宫吧。” 就说是本宫绣多了，他爱要不要？听到这话，采薇忍不住笑了，说道：“是娘娘，奴婢现在就去。”采薇正要走，萧红云想了想，立马拽住了她。她道：“算了，反正现下无事，本宫亲自去一趟。”采薇见到这一幕，好笑的说道：“这才刚分开，娘娘就忍不住去找皇后娘娘了，瞎说！闭嘴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本宫不是本宫没有，本宫送个荷包而已，送完就走。”采薇淡笑不语。采薇是从小就跟着萧红云的，后来萧红云进了宫。 便也把他带进了宫。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萧红云。萧红云脾气是骄纵了些，却没什么害人的坏心思，是个心地柔软的。萧红云走到坤宁宫前，握紧手上的荷包，镇定地咳嗽了两声，示意采薇去敲门。采薇道：“皇后娘娘，我们小主又来看您了。”坤宁宫内此刻人心惶惶。门外，采薇继续道：“我们小主特地绣了荷包要送给您呢。”萧红云小声反驳：“什么特地？随手绣的罢了。你少瞎说。”沈芳明朝方宁使了个眼色，道：“你去开门。”孟唐镇定道。 人质有我就够了，何必连累旁人？沈方明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都说皇后娘娘贤良淑德，性情人厚，如今一看果然如此呢。”放他走。孟唐道：“闭嘴！”沈方明蓦地将刀横在了他脖子上，他满脸杀意地望向方宁，还不赶紧去开门？方宁战战兢兢地打开门。与此同时，孟唐厉喝一声：“萧红云，快走！”萧红云听到孟唐的声音，脸色一变，下一刻他就看清了坤宁宫的现状：皇后娘娘被人持刀挟持了。皇后娘娘。 快走！孟唐用眼神提醒他。沈芳明确道：“听闻你是萧大将军的掌上明珠，在后宫也很是受宠。你给我过来，否则我就……”他手上微微用力，孟唐那刚好没多久的脖梗上便又添了一道红痕。你别伤害皇后娘娘！我过来。萧红云，你别听他的。你以为本宫需要你救？这后宫谁人不知道？陛下对我恩宠有加，近半年来独宠本宫一人。你萧红云算得了什么？根本入不了陛下的亲眼。识相便滚！你多次设计与本宫争宠，本宫早就看你不惯。 不需要你救，沈方明是个亡命之徒，他拿命做局去刷狗皇帝的好感也就罢了。孟唐是绝技，不愿将萧红云牵扯进来的。萧红云说：“你你别乱来，陛下也很是宠爱我的。皇后受伤的那些时日，你以为是谁在哄陛下的开心？陛下对我可一点也不比对皇后差。再说了，我父亲马上就要班师回朝了，我父亲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军，陛下怎会轻慢我？我可比皇后娘娘受重视多了。”萧红云缓缓走向他，他说：“你放开皇后娘娘。” 如果你需要人质筹码的话，我岂不是更适合？况且杀了我，就能让陛下与萧家彻底离心。一个不过受宠了几日的皇后罢了。孟家如今日薄西山，如何能与我相比？我和他交换，你，你放了他。萧红云攥紧了手上的荷包。你说的倒也有道理。孟家如今确实比不过你们萧家。沈方明如此道。沈方明，你敢碰他，我便自刎。孟唐将脖梗往刀刃上压。沈方明抬手，直接劈晕了孟唐。他舔了舔唇角的血液，对萧红云道：“你过来。” 采薇一边哭一边往御书房的方向跑。陛下，陛下！方才开门的一瞬间，萧红云将他一把推开了，叫他去向皇上求救。可是他们娘娘，他们娘娘还在那里啊！御书房里，三位臣子跪在地上，大理寺卿其江海瑟瑟发抖。他说：“臣明明派人好生看守了，臣也没有料到那沈方明竟会越狱，是臣的失职。”他知道今天这一遭，他没有看管好人犯，自己的小命恐是保不住了。厨艺用力将手上的杯盏砸,砸在地上，他说。 大理寺那么多人看不住一个沈方明，你那大理寺是破洞篓子吗？谁都可以进，谁都可以出。楚意疲惫的揉了揉额角，问沈方明现下人在何处？齐江海颤抖着开口，不知所踪，查不到踪迹。楚意指着他，起身来到他面前，冷笑一声，不知所踪，给你家派了那么多人手，你就给我交代一个不知所踪。楚意抬脚用力将他踹翻在地，道：好啊，人人看不住，行踪行踪查不到，若不是朕知道。 朕都要以为你和沈方明是同伙了。佣人，他神情疲惫道：“到大理寺卿办案不力，押下去候审，给朕全力搜查沈方明的下落。此人绝不能久留。”是，陛下。齐江海被人拖下去，令两位臣子劝道：“陛下息怒，莫要伤了龙体。沈方明那贼子绝技逃离不了京城，只是时日问题罢了。”呵，你们谁能和朕保证他逃不了？谁能保证？ 便在此时，李长福带着采薇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陛下！采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说道：“陛下，皇后娘娘被人挟持了，我们娘娘也在那里，求您快过去救救他们！”陛下，陛下！采薇西行到楚仪面前，哭得眼睛都肿了。楚仪转瞬间明白了什么，他伸手指向地上跪着的另外两位臣子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你们说的绝技，逃离不了京城，当真好得很。”说完，怒气冲冲的往外走去。陛下。 臣子们登时追随而去。坤宁宫，沈方明一只手拽着昏迷的孟唐，一只手掐着萧红云。他说：“真好，真好。至于放了谁，要让你们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自己决定了。啊”哈！萧红云满脸怒火，说道：“你说话不算话，大丈夫在世，竟然言而无信，算什么好汉？好汉，老子命都要没了，还谈什么信用？”沈方明似乎是被他这话取悦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如今孟家虽日薄西山，但朔北军仍旧不可小觑。 而萧家为后起新秀，萧红云的父亲更是立下赫赫战功。无论今日狗皇帝选择哪一个，无疑都会得罪另一家，与另一家离心。沈方明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他今日是非带走一个不可。至于带走谁，放了谁，让那狗皇帝自己选，真是痛快。厨一带人急匆匆的走了进来。沈方明果然是你！楚一家砸着怒火的声音传来。沈方明哈哈笑道：“是老子。”萧红云急红了眼，叫道：“陛下，您别管我，快救救皇后娘娘！” 皇后娘娘身子虚，怎能再受搓磨？沈方明扯着两人往外走。他说：“给我备一匹好马，不然……”沈方明手上的刀登时往孟棠脖子上划去。孟棠被一阵刺痛惊醒，缓缓睁开眼，便听见楚意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你莫要伤他们，朕这就叫人去备马，朕会放你安全离开。你放开他们。”楚意谋色幽深，放开他们。沈方明冷笑一声，道、哦：“陛下，今日我只会放开一人，另一人得跟着我。沈方明亡命天涯了，否则我可不信我们薄情寡义的陛下会放我走。” 至于选择放谁，看在曾是君臣的份上，我让陛下您来选，我对您好吧。哈，红云，我选红云。楚艺几乎没有犹豫，便说出了这番话。这种时候，他万不能表现出对孟唐的情谊。沈方明最善揣测圣意，他越是喜爱谁，沈方明越是不会放过谁。沈方明是个睚眦必报的，定然不想让他好过，也不会让他喜爱的人好过。他狠下心肠说出了这番话。萧红云瞪大了双眼，叫道：“陛下，陛下您怎可如此？皇后娘娘待您不薄，您要舍弃她吗？” 楚艺谋色很深，他道：“红云是朕的爱妃，朕怎可置之不理？再者，萧将军即将得胜归朝，朕怎能让红云出事，让萧将军白发人送黑发人？”孟唐面容憔悴，脖梗上的两道血痕鲜红刺目，他声音里打着颤，说道：“所以陛下就舍弃臣妾了吗？”孟唐垂泪道：“也罢，萧妃本就是受本宫牵连才会被抓，陛下是该舍弃臣妾的。”他嘴上虽如此说，眸中的失望与心痛却难以作假。 楚艺瞧见这一幕，心脏闷疼了下。他想，等事后他会好好解释给子潼听。他没有想过要舍弃他，面上却仍旧装出一副冷漠样，说道：“朕相信皇后会理解朕。朕的皇后是个大度的女子。”沈方明一阵狞笑，说道：“我还当皇后有多受宠，还不是毫不犹豫的就被陛下抛弃了？哈哈，就这样，孟家却还在为陛下卖命，孟家也不心寒吗？你不要挑拨离间了。”孟唐颤抖着说道，他身形瘦削，好似一朵即将枯萎凋零的花。她说：“臣妾明白的，陛下。” 您不用管臣妾死活了。说完，他缓缓闭起眸，道：“臣妾今日终究是拖累了陛下，也好，若是能就此死在此人手上，也算是一种解脱了。只是可怜了萧妃妹妹，要陪臣妾受此大难，指望陛下日后能够好好对待萧妃妹妹。陛下若有来生，臣妾不愿再做这宫中鸟。”孟唐说完这话，毫不犹豫的往刀刃上撞去。紫瞳，皇后娘娘、唐二<儿>、楚艺、萧红云、孟晕齐齐惊呼。孟晕一赶来，就看到他们要自枪的一幕。 内心大痛，沈方明被皇后这么一击，下意识收刀，推开了萧红云。他本想带萧红云走，如今萧家不是对楚艺很重要吗？他要让萧家对他彻底失望。可看见孟唐这副伤心绝望，甚至不惜自戕的模样，沈方明当即改变了主意，让皇帝失去一个全心全意深爱他的人，要远比失去一个因家族利益纳入后宫的人要痛快得多。羞辱一国皇后，更能让楚艺暴怒，且说不定还能让孟家就此反了。楚艺不是选择了萧红云吗？那皇后就归他了。 皇后娘娘，她不要你了，我要你。见马已到，他抓着孟唐上马，说道：“既然陛下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皇后娘娘我就带走了。”孟唐松了口气，萧红云那个小傻子安全了。孟唐自是理解楚意的心思，倘若要保他，便要装出一副无情无义样，叫沈芳明觉得他对楚意而言不重要。可如果那样的话，被抓走的就是萧红云了。萧红云是个憨傻的，孟唐演归演。 并不希望牵连到这个傻姑娘。朔北军事后探听天下事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。孟唐早已将朝中大臣的底细查了个清清楚楚，包括这位锦衣卫指挥使沈方明。沈方明曾有一妻子，伉俪情深，于八年前众皇子夺嫡之争中丧命，死得坚决果断，与今日往刀上撞去的孟唐别无二致。孟唐赌的便是沈方明会在他身上看见亡妻的影子。孟唐赌对了，小傻子的救了，该轮到他表演了。孟唐被沈方明粗鲁地按在马背上，他回过头看了楚逸一眼，他眼眶通红。 那一眼便是诀别，是死生不复相见。他嘴唇轻轻碰了碰，隐隐说了“后会无期”四个字，一滴泪顺着眼角滑落，消散于初夏带着热意的风中。孟棠最后看了楚意一眼，便坚定地扭过了头，身子轻颤。沈方明看到这一幕，大笑一声，道：“如此舍不得那狗皇帝、皇后娘娘，只可惜您说再多，做再多，终究是帝王无情啊！”沈方明说完，便策马往外冲去。皇后娘娘在他手上，侍卫们不敢拦，纷纷让出一条道来。沈方明笑得猖狂。 倘若不想你们皇后娘娘死，便莫要拦路，否则你们拦一分，皇后娘娘身上便多一条伤痕。啧啧，瞧瞧娘娘这一身细皮嫩肉，我倒要看看她能挨得了几下。沈芳明手背从孟棠脸颊上抚过，刚才孟棠诀别的那一眼令厨艺大痛。他说：“放他走，绝不能，绝不能叫他伤到孟棠。他是真的被他伤透了心，一句话也未同他说，目光如此的坚定决绝。他不想活了。这一瞬间，厨艺脑子里冒出了这个想法。” 他怎能不想活？他叫他活，他就必须好好的活着，还得活在他楚艺能够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地方。陛下，请您和您的侍卫们莫要追上来，我若是发现了追兵，便只能拿皇后娘娘开刀了。您明白的吧？您就算不爱皇后娘娘，也得看在孟家和朔北军的份上。如果您真的不怕孟家心寒，便尽管追来杀了老子。哈哈！楚艺眼睁睁地看着沈方明扬长而去，攥紧了拳头。孟晕问：“陛下，唐儿还在他手上，就真不追了？”楚艺双目泛红，他道。 朕一人去追，子枫在宫内守着，以防还有残党。说完，楚意翻身上马。孟晕道：“陛下，唐儿是我唯一的妹子，我要她好好活着。”楚意目光郑重：“朕来之前便已做了两手安排，子枫放心，朕必待唐儿安然归来。那臣就再信陛下一次。”说完，楚意策马扬鞭，毫不犹豫地往宫外而去。楚意是个走一步算十步的人，若是沈方明能识相放了孟棠自然好；若是放走的是萧红云，他亦有第二手准备，只是要凶险上许多。沈芳明是绝迹不可能活着离京的。 沈方明回首看了眼身后，他说：“皇后娘娘情深如许，那狗皇帝就这么糟践你，皇后娘娘觉得值吗？老子最看不惯好女人被人糟践了。皇后娘娘，我可送你去朔北，逃脱皇宫这牢笼。你去是不去？但你也要保证，去了朔北后，你要留下我一条性命。”孟棠泪眼朦胧，有些讶异的瞥了沈方明一眼，问：“为何要送我去朔北？”沈方明看着他柔软的面庞，心软了一下，想到了他的妻子条条，他说：“曾有人告知于我。” 女子亦可建功立业。想到条条说过的话，沈芳明面容变得格外的柔和。他继续道：“都说这天下是男儿的天下，是男人用热血拼搏出来的。可有人却对我说，女人亦可上阵杀敌，说这天下女子不该被拘于内宅。”他脸上带着怀念，眸中一蒙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水光。皇后娘娘，看到你今日的所说所做，我便想到了她。她是这天底下最好的女子，她不应该，不应该死的那样惨。我本可以为她报仇，可楚意却宽恕了害她而死的罪人。楚意。 楚艺，孟唐明知故问道：“她是谁？”“她叫顾条，是我已逝的爱妻。八年前，我为她厨艺上阵拼搏，条条留在内都。我的条条是个坚韧的女子，在敌军杀到家门口后，也披甲上阵，带着所有家丁抵死抗衡。可当时局势偏向于大皇子，大皇子有金中四营在手，把持朝政，我们又怎会是他的对手？大皇子派人屠城那一日，我的条条最终不敌，被敌军所掳。我赶到时，看到她被被那群军痞子压在地上凌辱。她那么骄傲的女子。” 流着泪和我说：“方明来是在续今生源，便吞金自尽了。”沈方明伸手抹了抹眼角，他道：“我本可杀了他们，厨艺得胜，那些军痞子被抓后，厨艺却劝降了他们，他竟劝降收编了他们。那我的条条呢？我的条条怎么办？我恨厨艺，我恨不得他去死。我一想到他手底下还有不知道多少这种兵、这种臣，我就恨不得覆灭了整个大庸。若是那些军械是留给这些人用的，我还不如送给山匪。”孟唐说。 你大可以有仇报仇，去杀了那些害死条条的真凶。军中并非都是十恶不赦之辈，你可曾想过，山匪亦非好人。若是山匪烧杀劫掠，又会出现多少像条条那样的可悲女子？沈方明咬牙切齿道：“我只要楚一死，只要他能死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我要他去地底下向我的条条赔罪。人这一生里，总会遇见一个会让自己惊艳一生的人。与沈方明而言，条条就是那个人。皇后娘娘，我欣赏你，你不愿做这宫中鸟，我便带你挣出这束缚。” 天大地大，总有容身之处。你要去朔北吗？我可带你去朔北。迢迢总说前朝没有女将军的先例，她或可开着先河。可如今她死了，世间再无有像她这样的女子。不过皇后娘娘，我看你倒也不差。这个叫迢迢的女子确实十分特殊，孟棠甚至都要怀疑她是不是穿越过来的了。沈芳明伸手替她擦去眼角的泪水，他说：“为了狗皇帝那种人哭，真的不值得。”皇后娘娘，您的泪水该留给更重要的人。他是在说服孟棠，亦是在为自己搏一线生机。 只要孟家不再受楚意的束缚，朔北军便是正出牢笼的雄狮。如果孟唐不是被迫来到这个世界，没有被强制绑定在楚意身边，确实如沈方明所言，他也不会甘于留在后宫内宅，或可上阵杀敌，与孟家世代将军一样，成为人人称颂的大将军；或可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，游历四方，踏遍这大好河山。可他没有这样的机会，他想回家，想回家的欲望要远胜于一切。孟唐冲着他讽刺一笑，他说：“你既知楚意是个无情无义之人，便该知道楚意是不会为了我。” 放你离开京城的，沈芳明自嘲道：“皇后娘娘，我当然知晓。但若是我要死了，我必拉着你一起。叫孟家寒心，我死也不会让楚艺好过。皇后娘娘，你一颗心都在那狗皇帝身上，何必呢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回家。这世上比狗皇帝好的男人多的是，比如你眼前的我。倘若你不是皇后娘娘，我偏要将你强娶回去不可。”孟唐忽地笑了，他道：“你总说你对妻子一往情深，条条确实是个很不错的女子。” 可你却并不是合格的丈夫。于条条这样的女人而言，强娶二字无异于侮辱。条条教了你那么多，你却一点都未学会如何尊重女子。于女人而言，要的是两情相悦，而不是强迫。沈方明听到这话，愣了下，他忽然结结巴巴的开口：“条条，条条也说过这样的话。你真是，真是和她太像了。世间怎会有你们这样的女子，还一下子让我碰见了两个皇后娘娘？倘若你不愿去朔北，等出了城门，我便放你离开。天大地大，任你遨游。可惜了。”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，沈方明也没有，孟唐也在。可惜沈方明这个人，他并不是十恶不赦之徒，当真是一步错不不错。若是那条条还活着，沈方明必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儿郎，何至于走到如今这地步？沈方明一路策马飞奔，等出了城门，忽的见不远处有一毛驴挡住了去路，且那毛驴上还坐着一个白衣僧人，眼瞧着快马就要和那毛驴撞上，沈方明厉喝一声：“哪来的秃驴，给老子让开！”也不知是在骂人还是在骂驴，那驴是个秃的，人也同样是个秃的。 看到这一幕，孟唐嘴角一抽，可不就是玉印那个野和尚？快马和毛驴瞬间相撞，沈方明连忙拉紧缰绳，可已经迟了，那驴被撞得嗷嗷直叫。至于驴背上的僧人，白衣僧人旋身而起，足尖轻踏，避开了撞来的快马。沈方明猛地抬头，刹那间天空中似闪过了一道银光，紧接着他便什么也看不到了，一根银线勒在他脖子上，这银线不知是什么做的，锋利坚韧，竟直接割下了沈方明的脑袋。这个前一刻还和自己说等出了城就放了他。 天大地大人，他遨游的人就这么被摘下了脑袋，热血喷了。孟堂满脸满身，孟堂一下子懵住了，甚至浓郁作呕的血腥味都没能唤醒他。马儿被惊，沈方明的尸体被摔落在地。玉印厉喝一声：“皇后娘娘，小心！”孟堂回过神，汹涌的恶心感席卷了上来，想吐。受惊的马也不停的四周打转，疯狂挣扎。孟堂连忙拉紧了缰绳，觉得更作呕了，颠得他胃不舒服。玉印骑驴追上去，他朝孟堂伸出手，道：“娘娘，抓住。” 孟棠抱着马脖子，瞥了那手一眼，玉印道：“信我，娘娘。”孟棠颤抖着伸手搭上玉印那只素白的手，玉印握紧，随即用力一拉，另一只手及时抱住孟棠的腰肢，将她抱上了驴背，护在怀中。毛驴似是不堪两个人的重量，用力踏了踏蹄，玉印连忙安抚道：“我的小祖宗，那边的马发疯也就算了，你就别发疯了，行不行？”毛驴又嗷嗷叫了两声，这才安稳下来。温香软玉在怀，玉印头一回抱女人，抱的还是皇上的女人。玉印看着怀中人，问。 没事吧，娘娘？血腥味一阵一阵的往孟棠鼻子里涌。孟棠睁大了眼睛，问他：“你一个和尚，竟杀人？杀人也就算了，竟杀得如此粗暴！”孟棠又何尝不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摘了脑袋？甚至这个人上一刻还在和他说着话。玉英立马假模假样的开口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贫僧一生吃素念经，从不杀人。贫僧杀的不是人。”孟棠又问：“这就是出家人不打诳语？”玉英颔首说道：“贫僧从不说瞎话。”哦。 孟棠终是忍不住，吐了个稀里哗啦，中午用的膳全都吐在了玉印的身上，玉印脸都黑了。哦，孟唐吐了一次还不够，又吐了。玉印恨不得把他丢下驴，可看到孟唐憔悴苍白的小脸，生生止住了这动作。他掏出帕子替孟唐擦掉脸上的血渍，说道：“娘娘可别再吐了，我这僧衣都不能穿了。”多少钱？我赔你。孟唐强制忍下那股恶心感，玉印又好气又好笑，说道：“是钱的事。”孟唐后知后觉，他趴在了玉印怀里，实为不妥。孟唐连忙起身。 跳下这毛驴，腿又是一软，玉印连忙伸手搭了他一把。他身上若有若无的茉莉香，在这股血腥味显得尤为清新。玉印怔了下，说道：“娘娘小心。”孟堂缓缓吐出一口气，镇定了下来。待缓了过来，孟堂虽脸色还是苍白，却也没有先前那般虚弱可怕了。他问：“圣僧怎会在此地？”玉印摸了把自己的光头，说道：“还不是死鼠意，让贫僧祭天大典过后就去青州清剿鲁威王余孽。贫僧今天刚要骑驴上任去青州呢，他倒好。” 养的海东亲啄了我好几口不说，还送了信让我在城门外等着，必须杀了沈方明，否则他就杀了我。哪有他这样的？贫僧是和尚，整日竟让贫僧干一些打打杀杀的活，真晦气！贫僧真是倒了八辈子霉，认识了他。原来楚艺在城外早有安排，怪不得会放沈方明离开。说起来，这也和上身手劲这般好，这么好的身手，确实不用来杀敌可惜了。真是看不出来，圣僧如此了得，这身手恐怕世间少有了吧？玉应连忙摆了摆手。 谦虚道：“一般一般，世间第三。”孟棠对他道：“既然圣僧此间事已了，赶紧骑驴上任去吧。”孟棠一边说，一边开始扯自己的衣物，又弄乱自己的头发，让自己看起来狼狈极了。玉印忍不住道：“你这是做甚？贫僧可没有对你做什么。”孟棠瞥了他一眼，问：“你还不走？他要开眼了，我就不走。你确定？”孟棠意味深长道：“厨艺快到了，我要留着看戏。行，你看谁能保证盛怒下的楚艺会干出什么事呢？” 指望这野和尚一会还能留一条小命吧？说厨艺，厨艺道，厨艺骑马而来，他脸上带着忧色，唤了一声唐儿。前一刻还镇定自若的孟唐，娇弱的身躯登时一颤，目中带着盈盈泪光，缓缓后退了一步。厨艺下马，朝他走来，他越是逼近，孟唐便越退。厨艺对他已经有六十二好感，可以适当的做一做了，小做怡情。陛下，您别过来，您既已选了萧妃，还管臣妾死活作甚？臣妾在陛下心里，左不过只是个小玩意，陛下高兴了便宠幸两下。 不高兴便将臣妾放后宫里冷落七年，臣妾算得了什么？不知不觉中，他早已泪流满面，语气里满满都是自嘲。这七年来她，他终究是伤到了他。他像是失望极了，一副不愿看他的样子，倔强的扭过了头。他说：“陛下，您可曾算过您来坤宁宫的次数？头五年您只来了二十一次，这二十一次，没有人记得比臣妾还清楚了。臣妾每每怀着欢喜的心情迎接陛下时，陛下您可曾给过臣妾一个笑脸？”孟堂轻轻吐出一口气，他道：“就算是这屈指可数的二十一次。” 你也从不曾留下过夜，您根本不在乎外界会怎么议论臣妾这个皇后，臣妾做错了什么？臣妾什么都没做错，只是嫁给了帝王而已。她往常漂亮的秋水眸都失了神采，倦了也累了，满脸都是疲惫。即便臣妾在后宫过得如此不好，臣妾也依旧要做出一副温婉贤良的样子。臣妾也曾是高傲的世家女，在后宫却过得连一个奴婢都不如，要靠着他们的好脸色才能有一顿饱饭，才不至于在冬日里冻死饿死。奴婢都是些知恩图报的，臣妾对他们好，他们便也对臣妾好。若非他们。 臣妾恐早就成为后宫一缕孤魂，奴婢都知知恩图报，而楚意却不知，连让孟家的女子在后宫过好些都做不到。臣妾真的好累，好累。他对他已然失望至极，那双曾经装满爱意的眸子，此刻里面盛满了拒人千里之外的寒霜。唐儿，朕，朕，楚意也被他说得红了眼眶。前些年的不在意是真，冷落也是真。他和他的母妃曾在后宫吃过受人冷落白眼的苦，他的皇后也在不知不觉中尝了一遭这样的痛。是楚意的无视，楚意的不在意，造就了这一切。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。 这种时候就要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孟堂摇着头打断他的话，他伸手抹了抹眼泪，说道：“臣妾不愿，陛下真的不愿。臣妾是皇后，皇后就理应大度，哪怕在生死抉择中，陛下选择了萧妃生，臣妾死，臣妾也不能怨。臣妾什么都懂，可陛下，臣妾的心也是肉长的。要让臣妾像以前那样对您，臣妾终究是做不到了。臣妾的心好痛好痛，陛下您可知，在您选择了旁人的那一刻，臣妾就忽然觉得很可笑。臣妾这七年来就像一个笑话，瞧着风光无比。” 一国之后，可实际上呢，要仰仗着您的宠爱才能活在这后宫。臣妾将一颗心全心全意的赠给您，您不要，臣妾也要小心翼翼的捧着跪着献到您面前。臣妾真的已经没有什么能给您的了，只剩下这条命了。这条命本也该在今日同那逆贼一同消逝。臣妾是个福薄的人，终究承受不起帝王恩。唐儿，楚艺满面痛苦，他走上前，他越是抗拒，他便越是靠近。他抓着他的小手，孟棠拼命往后缩着，他眼底难掩失望。他道：“陛下，您还想强迫臣妾吗？” 其实，在您眼中，臣妾虽贵为皇后，您可曾有一日将臣妾视作与您平起平坐的妻子？您可有尊重过臣妾的意愿？每回事情，臣妾说了好多遍身子不适，你也总是不顾臣妾的想法，肆意妄为。臣妾痛，你也不管不顾，过度的索取。玉印，玉印，好尴尬。他觉得他不应该在这里，但又很好奇心痒痒，想看孟棠还要怎么演。便如此刻，臣妾不想陛下靠近，陛下不顾臣妾的意愿，非要靠近。陛下。 臣妾看似是皇后，实则不过您宫中养着的一个玩意罢了。唐儿，楚艺惊慌失措地松开了手。没有人教过他要怎么与自己喜欢的人相处。他幼时就已经见证了后宫的残酷，并深受其害，因此楚艺只知道，想要的就得去争，得去抢；喜欢的就要禁锢在自己身边，不择手段地得到手。他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地喜欢一个人，爱一个人。朕错了，他说，这是楚艺七年来头一回认错。楚艺做事向来随心，谁敢让他认错？谁能？孟唐是唯一一个。 玉英看得连连啧舌，皇后娘娘果然是最特殊的。楚意深情款款地望着孟唐，他想，他可以为了孟唐去改变，去学会如何去爱。孟唐眼睁睁看着好感度缓缓往上涨了一格。唐儿，你听我解释，其实今日之事不是你所想的那样。那沈芳明心思深沉，他急着解释，连自称也忘了。孟唐好感还没刷够，楚意想当个油嘴的皇帝。孟唐自是不语，他打断楚意的话，道：“陛下，便如那日我们一同落崖后，您对我说过的那句话，舍弃了便是舍弃了。” 您在今日舍弃了臣妾是真。楚一身形高大，此刻却像个犯了错的大型犬，垂着头，握紧了拳。他想说，他没有想过要舍弃他，从来没有。孟唐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您总说要让臣妾理解您，可是陛下，您理解过臣妾吗？臣妾的一颗真心摔碎后，再缝缝补补，也不是曾经那一颗了。臣妾今日本没想过要活着回宫，晶莹的泪水滑至他的下巴。这话似乎刺激到了楚意，他猛地抬头，一只手死死攥住他的手腕，道：“唐儿，你想离开我？” 想死，朕不允许！他双目泛红，那一刹那，偏执的情绪又疯狂涌了出来。您抓疼臣妾了，臣妾既今日还留着一条命，自是不会再寻短见。臣妾还有父兄，若是臣妾出了什么事，臣妾的父兄该怎么办呢？听到这话，楚艺缓缓松开手，又忍不住开始失望。是为了父兄，不是因为他。楚艺心头泛起一阵苦涩。孟堂这双朱唇，曾经像进了蜜一样甜，让他感受过情欲的美好，如今却勾具带着锋利的刃，刀刀割在他心头。臣妾累了。孟棠淡淡开口。 看着只动了一格的好感，忍不住开始失望。太抠门了，太抠门了，狗东西！他刚这样想着，只见那进度条又缓缓往上爬了一格，六十四了。孟堂直呼好家伙，狗皇帝就是的虐，更加坚信了他要做到底的想法。否则楚艺这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，不知道“尊重”二字怎么写的狗东西，怎么能全心全意的爱上一个人呢？连沈方明都比他强。对了，沈方明，等回宫后，他得替条条讨一个公道，让楚艺处死那些凌辱过条条的人。史上因军纪不严而败的例子还少吗？ 那些人只会祸乱军营，迟早生出事端。他们不配活着。孟棠暗暗想到。臣妾回宫了。孟棠朝楚意扶了扶身子，又瞥了玉印一眼，也和尚好自为之吧。唐儿，朕送你。楚艺当即道：“不必，陛下莫不是忘了，臣妾是孟家人，其恕了德。臣妾能自己回宫。”他挺直脊背，朝马儿走去。楚艺看着这样的孟棠，他倔强坚韧，却同时又带着一分柔软，比后宫任何女子都要好。孟棠翻身上马，扬鞭而去。楚意怔怔的看了许久，唐儿终究是怨她了。不过也正是爱之深。 才会怨之妾，说明他在意他。唐儿不喜欢的，他会学着去改。陛下，您的马被骑走了，要不您骑贫僧的驴回去？楚一那匹正常的好马被孟唐骑走了，此地只剩下一头驴以及一头发疯的疯马。楚一终于意识到现场还有第三个人在，看见不远处骑在驴上的玉印，楚一不满问道：“你怎么还在？方才那一句句一幕幕，玉印全都听到看到了。”楚一在外人面前向来果决狠辣，何曾这般憋屈过？见识过他微末时模样的人，除了太后都已经死了。楚艺沉着脸。 乌黑的眸里浮现出一层霜雪，玉印不禁感叹：“楚意变脸之快。”他扬了扬眉，想说：“我看戏不行吗？”他道：“正要走，正要走，陛下莫要见怪，贫僧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，我这驴可蠢的，很想来，陛下也不会想要。陛下，贫僧告辞了。”慢着，楚意叫住了他，他上下打量他，看到他这一身血以及身上的秽物，脸色不太好看。那血分明就是在孟堂身上沾上的，你身上怎会有血？你抱他了？楚意眯了眯眸。 眸中浮现出不悦与偏执，玉印大惊失色，他忘了这一茬，忘了自己身上也沾了血。告辞！玉印骑着驴就想跑，哪只手抱的他，厨艺又问他疯狂的占有欲涌了上来，眸中的偏执压抑不住。看到他这副模样，玉印哪还敢逗留？骑驴上任是一刻也耽误不得了，后会无期，再也不见！玉印大喝一声，那毛驴撒开腿就往城外跑。厨艺沉着脸啧了一声，憋闷的扯了扯嘴角，想到孟堂方才那些话，心中又不安又惶然，他得赶紧回宫找他。 此地仅剩一匹疯马，楚艺别无选择的朝那疯马走去。疯马好，越难驯服的马，他楚艺越爱。孟棠回了坤宁宫，方宁大喜，方宁不顾规矩的忍不住抱了上去，哭道：“娘娘，您总算回来了，奴婢还以为还以为呜呜，她哭得好伤心。”乾坤宫其他婢女太监也忍不住红了眼眶：“娘娘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”方宁连忙呵斥道：“什么死不死的，不许说这个字！”呜呜，呜，方宁放开孟棠，一边抹泪一边问：“娘娘，您怎么身上都是血？” 您是不是哪里受伤了？奴婢这就去喊太医。孟堂拽住他，无奈道：“本宫无碍，不是本宫的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方宁松了口气，奴婢去为娘娘打水来，娘娘赶紧洗干净，换一身新的。嗯，去吧。萧红云在得知孟堂无事的第一时间，便匆匆赶来了坤宁宫。宫人们得到过孟堂的命令，以后萧妃来都无需阻拦。萧红云一路畅通无阻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刚走到门口，萧红云便焦急地唤道：“此时。” 孟棠刚沐浴完，换了干净的衣服，他心气总算顺了些，身上那股浓重的血腥味不见了，黏腻感也消失了。萧红云眼含热泪，急忙走进来，想到方才发生的事以及陛下的选择，他道：“皇后娘娘，您别伤心，陛下选妾身一定有他的考量。陛下真正放在心上的是皇后娘娘您啊。”萧红云忙着解释，站在孟棠面前，也顾不得坐下了。他道：“妾身实话和您说，其实自臣妾入宫后，陛下虽隔三差五就去妾身宫里，实际上一次也没宠幸过妾身。” 妾身到如今都还是完璧之身，陛下对妾身只有嫌弃，他是一点也没将妾身放在心上的。所以娘娘您不要难过，您才是陛下心尖上的人。陛下那样选一定有他的理由，不是他的真心想法。想到孟棠决绝,绝朝刀撞去的画面，萧红云想想就后怕，那得对伤心绝望，才会不管不顾的自戕。皇后娘娘爱陛下爱得如此深沉，也不怪陛下这一遭伤透了娘娘的心。萧红云就怕孟唐回来后会再次想不开寻短见，这才急忙跑来解释。 他那双眼睛小心翼翼的看着孟棠，孟棠抓住他小手，道：“妹妹，你没事吧？你身上可有哪里伤着了？”和本宫说。萧红云眼眶热了，竟忍不住落泪。她想，皇后娘娘都这样了，竟然开口的第一句话是问她有没有受伤，她真的太好了。萧红云连忙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妾身无事，倒是皇后娘娘您，您这番受了这么大委屈，您……嗯、孟棠知道她心中所想，虚弱的扯了扯唇角，露出一抹浅笑来。她道：“妹妹。” 本宫无事，无需担心。她真的好坚强。什么叫无事？脖子上那两道伤口那么显眼，惹人注目，这叫无事吗？而且身体上的伤是小，重要的是心伤啊！心伤难愈。经历这一遭，皇后娘娘恐怕真的要抑郁成疾了。都说孟棠温婉大方，可没人能瞧见这温婉大方的皮箱下掩藏的心酸。萧红云光是想想，便替皇后感到难过。她反握住孟棠的手，说：“娘娘，你有什么委屈，尽管和妾身说，妾身会听。” 您千万不要憋在心里，萧红云是真的怕他会被憋出病来。萧红云这一番好意，让孟唐心热了些。他说：“本宫真的无事。”萧红云见他这副模样，顿时更加难受了。明眼人都能瞧得出来，这哪是无事，分明是伤心大发了。就在这时，方宁赶忙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娘娘，陛下来了。”孟唐用最柔软的语气，吐出最冰冷的字眼：“不见，就和陛下说本宫病了，不宜见人。”萧红云听见这话，一张漂亮的小脸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来。 还说没事，连陛下都不肯见了。皇后娘娘，这明显是恼了陛下、啊。要知道，平日里陛下与娘娘感情深厚，旁人插都插不进去。方宁出去回话了。萧红云像个犯了错的孩子，不知所措的绞着手上的手帕。他觉得都是他的错，如果不是陛下二则一众选了他，皇后娘娘又怎么会伤心难受，怎会拒陛下于千里之外？他真是个祸水。萧红云磕磕巴巴的安慰道：“皇后娘娘，陛下这般急匆匆的找来，想来是关心您的，不如您见一见。” 他哪是关心我，孟唐懒洋,洋洋的靠在软垫上，他自是看出了萧红云心中所想。他道：“萧妃妹妹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无需自责。”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是本宫将情爱看得太重，才落到这般境的，是本宫的错，怨不得旁人。若是今日死在那逆贼手上，倒也一了百了了。”见他这般，萧红云眼眶红了。自古以来，情之一字最是难解。陛下这番是真的叫皇后娘娘心如死灰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娘娘莫要这般说，陛下心里定然也是有娘娘的。 您是不知道，在您被逆贼劫走后，妾身还是头一回瞧见陛下如此焦急的模样。陛下对娘娘也是一往情深，娘娘莫要多想。坤宁宫外，方宁走出来，他道：“回陛下，娘娘身子不适，不宜见客。若是陛下为着娘娘的着想，便请回吧。”这是方宁头一次这么感人，感的还是陛下，实在是又惶恐又酸爽。方宁心里也是怨的，怨陛下在那种时候竟毫不犹豫的选择萧妃，没有一丝踌躇，唯有真无情才能做到如此地步吧？娘娘心生怨气，不肯见陛下。 也是情有可原，楚艺心中难掩失望，他竟连见他一面也不肯了。他问他身子还好吗？脖子上的伤口可有包扎？可有找太医过来好好瞧过？方宁扶了扶身子，回道：“娘娘怎么会好？先前伤口刚愈，如今又添新伤，也不知会不会留疤。太医来瞧过了，但身体上的伤是小，心上伤了可就真的伤了，心极难愈啊！陛下，换做以往，方宁是万不敢像楚艺这样说话的。可今日，方宁实在忍不住了，为自家娘娘感到委屈。娘娘那般好的人，在那样的抉择里……” 竟成了被舍弃的一个，谁能不伤心？谁能不愿？娘娘终究不是圣人。楚艺往坤宁宫里瞧，坤宁宫此时已经恢复了秩序，宫人们安静的守在殿外。楚艺道：“朕想见他，朕只见他一面，见一面就走，不会打搅他。”说完，楚意欲往坤宁宫内走，方宁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拦在楚意面前。他道：“娘娘说了，身子不适，不宜见人，还望陛下不要为难奴婢。”你敢拦我？楚意眯了眯眸，方宁高声道：“就当是奴婢求求陛下。” 娘娘身虚体弱，又受此大惊，陛下就让娘娘好好歇着吧，不要再去打搅娘娘了。今日陛下就算要处死奴婢，奴婢也会拦在陛下面前。孟唐说了不见方宁，就绝不会让楚意进坤宁宫的门，叫娘娘看了烦心。在方宁心里，没有人比皇后娘娘更加重要了。方宁是跟着孟唐从孟府出来的，楚意虽怒，也不好罚她。她这边刚惹了孟唐伤心，后脚就去罚她的婢女，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？她先前才说了会改，楚一身吸气，提醒自己，皇后恼了她。 他不能再做出让皇后伤心的事情来。他镇定下来，道：“那便让皇后好生歇着。你们这些做下人的，务必伺候好皇后，不得有丝毫怠慢。皇后这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立即派人来通禀朕。”方宁听到这话，松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是，奴婢明白了。”送走楚艺这尊大佛后，方宁起身回了殿内。孟唐正和萧红云说着话，瞧见他，孟唐问：“陛下可走了？”方宁点了点头，将方才发生的事说给了孟唐听。孟唐微微勾唇，说道：“你做得很好。” 本宫现在不想见他。萧红云此刻却有些担心，帝王无情啊，他怕孟棠这样做，真把陛下给推到旁人那去了。后宫从不缺女人，萧红云便道：“娘娘，您就不怕此举将陛下越推越远，推到其他嫔妃那去？”哼，不用侍寝，正合他意呢。侍寝才是门真正的苦活。孟棠抬眸问他：“你想陛下今夜去你那吗？”萧红云一慌，说道：“娘娘，陛下就算来了，臣妾这儿又能如何？臣妾不需要。如今娘娘。” 才是最需要陛下安慰的人。陛下每次过来都是只为了看她跳舞，有时候一跳就是一整宿，一双腿都差点跳废了。这哪是宠幸，明明就是酷刑。孟堂不置可否，他轻轻咳嗽两声，说道：“陛下若是想去其他妃嫔呢？那便去吧，本宫还能阻挠他不成？他以往也没少去，本宫又能如何呢？说起来，雨露均沾，开枝散叶，本就是陛下的职责所在，本宫又有什么好介意的？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，皇后娘娘当真心灰意冷了，她得想想办法。” 萧红云想，绝不能让娘娘这么意志消沉下去。御书房，楚艺叫来了孟晕。孟晕一身猩红飞鱼服，半跪在地上。他道：“臣参见皇上。子台台”子枫免礼。楚意抬了抬手，楚意叹了口气。他道：“此次叫你过来，是为了与你说皇后的事。”孟晕当即急道：“堂儿他怎么了？可是伤得很重？”楚意说：“身上的伤已有太医医治，不严重。只是子彤他终究是因为今日之事怨了朕，不肯见朕。朕怕他长此以往会生心病。子枫，你若是有空，便去坤宁宫看看他。” 开解开解他，孟云当即道：“臣会的。”他沉默了会，终是忍不住问出了一直憋在心头的那个问题。他道：“陛下，今日唐儿和萧妃娘娘同时被劫，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萧妃娘娘，是否在您心里，唐儿终究是不重要的？若真如此，那这么多年来，他们孟家的隐忍又算什么？”楚一听见这话，苦笑道：“便连子枫也这样以为吗？所有人都这样想她，他都觉得他为了萧红云放弃了孟棠。可他的苦衷又有谁知道？”他道：“子彤不肯听朕解释。” 但子枫，朕向你保证，朕从未想要放弃他。那沈芳明心思深沉，向来会揣测圣意。朕当时若是有丝毫犹豫，都会叫他看出朕在乎唐儿。朕不敢赌，朕不敢让他看出来朕对唐儿的在意，否则以他对朕的恨意，不知道他会对唐儿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为保唐儿，朕只能那样说。他面露苦涩，道：“子枫，朕是万不会拿他的命去冒险的，你能明白吗？”楚艺缓缓吐出一口气来，眉宇间也沾上了几分疲惫。孟云听见这番话，也跟着松了口气。他道。 臣知道了，臣会将这番话解释给唐儿听。至于唐儿愿不愿意信，便看唐儿自己了。楚一抬头与他对视，他说了句：“谢谢你，子枫。”眼瞧着天色渐黑，宫门即将落锁，孟晕赶在落锁前，匆匆赶来坤宁宫。此时，萧红云刚安慰完皇后，正要离开坤宁宫，他站在廊上，瞧见了朝这方走来的孟晕。孟晕冲着他行了个礼，道：“请萧妃娘娘安。”萧红云拿团扇遮脸，抬了抬手示意他起身。他满脸愁绪道：“孟百户来了，现下皇后娘娘情绪不稳。” 妾身怕娘娘长此以往下去抑郁成疾，劳请孟百户好生开解娘娘一番。孟云这才正眼瞧了瞧萧红云。传闻萧妃跋扈，如今看来，传闻也不能尽信。今日在坤宁宫发生事，孟云已经听闻了。这个名声不好的萧妃，为了唐儿，竟甘愿拿自己做人质与唐儿交换，心性是个好的。他低声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孟某记住了，多谢萧妃娘娘为唐儿尽的这份心，孟某感激不尽。他日娘娘若有需要孟某之处，孟某必义不容辞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孟云便往殿内走去。 孟云方才那句话低低沉沉的，竟叫他耳朵有些发酥发麻。萧红云情不自禁摸了摸自己的耳朵，耳根也跟着红了。他想，孟云虽已不是昔日那登高望远被人追捧的少将军，却仍旧傲骨满身。“晕”字意为美好，文武双全，财富加深。可见孟家对他寄予厚望。却为了亲妹妹甘愿折服。可雄狮伪装成了家猫，也还是雄狮。萧红云收回目光，对采薇道：“采薇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”娘娘，孟百户可真好看。萧红云笑了，她伸手敲了下采薇的脑袋。 好看也不是你的，快走吧！莫要对着男人发痴了。采薇便也跟着笑了。殿内，孟云瞧着孟堂憔悴的面庞，心疼了，说道：“唐儿，此番苦了你了。”孟堂摇了摇头，他道：“大哥，你怎的来了？”于是孟云便将先前楚意与他的对话说给了孟堂听，他不忍见孟堂继续憔悴下去，便道：“陛下也是有苦衷，不是真的抛弃你。唐儿你，你莫要因此事儿积郁在心。”孟堂叹了口气，神情恹恹的：“大哥，人人都说他是不得已。” 他有苦衷，可我呢？在他选了旁人那一刻，我只知道我这颗心死了，我往日的付出皆成了笑话。他不想继续再说下去，撇过头道：“大哥，若你今日来见我，也是为了做他的说客，便免了吧。我只是担心你，你比我更加明白，这后宫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。大哥担心至此之后，你与陛下就此生出嫌隙，在后宫日子恐会不好过。大哥不想再看你像前几年那样那般辛苦了。”孟堂柔柔一笑，他道：“大哥放心，我不会叫自己再陷入那样的境地。” 如今陛下对我心生愧疚，我想让他记住这次的事，想叫他真真切切的在心里留下我孟棠的位置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孟棠担心父亲知道这件事会勃然大怒，在楚艺面前口不择言，他便对孟晕道：“大哥回去后将此事好好解释给父亲听，莫要让父亲做出冲动的事情来。父亲脾气暴躁，我怕他会在陛下面前犯错。孟家隐忍这么多年，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次陷入两难境地，都到如此地步。”唐儿却还是想着他和父亲。孟晕像小时候那样摸了摸他的头，他道。 有时候真希望你不是这么的懂事，或许像萧妃娘娘那样任性刁蛮一些，也不全是坏事。孟唐讶异道：“大哥见过萧妃妹妹了？她确实是个憨傻直率的。”孟晕没有多说，在来时的路上见了一眼。孟唐将先前从太后那里拿到的铁令交给他，他说：“近年来朔北将士过得越发艰难，只此令可调动京中辎重营，今年让边疆将士过个好年吧。”孟唐话未说透，孟晕却已然明白，他惊讶道：“这铁令从何而来？别人给的。大哥做事需小心谨慎些。” 别叫人发觉，资重营是聂家在管。孟云微微一想，便明白了这铁令来历。他道：“太后倒也舍得，命在我手上，由不得他舍不得。”大哥，天色晚了，再继续说下去，宫里就要啰嗦了。你快回去吧，莫要让父亲在家里等急了。好，孟云没有久留。他道：“大哥，明天还会来看你。陛下已经允了我，近日常进宫开解你。他可不需要任何人的开解，他比任何人都要清醒。”待到孟云离去，孟棠又想起沈芳明和条条的事，他起身。 来到书案前，执笔将沈方明一事的来龙去脉写在了纸上，随后将宣纸折好递给方宁。孟唐说：“你将这个交给李长福公公，让李长福公公呈给陛下。”方宁点了点头。入了夜，楚意还在看折子。李长福匆匆忙忙地走进来说道：“陛下，皇后娘娘写了东西给您。”楚意听见这句话，顿时面露喜色。梓潼肯理他了，他连忙起身走了过去，道：“快让朕瞧瞧写了什么。”孟唐爱他又怨他，还不肯见他。楚意本以为他会写一些小女儿的寄情之语。 不管他怎么怨他恼他，他都会欣然接受。可当他打开这宣纸，失望之色顿时浮于面上。这纸上内容丝毫没有提起他，倒是将沈方明一事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。李长福见陛下前一刻还满脸喜色，后一刻便冷了下脸，当即心里一慌，惴惴不安了起来。好大的胆子！七年前朕招安的那些四营之人里，竟有此等丧尽天良之辈！来人一赤，楚义和斥道。金吾卫首领齐正言当即走了进来，属下在，彻查此事，连夜清查四营。 凡是四营中曾犯下大庸律法任何一条的，按军规处置，重则拖出去军棍杖毙。是陛下。楚艺揉了揉眉心，今日事太多，惹得他心火旺盛。以往这个时候，皇后总能及时过来安抚，熬夜中他爱喝的汤，给他按头，温声细语的宽慰他。可如今孟棠却不在他身边了，楚艺只觉得头更疼。他问：“当初负责劝降四营的人是谁？”齐正言道：“回陛下，是右迁都御史张随。”张随，好个张随，欺上瞒下，去。 将张随抓到朕的跟前来，朕要好好问问他是怎么办的差。楚意眸中浮现出难以忽视的戾气。是陛下。齐正言离开后，楚意气得喘着粗气，明明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却年少老成，没有丝毫少年应有的青涩朝气。楚意坐下来，喝了口茶压压火，又拿起孟堂写给他的那张纸，指尖在那字迹上细细摩挲着。这一晚，无论四大营亦或是张家，都一片哭天枪地。皇帝以雷霆手段彻查了四大营，其中多少因私事，一夜之间全部暴于人前。 又迁都御史张随更是被抄了家，所有与此事有牵连者全都获了罪。往日与他们关系甚近者也多战战兢兢，生怕被牵连连坐。楚艺忙完这些事，已经到了后半宿。李长福走进御书房，说：“陛下，再过一个多时辰就要早朝了，您该回去歇着了。”楚义神色间难掩疲惫，他起身问道：“皇后那边歇下了吗？”李长福说：“都这个点了，皇后娘娘定然已经睡下了。”楚义沉默不语，越是看不见他人，便越是想念。他说：“去坤宁宫看看。” 看一眼就走，陛下，您的龙体。李长福想劝，楚意说：“不必多说，朕心里有数。”李长福叹了口气，不敢劝，劝不了。李长福比任何人都明白，少年天子年少亲政，能有如今的作为，都是陛下一碗一碗熬出来的。楚意从龙辇上走下，走到了坤宁宫宫门前，两个小婢女站在宫门前，掌着灯，瞧见楚意，连忙行了行礼：“奴婢参见陛下，皇后可还好？”楚意问婢女道：“皇后娘娘已经歇下了。”朕，楚意想进去看一眼。 又想到孟堂那憔悴到不行的面容，便又打消了这心思，怕打搅到他。他站在宫门口，道：“叫方宁过来。”是，陛下。不多会，方宁便走了过来。楚意道：“不必行礼，简单与朕说说皇后今日做了什么，吃了什么，可用药了，睡得还好。”方宁听此，便一五一十将皇后娘娘的吃穿用度说给了楚意听。楚意明明很疲惫，听着听着却又精神了起来，他唇角浮现出点点笑意，说道：“好好伺候你们家主子。”是，陛下。回吧，回乾清宫。 孟棠没睡，下午睡了会，晚上又睡了会。他这会正刚醒没多久。方宁回来，孟棠问：“陛下走了？”方宁点了点头，他满脸正色的说道：“奴婢瞧这回，陛下是真的担心娘娘了。娘娘一直将陛下拒之门外，万一陛下以后当真恼了娘娘，可怎么办？若真如此，说明他对我的情意不过如此。”孟棠淡淡道。方宁好奇的问：“娘娘就一点也不担心？”孟棠自是不担心，楚意对他的好感度已经及格，恐怕全大庸都再难找出第二个拥有楚意这好感的人了。 男人嘛，就是犯贱，越是得不到就越想要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可是陛下不来娘娘这，以后要是去了其他嫔妃宫里，万一对其他嫔妃上了心，娘娘可怎么办？孟唐舒尔一笑，伸手在她眉心点了点。他说，即便他身在其他嫔妃那，心中想的是谁，可不一定呢、啊。天亮了，宫门大开，昨日之事，大官小官几乎都已收到消息，朝臣们不安的进宫上朝，打算迎接天子的新一轮怒火。四时，采薇奉命去约好的地方帮萧红云拿家书。 一个小太监从假山后面走了出来。采薇姐姐，这是宫外刚送进来的，您快拿给萧妃娘娘吧。小太监将一封信纸递给了采薇，采薇塞了个碎银给他，说道：“此事你办得极好，以后娘娘有事还会差遣你。”那小太监喜笑颜开道：“那就请采薇姐姐多帮奴才在娘娘面前美言几句了。”采薇将信件塞怀里，得意道：“快走吧，少不了你好处。”回城的路上，梅妃宫里的大丫鬟如翠正要去御膳房给梅妃拿早膳。梅妃受冷落的这几日，满宫上下都知道梅妃惹怒了圣上。 下边的人对他越发的懈怠了，连早膳都不按时送来了。如翠心里憋闷的很。采薇喜气洋洋的往玉华宫的方向走，一时没注意前头的人，与如翠撞了个正着，一屁股跌在了地上。哎呦，哎呦！两人同时痛呼。采薇抬头，与如翠大眼瞪小眼，说道：“你瞎呀？”先前萧妃帮皇后娘娘在太后宫里对梅妃三大质问，直接导致了梅妃晕厥，皇帝冷落。如翠这会也厌恶玉华宫的人景，她道：“你才瞎，你走路不看路是吗？” 这两人互相看对方不顺眼，一下子在过道里掐了起来。采薇和如翠头发丝被对方抓乱了，狼狈不已。采薇恶狠狠道：“你给我等着！”如翠翻了个白眼，说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和我一样是个奴婢罢了，横什么？”采薇离开后，一封信件飘到了如翠脚底下。如翠目光登时凝住了，她往周围看了眼，四周无人，她捡起那信件，好奇打开，是萧飞的家书。当看到里面的内容后，如翠登时捂住嘴，满脸震惊，随后脸上浮现出喜色来。 如翠将信件重新折好放回原地，随后便匆匆回听雪阁了。她发现了一个大秘密，娘娘，娘娘！如翠迈入，急急忙忙的迈入大殿。梅妃神情倦怠，问：“嚷嚷什么？嚷嚷什么？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让你拿个早膳，早膳呢？”如翠走到他跟前，附在他耳边说：“娘娘，奴婢知道了一个大秘密，你可知？前段时间，萧妃娘娘觉得皇后喝的补药不对劲，便偷偷让人将补药弄了一份，递回萧家，让萧家人查了查补药的成分。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” 萧家今日回了家书，说皇后娘娘服用的不是补药，是避子药。还以为皇上有多宠她呢，每回事情过后都赏赐皇后补药，谁知道那竟是避子药啊！依我看，皇上待她也没几分真情，否则怎会让心爱之人服用避子药？梅妃原本神情倦懒，听到这话，眼睛都亮了。她问：“此话当真？”如翠连忙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真的不能更真。那家书是奴婢亲眼所见，家书里黑字白纸写着的，皇后娘娘所服之药为避子药。” 让萧妃娘娘劝皇后以后慎服。梅妃闻言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，她唇角忍不住勾起，扶了扶鬓角，说道：“近日陛下和皇后瞧着举案齐眉、恩爱两不疑的模样，本宫还以为陛下对她有多上心呢。您是不知，如今皇后娘娘身子虚弱得很，自从昨日被劫就回来后，气色便大不如从前了，一副病殃殃的身体，也不知道能撑多久。而且奴婢听人说，皇后因为此事恼了陛下，不肯再见陛下呢。”梅妃感叹，她道：“仅仅因为昨日陛下选了萧妃，皇后便已恼了陛下。” 如果他知道他长期服用的补药实则是避子药，如翠和梅妃对视了一眼。如翠说：“一个女人最在乎的是什么？无非是丈夫的宠爱和延续香火的子嗣。皇后娘娘看似两者都得到了，其实一样也没得到。若是皇后知晓此事，恐会真的体验一番心死的感觉吧。皇后性子那般软弱，说不准还会想不开寻短见呢。”梅妃心下已经有了计策，这件事她是一定要让皇后知道的。真是瞌睡给人送枕头，她的机会这不就来了？采薇中途弄丢了家书，好在回头找时找到了。 家书也没有被人动过的迹象，采薇松了口气，不敢耽误，赶忙往玉华宫走。萧红云正在院子里逗鸟，采薇气喘吁吁道：“娘娘，萧府的家书递来了。”萧红云双眼一亮，也就是说，之前查的那不要出结果了。萧红云连忙打开家书，然而当他看到家书上的内容后，笑容却凝固了。萧红云脸色很难看。采薇问：“娘娘，您怎么了？”萧红云默地对采薇说道：“给我个火折子。”哎，好。采薇连忙拿了个火折子过来。萧红云二话不说。 将那家书点燃后烧了，他万万没想到，那补药竟然会是避子药，会不会是大夫验错了？不可能，他母亲做事一向严谨，就算他不想相信，此刻也不得不承认，先前他那股不好的预感成了真。萧红云一张小脸煞白，他道：“怎会如此？何至于如此？陛下当真好狠的心啊！”采薇不解，但看到萧红云这副模样，还是忍不住慌了，问：“娘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萧红云没答，她说：“今日你就当没拿过这封家书，知道吗？” 采薇重重的点了点头，绝不能叫皇后娘娘知晓这件事。皇后娘娘如今本就机遇在心，要是再知道这事，岂不是更加雪上加霜，对圣上更加心寒了？但那药也不能继续再喝了，她得想想法子，让皇后娘娘以后莫要再服用补药，还不能让皇后娘娘产生怀疑。在萧红云还在冥思苦想的时候，梅妃已经带着人来了坤宁宫。梅妃进来，过得不好，脸色苍白。她道：“本宫听说皇后娘娘病了，特来看看皇后娘娘。”方宁道：“皇后娘娘身子不适。” 近日闭门谢客，梅妃娘娘请回吧。梅妃笑着说道：“本宫有要事要与皇后娘娘说，若是因为你耽误了这要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方宁脸色一凛，他道：“那就请梅妃娘娘稍等片刻，奴婢进去通禀一声。”孟堂坐在榻上，有些好奇，如今梅妃协理六宫之权也丢了，还遭了皇帝的冷落，又想做什么妖？孟堂道：“让她进来。是”是娘娘。梅妃走进孟堂寝殿，扑面而来的便是一股浓浓药味，苦涩之极。而皇后身子软绵绵的靠在榻上。 满面病容，脸色没有血色不说，双眼也无神的紧，一副积郁成疾的模样。梅妃眉眼舒展开，向孟堂行了礼，随后假模假样的关心了两句。听闻娘娘近日身子不适，现下可好些了？梅妃心中得意，心想一会若是孟堂知晓补药的真相，恐怕会气的吐血。孟堂这身子瞧着真的太孱弱了，人也瘦了许多，露在外边的那截手腕细的仿佛轻轻一折便要断了。孟堂语气虚弱，他咳嗽了两声，道、哦：“还是老样子，妹妹今日来所为何事？” 梅妃几乎要遮掩不住自己的喜色，她拼命压下了嘴角，才阻止自己笑得太得意。她踌躇道：“妹妹发现了一件事，不知该不该说。”孟唐心里直接翻了个白眼，他细声细语的问道：“何事？”梅妃看了眼四周，他道：“人太多，麻烦姐姐将下人都遣退出去。”孟唐挥了挥手，淡淡道：“都出去吧，待到关好门，屋内只剩梅妃、孟唐二人。”孟唐开口问：“妹妹这下能说了吗？”梅妃故作担心的问道：“姐姐近日可还在服用陛下赏赐给您的补药？”说起补药。 孟唐登时来了精神，难道梅妃是发现了补药的真相？若真如此，那还真是瞌睡有人递枕头，刷好感的机会又来了。孟唐做出一副孱弱样，说：“陛下赏的，本宫自然要喝。”梅妃靠过去，佯装关心，她说：“娘娘还是莫要再喝了，那哪是什么补药？妾身叫人查过了，那分明就是避子药。娘娘今年来频频受宠，却一直无子，想来便是因为服用了这避子药。”说完这话，梅妃垂眸，好整以暇的打量孟唐的神情。果然，下一刻。 孟堂那双无神的眸子微微瞪大，里面写满了不可置信。娇弱的身躯轻轻颤抖着，便连手上的茶盏都要拿不稳，杯中茶水尽数洒到了衣服上。你，你说什么？孟堂失声道，他声音里打着颤，脸色看起来是如此的痛苦绝望。梅妃满脸关怀的上前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，给他顺了顺气。梅妃安慰道：“娘娘莫要如此，您现在的身子受不得惊，兴许是妾身搞错了也不一定。这消息来源，妾身也是从旁人那里听说的，兴许是假的。” 陛下平日里待娘娘那般好，有什么好的都往坤宁宫送，陛下怎会真的狠心给娘娘用这闭子药呢？孟堂白着一张小脸，他浑浑噩噩的开口：“闭子药，那是闭子药，呵呵哈哈哈，那竟是闭子药。”他笑得凄楚极了，眼里渐渐浸出一层泪光。孟堂红着眼眶说道：“那补药，本宫上个月几乎日日都在喝，本宫还盼着早日诞下的小皇子。”梅妃用帕子掩住嘴角的笑意，她道：“娘娘莫要伤心，陛下也许并不知道呢，可能并不是陛下的授意，在事情搞清楚之前。” 娘娘还是先把身子养好。她不知道，她会不知道。孟堂双目通红，他蓦地起身，扶着桌子，说道：“昔日他亲手一勺一勺将那补药喂给本宫喝，本宫以为他是心疼本宫，爱极了本宫，却没想到……没想到他孱弱的身体晃了晃，险些要站不稳。梅妃连忙扶住他，叹了口气，安抚道：‘兴许陛下也有什么苦衷，皇后娘娘莫要因此受气坏了身子。这事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呢。妾身也是听旁人说的，都是些道听途说的事儿。娘娘别放在心上。’” 要是真因此失气坏了凤体，那可就都成了妾身的错了。孟堂目光没有焦距，那双暗沉的眸子里此刻一点光彩也没有了。昔日里这双眼睛总是温温柔柔的，即便遭受冷落恶意，也带着包容万物的柔和感。而此刻，这双眼睛真真切切的因为楚意而失去了光，他的心死了，所以眼睛里也什么都不剩。你你是从哪里听说的这消息？孟堂喘着粗气问，显然已经到了气急的状态。梅妃便温温柔柔的开口：“妾身听人说，萧妃妹妹近日鬼鬼祟祟,祟。” 总派婢女往怡明园那边跑，臣妾身边的丫头如翠瞧见了，好奇便更过去瞧瞧，正好捡到了萧家寄给萧妃妹妹的家书。娘娘，您以后可要小心着点。萧妃那萧妃虽然表面上瞧着是个实心眼的，没什么心机的样子，不过都是装出来的罢了。她竟在私底下偷偷调查娘娘您服用的补药，指不定是也是想靠这补药争宠好怀上龙嗣呢。只是没想到这补药竟是避子药。梅妃叹了口气，她道：“娘娘，您平日里就是待人太过宽和，萧妃妹妹表面上处处顺着您。” 私底下还不知道背着您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，想来这补药之事也不是头一回了。妾身是好心才来将此事告知娘娘，妾身也不忍心娘娘被萧妃那副刁蛮直率的模样给骗了。妾身也是为了娘娘好，若娘娘能查清这补药真相，也算是好事一件了。梅妃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堆，孟棠心里敞亮着呢。梅妃借此挑拨他与萧红云之间的关系，孟棠心里骤然冷笑。萧红云那小傻子若是有这等心计，也不会多次惹楚一厌烦了。面上却露出一副神情恍惚的模样，轻轻握住了梅妃的手，她道。 多谢妹妹告知，若非妹妹，本宫现下还被瞒在鼓里。娘娘，咱们同为后宫中人，您比妾身早进宫几年，妾身一直把您当成姐姐来看待。您待妾身就像家中长姐待妾身那样好。妾身刚入宫什么都不懂时，也是娘娘您来帮衬的。妾身教会了妾身这宫里的规矩。从前娘娘助妾身良多，妾身感激您都来不及。娘娘不必谢妾身，这些都是妾身该做的。后宫众姐妹都应该以娘娘您为尊。妾身得知了这么个重要消息，怎能隐瞒不报？只是娘娘莫要再因为此事动了怒。 太医说：“您该好好调养身体，受不得惊。那补药之事真假未知，娘娘还是先养好身子，再想这些。”孟堂拨着手上的佛珠，扯了扯唇角。他说：“陛下待臣妾那般好，妹妹，你说的对。兴许那补药并不是避子药呢，兴许只是萧妃妹妹弄错了。看他这副自欺欺人的模样。”梅妃目露轻蔑，但语气上仍旧是柔和的。梅妃说道：“娘娘说的是，陛下待娘娘可谓是一往情深。前些年陛下虽不来娘娘这儿，对娘娘也有诸多误解，但今年后，陛下几乎一有空就来娘娘这儿。” 比起前些年，可谓是将娘娘宠上了天了。他一直在说前些年的事，为的是让孟棠不要忘了前些年在宫里过得有多屈辱，而这些屈辱都是因为谁？只有这样，孟棠才会越闹越大。自欺欺人有什么用呢？闭子药终究是闭子药，那可是陛下恩赐他的呀、啊。梅妃唇角轻轻往上提了提。孟棠闻言，本就苍白的小脸变得更加惨白，浮现出几分病态。陛下，陛下，他语气里带着哭腔，像是在指责那龙椅上之人的无情，眼泪再也抑制不住。 从他的眼角滑落。陛下，您害臣妾害得好苦！孟唐娇弱的身子再也支撑不住，向后倒去，双眼一闭，竟就这么晕了过去。当然是装的。娘娘，娘娘！梅妃赶忙扶住她。梅妃朝外大叫道：“娘娘晕厥了，叫太医，快叫太医！”方宁进门便瞧见这么一遭，连忙往外走去。太医呢？快将太医找来！看到孟唐晕厥，梅妃让他靠在他身上。她悠悠的说了句：“皇后娘娘，您也莫要怪妾身。” 妾身在后宫也不好过。若是陛下以后日日都歇在娘娘您这，我们这些后宫的女人该怎么办呢？在后宫无宠便是错。她像是自言自语：“您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不得陛下亲眼的女人在后宫过得有多惨。您能忍受那五年搓磨，可是妾身不行呀、啊。妾身背后也没有孟家这样的氏族撑腰。娘娘，希望您不要怪妾身，要怪就怪那冷酷无情的陛下吧。梅妃入宫这些年，争风吃醋有过，却不曾害死过人，为的皆不过是在后宫争得一席之地罢了。” 一个时辰后，孟棠躺在床上，梅妃坐在一旁，瞧见孟棠缓缓睁开双眼，梅妃心中一喜，她赶忙道：“娘娘，您醒了。”梅妃替她掖了掖被子，说道：“娘娘，太医说您这几日忧思过重，积郁在心，不宜操劳，得好生休息才行。”梅妃妹妹，你还在孟堂瞧着，进的气都没出的气多了，声音轻的快要听不见。梅妃点了点头，她满脸担忧道：“见娘娘这样，妾身怎能放心离开？娘娘，凤体要紧啊。”梅妃妹妹，本宫无事，你莫要担心。 本不是大事，本宫身子已经好了许多。他说着，便撑起双臂，欲要起身。梅妃连忙拿着软垫垫到他身后，让他靠在上面。梅妃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娘娘莫要逞强了，娘娘如今抑郁成疾，又要管理六宫事务，实在不宜过度操劳了。”说来说去，不过是为了她丢失的协理六宫之权。孟堂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面色恹恹的说道：“确实，本宫这残败的身子，如何还能管理后宫呢？”娘娘莫要这般说，娘娘只是一时身子不适罢了，很快便能痊愈。 只是希望娘娘从今天开始能够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，莫要再做那些劳心劳神的事了。本宫明白，本宫如今一副病体残躯，也不适合管理后宫。梅妃见目的已达到，他便说：“娘娘若是挑不出合适的人选，妾身先前协理六公公，娘娘若是愿意，可交给妾身来做，本宫会和陛下说的。只是恐怕又要麻烦你诸多了。”他轻声道。梅妃起身，冲着孟堂行了行礼，道：“能为娘娘做事，是妾身的福分，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可嗨嗨。” 孟堂又轻轻咳嗽了两声，梅妃连忙将一旁的茶端来，说道：“娘娘，您润润嗓子。”孟堂喝了一口，道：“梅妃妹妹，本宫这屋中都是病气，妹妹莫要被本宫过了病气了。回去罢。娘娘，妾身有个不情之请。”梅妃犹豫着开口：“什么？”孟堂抬头，白着脸问：“还望娘娘不要将今日妾身来过坤宁宫的事告知陛下，陛下担心娘娘凤体，若是知小妾身来过一趟后，就将娘娘气晕了过去，妾身恐怕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在后宫立足了。”哪是你气的？本宫孟堂冷笑一声。 他应道：“妹妹放心，本宫不会和陛下说的，也会和手底下人说清楚，就当没看见。妹妹今日来了坤宁宫，多谢娘娘。那妾身便不打扰娘娘休息了，娘娘您歇着吧。望娘娘凤体早日痊愈。待到梅妃离开，方宁急忙跑进来，方宁急得眼眶就红了，说道：‘娘娘，您这好好的，怎么就晕过去了呢？’孟唐满脸悲凉，他低低的笑出声来说道：‘陛下，那都是假的，那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您怎么会给臣妾喝避子药呢？是您亲口说的，期待臣妾为您诞下小皇子。’ 才赐给了臣妾那补药，那怎么会是避子药？臣妾不信，这肯定是假的，是假的。方宁满脸震惊，什么避子药？他慌慌张张地望向孟堂，孟堂身上的悲切仿佛也传染给了他。他说：“娘娘，您冷静一点，您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”孟堂闭起眼，泪珠顺着脸颊滑落。他道：“叫往日给本宫熬补药的太医过来一趟。”方宁不敢有片刻耽误，连忙去了太医院。不多会，方宁便领着那太医入内。孟堂靠在软垫上，一张脆弱的小脸满是泪痕。 太医跪在地上道：“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”唐世德内心不安，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。孟唐睁开眼，微微敛眸道：“本宫有事要问你。”唐世德将头磕在地上道：“娘娘请问，平日里你给本宫熬的那补药究竟是什么药？”听到这话，唐世德身体剧烈一颤。唐世德是皇帝的人，平日里皇帝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因此每回皇后侍寝后，那碗补药他都会准时奉上。他不敢想象，如果皇后娘娘知道那是避子药， 会是怎么一副神情？唐世德故作镇定道：“是给娘娘您补身子用的药，能让娘娘您更好的受受孕。”孟唐的语气骤然变得激烈，声音也刺耳了许多。他从床上爬起，不顾穿着亵衣，赤着脚走到唐世德面前，质问道：“你再给本宫说一遍，那是什么药？”瞧见他这般激烈的反应，唐世德心里终于确定，皇后肯定是知道真相了。正常女人都受不了丈夫给自己喂避子药吧？唐世德重重磕了一个头，说道：“是补药，陛下说那是补药，那就必须得是补药。”哈哈。 哈哈哈，<laughs> 他指着唐世德说道：“好一个陛下，说是补药就必须是补药。”孟唐抬手将桌上的茶盏都扫落在地，噼里啪啦声一片。孟唐墨黑的发丝披在肩头，亵衣雪白，他的脸也惨白。回去告诉陛下，本宫日日盼，夜夜盼，却没想到陛下所谓的恩宠竟是如此消磨人。本宫做错了什么？做错了什么？哈哈，就因为本宫的母家是孟家吗？拿婢子要当做补药来欺骗本宫，这就是他厨艺对本宫的恩宠。这话落。 屋内人皆大惊失色，唐世德忙道：“娘娘慎言，不可直呼天子名讳呀！”娘娘，孟唐走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本宫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本宫怕什么？你给本宫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告诉楚艺，我孟唐此生就是个笑话。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最难消受帝王恩。御书房里，陛下，娘娘已经知道了补药真相，大惊大悲之下，恐怕凤体更加受损。娘娘这两个月来身子消瘦得太快，若是再这样下去，恐会真的会抑郁成疾，久病难愈啊陛下。” 唐世德跪在地上，将今日发生之事和楚意说了个清清楚楚。不用抬头，他都能感受到帝王的那股压迫感，冷汗顺着他额角流下。楚意骤然起身，脸色难看到，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最难消受帝王恩。”他真这么说，唐世德害怕极了。此事一出，皇后娘娘伤心欲绝。若是叫孟家知晓此事，只怕寒了孟家人的心。陛下当真会承认婢子药一事是他做的？为着孟家人，为着皇后，唐世德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要成为替罪羊了。 只要陛下不承认，弟子要一事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唐世德。唐世德心都凉了，他道：“微臣不敢妄言。”楚艺心中焦急，他冷声质问道：“皇后怎会知道此事？”臣不知。唐世德头抵在地上，闭上了眼。楚艺指了指他，随即快步往外走去。来人，摆驾坤宁宫。坤宁宫里，孟唐又是笑又是哭，形态癫狂。方宁心中着急，他劝道：“娘娘，您别这样。若是叫孟大将军知晓了，心中该有多着急啊！”哼，楚艺 你骗的臣妾好苦，好苦啊！他赤着脚站在屋中，整个人都是苍白的，脸色憔悴至极，毫无血色，干涸的唇上沾了点点猩红的血。方宁见此，也忍不住落了泪。她上前抱住孟唐说道：“娘娘，就算发生了天大的事，奴婢也会陪在您身边。您莫要自暴自弃，奴婢好生心疼。奴婢十六岁那年跟着娘娘进宫，娘娘这一步一步是如何走来的？奴婢比谁都清楚。娘娘，倘若你觉得这后宫没意思了，不想留在陛下身边了，” 奴婢就是拼死，也会送娘娘出宫。奴婢贱命一条，死了就死了。可娘娘不一样，娘娘是千金之躯，何等尊贵，怎可这般作贱自己？方宁抬起头，她说：“娘娘只需要您一句话，奴婢为您上到山下火山。您还想留在这儿吗？”方宁是个中仆。孟唐刚入宫那会，身边没有能用的人，谁都不能相信，唯有和方宁相依为命。孟唐拿命护着方宁，方宁也拼命维护孟唐。这已经不是主仆情谊了，而是姐妹之情。 孟堂眼里带着泪光，伸手摸了摸方宁的小脸。他说：“傻方宁”这三个字，生生让方宁落了泪。娘娘，方宁不傻，方宁所为只为娘娘一人。方宁这条命都是娘娘您的。孟堂摸了摸她的发丝，她与楚意的这场角逐，她可以不顾自己的命，却不能不顾身边人的命。本宫一日未后，便终生都是楚意的人，如何能逃离得了这偌大的皇宫呢？一句话道尽心酸。即便楚意废后，孟堂也此生都不能从这个四方天地里逃脱出去。皇上驾到，外界传来呼声。 方宁连忙擦了擦眼泪，对孟棠说：“娘娘，陛下定是得知了消息。娘娘您放心，您不想见陛下，奴婢便定不会让陛下进来碍您的眼。”说完，方宁便走了出去。傻方宁，这种时候，恐怕就算再多出十个方宁来，也拦不住楚艺的步伐了。院内，方宁拦在楚艺面前，说道：“陛下，娘娘不想见您。”她满脸都是怨恨，恨帝王无情，叫她家娘娘受到如此搓磨。楚艺不顾她的阻拦，一把将人推开。方宁哭着跪在地上，去扯楚逸玄黑的袍角。 他一字一句说道：“陛下，娘娘如今伤心绝望，皆是因为陛下。陛下带给娘娘的只有伤害。娘娘不想见您。”他字字诛心，诛的是楚艺的心，生生气血，气的是楚艺的心头血。楚艺脚步一顿，李长福见势不妙，生怕楚艺盛怒之下将方宁拖出去砍了，他连忙一脚踢开方宁，说道：“你个贱婢，胡说八道什么？陛下是得知娘娘病重，特来看望。什么伤害？你一个小小的奴婢懂什么？”楚艺却制止住了李长福。 他回过头来，沉着一张脸，他那双眸是极黑的，一眼望去见不到底。楚艺道：“让他说。”方宁几乎咬碎一口银牙，恶狠狠地看着楚艺。他道：“娘娘被圣旨赐婚的那一年，方才十四，正是一个女子最好的年华。娘娘当年是何等的潇洒快意，与孟百户一同郊外跑马，看尽京城繁华。那么多男人都曾被娘娘身上的那股生机活力给打动，可娘娘活得豁达，她一个也瞧不上。唯独进宫做了您的皇后。第一年，您对娘娘不闻不问。” 不闻不问倒也好，比不闻不问更可怕的是，您公然打娘娘的脸，在娘娘侍寝那日翻其他嫔妃的牌，满宫人都知您对娘娘的态度了，哪还会善待娘娘？娘娘差点死在那个冬天。奴婢跟娘娘说将此事告知孟家，娘娘拼死拦住奴婢，说不能叫父兄担心，不能让陛下为难，处处为陛下着想。第二年，您对娘娘依旧没有好脸色。梅妃进宫，梅妃甚至当着娘娘的面嘲笑羞辱娘娘，娘娘贵为一国之后却不能反驳，因为她说的都是真的。 在这后宫，无宠便是低贱。第三年，娘娘在百花宴那一日，因为跳了您母亲曾经跳过的掌上舞，您当场勃然大怒，让娘娘对着后宫众人跳了整整一晚上，谁也劝不住您。那日后，您将娘娘禁足在坤宁宫，仿佛忘了后宫还有皇后这么个人。还有第四年、第五年，您总是因为一些小事便对娘娘冷脸以待，您从来不问她那些事到底是不是她做的，也不调查真假，您只信您自己想信的。第六年，娘娘亲手做的四神汤您爱喝，您终于看到了娘娘的好。可即便如此， 你也总是心中存疑，怀疑这份好到底是真是假，是不是故意做出来让您看的？您宠幸了他，却又不信他，每回事情都给他送补药，您可知？每当看到那补药，娘娘和坤宁宫的奴婢们有多高兴？奴婢们觉得娘娘总算是苦尽甘来了，觉得陛下也会真心待娘娘了，觉得娘娘以前吃过的苦都是值得的，却没想到，没想到这补药打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算计。娘娘本可以做世间最幸福的女子，有一段好姻缘，被丈夫疼爱。 和寻常女子一样，掌管内宅生儿育女，她凭什么要受到陛下您的这等折磨？她一声声的质问，每说一句，便在楚意心头重重划上一刀。陛下，您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这婢子定然是魔怔不清醒了。李长福太怕方宁惹怒楚意了，有心想要保住他一命，可方宁却为孟唐这些年的付出感到不值。他此刻什么也不怕，也不肯松开楚意的袍脚。他红着眼眶看着楚意，眼中是真真切切的恨。娘娘此刻不想见您，请您让娘娘安静的待一会。方宁语气坚决。楚意深吸了一口气。 心肝脾肺，因为这些话仿佛都被绞了一遍，凌迟般的痛。楚意将袍角用力一拽，他道：“你今日所言，朕不会与你计较。但唐儿，他不想见朕，朕却一定要见他。”说完，楚意大步流星朝殿内走去。方宁瘫坐在地上，满脸都是泪水。李长福指了指他，说道：“你呀、啊、你，你说说看，在宫里当差这么多年，陛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不知？你这条小命是不想要了吧？”方宁喃喃开口：“如果是为了娘娘，这条小命不要也罢。” 李长福叹了口气。李长福是个中仆，因此最是看不得中仆作死。他将他拉起来，说道：“以后莫要如此了。你若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还不是要靠你们娘娘来救你？”厨艺打开门那一瞬，当他看到门内景象，一颗心瞬间揪紧了。他只着了一身雪白的亵衣，安静的站在那儿，整个人都苍白无比，瞧着让人心疼心碎。他赤着脚朝他走来，盈盈一拜：“臣妾见过陛下。只是臣妾今日容颜憔悴，不宜面圣，只怕是污了陛下您的眼。” 楚艺曾想过很多次，唐儿得知闭子药后会是什么反应？会歇斯底里？会愤怒质问？会伤心欲绝、寻死觅活？唯独没想到眼前这一幕，他很平静，和往日相比，举手投足依旧端庄，可是太过憔悴了。唐儿这一刻，楚艺喉头干涩，原本想要解释的话语，一下子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孟唐看着那好感进度条缓缓上涨，极为满意。他知道怎么做才会让楚艺这等心肠冷硬之人心疼愧疚。他不哭也不闹，他是皇后，皇后即便在伤心欲绝的时候。 也不能失了皇后应有的体面。唐儿，你若恨我怨我，只管与我说。孟唐越是这样平静，楚艺心头便越慌乱。孟唐摇了摇头，他道：“臣妾岂敢？”他每句话里都带着深意。唐太医说了，那是陛下赏赐给臣妾的补药，不是避子药。陛下说那是补药，那就定然是补药。只要是陛下亲口说的，亲自给的，臣妾便都信。臣妾啊，从来都不是不知足的女人。孟唐安静的转过身，她走到一旁的矮柜前。 随后打开那柜门，孟唐拿出了里面的东西，竟然都是一些小儿穿的小衣。孟唐说：“这些年来，臣妾一直都希望能怀上龙嗣，能为陛下生儿育女。陛下给臣妾送来补药时，臣妾心中可欢喜了。臣妾想着，若是有了身子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臣妾心中都会欢喜。因此，臣妾将男孩和女孩的小衣都缝制了一遍。”他一边说，泪珠子一边往下掉，砸到那些小衣上。臣妾，臣妾……忽然，他手似乎没拿稳。 一个虎头帽从他怀里掉了出来，滚落到了楚艺的面前。楚艺看着那虎头帽，喉头也哽住了。他从不知，原来他竟这般期待皇子公主的降生。原来他私下里为那不存在的龙嗣做了这么多努力。楚艺弯腰，抖着手捡起了那虎头帽。臣妾本以为无子是臣妾的错，是臣妾的肚子不争气，兴许是臣妾身体有病症才会一直无法孕育子嗣。前段时日，臣妾因无子受到满宫乃至前朝的非议，让陛下您脸面也不好看。臣妾想，这些都是臣妾该受的。 是臣妾无法诞下龙嗣，臣妾活该遭受这些非议。可是，可是，他双眼逐渐睁大，里面汪着的泪水扑簌簌的往下滚落。楚仪看得心疼极了，他上前一把将孟棠抱入怀中，说道：“唐儿，莫要说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你不要不要将罪责揽到自己身上。你没有错，是我毁了这一切，当然都是你的错。”孟棠冷笑：“我知道你这些年来在宫里受苦了，我不管做再多都于事无补。唐儿，你若心中难过，便尽管发泄出来吧。” 你这样我真的很害怕，真的，臣妾有资格发泄吗？孟棠问。有，当然有。楚一红了眼眶。孟棠大笑一声，他说：“臣妾怎么敢？臣妾若做错一步，死的就是我父兄。你没有错，唐儿，你一直以来都没有错，错的是我。那避子药是我吩咐人做的，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倘若不是避子药，我本可以有孩子。”孟棠轻声道。楚一怕极了，这样的孟棠好像随时都会离他而去。他放下身段，卑微的恳请他发泄怒火也好，大声质问也罢，也总比现在这样平静的态度好。 是我，是我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楚艺抱紧他娇小的身子，孟唐仿佛被这句话戳到了，他忽然剧烈挣扎了起来。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他声泪俱下道：“我本可以有孩子，这些小一本都能用得上。你是凶手，是你让我陷入如此境地。楚艺，你到底要夺走我多少东西，你才能甘心？”唐儿，不会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那样对你了，好不好？”他小心翼翼的问道：“陛下曾经也说会一辈子对臣妾好，陛下就是这样对臣妾好的，陛下的好。” 不是一般人能够受得起的，你不要碰我！我现在一看到你就恶心，就想起我的孩子。楚意怎敢松手？他怕他一松手，他便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来。他不想失去他。我错了，唐儿，我错了。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，那补药以后都不喝了，好不好？这话落，孟唐抬手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啪的一声脆响，他像是失望极了。他说：“陛下，您叫我喝我就喝，您不让我喝我就不喝。您把臣妾当什么了？这是楚意登基后第一次被人如此对待。” 孟棠亦是第一个敢出手打他之人，楚意沉默了。孟棠声音越发尖利：“陛下以前看着臣妾满脸幸福的喝下补药时，是不是很得意？看臣妾被您骗得团团转，看臣妾因为您赏赐的补药而露出欢喜的神情，看臣妾抚摸小腹期盼皇嗣的到来，您是不是很快意？您是九五之尊，是天下之主，您做什么都是有理由的。臣妾一介小小女子，即便您不用这种法子欺骗臣妾，只要您告知臣妾您不想要臣妾的孩子，臣妾会知道该怎么做的。何至于此？” 厨艺何至于此啊？厨艺缓缓松开了他。他道：“唐儿，从前看你喝下补药时，我于心不忍，但我终要顾全大局。”孟唐轻轻的笑出声来。他说：“好一个顾全大局！”他闭上眼睛，憔悴的容颜沾满了湿漉漉的泪痕。他说：“陛下，倘若臣妾付出一切，得到的只有这些虚情假意。早知今日，臣妾当日便是抵死也不会进宫的。七年前，父亲告知帝王看上了我，要封我为后，臣妾心中欢喜。臣妾谁也瞧不上。” 臣妾只想要天下间最好的男子。臣妾带着满心欢喜入了宫，成了您的人。您的冷落也从未让臣妾退缩过。臣妾总想着，您是帝王，您要顾及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。臣妾该理解您。深宫七年，臣妾受了多少委屈与磋磨，臣妾隐忍不发，不想给您添麻烦。整颗心都扑在了您的身上。您想要什么，臣妾便给什么。臣妾总以为，哪怕帝王心深似海，总有一日也会被臣妾所打动，真心待臣妾。臣妾本以为这个时机到了，陛下曾向臣妾许诺了一辈子，臣妾信了。 臣妾心想，有夫如此，夫复何求呢？他缓缓后退了两步，满脸失望，对楚艺说出了一句话：“人因爱欲生，因爱欲死，臣妾亦是如此。”陛下，天黑了，您该回去了。可外边天光通明，烈日当空，哪里天黑了？是孟唐内心无光了，所以变天黑了。唐儿，楚艺缓缓闭上眸，他攥紧了拳，说道：“是我辜负了唐儿，那个曾经捧着一腔真心的女子，如今容颜憔悴，好似随时都会随风而去。昔日的孟棠温柔贤惠，言笑晏晏，她说什么做什么。” 他总是顺着他，楚艺终于意识到他失去了什么。孟唐可以将自己的一腔真心毫无保留的给他，亦可毫无保留的收回。楚艺伸了伸手，想去碰他。孟唐说了句话：“打从一开始，臣妾就该知道，帝王的宠爱最是虚无缥缈。陛下是您教会了臣妾这句话的意思。往日有多恩爱，服下补药时有多欢喜。此刻孟唐内心便多绝望心寒。进宫这七年来，臣妾过得小心翼翼。如今臣妾总算解脱了，臣妾不想再那样了。做一个温婉大方、知书达理、处处为陛下考虑的皇后。” 真的很累很累，臣妾已经身心俱疲了。他对他的抗拒写在了脸上，想要触碰他的那只手，缓缓收了回来。他心脏仿佛被人拿刀子搅了一遍。楚意说道：“唐儿，你好好休息。”孟唐看着那涨了四点的好感值，冲着他柔柔的行了个礼：“臣妾恭送陛下。”涨了四点，六十八了，离回家又近了一步。别看只涨了四点，这波好感还没刷完。他一天没有原谅楚意，楚意便一天想着他，念着他，为他心痛。楚意踏出屋门，下意识看了眼天色，烈日灼灼。 分明是骄阳似火的夏日，楚艺却浑身冰冷。他回过头看向孟堂，屋内阴暗，窗户封闭，夏日耀眼炽热的日光照射不进去。孟堂安静地站在阴暗的屋中，与他遥遥对视。他赤着脚站在屋中，是如此苍白羸弱，脸上失意明显。往日里带笑的秋水眸，此刻也暗沉无比。楚艺忽的就僵住了，他觉得他不能就这么离开，他这一走，或许从此以后就真的彻底失去他了，那个曾经捧着一腔真心来到他面前的女子。 楚意转身，匆匆走进屋内，随后将她娇弱的身子一把拥入怀中。她的身体好冷，纤细的腰肢不盈一握，瘦到快脱了香。楚意用自己温热滚烫的怀抱温暖着她。他说：“唐儿，我从前犯下诸多错事，不求唐儿原谅，只求唐儿能够好好照顾自己，莫要因此而落下病根。今日起，我会让太医院的太医来坤宁宫轮值。唐儿，我求你，莫要因为我遭践了自己的身子。”孟唐脸眸，面上无悲无喜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您放心，臣妾这具残躯败体，一时三刻还死不了。” 楚意怎么放心的了？他松开他，说道：“唐儿，你得记住，梦魇和梦云如今在朝为官，哪怕是为着他们，也要照顾好自己。楚意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搬出孟家人。希望孟唐看在父兄的份上，能够好好养病。臣妾知晓，陛下那日在灵感寺，臣妾中见昏迷后，您对臣妾说的话，臣妾其实都听到了。您说，臣妾若是死了，便让所有人陪葬。楚意身体剧烈一震，孟唐微微一笑，他笑得如此悲伤，臣妾自是会拖着这具病躯苟延残喘。” 臣妾死了不要紧，怎能连累父兄呢？唐儿，那日我所言皆是混账话，你莫要当真。孟唐说：“我怎可不当真？陛下金口玉言，说一不二，这天下所有人的生死都掌握在陛下手中，孟家又算得了什么？不过是失了势，要靠陛下施舍才能苟延残喘的一条狗罢了。”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不会再用此事威胁你。唐儿，此刻我只想你能够好好的。楚一面露痛苦，痛苦就对了，说明他这六十八的好感没白刷。 孟棠用最平静的语气说着最伤人心的话：“陛下，您以为臣妾还会信吗？臣妾已经见识过了天子的喜怒无常。楚仪看着这样的他，他是真的不会再信他了。他的一腔真心被他伤得千疮百孔。楚仪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坤宁宫的，他心痛的要死，脑子也跟着浑浑噩噩。李长福看到他脸上的巴掌印，脸色大惊：‘陛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的脸，快传太医！’李长福焦急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‘皇后娘娘再怎么生气，也不该打您啊！一会您还要和朝臣们商议要事。’ 被人瞧见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天子威严，如今一个巴掌印就这么明晃晃的出现在天子脸上，还能威严到哪里去？不碍事。楚意淡淡开口：“一巴掌罢了，他又不金贵，以前又不是没受过。被人瞧见也就瞧见了，谁敢议论？”李长福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皇后娘娘也真是的。”楚意训斥了他，冷声道：“皇后起事儿，等奴才能够议论的。<有>”哎呦！李长福终于意识到自己踩在了逆鳞上，连忙伸手开始扇自己的巴掌：“是奴才的错。” 是奴才的错，是奴才没管住这张嘴。楚艺没有叫停，他就不敢停，一边扇自己，一边跟在龙眼旁边跑，颇为滑稽。楚艺闭上眸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别扇了，去查查是谁将婢子药一事告知的皇后。是”是陛下。下午，孟晕入宫，来了坤宁宫。孟晕听人说了婢子药之事，此刻心中焦急。他那妹子那般爱慕圣上，得知此事不得疯了。瞧见他过来，方宁欣喜道：“孟百户，您总算来了，您快进去吧，快进去看看娘娘吧。” 方宁眼里带着泪，孟云点了点头，推开门。孟云瞧见孟唐有气无力的靠在软榻上，他一颗心顿时就掉了起来。孟云走到孟唐面前，半跪下来与他平视，他道：“唐儿，叫你受苦了，都是父亲与哥哥无能。”他伸手摸了摸孟唐的小脸，明明是炎热的夏日，他小脸却冰冰凉凉的。孟云眼眶登时就红了。孟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是哥哥的错，是我高估了帝王的爱，在哥哥和父亲眼里，唐儿永远都是七年前那个被捧在手心的小姑娘。唐儿，你想回家吗？” 若是留在宫中，只能给你带来痛苦。哥哥带你回家，好不好？他憔悴的样子令他心痛极了。孟晕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悔恨了。如果七年前没让他进宫就好了。哥哥，孟唐忽的就哽咽了起来。他说：“我是皇后，我不能离开皇宫。哥哥，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说了。万一被陛下听到，又以为又以为孟家生出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。什么皇后？”孟晕啪的一声，一拳愤怒的捶向地面。他道：“他可有给过你皇后该有的尊重与平等，唐儿？” 我们孟家人从不受这等气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你还这般为他着想，他真的值得你如此吗？孟唐撑着病弱的娇躯起身，他握住孟云的手，说：“哥哥，莫要说这种气话了。你我都知，造反只是一念间的事。我们不光要为孟家百年清誉负责，更要为边疆十万将士负责，不能让他们成了叛军呀。可是他对唐儿你如此，哥哥看了心里真的好难受。”孟云满脸难过。孟家已经蛰伏低头了七年，孟唐不想让孟家为了他功亏一篑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哥哥，我只是受些委屈罢了。 陛下答应过我，以后会对我好。哥哥，你切莫因小失大，再忍忍，迟早有一日，楚仪会打消对孟家的猜疑。他说的话能信吗？孟晕道。孟唐想起身，孟晕连忙扶住他。他道：“唐儿，你身子虚弱，莫要乱动。”孟唐道：“哥哥，此事你莫要告诉父亲。”孟晕皱着眉道：“他都为你喝避子药了，你还为着他着想？我是为了父亲。父亲得知此事后，必不会善罢甘休。父亲一把年纪了，我不能再叫父亲为我的事殚精竭虑。哥哥，你明白吗？” 他总是这么懂事，有时候孟云宁愿他没有这么懂事，多依靠他和父亲些。他们唐儿本该是被他们孟家捧在手心里宠着的。孟云内心心酸，哥哥，我没事的。陛下说今日起让太医院的人来坤宁宫每日轮值，有太医照看，想来我的身子会很快好起来的。陛下也不是你所想的那般的无情，哥哥莫要担心。在孟家时，孟唐何曾这般憔悴过？唐儿，孟云在坤宁宫陪孟唐说了会话，他还要当值，不能久留。看着孟唐这样，他真的心疼极了。这四四方方的皇宫。 犹如牢笼，求助了孟唐，也求助了孟家。孟云离开时说：“唐儿，你记住，你永远都是父亲和哥哥眼中的珍宝。父亲和哥哥可以为了你倾尽一切，这是孟唐来到这个世界后唯一的幸运。有这样好的父兄。”孟唐湿了眼眶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哥哥和父亲也是我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人了。”萧红云听人说了坤宁宫的事，听说皇后因为补药一事发了好大的火，还与陛下吵闹了一番。萧红云心脏忽然揪了起来，因为补药一事，皇后娘娘该不会知道补药的真相了吧？ 否则怎会如此？萧红云是一刻也坐不住了，连忙往坤宁宫赶。坤宁宫里，孟晕刚走出屋，便遇到萧红云。孟晕向萧红云行了个礼：“萧妃娘娘也是来看檀儿的吗？”萧红云敷衍的点了点头，就要往屋中走。他着急见皇后，更担心皇后因为此事想不开。孟晕却忽的半跪在了他面前。萧红云一惊，脚步也顿住了。他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孟百户这是做甚？他微微睁大了眼。孟晕说：“近日檀儿身子不适。” 孟某无法一直在宫中行走，孟某想拜托娘娘，若是得空了，能来多看看唐儿，孟某感激不尽。孟唐在宫里，除了身边几个下人，也没个说话的人。上次和孟唐聊了一遭，孟晕知晓唐儿对这个萧妃心里还是很喜欢的。萧妃性情憨直，有她陪着唐儿，逗唐儿开心，孟晕也能放心些。否则看唐儿那副模样，孟晕是真怕他积郁在心，抑郁成疾。萧红云伸手想扶起孟晕，手伸了一半，又觉得不妥，生生顿住了。她道：“孟百户不必如此。” 孟百户，放心，本宫一定会常来看娘娘，伴在娘娘身边的。娘娘对本宫有相助之恩，本宫怎会放任她不管？孟百户，你快快起来啊！萧红云急得面红耳赤。萧红云与孟云见过几面，知晓他是怎样的人，向来高傲冷漠。他如何能承受孟云这等天之骄子的跪拜？他就应该是背脊挺直，高傲不羁的。这般近距离的看着孟云，孟云身上那股清幽的茉莉香气更甚了。萧红云纠结着一张小脸，说道：“孟百户，你若再不起，本宫本宫……” 萧红云看了眼四周，道：“本宫也跪。”萧红云提着裙摆，竟也要面对面跪在孟云对面。孟云被他这副模样惹笑了，哪有嫔妃跪一个锦衣卫百户的道理？萧红云是真的慌乱到手足无措了。孟云连忙伸手扶住他，他起身，温声道：“娘娘，你以为这是拜天地吗？”这话落，两人齐齐一怔。萧红云一张小脸顿时嫣红，孟云也觉得不妥，立马转移了话题，说道：“那塔儿就拜托娘娘了。等他日，孟某会登门拜谢萧侯与萧夫人。”萧红云松了口气。 说：“孟百户，放心，后宫只要有我萧红云一席之地，就绝不会让娘娘受罪。”告辞。孟云向他抱了抱拳，转身离开。萧红云踌躇了片刻，叫道：“孟百户。”孟云脚步一顿，不解地歪了歪头，侧手望向他：“萧妃娘娘还有何事？”萧红云塞给采薇一个白色小瓷瓶，低声与采薇说了几句话。采薇走过去，将那小瓷瓶递给孟云。她笑着说道：“孟百户，娘娘见你只背上一片淤痕，还流了血，让奴婢给您送来了这药。这药活血化瘀，好用的紧。” 娘娘平日跳舞腰酸腿痛都是用的这药呢，孟百户快收下吧。孟云接过，摩撒了两下瓶身，再次对萧红云抱了抱拳。她手背上的伤痕是方才一拳砸向地面时留下的。没想到她观察的这般细致，多谢娘娘。孟某告辞。才薇小跑着走回来，说道：“娘娘，您怎么不自己去给啊？”萧红云喃喃开口：“她是外男，终究不妥。行了，赶紧进去看看皇后娘娘吧。”萧红云提着裙摆，急急忙忙的走进屋。屋中阴暗的很。孟堂坐在榻上，闭着眸，脸色白的可怕。娘娘。 皇后娘娘，萧红云叫道。孟堂睁开眼，瞧见她睁眼，萧红云才松了口气。方才那一瞬间，她差点以为娘娘没气了。想到她遭受了何等不公的待遇，萧红云眼冒泪花，叫道：“娘娘，臣妾，臣妾……”她嘴笨的紧，一着急，连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，一句一句的重复着“娘娘”二字。孟堂内心觉得好笑，看来他是真的吓到这小傻子了，都急成小腹毒鸡了，怪可爱的。孟堂伸手握住她的手，说道：“我无事。”萧红云一下子抱住了她。 她好受。萧红云对比了下自己，她进宫后甚至还胖了五斤，更觉得皇后过得凄惨，连她一个不受宠的妃嫔都不如。娘娘，您是不是是不是因为补药一事才会才会和陛下发生争执？孟堂一下一下的抚着她的后背，安慰她。嗯，那不是什么补药，是避子药。话落，孟堂叹了口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娘娘。萧红云放开她，一下子跪在了地上，她一边哭一边说：“都是臣妾的错，是臣妾私自弄了补药，让萧家的人查。” 可能就是中途哪个环节泄露了消息，才传到了娘娘的耳中。如果臣妾一开始没让人查这补药，娘娘也就不会这般的痛苦了。都是臣妾的错，是臣妾擅作主张。娘娘，您打我或者罚我吧。孟唐沉默了。萧红云是真的傻，从没想过如果这件事被皇帝知道，他和萧家会遭受怎样的祸事。红云，起来。孟唐蹙着眉开口：“娘娘，我不起，除非您罚我。这件事定是从他那里泄露出去的。娘娘喝这补药都喝了快一年了，也没见有人怀疑过。” 不是你的错，孟堂说，该跪的也不是你。孟堂起身，抓住他的手，将他从地上拉起。补药又不是你让本宫喝的，你何错之有？可是，可是，萧红云吸了吸鼻子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我若不让人去查那补药的真相，就不会被娘娘您知晓了。娘娘您也不会如此难过了。这补药既是避子药，能瞒得了一时，还能瞒得了一世吗？就算你不查，迟早有一日，我也会知晓的。只不过是早知晚知的区别罢了。红云，本宫反倒是要感谢你。若非你……” 本宫哪能看清陛下的真面目呢？她声音依旧轻轻柔柔，可萧红云知道皇后娘娘变了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说起陛下时，皇后娘娘满眼都是陛下，再装不下第二个人。可现在却……萧红云揉了揉通红的眼睛，说：“娘娘，这几日臣妾闲来无事，臣妾留在坤宁宫陪您吧。孟唐亚裔”孟棠讶异，他道：“不必如此，我这里冷冷清清，只怕会过了病气给你。”孟百户离开时可担心您了，特地让我多陪陪娘娘。孟棠笑了，他问。 你是为了孟百户才要留下来陪我的呀？萧红云脸色当即红透了，她连忙反驳：“不是，娘娘您莫要误会，我是为了娘娘您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。”孟唐觉得他怪好玩，没忍住伸手捏了捏他红透了的脸颊，脸怎么这么红？他故意道。萧红云觉得丢死人了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娘娘，我……他嘴笨的要死，我了半天也没想出个解释。我今天胭脂抹多了。孟唐眉眼舒展开，心底郁气倒真被这个小开心果给疏散了不少。以往孟棠在宫里过得如履薄冰。 哪敢对一个人付出真心？这宫里个个都是八百个心眼，要打起精神来应付。满宫上下再找不出第二个像萧红云这么实心眼、什么都写在脸上的人了，实打实的笨蛋美人。若是在宫外，萧红云本该和他一样是父兄手上的掌上明珠。如今进了宫，孟棠能护住自己一天，便不会让萧红云这个小傻子受到一天伤害。入了夜，萧红云放心不下孟棠，秀在了坤宁宫。他想到先皇妃子里上吊自缢的人不少，生怕坤宁宫下人一个看不住，皇后便想不开自缢了。 萧红云厚着脸皮赖在孟棠这里，要和孟棠睡同一张床。万一夜里有个什么事，他也能第一时间发现。这还是孟棠进宫后头一回与后宫妃子一起睡，抵足而眠。到了半夜，忽地打起了闷雷，那雷一声比一声重，闪电噼里啪啦一下子照亮了整个屋子。孟棠被这滚滚雷声给惊醒了，打雷了，他喃喃开口，好感度又来了。孟棠赤着脚下地，身上只着了亵衣。在孟棠离开后，萧红云也跟着醒了，他大惊失色，皇后娘娘果然半夜想不开。 萧红云着急起身，叫道：“娘娘，娘娘，您别想不开。这个世上也不是只有男人，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。娘娘，您见过燕南寒关的雪吗？可美了！阿福带我去见过一次，银装素裹，整个天地都是洁白的。等有空了，臣妾带娘娘去看好不好？娘娘，您要想想孟老将军和孟百户，您若出了事，他们得多难受呀！孟老将军年岁已高，承受不住这打击呀，娘娘，娘娘，您千万别想不开，做出什么傻事来。”他一边说。 一边搜寻孟堂的身影，娘娘您可知，我入宫后其实是很害怕的。我阿母吓唬我，说我如果进宫后得不到陛下的宠爱，就每天只能吃咸菜。我不信，可当我看了冷宫里的嫔妃后，我信了。她们吃的还不如那咸菜呢，都是一些馊饭剩菜。娘娘您得振作起来啊！臣妾不想看到您落到和他们一样的境地。您是我入宫后待我最好的一个了。臣妾和您说句心里话，您就像是臣妾的长姐，比我阿母待我还要好。我阿母整日嫌我蠢笨。 惯会笑话我，可是你没有，你还出主意帮我争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你就像我家人一样，我想看你好好的，像之前那样雍容华贵，当得起一声国母。萧红云推开门，当他看到院中景象时，登时愣住了。孟唐没穿鞋，赤着脚站在院中，时不时闪电划破天空，照亮她孱弱的身姿。暴雨将她身体打湿，萧红云哆嗦了一声：“娘娘，您怎么站在雨里？您快回来！”孟唐却淡淡开口：“小傻子，你刚入宫不久，可能不知道。” 不知道什么，萧红云一边找伞，一边下意识的问道：“孟唐伸手，掌心朝上，接住这雨点。”他说：“不知道。每逢这样的暴雨夜，陛下都会就急发作发狂。陛下小时候中过蛊毒，一有雷雨便会发作。这蛊毒阴狠，陛下寻了七年也没找到泄蛊之法。”萧红云撑开伞，夜里风冷，雨更冷，他忍不住打了个颤，急急忙忙的来到他身边，替他遮住这暴雨。他说：“陛下那样对您，您还想着他做甚？您瞧瞧，您身上都湿了，您也不穿双鞋。” 萧红云脱下自己的鞋，踩在湿滑的地上，将鞋往他那边踢了踢，说道：“娘娘，您快穿上，您这身子可受不了冻。”孟堂看着地上的鞋，他忽的一笑，蹲下了身子，伸手又为萧红云穿好。他说：“这满宫嫔妃，唯有一人能够安抚癫狂中的陛下，你知道是谁吗？”萧红云猛地抓住他的手臂，死死抓着，他道：“娘娘，您能不能为您自己想想？她身体好冷，就算隔着湿透的布料，萧红云也能感受到那股凉意。” 萧红云连忙抖开臂弯间的披风，给他披上。萧红云说：“您都说了是救急了，说明在您进宫之前，陛下这救急也是经常发作的。就算没有您的安抚，他也好好的活到了现在。您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的身子吧。您若是病了，臣妾和孟家人可都是会心疼的。”孟唐接过伞，他道：“红云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本宫去一趟乾清宫。乾清宫是陛下的住所。”萧红云满脸失望道：“您如今病得这样严重，您还管那人死活作甚？他都那样对您了。” 萧红云一开始进宫时，也觉得孟唐伪善的很，那副温柔贤淑的样子肯定是装出来的。可萧红云与她相处久了后，就发现温柔是真的温柔，贤惠也是真的贤惠。这天底下再找不出第二个像皇后娘娘这样包容心强大的女人了。本宫是皇后，她说。说完，孟唐便往乾清宫走去。她没穿鞋，脚被砖石磨破了，但她不在乎。她要让楚艺越来越心痛愧疚。乾清宫门口，李长福在守夜，看到纸伞走来的人，李长福睁大了眼，他还以为发生那事后，娘娘与陛下置气。 不会再管陛下死活了。李长福喜极而泣，连忙跪在地上行礼，道：“娘娘，您来了，您要进去吗？陛下在里面。”嗯，孟堂轻轻应了一声。李长福这才发现，娘娘为了赶来，脚上竟没来得及穿鞋，身上也被雨打得湿透了。李长福连忙低下头，不敢多看，将孟堂往屋内请。以往楚意每一次发狂，都是暴躁易怒的，孟堂还因此受过好几次的伤。然而，当孟堂走进屋，竟看到楚依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无声地哭。这一瞬。 孟唐甚至怀疑他根本没有发病，只是当楚艺转过头，用茫然的眼神望向他时，孟唐知道他是发病了的。只不过这次和以往不同，没有闹腾，也没有杀气，只坐在那里安静的哭。楚艺看到他，喃喃开口：“你是谁？”孟唐走到他身前，他褪去身上的披风，里面湿透了的亵衣包裹着他的身体，衬出玲珑有致的好身材。孟唐道：“我是皇后，皇后，皇后。”下一刻，只见楚艺红了眼，他摇着头说道：“不，你怎么可能是皇后？” 你不可能是皇后，皇后对朕失望心寒了，她再也不想见朕了，她怎么可能主动来找朕？你肯定是别国派来的细作，想要迷惑朕，勾引朕，朕才不会上当。你也知道啊，孟唐看见楚艺这样，一点也不觉得他可怜，和他吃过的苦、受过得罪相比，这才哪到哪？孟唐瞥了眼镜度条，如果不是为了好感度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和这种又疯又病的人扯上关系。 不是谁都能成为一个人的救赎，也不是谁都愿意去救赎一个有病的疯子。孟唐只是一个普通女孩，所做一切都只是为了回家，不想玩什么互相温暖救赎另一个人的戏码。孟唐走到他跟前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您再仔细瞧瞧，我是细作吗？我是皇后。”他语气冷淡又疏离。楚艺看着他，喃喃开口：“你怎么会是皇后？朕的皇后看朕的眼神从不会这般冰冷。你不是她，她怎么会用这样目光看朕？”朕说着说着，男人眼眶红了。 眼泪不争气的往下流，他抱着头，哽咽了一声，说：“朕该怎么办？”见楚艺难得温顺乖巧，孟棠心里生出了其他心思。楚艺发疯时，心智是比较低下的，也容易哄骗，并且楚艺醒来后还不会记得这期间发生的事，简直是欺负楚艺为自己出一口恶气的好机会。以往楚艺发疯时总是会变得暴虐不通人性，曾经有个小宫女想借此勾引楚艺，结果直接被发狂中的楚艺一剑砍了脑袋。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接近发病中的楚艺了。孟棠说：“你惹皇后伤心了。” 你说该怎么办？楚艺坐在椅子上，冥思苦想了许久。他眨了眨眼睛，用那种小狗一样的眼神看着他。他试探着开口：“那……那叫皇后也惹朕伤心一次。”孟唐，这脑回路就不是正常人能有的。当然，楚艺也不是个正常人。孟唐叹了口气说：“陛下，在我们家乡，夫君若是惹了妻子不快，可是要下跪的，求原谅的，而且还是跪榴莲、跪键,键盘这种坚硬之物。下跪，下跪。”楚艺沉默了会，他说：“可是。” 朕不能跪，为何不能跪？孟棠问。朕是九五之尊，朕若是跪了，朕的大庸怎么办？朝臣怎么办？朕已逝的母后怎么办？他们会被人看不起的。陛下以前跪过吗？孟棠又问。听此，楚仪吸了吸鼻子，说道：“朕以前叫人看不起，朕不但要给那群奴才下跪，为了一口饭吃，朕还得像狗一样爬。朕不能跪，不能跪的。可是陛下，这里没有旁人，只有皇后。你若是跪了，只有皇后能够瞧见，不会被人看不起的。” 楚艺抬头望向他，他目光茫然。你真的是皇后吗？我是。可是朕的皇后会抱朕，会亲朕，会与朕说许多好听的情话。你如此冷漠，你一点也不像她。你肯定是细作。陛下好好看看臣妾这张脸，瞧瞧我到底是不是细作。孟堂凑上前去，他离楚艺极近，说话时热气喝在楚艺脸上，带着如兰的香气。楚艺怔了怔，随即他竟真的试探着伸手朝他脸上摸去。楚艺的手不光滑，上面有许多薄茧，糙得慌。他用力抚着。 直到将他脸颊抚得出一片红，不像不像人皮面具，真奇怪。楚一说：“臣妾生气了，所以臣妾才不会抱你亲你。”陛下，您若不好好道歉挽回臣妾，臣妾就像那天边的月光，天一亮就不见了。不可以！楚一忽地握紧了拳，手背上崩出了青筋。他说：“朕的紫彤不可以离开朕。”他忽然变得焦躁了起来，起身在屋内走来走去。他说：“紫彤是朕唯一的知心人，朕不准他走。朕朕朕要他一辈子陪在朕身边。”他回过头望向孟棠。 说道：“哪怕强迫他，禁锢他，朕也要让他留在朕的身边。”孟唐想一巴掌打死这个不知道尊重人的狗东西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陛下可能不知，强扭的瓜不甜。”楚意立马反驳道：“胡说八道！强扭的最甜。朕一路走到现在，想要什么便抢过来，怎么不甜？分明甜得很。朕若不抢，这地位、这权势、这天下又怎会属于朕？抢来的就是最好的。”楚意掷地有声道。孟唐被他的不要脸惊呆了。 可是，陛下，皇后不是个玩意，她是个人。人与玩意不同，人是活的。您将她当成玩意一样抢来抢去，这不是爱，这只是占有欲。听到这话，楚艺险些要发狂，他呵斥道：“不管是什么，朕要她，朕只想要她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楚艺一下子扑了过去，咚的一声，他将孟唐恶狠狠的按在书柜上。他说：“你不是说你是朕的皇后吗？既是皇后，便该履行皇后的义务。”孟唐目光往旁边瞥了眼，那尚方宝剑离他不远，他伸手就能够到。 但他没拔，他道：“陛下，您确定要这般对臣妾吗？臣妾已经对您失望至此，您还要做多少令臣妾心寒的事情来？”这一瞬，楚意仿佛理智回笼，他眼神出现明显的慌乱。楚意连忙松开手，不知所措道：“朕……朕……”孟棠伸手端起桌上的杯盏，随后啪的一声，果断松手，让那杯盏在地上摔了个四分五裂。他说：“陛下，若你能在这里跪上两个时辰，臣妾便让你如愿，可好？只是两个时辰罢了，孟棠跪过的时间要远比这多得多，陛下。” 孟棠将湿了的碎发别到耳后，面容清清冷冷，可眼神里却透露着诱惑。他微微歪了歪头，问：“陛下不想要臣妾吗？”紫瞳，楚仪痛苦地看着他，像是在内心做着挣扎。骄傲的帝王在登基后就从未向人低过头了。孟棠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。他的膝下不只有黄金，更有着一国之君的尊严。他代表的是整个大庸，而孟棠此刻就想践踏他的尊严，就像他当初对他所做的那样。陛下贵吗？他轻轻扯了扯衣襟，露出一片白皙的风景。紫瞳。 朕想要你。咚的一声，厨艺跪在了那片摔碎的碎茶盏上，很快，膝盖上便渗出了点点猩红。骄傲的帝王折了腰，弯了膝。厨艺抬头，用小狗一样湿漉漉的眼神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梓潼，朕跪了。”孟棠站在他面前，居高临下，他道：“你只跪了这一次，陛下，你可知我这七年里跪过多少次？进宫后，他的膝盖就是软的，见了皇帝要跪，见了太后亦要跪，身体上的折辱还不算什么，他生于现代，长于现代。” 他腰可折，膝可弯，可他不允许自己被这封建的时代同化，不允许自己被这深宫给吃掉。孟棠说完这句，便不说话了。楚意即便在跪着的时候，也背脊挺直，双眼直勾勾的盯着孟唐瞧。孟唐随意从书架上抽了本书，随后坐下，旁若无人的看了起来。楚意欲言又止，孟唐抬眸，目光冷冰冰的，他道：“陛下，跪满两个时辰，等两个时辰到了，臣妾会给你想要的。”楚意膝盖被碎瓷片扎破了，好疼。可比起膝盖上的疼， 楚艺更想将那人拥入怀中，他乖乖地跪在那里，只一双眼是火热的，充满占有欲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边电闪雷鸣，雷雨来势汹汹。李长福听到那里没了动静，他试探着开口：“陛下，娘娘，你们可歇下了？”孟堂口渴了，下意识去端茶，才想起方才茶盏被自己摔了。他淡淡开口：“李长福，上茶。是”是娘娘。李长福端着新沏好的雨前龙井，弯着腰推门走了进来。然而当他看到面前的一幕后，脚步顿时顿住了。 惊掉了下巴，他瞠目结舌的看着楚艺，楚艺凶名在外，暴怒又阴晴不定，外边人谁不惧他怕他？可此刻这样的陛下却跪在孟唐面前，吸下一片猩红的血，震惊已经不足以形容李长福此刻内心的震撼了。自打陛下登基后，陛下向来都是偏执霸道的，别说给人下跪了，想让他开个尊口，给个好脸色都难上加难。李长福哆嗦了一下，总感觉今晚看到了这一幕，若是被陛下知道他脑袋可能要不保了，他脖子一阵凉飕飕。孟棠抬头问：“愣着做甚？” 李长福回过神，连忙将茶端上桌。他看着跪在地上的楚艺，欲言又止。孟堂叹了口气，状似无奈的说道：“陛下先前惹本宫不快，这下非要下跪给本宫赔礼道歉，本宫拦也拦不住。”李长福，您不用解释了，我都懂。他目光扫了一眼，问楚艺：“是吗？”“嗯。”楚艺应了一声，随后又打量闯进来的第三者，目光很凶，跟狼崽子似的，完全不似看孟堂时的那般温顺。李长福自觉道：“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” 娘娘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叫奴才，奴才就在外面候着。孟唐抿了口茶，润了润嗓子，说道：“不必候着了，回去歇着吧，这儿也没有用得上你们的地方了。是”是娘娘。李长福弯着腰后退，逃也似的赶紧离开了。等出了殿门，李来福见他师傅这般慌慌张张，连忙问：“师傅，怎么了？可是陛下又在里面发疯，伤到皇后娘娘了？”哎，李长福复杂的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少胡说八道，回去歇着吧，今晚乾清宫不用人伺候了。”好嘞。 那想来是皇后娘娘已经安抚了陛下了，你懂个屁！李长福踹了他一脚。两个时辰后，楚意眼巴巴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梓潼，两个时辰了。”孟堂和尚书问：“陛下膝盖跪得痛吗？”楚意委屈巴巴道：“痛。”孟堂起身走到他身前，他笑着说道：“这就痛了。”楚意说：“两个时辰了，梓潼不能不遵守约定。可是陛下，您以前也经常不遵守与臣妾的约定。所谓帝王的金口玉言，不过是个笑话罢了。子童”梓潼，楚意膝盖动了动，孟堂按住他。 说道：“陛下，臣妾没让您动。”楚艺却猛地睁开他的手，一把将他抱入怀中。他抱起他的双腿，将人扛上肩。他说：“梓潼的要求，朕都照做了。梓潼该奖励朕了。”他冷哼一声，一巴掌拍在了他屁股上，说道：“哼，梓潼学会欺负人了，是和谁学的？是那方婉意吗？还是前些日子给朕办差的那个金无畏？你多瞧了他好几眼。”孟堂一阵无语，他都不记得自己多看了那个金无畏几眼。楚艺倒是记得清清楚楚，他掌心操热。 打他的力道不大，带着点孩子气。楚艺将他扔上床，扒掉他身上湿透了的衣衫。楚艺说：“不喝避子药了，以后都不喝了。”他目光灼灼，里面似有把火在熊熊燃烧。楚艺已经有好久没有和孟唐亲热了。自打端午过后，孟唐因为受了伤，楚艺便一直在忍耐着。回宫后，他又与孟唐生出了嫌隙，孟唐便更不会让他碰了。他掌心下是他柔软滑嫩的肌肤，楚艺一寸寸下腹，操热的掌心每过一处，便浮出一抹薄红，像染了胭脂，好美。孟唐没有拒绝。 今晚他必须要侍寝一次，明早才会有好戏上演。孟堂白皙的手臂勾住男人脖颈，道：“陛下，倘若你不懂怜香惜玉，便从这床上下去吧。”听到这话，楚依力道一下子放轻了，他脸色微红，小心翼翼的说道：“朕懂，朕懂的，朕轻点好不好？”说完，对着他那苍白的唇吻了下去。孟堂侧过头，避开了他这个吻。楚依很执着的想要吻他，孟堂也很执着的不让吻，试图吻了好几次都没有得逞。楚依委屈的看向他，眼神湿漉漉的。 紫彤不让朕亲了，为什么？孟唐没说话，朕会很小心的，不会再咬破紫彤。他眨巴着双眼，孟唐没有心软，他道：“因为臣妾不爱陛下。”胡说，紫彤明明很爱朕，不爱朕怎会让朕做这种事？话落，他在他腰间重重一揉，孟唐发出一道轻哼。下了雨，屋内潮湿，便连彼此的气息也变得黏黏糊糊。孟唐说：“若陛下执意要亲，那臣妾便不伺候了。”这话落，孟唐抬脚，一脚将那九五之尊踹下床。孟唐瞧着身娇体弱。 到底出自武将世家，怎会真的柔弱？咚的一声，楚艺高大的身躯跌在地上。楚艺没有生气，他从地上爬起，小心翼翼的又蹭过去，说道：“好好好，不亲了，郝子彤，朕不亲了，好不好？你别生气。帝王的恩宠最是磨人，楚艺强势惯了，以往每一次侍寝，楚艺都是粗暴的，只顾着自己，从未想过孟棠会如何。这是他第一次这般卑微小心，尽管只是在发病状态下的，可孟棠却觉得发病时的楚艺要比平时那个霸道惯了的君王顺眼的多。孟棠抬脚踹了踹他。” 说道：“要是陛下再弄疼臣妾，臣妾不会再留情。”楚一听到这话，嘴一咧，笑开了花，跟只真正的小狗似的，嘘嘘抓住他的手臂，不敢用力。说道：“朕小心，朕会小心一些的。”他踌躇了下，随后低下头，轻轻吻上了孟棠的眉头。他吻着吻着又哭了，热烫的泪水落在了孟棠的脸上。他眨了眨眼，说道：“朕是在做梦吗？朕的皇后明明不理朕了，也不要朕了，可现在却却在朕的怀里。”楚意揽着他的腰肢。 随后带着他一个翻身，天旋地转，孟棠便坐在了他身上。楚艺说：“紫潼，小时候他们都把朕当马，今天朕也让紫潼当马骑，好不好？”紫潼可以随便欺负朕，朕不会还手的。他眼底满是真诚，像只真诚的小狗。可是真诚也仅限于他今晚发病的时候。等他清醒了，便又会变成那个多疑暴虐的帝王。楚艺眼角红彤彤的，眨巴着双眼望向孟棠。孟棠摸了摸他的脸，问：“我真能随意欺负你？”楚艺点了点头。楚艺说：“小时候宫女太监都骂我小杂种。” 狗娘养的！我不是狗，我不是，我最恨别人拿我当狗一样欺负。可是紫彤，倘若我不做那些，我、哦、我就活不下去了。他轻轻扶着她柔软的腰肢，问她：紫彤，今晚我给你欺负好不好？孟唐娇弱的身体微微一怔，雪白的臂膀拉起帷帐。没多久，楚意带着痛苦与欢愉的低哼声便传来。紫彤，紫彤，他轻轻唤着她。孟唐没应。雷霆雨歇，五更天后，难得孟唐比楚意起得更早，他已经穿好了衣服。 坐在床边上，露出的一截雪白的脖梗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吻痕。即便楚艺已经很小心了，也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痕迹。楚艺天性就是霸道的，这样的人不是小狗，是猛兽，是狼。来人，孟唐叫道。进来的是个衍生的小太监。小太监跪在地上，不敢多看。他战战兢兢道：“皇后娘娘有何事要吩咐？”去让太医院的唐太医和往常一样，肩负不要送来。孟唐淡淡开口：“满宫都说皇后娘娘是个温柔和善的人，可今日的娘娘，不管是面色还是语气，都含着冷意。” 倒是叫他们想起了陛下，皇后到底是皇后，身上威势不可小觑。小太监应了一声：“是，奴才这就去。”他赶忙跑出了乾清宫。唐世德刚上职，边打着哈欠边走进太医院。小太监已经在这里等了有段时间了，瞧见他，连忙道：“唐太医，您总算来了，还请您赶紧煎服补药给皇后娘娘送去，皇后娘娘正在等着呢。”唐世德哈欠打了一半，嘴还没来得及闭上，当即惊讶道：“什么？不，不要？可不是，是娘娘亲自下的命令。” 您赶紧煎好了送去吧。唐世德震惊地看着他，你确定娘娘是让微臣煎补药，而不是什么其他的药？是补药，皇后娘娘特地交代了，照着以前的方子煎。唐世德这下确定了，娘娘要的就是那避子药。避子药事发后，他侥幸捡回一条命。唐世德还以为这补药的方子以后都用不上了。卯时，楚意醒了，这下他是真的清醒了。他不记得昨晚的事，但醒来却瞧见孟唐就坐在一旁，人还没走，他心中一阵窃喜。 想来昨日雷雨夜，又是孟棠过来安抚了他。他已经对他失望至此，在他发病时，却还是第一时间赶来了，说明他对他还是有情意在的。紫瞳，男人低沉的声音传来。楚艺起身，流畅紧致的胸膛上露出了几道浅浅抓痕。他神色懊恼，看起来昨夜脑子不清醒的他，又强要了孟棠。楚艺下床，随即膝盖一软，膝盖上传来顿顿的痛。他低头掀开亵裤，看到了膝头的伤。一瞬间，楚艺露出了茫然的神情。孟棠语气疏冷，状似不经意的开口：“陛下昨夜疯的厉害。” 哭着要下跪给臣妾认错，连李长福那群奴才都瞧见了，臣妾是拦也拦不住。陛下您偏要跪，把一双腿都跪烂了。孟堂上前，像往常一样服侍他穿衣。楚意嘴唇动了动，他发病时疯的很，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奇怪。他看着孟堂熟练的为自己穿衣，下意识开口：“子潼，你原谅朕了吗？”孟堂不语，只眉眼间的那抹冷漠做不了架。孟堂替他系好腰带，便收回了手。唐世德端着不要走了进来，瞧见楚意醒了，顿时更加害怕了。 他双手高举过头，捧着补药走了过来，跪在地上说道：“娘娘，补药煎好了。”嗯，孟堂正要接过，楚一默的握住他细瘦的手腕，攥得很紧。他问：“补药什么补药？”孟堂淡淡开口：“陛下不知道吗？这是您先前一直让臣妾喝的补药。臣妾这等卑贱之躯，怎有资格怀上陛下的龙嗣呢？自然是要喝补药的，否则一不小心有了身子，惹了陛下不快，臣妾和腹中龙嗣落得个一尸两命的下场，可怎么办？”他语气冷漠极了。 就好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样。楚艺盯着那碗黑乎乎的药，就像盯着什么洪水猛兽。他收紧了手，攥得孟唐手腕都发疼了。他道：“朕说过，梓潼，从此以后你不必再喝补药。朕说话算话。陛下，您又忘了，臣妾是孟家人。孟家人怎么有资格怀上陛下的子嗣？臣妾名字中带着孟字便是错。孟家只配做陛下脚下一条听话的狗。臣妾福薄，臣妾这具卑贱的身子只配陛下用来发泄欲望。还请陛下松手，药要凉了，凉了太苦，就不好入口了。” 这句话打了个楚艺一个措手不及。想起他曾经每回事情过后都要喝这样一碗药，他口中苦，心中苦不苦？他心脏像是被钝刀子一下一下的磨着。楚艺道：“不准喝！”他压低嗓音，语气里带着命令。若是以前那个听话乖巧的孟唐，定然会什么都听他的。可如今孟唐已经被他伤透了，他再不会像从前那样顺着他，事事都依着他。在楚艺冷厉的目光下，孟唐换了只手接过了那补药，他递到唇边，正要张口，楚艺二话不说将他手上那碗补药抢了过来。 过程中还洒了几滴。孟棠抬头问他：“陛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臣妾自知无福为陛下孕育子嗣，陛下以前不就是这么对待臣妾的吗？怎的如今倒是不肯了？”他语气里充满了嘲讽：“陛下，您莫要忘了臣妾姓什么。这不要臣妾已经喝了一年了，还在乎这一两碗吗？”厨一直勾勾的盯着他，眸中充满了偏执的占有欲。他说：“朕从前不在乎，现在在乎了。”他一只手摸上孟棠的小腹，道、哦：“这里本该有朕的孩子。朕知道，朕以前荒唐，猜忌心重，犯下了错事。” 可子彤，如今我想弥补，我再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喝这药了。孟唐身体微微一颤，他道：“什么孩子不孩子？就算臣妾腹中真有了孩儿，依照陛下的性子，这孩子也是定然留不下来的。陛下又何必这般惺惺作态呢？”从前的孟唐与他说话，从不会这样夹枪带棒，他的态度令他难受极了。他不由得想到了方婉意，想到了孟唐对方婉意的态度。他不在意了，就真的是一点也不在乎了。他不想变成方婉意那样。他道：“唐儿，你莫要与朕说气话。” 孟堂甩开他的手，转过身，眼底流露出嘲讽。他说气话，这是气话吗？陛下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他忽地哼起了一首歌谣，眼神里带着怀念。他问楚艺：“陛下，您可知臣妾哼的是什么？”楚艺死死盯着他。这个啊，是臣妾小时候在家中时，家里阿母哄我睡觉，每回都会给臣妾唱的歌谣。阿母真的是个很温柔的人。臣妾小时候调皮捣蛋，阿母总是用一颗包容万物的心来对待臣妾，不打也不骂，甚至臣妾上房揭瓦时。 阿母也会陪着臣妾一起，臣妾要掏鸟蛋，阿母也会和臣妾一起掏。这当然不是原主孟堂的经历，是他孟堂在现代时的记忆。他说着说着，便红了眼眶，动了真情，也不知自己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回家。他说：“陛下，臣妾曾想过，若臣妾有了孩子，定也要像阿母那样对他好，宠着他，却不会纵着他，要看着他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唐儿以后还会有机会。”这药，厨医看了眼这黑乎乎的药，说话间药已经有些凉了。他说过，凉了不好入口。 楚艺端起碗，咕咚一声喝了手上这碗补药，入口又苦又酸，还带着一股莫名的腥味，尝一口就要吐了。原来补药是这种滋味，酸的人舌尖发麻，苦的人心上顿痛。唐世德看到这一幕，大惊失色。陛下，楚艺将碗扔地上，说道：“从今往后，不管是谁的命令，哪怕是皇后的，都不准再煎这补药，可明白？”唐世德不敢不应。唐儿，朕忽然觉得，或许有个孩子也不错。若他当真有了孩子，做事说话前也会顾及着孩子，即便与他怄气。 念在孩子的份上，也不会轻易离开他。孟堂摇了摇头，他说：“陛下，您从来就没问过臣妾的意思。您不让臣妾怀，臣妾就得喝补药。如今您想要孩子了，臣妾就得给您怀。您先前总说您错了，您会改，可陛下，您没有一次改过。您只会嘴上说着好听的话哄臣妾，心底依旧肆无忌惮。于您而言，臣妾就是这笼中鸟，任由您赏玩。”楚仪嘴唇动了动，孟堂后退了一步。楚仪这才发觉，他脚上没穿鞋，地上留下了猩红的血迹。唐儿，你受伤了。楚仪连忙上前。 抱起孟棠，将他放在床上，随后捧着他的脚细细的看，脚底磨出了许多口子，血流的不多，却扎眼的很。楚艺问他为何不穿鞋，孟棠撇过头，一副拒绝交流的模样。李长福忙道：“陛下，昨夜您发病后，娘娘来时太急，没顾得上穿鞋，这才伤到了自己。”楚艺听见这话，眼眶顿时热了，心里堵着的那口郁气也消了，被一种柔软的情绪刺得满满当当。他说：“棠儿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可知坤宁宫离这里有多远？” 他捧着他的脚，将他这双玉足在怀里，对唐氏德道：“拿药来，朕要亲自给唐儿上药。”孟唐说：“这点小伤，臣妾甚至都没感觉到有多疼，过两日便会好。陛下不必如此，这对臣妾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了。这点小伤又算得了什么？臣妾受到搓磨时，也不见陛下有多在乎。”楚艺身体一僵，孟唐瞥了眼好感进度条，六十九，卡久了。这卡久让他浑身不适。孟唐将脚从他怀里收回，他接过唐氏德递来的药。 随即冷静的穿上了李长福送来的鞋，没让楚意为他上药。孟棠道：“如今臣妾身体虚弱，恐不宜管理后宫。臣妾瞧着先前梅妃将后宫打理的不错，陛下这协理六宫之权就交给梅妃吧。臣妾一脸病容，是该回去好好养着了。她竟连协理六宫之权都给旁人了。臣妾告辞了。”话落，孟棠朝外走去。只是刚走没两步，孟棠眼前一黑，忽的晕了过去。孟棠自打醒来后便发了高热，连他自己都没发觉。娘娘，李长福一惊，楚意转身连忙朝他走去。 楚艺摸了摸他的头，好烫。唐世德，滚过来！楚艺将孟棠抱上床。陛下，娘娘这是偶感风寒了呀。唐世德诊了脉，李长福听此，连忙道：昨夜娘娘太过担心陛下的身体，因此不顾大雨赶来，赶来时身上都湿透了，后又安抚了陛下一夜，没怎么休息。楚艺瞧着他憔悴的面容，是为了他才会变成这样。楚艺不记得昨晚的事，但他知道，他肯定是强要了他一夜，他本就淋了雨。 身子虚，他还要了他整整一夜。楚艺前所未有的愧疚，他伸手猛地打了自己一巴掌。殿内人见此大惊失色，李长福忙道：“陛下，不可呀、啊，莫要伤了您的龙体。”楚艺垂眸看着他苍白憔悴的面容，他低声道：“朕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唐儿以前为朕吃过多少苦，受过多少伤，甚至几次都有性命之危。他本是孟府的一朵娇花，在孟家的呵护下长大。都说宫中风水养人，可他却好几次都差点让这朵娇花折了枝、断了根。唐儿。” 朕以后再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”楚意轻声道。李长福道：“陛下，这不是您的错，您别伤心。皇后娘娘对您的情谊天地可见，皇后娘娘也是因为太过在乎陛下才会如此。都说情深不寿，惠及必伤，这情字最是伤人了。陛下您自个也要好好保重身子才行。前朝事务少不了您。”楚意低头握着孟堂的小脚，为那细密的伤口上药。他道：“李长福，你一个太监，没经历过人事，说起这些来倒是了解的很。”李长福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陛下，奴才没吃过猪肉。” 还没见过猪跑吗？陛下莫要因为皇后娘娘伤了自己的龙体，娘娘只是一时与您置气，心底还是爱您的。若是她醒来瞧见您身子不适了，心里不知道会有多难受。这宫里啊，再没有人比皇后娘娘更担心陛下您的身子了。上完药，楚意起身，他道：“朕知道。”他伸手将他额前汗湿的碎发顺到耳后，问：“唐世德呢？风寒药还未煎好，陛下您别急，风寒不是什么大病，娘娘不会有事的。”楚意长叹一声，他道。 风寒不是什么大病，可他心上的伤又要如何去治？陛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您对皇后娘娘好一些，将心比心，皇后娘娘会消气的。娘娘呀，是后宫最大度的人了，必然不会与陛下一直置气。楚一眸光幽深，他道：“朕倒是希望如此。”李长福说的不错，他最是大度，他也最是重情。想来置气也只是一时的。他的皇后是这天底下最温和柔顺的女人。楚一去上了朝，孟堂这儿有婢女太监们伺候。坤宁宫，萧红云一夜未眠。 待到清晨，乾清宫的下人才赶来，说道：“奴才给萧妃娘娘请安，请什么安？废话少说，皇后娘娘呢？”萧红云脸色不好看，昨夜雨那样大，她身子弱，淋了雨，又去照顾陛下一整晚，如今人彻夜未归，萧红云能不担心吗？太监道：“皇后娘娘病了，陛下这人在乾清宫伺候着呢，特命小的来坤宁宫说一声，皇后娘娘这段时日就不回坤宁宫了，她病了。”萧红云双眼一瞪，忙问：“病得如何？可有危险？” 萧妃娘娘安心，皇后娘娘只是偶感风寒，有陛下陪着呢。偶感风寒，萧红云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这四个字，定然是因为昨晚淋雨的缘故。若不是为着陛下，皇后又怎会偶感风寒？皇后身子本就孱弱消瘦，如今又大病一场。她提着裙摆道：“不行，本宫要去看看娘娘，不然谁知道是真病假病，病成了什么样？陛下有没有好好照料？本宫不亲眼瞧瞧，心里不安。”说完，萧红云便不顾下人阻挠，往乾清宫走去。楚艺刚下朝，直奔寝殿。 殿内安静，安神香的烟雾袅袅升起，散发着清浅的香味。厨艺的脚步声传来，他问：“娘娘如何了？”唐氏德跪在地上，拔，方才婢女给娘娘喂了药，娘娘这段时日需要好好静养。”厨艺点了点头，对李长福道：“去，将今日的折子都搬到寝殿来。”是，陛下。厨艺坐在书案前，一边批折子，一边陪着孟唐。金无畏走了进来，他道：“陛下，您让属下查的消息已经查到了。”厨艺手一顿，目光里骤然浮现出冷意。哦，金无畏压低声音道。 昨日梅妃娘娘去了坤宁宫一趟。梅妃娘娘离开后，皇后便得知了婢子药的事。楚意冷笑道：“怪不得唐儿让朕将协理六宫之权交给他。唐儿心善，不知梅妃此举中隐含的恶意，恐还觉得梅妃告知了他真相，帮了他，才在朕面前为梅妃说好话。如何处置？”金无慰问：“打入安宁堂？安宁堂是冷宫，只能进不能出，死都得死在里面，可不就安宁了？”是陛下。一刻钟后，梅妃哭着跑来乾清宫，她大呼道：“陛下！” 臣妾冤枉啊！陛下，皇后娘娘得知婢子要一事与臣妾无关，臣妾冤枉啊！梅妃太吵，楚艺怕她扰到梦堂休息，她起身走出寝殿，关好门。她看着她脚下哭得楚楚可怜的女人，问：“你冤？”梅妃忙道：“臣妾是冤枉的。陛下若不信，等皇后娘娘醒来，陛下问一问就知，此事与臣妾无关啊！陛下，皇后娘娘已经答应了，她不会将此事告知任何人。她是个一言九鼎的人。”楚艺说。 你就仗着唐儿柔弱良善，不忍看你落入冷宫，才如此嚣张的吧？你可知今早唐儿还向朕提议，让朕将协理六宫之权交给你？若非朕早先就派人去探查了消息，又怎会知晓你竟会是这等毒妇？你将避子药一事告知唐儿，可知对他身心造成多大的重创？梅妃连忙摇头，她说：“不是臣妾，真的不是臣妾。而且避子药一事也不是臣妾派人去查的。”萧红云提着裙走来，坤宁宫离陛,陛下的乾清宫太远。 听说皇后刚入宫那会，陛下很不喜欢她，故才赐了这稍远的坤宁宫给皇后娘娘住。萧红云走得慢，来迟了些。梅妃瞧见她，双眼顿时亮了。她指着萧红云说道：“是萧妃，都是萧妃一手促成的。是萧妃怀疑那补药有意，这才让人去查了补药的真相。否则皇后娘娘又怎会知道那就是避子药？”萧红云脚步一顿，茫然的站在原地。楚艺侧手，乌沉的眸子望向她，他道：“爱妃来的正好，她所言可是真？”萧红云嘴唇动了两下。 说是是，是臣妾让人查的。萧红云父兄在燕南打了胜仗，厨艺不好过分责罚他，就让他跪在乾清宫门口请罪。皇后何时醒了，他何时能起。至于梅妃，梅妃脑子转得快，她忙道：“陛下，臣妾和皇后娘娘姐妹情深，等娘娘醒了，若是瞧见臣妾进了冷宫，定然会难受的。娘娘此刻的身子不宜过度忧思，还请陛下看在娘娘的份上，饶过臣妾这一回。”萧红云却道：“陛下，臣妾倒觉得梅妃姐姐是故意的。若真关系好。” 怎么忍心看皇后娘娘伤心难过呢？臣妾在得知婢子要真相后，第一时间便是想着先瞒着，万不能叫皇后娘娘知晓。梅妃姐姐倒好，立马就去告知了皇后娘娘，生怕娘娘不为此伤心。梅妃道：“臣妾是不忍皇后娘娘被瞒着，这才好心告知。”萧妃你，你莫要血口喷人，不忍，那你就忍心看皇后娘娘因为这件事心生绝望、抑郁难消了。萧红云忍不住拔高了声音：“臣妾也没想到皇后娘娘会伤心成这样，臣妾不是故意的。”梅妃道。 好一个不是故意的，陛下，您要罚臣妾，臣妾认。但梅妃姐姐也要和臣妾一起受罚。楚意被他俩吵得头疼，他低斥一,一声：“都给朕闭嘴！”萧妃不是来看望皇后娘娘的吗？就给朕跪在这里等着。萧红云应道：“是，娘娘不醒，臣妾就长跪不起。”至于你，楚意指了指梅妃，梅妃娇躯一颤，楚意冷笑道：“你这毒妇，还妄图染指协理六宫之权，打入安宁堂，不必再出来了。去，把她立马给我带走。” 朕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。是，陛下。太监们上前压住梅妃，梅妃挣扎不止，哭着喊着道：“臣妾冤枉啊！陛下，陛下，皇后娘娘救我，救救臣妾！”孟唐此刻陷在一片光怪陆离之中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穿越到了一个陌生的朝代。梦一醒，他就回来了。孟唐推开别墅的门，爸妈站在屋中等他。他妈妈是著名外企的高层首席 CTO，爸爸是最高法院院长。孟唐是被当做掌上明珠捧着长大的，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。 疏于照顾，他被推给了乡下的奶奶照顾。后来奶奶去世他，他冷静理智的不像个小孩，父母对他越发歉疚。他想做什么，想要什么，他们总会第一时间支持他，给他买。孟唐走进家门，母亲迎了过来，问道：“志愿填好了，准备去哪所大学？”孟唐道：“打算去南大。”孟母皱了皱眉：“要去京南，这么远，那得多久才能和爸爸妈妈见一次？”孟父是个面容严厉的中年男子，他说：“孩子想去就让他去好了，有什么远的？现在通讯这么发达，想见孩子了。” 打个视频通话就是了。但孟唐瞧见他爸眼眶红了，行了，你妈今天做了你爱吃的菜，糖糖，快来吃饭。等吃完饭，爸爸给你讲讲南大的事。南大可不是那么好进的，那里面都是些天才学子。我们家糖糖也是天才。孟母满脸骄傲道，孟父也忍不住笑了。孟唐看见这一幕，内心真心实意的涌上了一股暖流。他看着桌上的饭菜，都是他爱吃的。妈妈以前不会下厨，每日三餐都是保姆来做，可为了他，生生练就了一副好手艺。饭菜的香味飘来，孟唐感觉到了家的温暖。他抬脚。 往他们走去，刹那间，面前的家一点一点破碎。他一脚踏入了黑洞，那黑洞将他吞噬，吞噬在吞噬。孟堂伸手，不停地朝孟父、孟母抓去。妈妈、爸爸，他叫道。他们始终笑着看向他，问他：“糖糖，怎么不过来啊？是不喜欢妈妈今天做的菜吗？那妈妈给你做别的好不好呀？红烧肉吃不吃？喜欢的，妈妈做什么他都喜欢的。”然而，他的身体一点一点被那黑洞给吞噬，他发出不了声音，只能流着泪朝他们伸出手。 最后，那黑洞将他的手也给吞噬了。孟堂满头大汗地睁开眼，眼角的泪还没有干涸。他盯着古色古香的屋顶看，梦中爸爸妈妈的容颜游似在眼前。这才是现实，爸爸妈妈才是他做过的一场美梦。他想回家，他比任何时候都想回家。他一双手死死揪紧了被子，恶狠狠地咬着唇。娘娘，您醒了！婢女过来，瞧见他睁开了眼，高兴地叫了起来。孟堂缓缓吐出一口气，松开攥紧被子的手，他撑起双臂起身，问他：“我昏迷几日了？” 婢女道：“娘娘已经睡了三日了，这三日陛下一直在这陪您呢、啊。”孟唐朝殿内环顾了一周，却没瞧见楚艺的身影。他说：“不是说他一直在陪我吗？他人呢、啊？”婢女面上稍显尴尬，说：“陛下去上早朝了。娘娘您放心，等陛下下朝了就会过来。”对于一位帝王而言，总有些东西是比情爱更重要的，比如江山社稷。孟唐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他不可能成为楚艺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个。可为了回家，他必须要成为他心中的唯一，要让楚艺爱他，爱到能为他舍弃江山的地步。屋外。 萧红云瞧见婢女，高兴地出来传话，说道：“皇后娘娘醒了，皇后娘娘醒了。”李长福听到这话，脸上也跟着露出了笑意。李长福道：“萧妃娘娘，皇后娘娘醒了，您不用跪了，快起来吧。”萧红云扯了扯嘴角，说道：“娘娘醒了，她终于醒了，她没事了，没事了就好，没事了就好。”萧红云说话声音越来越低，在她闭上眼前，她瞧见寝殿的门被人打开了，随后一道穿着亵衣的身影出现在她面前，那人素白的手急急忙忙扶住她。 语气里带着担忧。红云，红云，萧红云知晓这是皇后娘娘的声音，见她真的没事了，萧红云放心的闭上了眼睛。孟堂将她抱在怀里，让她头枕在他肩上。她脸色不好看的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回皇后娘娘，是陛下，陛下怪萧妃娘娘调查避子药一事，这才命她一直跪在这儿。您不醒，萧妃娘娘就不准起来。孟堂瞧见萧红云一双腿都跪肿了，楚一果真是个狠心无情的，嗨嗨！孟棠气的咳嗽了两声。 将萧妃带进屋，宣太医来。快，狗东西，给你脸了，连他的小开心果都虐。萧红云最是心软，好哄骗的很。得知他生病，定然会自责。楚艺、孟棠看着人将萧红云抬进屋，身子轻轻颤了颤。他淡淡开口：“李公公，麻烦你将本宫昏迷这几日发生的事，仔细说与本宫听。是”是娘娘。李长福事无巨细了，说了梅妃被打入冷宫的事，说了萧妃的事，当然说的最多的还是陛下的事。李长福道：“陛下真的很担心娘娘，每日除了早朝。” 其余时间都会留在娘娘身边陪伴娘娘。奴才眼睁睁看着陛下那双眼睛都熬红了，多次劝陛下去休息，可是陛下说您一日不醒，他便一日放心不下。他小心翼翼的观察着孟棠的神色，继续道：“陛下也是为了娘娘您，才出手惩罚了梅妃和萧妃。娘娘您不要太自责，他们都是咎由自取。”李长福知晓皇后娘娘最是心善，知道了梅妃和萧妃的遭遇后，恐会心生愧疚。瞧瞧，娘娘愧疚的都要落泪了。李长福心生不忍，红云的腿肿成了那样，那是一双跳舞的腿。 这次过后，也不知会不会落下病根。楚艺当真好狠的心，丝毫不顾萧红云母家的颜面。哎呦，娘娘，梅妃和萧妃那都是咎由自取。娘娘您有所不知，按照陛下的性子，萧妃娘娘本该去安宁堂和梅妃做个伴，但顾念着萧妃娘娘与皇后娘娘您交好，这才减轻了惩罚，只让她跪了跪。孟棠走进屋，萧红云眉头不安的紧皱着，昏迷中，萧红云喃喃开口：“阿母，痛，我好痛。”孟棠走过去，卷起萧红云的亵裤瞧了瞧，一双腿肿成这样，也不知以后能不能再跳舞了。 她曾是那样一个娇憨活泼的女子。孟棠拿着帕子替她擦了擦额上的汗，说道：“红云乖，不痛了，不痛了，过两日便好了。”萧红云果真安静了下来，只是睡梦中那双眉就没松开过。唐世德赶了过来，他先是替孟棠把了脉，说道：“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娘娘高热已退，只需好好调养几日便可。”赶紧去瞧瞧萧妃。孟棠冷淡开口，唐世德片刻不敢耽误。过了会，他道：“回皇后娘娘，萧妃娘娘如今寒气入体，这才导致昏迷不醒。腿呢？” 腿可有事？以后还能跳舞吗？孟唐急忙问。唐世德踌躇片刻，看了眼四周的人，低声道：“回娘娘的话，萧妃娘娘膝盖受损，微臣微臣没有把握能恢复如初，只能先治着试试。也就是说，以后极有可能不能再跳舞了，是吗？”孟唐眸子微微瞪大，心里忽的喘不过气来。萧红云刚入宫那会，他没将她当回事，只觉得这个妹妹蠢得很，蠢也有蠢的好处，好拿捏。后来瞧见她当真天真单纯，只因为她的几次献计是好。 他便将一颗真心捧上，这在深宫里，这实在太难得了。孟棠入宫七年，也才只遇到这么一个萧红云，他真的太傻了。唐世德看出不对来，连忙道：“娘娘，娘娘，您切莫太过伤心，您如今的身子不宜大喜大悲。微臣保证，微臣一定倾尽浑身医术，定尽心尽力帮萧妃娘娘恢复如初。唐世德，治好她，本宫命令你一定要治好她。若是治不好，他重重吐出一口气，指甲掐进了手心里。唐世德是无辜的，他不能牵连无辜。微臣明白。” 娘娘，您深呼吸，莫要怒急攻心。外殿传来楚意带着笑意的声音：“唐儿醒了，果真醒了。”楚意一下朝便听到这好消息，迫不及待的赶来。李长福笑着说道：“唐太医现下在里面为娘娘诊脉呢，娘娘已经无事了，陛下可以放心了。”那就好。楚意走进来，他身上的龙袍还未来得及换，上面绣娘一针一线绣出的五爪金龙栩栩如生，落在孟唐眼里，却衬得楚意面目尤为狰狞可憎。唐儿，楚意怕吵到他，放轻脚步走了进来，果真见他好好的坐在旁边的楠木椅上。 他面上欣喜，上前道：“唐儿，你终于醒了。这些天当真吓坏朕了。”说完，楚意欲去牵他的小手，再要碰上前，孟棠躲了躲，将手缩回。楚意面上笑容一僵。孟棠起身，他看了床上躺着的萧红云，道：“陛下，臣妾是醒了。臣妾这一醒，却有旁的妃子病重昏迷了。”楚意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这才看到床上躺着的萧红云。他收回手，背在身后，说道：“都是他咎由自取。陛下，我们出去说，莫要打搅了萧妃。”唐太医，你也随本宫出来一趟。 是皇后娘娘来了外殿，孟棠怕吵到萧红云，关紧门。他淡淡开口：“唐太医，你将方才和本宫说的话和陛下再说一遍。”于是唐世德便又说了一遍萧红云的病情和腿上的伤。孟棠问：“陛下，您可听清楚了？”楚意脸色微沉，道、哦：“子彤，你便是要与朕说这些吗？在朕心里，十个萧红云也比不上一个你。先前叫他唐儿，如今又唤子潼，楚意已有不悦征兆。但孟棠不惧，他问：‘请问陛下，萧妃何罪之有？’” 您要这般搓磨他，他私查补药一事，致使你郁结在心，这便是错。楚艺眸色冷厉了起来。陛下，您说十个萧红云也比不上一个臣妾，您莫不是忘了？臣妾曾经在宫里过的也是萧红云这般的日子，甚至连他都不如。臣妾也曾在大冷天里跪过，也是陛下亲口下令让臣妾跪。臣妾与他是一样的。他冲着他失望地摇了摇头。楚艺嘴唇动了动，他其实已经记不太清了。他不喜欢孟堂那会，只觉得他做什么都是碍眼的，大大小小罚过不少次。 紫彤，你便一定要与朕翻旧账。泪水滚落，孟唐红着眼眶道：“唐太医说，萧妃膝盖受损，以后有可能再也跳不了舞了。”美人垂泪，惹人怜惜。楚仪看到这一幕，心底不悦，一点一点散了。他说：“只是跳不了舞而已，宫中舞技众多，也并不是非要让他来给朕献舞。”陛下，您什么都不懂。萧妃那一身舞技是用她的青春换来的，她在最好的年华进了宫，不得圣宠也便罢了，还失去了自己引以为傲的舞技。紫彤，为何你偏要处处为其他人考虑？你就是太过心善了。 这般性子如何能做得好皇后？废后吧！这皇后，臣妾不想做了。孟堂心灰意冷道：“楚意自知失言，方才那一句话太过冲动，他是决计不会废后的。朕说错话了，子潼你莫要生气，朕再也不说那种话了。他只是太过心善，不忍看萧红云受辱。他有什么错？倒是他，叫他一醒来便瞧见萧红云那副凄惨模样，他本就郁结在心，看到那画面，难免不会触景生情，想到曾经的自己，他看起来真的已经厌倦这皇后了。”孟堂轻轻闭起眸，说道。 陛下罚梅妃，罚萧妃，无非是因为婢子药一事。陛下觉得他们揭穿了您的真面目。可是陛下，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错的是梅妃，是萧妃吗？为臣妾喝婢子药的是他们吗？是陛下您！孟棠睁开眼，他扶着桌子起身，指着他，说着大逆不道的话：“是您，罪魁祸首是您。就算要罚，最该罚的也是您。您罚梅妃，罚萧妃，您怎么不罚罚您自己？”旁边候着的李长福和唐世德都觉得皇后娘娘疯了。 娘娘怎么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的？那可是皇上啊！陛下是绝不会容忍有人这般说他的。陛下怎么会做错？他是九五之尊，他下的任何命令都是对的，哪怕错的也要说成对的。李长福怕楚仪发火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说道：“陛陛下，皇后娘娘大病初愈，脑子这会不清醒呢，都是些胡言乱语，您莫要当真。”只见帝王那张脸已经不像来时那般笑意满满了，楚仪面容阴沉，眸中难掩盛怒。 李长福连忙又转头看向孟堂，道：“哎呦，娘娘，您这说的什么话？您刚醒，恐怕有所不知。您昏迷这段时间，陛下日日盼，夜夜盼，就盼着您赶紧好呢。陛下为了您，先少的连折子都不批了。这两日不知落下了多少事务，前朝大臣们怨声哀道。”娘娘，李长福不停地朝着孟堂使眼色，道：“娘娘，您只是不小心说错话了，心里不是真的这么想的，奴才都知道。”孟堂却当作没发现，他笑着问：“怎么，陛下生气了？这就生气了？” 孟棠猛地拂袖，将桌上的杯盏通通扫落在地，一阵噼里啪啦声。他说：“臣妾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？陛下是听不得臣妾说实话。也是实话，到底是难听的。陛下就算做错了，也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于您而言，您只是为臣妾喝了避子药而已。只要臣妾不知，那就不是避子药。可梅妃、萧妃却告知了臣妾真相，着实可恨。若无他们，臣妾现下和陛下，恐还上演着琴瑟和鸣、恩爱两不疑的戏码呢。您当然恨死他们了。” 完了，李长福心想，这下是真完犊子了。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语，只怕陛下这回真的要废后了。帝王的威严绝不容许任何人挑衅，哪怕是皇后娘娘也不行。句句都是诛心之语，句句都是皇帝不爱听的话。楚艺心里憋屈，因为孟堂说的都是事实。楚艺内心愤怒，因为在他眼里，自己竟是这样一个人。他醒来后关心萧妃，关心梅妃，却没问过一句他好不好。楚艺眉眼间一片阴云，孟堂忽地捂住心口，用力咳嗽了起来。他咳得那般撕心裂肺。孟棠拿着帕子。 捂着嘴，痛苦地缓缓坐回椅子上，咳咳嗨嗨，娘娘。唐世德大惊，唐世德忙道：“陛下，娘娘大病初愈，且郁结在心，此刻情绪不宜波动太大，大喜大悲尤为忌讳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不管孟唐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为着他的身子着想，都不能再说一些刺激他的话语了。”孟唐松开帕子，看到上面点点嫣红的血迹，这是他方才偷偷咬破口中嫩肉给逼出来的。为了演得更像点，厨艺看见那血，猛然一惊，他连忙上前说道：“唐世德。” 还不赶紧来看看！唐世德快步走来，又是给孟唐诊脉，又是扎针。过了会，唐世德内心疑惑：娘娘这脉象分明平稳得很，不像是怒极攻心的模样。唐世德抬头对上孟唐带着水光的眸子，明明这双眼眸没有任何威慑力，瞧着我见犹怜，但内里透出的冷静已经超脱常人了。二人对视了一眼，唐世德打了个哆嗦：他不该欺君。可皇后是个温良贤淑的女人，对下人和太医一向很好，且之前若非皇后闹了那么一遭，恐怕她就会被陛下拉出去顶罪了。 唐世德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，他跪在地上向楚意道：“陛下，娘娘这是怒急攻心所致，还请陛下莫要再刺激娘娘了。这段时日定要好好调养，否则于娘娘身子不易啊。微臣一会开复方子，娘娘一定每日都要按时喝。还请陛下这段时间好好开解娘娘，务必让娘娘疏通心结。”楚意也看到了帕子上的血，他心底浮现出自责来。与他置什么气？他病刚好，他本就该事事都顺着他，且他不是说了吗？以后会对他好。想来先前那些话。 都是他的一时气话。萧妃与他交好，他看到萧妃重伤，一时生气也是应该的。楚一心疼了，上前将他轻轻揽入怀中，说道：“唐儿说的都对，是朕的错，是朕不该。婢子要一事，都是朕思虑不周，怪不得旁人。萧妃一事，也是朕太过鲁莽，处理不当，伤了唐儿的心。唐儿莫要因此士气，坏了自己身子。”孟唐眸光微动，他虚弱道：“萧妃为了臣妾，一双腿险些跪废，以后再也跳不了舞。臣妾，臣妾自觉对不住她。这件事本不是她的错。唐儿放心，朕答应你。” 此事就此结果，日后不会再责罚萧妃。唐儿你，你只需养好自己的身子，朕不会再叫你烦心了。他看着那帕子上的血，只觉得刺目极了。好好一个人儿，如今成了这样。孟棠柔弱无骨的手轻轻推了推他，他道：“不会再叫我烦心。”是啊，臣妾这颗心已经死了，又有何可烦的呢？臣妾只是不想连累他人罢了。唐儿，莫要这样说，朕知道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楚玉眉头紧紧皱起，他只是一时气话罢了。楚玉这样提醒自己，等他气消了。 她便又是那个温柔可人的皇后了。陛下，放开臣妾吧，臣妾不喜欢您身上的味道。她的挣扎推拒渐渐停止，眸中一潭死水。楚意像一只求偶失败的狮子，无能狂怒又不知所措。他身上是醇厚的檀香气息，味道淡雅温和，并不刺鼻。可他说不喜欢，他不喜欢的究竟是这檀香味，还是他这个人？楚意缓缓松开他，他道：“唐儿不喜欢，以后都不用这檀香了。”孟棠抬头，充满讽刺的看了他一眼，他不言，只一眼便让楚意明白了其间的含义。 他不是不喜欢檀香，是不喜欢他。楚意欲言又止，孟棠却不带丝毫犹豫的转身进了内殿。唐氏德看到这情形，怕楚意生气，便道：“陛下近日最好试试顺着娘娘，莫要让娘娘动怒。俗话说得好，心病还虚心药医。”楚意看着他的背影，看着他温柔的抓起萧红云的手，柔柔的在他耳边低声细语。楚意内心前所未有的酸楚，如今他的所有温柔，所有善意都给了旁人，原来被他忽视是这种感觉。朕知道。楚意随即又想到，起码他比那方婉一强。 他的堂儿是分毫也不再一方晚意了，却还会怨他不搭理他。到底是爱他才会如此。孟棠在乾清宫陪了萧红云一上午，便回了坤宁宫。夜幕降临，御书房里，李长福捧着木案说道：“陛下，您该翻牌了。”楚意起身拂袖道：“翻什么牌？去坤宁宫，皇后不理朕，朕要好生哄哄她。”李长福笑着说道：“陛下说的是，女人呀，就是要哄。皇后娘娘不搭理您，您向她多说些好话，多亲热亲热，她也就原谅您了。不都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吗？”楚意指了指她。 就你机灵，李长福笑嘻嘻道：“陛下莫要折杀奴才了，奴才在陛下身边伺候了这么久，自是沾了陛下的光，陛下才是紫薇星将士天神下凡。”李长福一通马屁。此刻坤宁宫里，孟堂正在绣着香囊。方宁道：“娘娘，天太晚了，这么晚了还绣，对眼睛不好。奴婢伺候您沐浴更衣吧。”孟堂却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妨事。”方宁叹了口气，自打娘娘从乾清宫回来后就没怎么笑过了，一张脸愁苦的紧。方宁也能理解。 娘娘被陛下伤的实在太深了，又怎么笑得出来？可以想到娘娘曾经笑颜如花的样子，方宁心里就不好受。方宁说：“娘娘，奴婢给您讲个笑话可好？”笑话，孟堂手上的针线一停，随即只听他叹了口气，悠悠道：“本宫才是个笑话。”方宁大惊失色：“娘娘您莫要这般说，是奴婢的不是，奴婢不该随意开口，都怪奴婢这张破嘴，不怪你。本宫知道你是为了哄本宫高兴，但细的眼，好感的刷。” 那好感值卡在六十九，一天他就浑身不舒服。方宁是真的没办法了，看着孟棠这副郁郁寡欢的模样，方宁根本拿不出主意来。方宁说：“娘娘，您有什么想要的、想吃的，尽管和奴婢说，奴婢去给您做。好，你下去吧，我在绣会。”是，娘娘。厨艺走到坤宁宫门口时，太监下意识就要禀报，厨艺时指竖在唇边上，道：“嘘，莫要惊扰了皇后娘娘。”太监们跪在两旁，应了一声是。厨艺看见方宁从寝殿出来，叫住了他，问：“皇后娘娘如何了？” 方宁对她有所怨怼，她便故意将事情往严重了说。她道：“自打娘娘回坤宁宫后，一直郁郁寡欢，今日连扇都没用过。娘娘已经在房里绣花绣了一整天了，奴婢想和娘娘说话，娘娘也不应。今日没有搭理过坤宁宫任何人，奴婢瞧着，娘娘只怕是郁结在心了，竟这般严重。”孟棠向来是个脾气顶好的，从不会不理下边人。楚一道：“朕进去瞧瞧。”方宁向他扶了扶身子，告退了。楚一悄无声息的走了进来。 他换下了龙袍，今日穿着一袭雪白的锦缎袍子，腰间缀着一个碧绿的玉佩，银质发冠将发丝高高竖起，面容冷傲，倒真像世家勋贵出来的骄傲少年郎。楚艺不知不觉走到他身后，看清了他手上绣的香囊，他在绣一只美丽的孔雀。他的皇后熟读四书五经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刺绣字也不在话下。楚艺轻声开口：“唐儿是为朕绣的吗？”孟唐像是被这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真不小心扎进了手指，血珠立马就冒了出来，嫣红一点，弄脏了绣了一半的香囊。 楚意见此一惊，抓住他的小手，说道：“唐儿，没事吧？是朕吓着你了，朕不该。”说完，下意识将他指尖含入了口中。他垂眸，满怀担忧地看着他。此刻他眼神又让孟棠想到了发疯时小狗楚艺与那会像极了。孟唐缩了缩手，说道：“无事。”楚意抓紧不放。他笑了笑道：“朕还小的时候，娘亲也总是挑灯刺绣，每回扎到手，都会下意识放嘴里。娘亲说这样好得快，也不知道真假，假的。” 嘴里都是细菌。孟堂沉默，楚仪看着他手上的香囊，他说：“堂儿这孔雀绣的真好看，栩栩如生，朕很喜欢。记得以前堂儿也给朕做过香囊，朕都有好好收着。”孟堂淡淡开口：“臣妾这绣工如何能与绣院的绣娘比？这般粗糙不堪，怎配赠与陛下？以往臣妾送的那些，也没见陛下戴过几回，便不污了陛下的眼了。”楚仪抓着他小手，急忙解释道：“朕喜欢的，朕很喜欢。堂儿绣的比他们都要好，朕不是不戴。” 只是不舍得，朕明天开始就只带唐儿做的，好不好？孟唐眉头轻轻皱着，似有为难。他道：“可是陛下，这香囊不是绣给您的，是给萧妃妹妹的。臣妾觉得萧妃妹妹与这骄傲的小孔雀很是相称。”楚仪听到这话，骤然僵住了，唇角笑意也散了。楚仪问：“萧妃有朕没有吗？”孟唐不答，他将放在案上的线婆罗端了过来，只见里面还放着好几只绣好的香囊。他竟绣了这般多，里面总有一个是属于他的吧？楚仪这样想着。 他不动声色的看着他，昏黄的烛光下，孟堂面容柔和，说话时的语气也软软糯糯，带着点娇。拿起上面绣着黄莺的香囊，说道：“这是送给月嫔的。”又拿起绣着修竹的香囊，道：“香妃妹妹与竹甚是相应这是给香妃妹妹的。”他将香囊一个一个拿出来，低声细语的诉说着，最后甚至拿出了一个绣着梅花的香囊，道：“这是给梅妃妹妹的。”梅妃因为本宫受了苦，也不知她在安宁堂过得好不好。她面上带着愁绪，好在那箩筐里还剩下一只香囊。 剩下的那只上面绣着紫色的鸢尾花，他将满宫嫔妃都送了个遍，甚至连梅妃都有。这最后一个总该是给他的了吧？这个呢？楚艺拿起鸢尾花香囊，问孟唐生怕楚艺抢走似的，又从他手上拿了回来。他面上带着笑意，道、哦：“这是给方宁的。”楚艺站在他面前，看着这桌上一堆香囊，他不嫉妒，他一点都不嫉妒，不就是香囊吗？他不生气，他一点也不生气，不就是没给他绣吗？下一刻，楚艺双眸泛红，他忽地推开那箩筐。 香囊被他扫在了地上，他将孟棠按在了身下，木榻轻轻晃动了一下。楚一道：“朕也要唐儿，朕也要，为什么不给他绣？”甚至就连那被打入冷宫的梅妃都有他的呢，他的呢？楚一就像喝了几缸的陈年老醋，心里泛着阵阵酸。他一只手摸向他的小手，摸到他的指尖，摸着指腹上细细的茧，说道：“朕想要，朕要比他们都好看的，朕想要个龙凤呈祥。”唐儿，他目光火热地看着他。孟棠怔了怔，缩了缩手，他轻声道：“陛下。” 臣妾不会绣龙凤呈祥，瞎说！朕的皇后什么不会？朕的皇后什么都会。朕想要她发丝垂到肩头，带着一股子胡搅蛮缠的劲儿。孟堂淡淡开口：“陛下太高看臣妾了，臣妾也并非是无所不能的。臣妾真的不会。”楚意颓然的低下了头，过了会，将脑袋埋在他脖梗间，呼出的热气一下一下的刺激着他娇嫩的肌肤。他闷声开口：“棠儿哪里是不会？棠儿只是不愿罢了。棠儿还在怨朕，陛下。”孟棠伸手推了推他的头，他怨他不是应该的吗？这说的什么话？ 厨艺张口叼住他颈间的肉，细细舔吮着，他呼吸很快就粗重了起来。孟棠呼吸一颤，用力抓紧了他的发丝。厨艺一路稳稳，掌心划过他腰间，摸向他的衣带。他抬头，双眼里被浓浓的欲望所盛满。他说：“李长福和朕说，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。”他双臂撑起身子，将他彻彻底底的笼罩在自己的气息之下。楚艺喃喃开口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说完，楚艺将人打横抱起，朝床畔走去。孟棠没有反抗。 他温软乖巧地缩在他怀抱中，和以前的每次事情都一样。楚艺几乎要产生了他没有生气、没有怨他的错觉，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琴瑟和鸣。楚艺将他放在床上，手背拂过他脸颊，说道：“唐儿，也给朕绣一个香囊吧，龙也好，凤也罢，绣成也，鸡朕都要。”说完，他扯开腰带，身上衣服尽数落在地上。男人强悍的身躯附在他上方，楚艺母只捻了捻他的小嘴，道：“怎地不说话？答应朕，快答应朕，就这一次，好不好？”他闭上眼，娇弱的身躯轻轻颤抖。 泪水从眼角滑落，他道：“陛下既想要臣妾侍寝，便尽快吧。待到陛下发泄完，臣妾还要将那只小孔雀绣完。”楚仪怔住了，孟堂撇过头，闭上眼，一副任由他处置的样。楚仪指尖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，说：“唐儿，朕朕联系你，想同你好，不是为了发泄。”孟堂睁开眼，问：“不是吗？”“不是。”孟堂轻声道：“无甚区别，反正陛下在这事上面，向来不会问臣妾愿不愿意。”楚仪心头蓦地哽住了，确实如此。 每回事情，他从没有问过孟唐的意愿。孟唐几次说疼，不要了，他却还在逼迫他。唐儿今夜可愿？厨艺问他，自是不愿。他又没有受虐倾向。孟唐说：“臣妾说不愿，陛下就会罢手吗？”厨艺凑上去，轻轻啄着他的唇，一下又一下，他吻得温柔极了，细碎的声音从唇齿间溢了出来，道：“只要唐儿说，朕就会。”陛下，臣妾不愿。厨艺轻轻咬了咬他的唇，在他腰间重重揉了一把，说道：“好，既然唐儿不愿，朕便不为难你了。”他起身。 缓缓吐出一口气，眼中盛着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暴躁与不满。楚意捡起地上的衣服，重新穿好。他回过头看了孟唐一眼，说：“唐儿，朕不动你，但朕想要香囊，给朕绣一个。”孟唐没应。他起身又去岸上拿针线。楚意叹了口气，离开了坤宁宫，回御书房批折子。前两日积攒了太多，他得快些批完。李长福不解道：“陛下，您不留下来过夜了？”楚意道：“他见了朕会烦心，改日再来吧。”他告诉自己，不能急。 总有一日，他会原谅他的。楚艺连夜批折子，直到李长福过来提醒他该早朝了，楚艺才回过神，意识到竟然已经六更天了。楚艺伸了个懒腰，说道：“李长福，伺候朕更衣。”是，陛下。楚艺换完衣裳，又去柜中找孟唐以前给他绣的香囊。香囊太多，各宫嫔妃也送了不少，和孟唐绣的混杂在一起。楚艺一时竟不知哪个才是孟唐所绣。他彻夜未眠，又没在孟唐那里讨到好脸色，不免开始烦躁了起来。 皇后送给朕的香囊怎么和嫔妃送的放在了一起？是谁负责的？李长福忙道：“肯定是下面的不懂事，瞎放了。”陛下，你要用哪个？奴才帮您找。李长福瞥了眼柜中的香囊，厨艺摆了摆手。他刚要开口，坤宁宫的小太监琳琅猝不及防来了御书房。琳琅跪在地上，双手高捧过头，手心里放着一只龙凤呈祥的香囊。琳琅说：“娘娘说陛下想要龙凤呈祥的香囊，特派奴才送了一个过来。”厨艺看到这香囊，内心大喜。 昨夜他面上瞧着不愿，可还是连夜给他绣了这龙凤呈祥。楚艺接过，他针脚细密，绣得很是精致。楚艺指尖在那刺绣上摩挲着，内心升起一股暖流来，便连脸上都沾了点点笑意。他眸子柔和了下来，问琳琅：“皇后可有让你带话给朕？”琳琅抿了抿唇，说道：“娘娘彻夜绣香囊，今早才睡下，好好让她好好休息。回去告诉她，这香囊朕很喜欢。对了，前段时日西域小国不是进献了一盏琉璃宝灯？” 朕瞧见皇后屋中灯光还是暗了些，商演将那盏琉璃宝灯给朕送去，那灯一点，满屋生辉，她会喜欢的。对了，还有七品摘星制的夏衣，各个式样都给皇后送个十来套过去。朕瞧见她身上穿的还是去年那件素白夏衣，虽如今提倡节省开支，可皇后还是穿的太素净，不好。还有什么金银玉器，都选些最好的送到皇后那儿，她想要什么，朕都给。等她醒来了，慢慢挑，开朕的私库给她挑。琳琅笑着说道：“多谢陛下赏赐，嗯，让你们娘娘好生休息。” 朕晚些再去看他。是，陛下。待到琳琅离开后，楚意挂上了这龙凤呈祥的香囊。李长福看到这一幕，笑着说道：“皇后娘娘还是心疼您的，瞧，彻夜给您绣了这龙凤呈祥呢。”楚意唇角扬起，他道：“他嘴上不说，心里还是念着朕的。香囊里放了安神香，沁人疲惫。楚意忙碌了一整晚的疲惫，瞬间一扫而空。他精神奕奕地走出御书房，说道：“李长福，屋里有个贴心人，到底是好的。”李长福，他是太监，他不配。他知晓现下陛下高兴的很。 不能驳了他的面，扫了他的心。他道：“哎呦，奴才哪里有这福气？也就陛下您能享受皇后娘娘的这等关怀了。奴婢一个太监，别说贴心人了，身边人不糟心就不错了。”楚仪乐了，他道：“太监也是人。”李长福眼眶一热，亦步亦趋的跟在楚仪身后。孟堂醒来时已经喂食，他看着琳琅城上来的琉璃宝灯，问：“陛下让你送来的？”琳琅笑着说道：“可不是吗？陛下特地赏的，说这灯一点，满屋生辉，对您的眼睛好。而且这灯只有这么一盏。” 陛下那都没呢，只给了娘娘您，可见陛下对娘娘您的恩宠。孟堂神情恹恹的说道：“放一边吧，一盏灯就想打发他。”琳琅说：“陛下还让娘娘您去他的私库里挑宝贝呢，免了吧。本宫如今哪有那等好福气？再多宝物也填不平本宫内心的空洞。”琳琅看到孟堂这副难过失意的模样，忍不住伤感了起来。孟堂问：“早上送去的龙凤呈祥香囊，他可喜欢？”琳琅忙道：“喜欢的紧，陛下当即就戴上了，而且陛下看到那香囊，双眼都亮了呢。” 脸上都是笑意，对奴才也和颜悦色了起来。喜欢就好，那可是本宫托绣院绣娘熬夜赶制的，绣娘的一番心意皆在里面了。孟棠语气淡淡的，楚艺这样的人就是的吊着，不能对他太热情，也不能太冷淡。为了不玩脱，孟棠将一招玉拒还淫玩到了极致。所谓越是得不到，便越想要；楚艺越是心痒难耐，便越惦记他。他道：“去问问那绣娘，若她有意向上爬，给那绣娘一个偶遇陛下的机会。”琳琅疑惑问：“娘娘这是为何？总得让她知道那香囊的真相。” 否则真以为是本宫绣的，本宫可绣不出那般精致的龙凤呈祥，也不想揽了绣娘的宫孟堂语气里带着嘲讽。琳琅皱着眉问：“娘娘，您就不怕陛下得知此事后生气，或者当真宠幸了那绣娘？”昨日楚意离开时，欲求不满的神情浮现在眼前。他想，若是楚意当真能宠幸那绣娘，倒也好，不必再在他身上发泄那股兽欲。生气了就更好，人一生气就容易失了智，做出一些伤人伤己的事情来。他非要破了那六十九的好感值不可。孟堂唇角上扬。 他若当真能宠幸那绣娘，本宫的好日子便来了。琳琅很是不解，娘娘的心思真难猜。不管她还是方宁，都从没真正看懂过孟唐说他对陛下一往情深吧，偏偏又多次把侍寝的机会让给别人，对陛下的三宫六院丝毫不在意。说他不在乎陛下吧，又被陛下伤到如此地步，仅仅一个月，人都瘦了一大圈，面容憔悴的很。她身上有股矛盾感，可琳琅不敢说。琳琅退下后，孟唐叫来了方宁，他道：“方宁，将这些香囊都给各宫小主们送去吧。” 梅妃那也莫要漏了。方宁行了个礼，道：“是娘娘。如今梅妃在安宁堂过得不好。安宁堂都是些前朝失宠的嫔妃，或疯癫，或冷漠。梅妃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女娇娘，和这些人格格不入。”梅妃看着不远处正在抓蚯蚓往嘴里塞的妇人，忙阻止道：“爱不行，那不能吃。”那妇人听到这话，抬起头，冲着他傻呵呵的笑了，随后将那蚯蚓扔进了嘴里，俨然已经疯了。如翠抹了抹眼泪，说道：“主子，您别劝了，他们都疯了。” 而且，就算不吃那些中午放饭时给的那些馊饭剩菜，也不能吃呀、啊！梅妃怔怔地坐在石凳上，忽然门口处传来一道声音：“方宁道，奉皇后娘娘之命来给梅妃送东西的。”那些个侍卫听到“皇后娘娘”几个字，连忙跪在了地上，不再阻拦。方宁走进安宁堂，随即被里边带着恶臭的气息熏着了，拿着帕子捂着鼻。梅妃冲着他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这不是方宁，你怎地来这种地方了？”方宁走到他跟前，将怀中的香囊掏出，放在桌上。 皇后娘娘特地给您绣的，让奴婢送来。梅妃看着这香囊，眼神冷漠，说道：“送这香囊有何用？皇后娘娘若真有心，送一碗米、一碗粥，都比这无用的香囊好得多。”方宁听此，骤然冷笑，他道：“梅妃娘娘，恕奴婢直言，今日您变成这样，皆是您咎由自取。您将婢子药一事告知皇后娘娘，从未想过皇后娘娘得知真相后会怎样。您可知，皇后娘娘已经有多少天食不下咽了？整日里以泪洗面，好好一个人儿，如今都瘦成了竹竿。” 皇后娘娘还惦念着你，你就已经该感恩戴德了。至于这香囊，娘娘爱要不要吧？奴婢言尽于此。说完，方宁便转身离开。那日，方宁是亲眼见证梅妃如何将这丑恶的真相揭露在皇后娘娘面前，丝毫不顾及皇后娘娘的想法，利用皇后娘娘往上爬。因此，方宁对她没有丁点好感。梅妃听到这话，慌了。方宁是这么些天来唯一过来看她的，而皇后娘娘也是唯一能够救她出去的。皇后心善，若她说些好话，求求皇后，自己是不是就能脱离这等境地了？ 梅妃忽地冲上前，她扯住方宁的衣摆，说道：“且慢！”方宁皱着眉转身，不悦道：“梅妃娘娘还有何事？”梅妃抓着她的袖摆，急急忙忙道：“救我出去！求求你，方宁，和你们娘娘说一声，只要娘娘愿意救我出去，我这辈子给娘娘做牛做马，在所不惜。”方宁道：“这宫里愿意给娘娘做牛做马的人多了去了，缺你一个吗？”梅妃神情慌乱，这冷宫她真是一日也待不下去了，里面都是些被折磨的没有了神智了的疯子。 她不想自己也变成那样。她说：“为了娘娘，我什么都能做，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娘娘愿意救我出这苦海，我以后为娘娘马首是瞻，再不会生出其他心思。”方宁翻了个白眼，道：“话说的倒是好听，谁知道真假？你若真有这心思，便放在行动上。行了，我会将这话告诉娘娘的。”梅妃娘娘松手吧，奴婢该回去了。梅妃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，他四处看了眼，趁没人看见，将仅剩的银两塞进了方宁手心。他说：“方宁，我求你。” 皇后娘娘那般心善，定不会放任臣妾不管。你也知道皇后娘娘心善，你便是瞧她心善，这才天不怕地不怕的过来将真相告知她。方宁恶狠狠地瞪着她，她将那块银子扔地上，说道：“皇后娘娘赏赐了奴婢不少，奴婢可不缺这点。”等到方宁离开后，如翠连忙捡起那银子，吹了吹，道：“娘娘，您何必这么低声下气？这是咱们仅剩的银钱了呀。”梅妃怔怔地看着她的背影，她道：“我如今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皇后的心善之上。” 当真可笑。孟棠今日瞧着精神了些，在院中捡着花枝，看到方宁气呼呼的回来，孟棠笑了，问：“怎么了？谁惹你不高兴了、啊？”方宁道：“还不是那个梅妃，正指望着娘娘您救她出去呢。”方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孟棠说了一遍，孟棠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正值酷夏，还不到寒梅绽放的季节，让她在冷宫里再吃些苦头吧。娘娘您打算救她？救不是现在，本宫的嬷嬷她的性子，否则梅妃那样的人，如何能心甘情愿的为人所用？” 只怕从冷宫出来后便会翻脸不认人了。方宁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娘娘，您还打算救他？他说的对，娘娘您就是太过心善了。人善被人欺呀，娘娘。赵奴婢看梅妃那样的人，就该关在冷宫里，才不会出来作妖，给娘娘您惹事。”咔嚓一声，枝条落在地上。孟棠开口：“方宁，都进宫七年了，你脾气怎的，还是这般直？奴婢就这样，看不惯有人欺负娘娘您。”听到这话，孟棠是真心实意被暖到了，唇角微微扬起。他正欲开口。 门口传来脚步声，楚意带着李长福走了进来。看到孟唐今日心情不错，他便也跟着愉悦了。他道：“唐儿休息的可好？这回太阳毒，怎地站在外面？莫要晒伤了自己。”孟唐唇,唇角的笑意缓缓消失，他瞥了眼楚意腰间的香囊，将手上的剪刀递给方宁，吩咐他退下。孟唐淡淡道：“还好，臣妾一身病体，正适合晒晒太阳，去去病气。”楚意上前摸了摸他的小手，皱着眉道：“手还是这般凉。”孟唐将手抽回，不说话了。 瞧见他一看见自己，嘴角的笑意便消散。楚意心底不是滋味，他勾着腰间的香囊，说道：“唐儿，你早上派人送来的香囊，朕很喜欢，朕以后会一直带着。”听到这话，孟唐一阵讶异，眸子微微睁大了些。他道：“陛下喜欢就好。”唐儿，楚意想抱抱他，他消瘦的身子太惹人怜。楚意伸手将他揽入怀中，他道：“朕和人说了，让你去朕的私库里挑宝贝，怎地不去？”孟唐淡淡开口：“臣妾什么都不缺，不必了，陛下赏给其他嫔妃吧。”楚意急急开口。 怎么不缺？朕瞧你宫中所用都是过了季的，身上穿的也是去年的料子了。朕送给你的东西，你怎地不用？陛下，臣妾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，您以后不必再送了，送来也是留着落灰。臣妾对吃穿用度没什么讲究的，更苦更累的日子都熬过来了，臣妾很满足于现在的一切。他越是说，他便越是心疼。各宫嫔妃们个个都恨不得吃上最好的，用上最好的，唯有他从不在意这些，都是够用就行，从不贪多贪好。楚意长长叹了口气，楚意揽着他。 朕今日不走了，留在你宫中用膳可好？这可不行，想得挺美。孟棠瞥向他腰间的香囊，问：“陛下果真喜欢这香囊？”楚一面上浮现出笑意来，道：“有这一个足矣，其他的香囊朕都不要了。回头让李长福将其他嫔妃绣的都扔了。”孟棠闻言，伸手推开他，意有所指道：“既如此，陛下便不要留在臣妾这了。陛下请回吧，臣妾宫里的粗茶淡饭，恐配不上陛下。稍晚些，臣妾还要礼佛，陪不了陛下了。”楚一没听懂他话里的深意，只觉得。 他还是没有原谅他，不过比起昨日，他今日态度已经好上许多了。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楚意更加坚信了他迟早会原谅自己的想法。既如此，楚意长叹一声道：“那朕便不打扰唐儿了，朕明日再来看唐儿。唐儿有事，尽管派人去乾清宫换朕。”对此，孟唐十分不耐，只想翻白眼，默哀本宫，赶紧回去偶遇你的绣娘吧。下人房，巧萍换上了枝花袍，头上插着朵栀子花，打扮的花枝招展。她同屋的宫女见了，打趣道：“一会天都要黑了，你打扮成这样做甚？” 难不成是要与侍卫哥哥去私会？巧平啐了他们一口，说道：“我乐意，你们管得着吗？”先前皇后娘娘的人来找了她，与她说了香囊的事，让她自个选。巧平自是要抓住这个机会的。入宫是为了什么？本就是为了那泼天的富贵，为了往上爬。再者，她自诩她容貌在宫女里也是数一数二的，与后宫那些娘娘相比也不差什么了。虽传闻陛下暴力，可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巧平对自己的容貌有那个自信。巧萍瞥了眼屋中其他忙碌的宫女一眼，唇角露出笑意。 扭着腰往外走去，另一个宫女瞧见，说道：“这么晚了，打扮成那样，这是想勾引谁？宫中轮值的侍卫家世好的比比皆是，若真能勾引上，也算是他的福气了。别说了，旦夕祸福皆是他自个选的，是福是祸，且看着罢，指望别连累的咱们。”日头西斜，楚意今日心情不错，没有做龙撵，打算走回乾清宫。坤宁宫离乾清宫确实远了些，楚意想，但此时若是谦宫，又实属不便。唐儿恐也不愿这般兴师动众。 路过宜春堂时，满园红艳艳石榴花，一眼望去如火般的红云，楚艺不禁驻足。李长福见此，忙道：“陛下，这是前些年张南那边送来的，说是寓意好多子多福，就种在了宜春堂。”楚艺看着这花，道：“多子多福。”说起来，今年石榴花开迟了些。李长福叹了口气：“今年气候不好，陛下莫要伤感。”说话间，石榴树的花之间突然伸出一只素白的手，楚艺眉头一皱，抬脚往树丛中走去。“陛下，您要赏花吗？”李长福问。楚艺不语。 下一刻，楚艺瞧见一个穿着白色织花袍子的女人，正伸手摘着花，臂弯间的竹篮里已经装了不少火红的石榴花。女人有着一张精巧的小脸，她似是被突然出现的人惊到，美目一睁：“阁下，阁下是何人？”楚艺沉着一张脸，面前男人穿着玄黑真丝锦袍，上面绣着暗金龙纹，真实身份不言而喻。他像只受了惊的小兔子，战战兢兢的看着他。楚艺问：“谁让你摘这些花的？”以前楚艺还不觉得这花寓意有多好，如今多子多福也不是不行，只要是皇后生的，他都要。 至于孟家，总有平衡的法子。巧平慌张道：“奴婢，奴婢见这花太美，觉得过几日花期便结束了，怪可惜的，想采摘几朵制成干花，放在屋内欣赏。”巧平大着胆子问：“阁下也喜欢这花吗？阁下若是喜欢的话，巧萍赠你一朵可好？”他拿出一朵最大的，递给楚意。李长福已经识趣的带人退出了宜春堂。楚意问：“你不认识我？”奴婢该认识你吗？巧萍像是不经意间瞥到了楚意腰间挂着的香囊，他惊呼一声。 楚一眉头狠狠一拧，叫什么？吵到他了。巧萍笑着说道：“你腰上挂的这香囊，我就说怎么这般眼熟，是奴婢昨晚刚赶制的呢，真是巧。看来咱们还是有缘人。奴婢绣的香囊竟然到了阁下你的手上，你说有缘不有缘？”听见这话，楚一脸色蓦的一黑，他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做的？”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啊，奴婢昨夜赶制的，是皇后宫里的人叫奴婢做的，说是做了送人，奴婢也不知道会送谁。不过听说皇后……” 有个神勇非凡的哥哥，该不会是送给他哥哥的吧？你就是那孟百户吗？楚艺脸色越听越寒，他厉喝一声：“李长福！”李长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惊慌失措的走了进来。他伸手指了指巧平，说道：“自作聪明的蠢妇！这满宫上下除了朕，还有谁配用龙纹？”巧平脸色一变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煞白着一张脸说道：“您，您竟是皇上吗？装的还挺像那回事。”楚艺面露轻蔑，后宫嫔妃为争宠，什么手段没使过？ 他岂会被一个宫女蒙蔽双眼？你说这香囊是你绣的？你再说一遍。楚意脸色难看，真的是奴婢绣的，真的是奴婢绣的啊！虽然不知道皇后为何要让他绣这香囊，但绣的时候他用了点小心机，他在香囊内部绣了个瓶子。若是有贵人用了这香囊，发现那个字，说不准他也能跟着沾光。他说：“陛下若是不信，可将香囊翻过来，里边有个奴婢亲手绣的瓶子。”楚意将香料倒出来，香囊翻了个面，果真见里面绣了个瓶子，好的很。 楚艺攥紧了这香囊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陛下，奴婢，奴婢……巧萍显然也是发现了陛下的盛怒，试图解释什么。”楚艺指着他道：“石榴花寓意多子多福，你折了朕的石榴花，是想让朕断子绝孙吗？”这话落，不止巧萍，便连李长福和其他太监宫女们也吓了一大跳，连忙跪在了地上。李长福劝道：“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啊！”李长福道：“自作聪明的蠢东西，这石榴树是之前张楠上供的，岂是等能折的？” 拖下去，快把他拖下去，莫要碍了陛下的眼。楚艺面容冷厉，那双眼像是沁了血，又凶又怒。他铁青着一张脸，道：“用他的血来浇灌今年的石榴树。”巧平脸色一变，楚艺转身欲走，巧平欲扑上去，好在被太监给按住了。巧平尖声：“陛下奴，奴婢错了，奴婢错了，是皇后，都是皇后，是皇后指使的奴婢。”李长福面色大骇，忙一巴掌打在了他脸上，道：“狗奴才，事到临头还攀咬皇后娘娘。” 石榴花是皇后娘娘让你摘的吗？这些拙劣的话是皇后娘娘教你说的吗？楚意阴沉沉的看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去。坤宁宫里，孟唐正在佛堂礼佛，楚意大步流星走了进来，方宁澜也拦不住。方宁急道：“陛下，陛下，娘娘现在正在佛堂礼佛，恐见不了您。”楚意盛怒之下道：“再拦朕一下，即便你是昔日孟府之人，朕也会将你一刀砍了，滚开！”他怒急而来，重重推开了方宁。方宁叫道：“陛下，娘娘现在真的不方便。” 您就算有急事，也要等娘娘从佛堂出来再说啊，陛下。除了方宁外，其他宫女太监不敢拦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楚艺往佛堂而去。佛堂大门被人砰的一声推开，身姿羸弱的女人跪在蒲团上，手里掐着佛珠，虔诚祷告着。楚艺走进来，他将手上的香囊扔到她身边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你送给朕的香囊。”孟堂睁开眼，他起身，转过身与他对视了一眼。楚艺道：“将朕骗得团团转，好玩吗？看着为了一个香囊喜不自禁的样子，好玩吗？” 他眼眶通红，里面装着满满的怒意。他说：“子彤，你这是在报复朕吗？报复朕先前对你的所作所为。朕之前来的时候有多高兴，收到这香囊的时候有多雀跃，此刻便有多愤怒。你若不愿给朕绣，何必拿一个别人绣的来滥竽充数？你知道的，朕在乎的从来不是香囊，而是绣香囊的这个人。”陛下，孟堂轻声道：“臣妾从未说过这香囊是臣妾自个绣的。你的意思是，都是朕的一厢情愿了？” 他双眼红了，眼底渐渐浮上泪光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的很。你说的没错，确实都是朕的一厢情愿。是朕以为是你秀的，是朕觉得你心软了，要原谅朕了。”孟唐沉默不语，只云淡风轻地看着他。他眼里的冷漠疏离，深深伤到了他。楚艺疏的上前，他攥住他的肩膀，质问道：“朕待你还不够好吗？朕专宠你一人，旁人朕都不碰。朕待你还不够好吗？朕真想瞧瞧，你的心是用什么做的。”他大笑一声。 觉得先前收到香囊时为此高兴的自己真是愚蠢，人就不该被情爱绊住。楚艺怒得失去了理智，尤其看他这副面容冷淡的模样，楚艺就受不了。他一只手捏住他的下巴，将他抵在身后的供桌上，供桌剧烈摇晃了一下，上面摆放的水果点心哐里哐啷的掉在了地上。楚艺一只手护他的腰，他说：“冷落了朕这么多天，该够了吧？朕对你好，你不要。既如此，什么君子作风，什么温柔小意，朕都不稀罕了。朕想要什么，从来都会直接抢，容不得他人智慧。” 孟堂开口了，他眼底带着哀痛。他说：“陛下，您说您专宠我一人，您对我好。可这好于我而言，他真的好吗？臣妾要的是什么？您从来都不知。对于一个男人而言，管住自己下半身，在孟堂眼里，并不是一件多值得骄傲的事。这是他该做的。朕怎么对你不好了？朕为你可不顾生死，你落地泪，朕都难受的要死。朕恨不得将天上的星星月亮摘下来都给你，这还不够好吗？还不够好吗？嗯。”除艺呼吸急促。 看着他白皙的小脸，身后是庄重威严的佛像，楚意心底不知怎的，忽的就升起一股施虐欲。他要在这佛像前弄哭他，弄脏他。他高贵干净，是他的确高贵干净，可他是他楚意的女人，就得和他一样。孟唐问：“婢子药呢？”楚意呼吸一滞。他说：“你偏要与朕翻这通旧账，是不是？”婢子药是朕做的不对，可朕说过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喝。这难道还不够吗？朕是帝王，是天下共主，朕无需在意他人的看法，可是朕在乎你。 只有你能让朕体验这心烧火燎、心痛欲死的感觉。朕素来是个随心所欲的人，为了你装出温柔小意的模样，你不要。既如此，以后也别要了。说完，楚艺掐着他的下巴，吻了上去。他用力的很，拇指在他下巴上留下了乌青的指印。他吻得又粗暴又深重，舔开他的唇舌，要了命的吸吮着。孟堂咬破了他的舌，他也不在乎，混着这股血腥味，更加激起了他的凶性。楚艺此刻只想狠狠地占有他，他捏着他的下巴。 逼迫他转过身，从后背掐住他的腰，低沉的声音里夹杂着沙哑：“朕今日要当着佛祖的面的要了你，放放肆！”孟唐厉喝道：“楚艺，你不能，你怎能辱了这佛堂？满天神佛都在看着你，楚艺，你松开我！”孟唐先前便已经料到了这一出，知道香囊的真相后，无非两种后续：一是看上绣娘宠幸绣娘，二是暴怒之下失去理智，将怒意发泄在他身上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所谓狗改不了吃屎，就是如此。 厨艺先前一副做小伏低的样，左一句知道错了，右一句不会再犯。可他的本性便是如此，又怎会轻易改的了？只是孟唐没想到他会直接在佛堂行这种事，荒谬！孟唐骂道：“荒谬吗？”厨艺低低的笑出声来，他脸色狂妄极了，说道：“朕今日还就这么荒谬了，满天神佛都看着朕，又何妨？朕偏要在此地强要了你。”他舔了舔唇上的伤口，一阵刺痛，眼底却带着浓重的征服欲，双眸红的要滴血。 他大掌一寸一寸顺着腰间往上抚，楚艺，别在这，我们回房。他眸中染上了泪意，眼角通红。往日里瞧见他这样，他定要心疼了。可今日楚艺没有心软，盛怒之下，所有理智被烧成灰烬，疯狂掠夺才是他的本能。他摸着他湿漉漉的眼角，呵着气，滚烫的气息拂过他耳畔。他从背后抱住他，附在他耳边说道：“瞧，佛祖都在看着我们呢。这是今日你愚弄我的惩罚。”紫瞳，这些天来他一直憋着火，攒着劲儿。他许久未碰她。 他的惶恐，他的失措，他视而不见，只想将一股脑的都发泄出来。孟棠睁大了眼，看着面前的佛像，佛像庄严，他却如同小丑，被他欺压在身下。他一声声愤怒的低斥，粗重的喘息，与这庄严的佛堂格格不入。够了，够了，他想。他闭上眼，任由他为所欲为，眼角泪珠滚落在地，真真荒唐又可笑。楚艺摸到他小脸上的湿润，心底蓦地软了一下，但这心软没持续多久，便被冲上脑的本能给夺取。他捏着孟棠的下巴，将他翻了个身，说：“睁开眼。” 看着朕，孟堂不愿睁眼，他指尖便揉着他的通红的眼角，逼迫他睁眼。他道：“朕要你看着，看着朕是如何在佛堂里占有你的。”他身上衣服只乱了一丝，没露出丝毫皮肉来，瞧着依旧衣冠楚楚，只可惜人却是个禽兽。他爱极他流泪的样子，这会让他心里愈加兴奋。孟堂眼睫轻轻颤了颤，缓缓睁开眼，他眼眶是湿红的，眼里也浮现出了血丝，气得身子直颤。过了会，孟堂抬手，猛地朝楚逸脸上甩了一巴掌，这一巴掌力气之大。 楚艺嘴角被打破了，他舔了舔唇角，尝到了血腥味，却不恼反笑。他大笑一声，抓着孟棠的手往自己脸上抚。他说：“来，多打几下，不管你打几下，我都受着。”孟唐身子直抖，他咬紧了一口银牙，果真如他所愿，又往他脸上扇了一巴掌。下一刻，楚艺忽的暴起，撕拉一声撕碎了他身上的衣衫，大掌抚摸到白嫩的肌肤，他笑得张狂，眼底尽是疯狂。剩下此等好风光，人间难得几回见，这等巅峰极乐，他楚艺尝了又尝。天色已黑。 屋外，方宁担忧道：“陛下和娘娘已经在佛堂里待了许久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李公公，您要不要进去瞧瞧？方才陛下来时盛怒，方宁是真怕楚意会做出什么伤害孟堂的事情来。他们娘娘身子都那样了，再经不起丝毫摧折了。李长福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遣退了佛堂外守着的宫女太监们，和方宁道：“方宁姑娘，您就放心吧，娘娘不会有事的。”方宁眉头死死皱着，他说：“这叫我如何放心的了？”李长福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看在都是奴仆的份上，咱家提醒你一句。” 咱们陛下、啊、如今是想要龙嗣了。方宁立即就明白了过来，她脸色顿时煞白。可可娘娘的身子，娘娘如今太过消瘦，这身子不适合孕育龙嗣呀，还得再养养。可陛下等不及了，今夜都去歇着吧。娘娘自有陛下照顾，用不着你们了。方宁咬了咬唇，眸中浮现出泪光来。她说：“奴婢就站在这里等，万一娘娘有什么需求，奴婢也好第一时间知晓。”罢了，你愿意站着就站着吧。方宁害怕孟唐受伤，孟唐每次侍寝完都会受伤，她去房里。 提前将伤药、止痛药准备好，等娘娘侍寝完也能及时用上。更深夜静，佛堂内一片春光，佛祖金香睁着一双悲天悯人的眼，将这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看了全，孟堂内的一根手指头也动不了。楚一抱起他，拿大氅将他身子裹住，随即打开佛堂的门，又往寝殿走。方宁听到动静，机灵了一下，赶忙上前道：“娘娘和陛下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奴婢。娘娘在前，陛下在后。陛下只是碍于主仆礼数，随便带的。”楚一瞥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今夜用不着你们，都下去吧。” 方宁犹豫地看了眼孟唐，孟唐整个人都被包裹在了狐毛大氅里，只露出一张苍白、脆弱的小脸，下巴尖的令人心疼。孟唐疲惫地睁开眼，对上方宁的视线，冲着他轻轻点了下头。方宁心里不是滋味，皇后娘娘都快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，陛下竟也舍得。方宁道：“是娘娘，陛下，奴婢知道了。即便他不情愿，也不得不退下。”楚艺抱着孟唐进屋，孟唐声音很轻，细细的，骚的楚艺耳朵发痒。他问：“陛下还没尽兴吗？”楚艺只要了一两次，哪里够？ 他忍了这么多天，憋了这么多天，总得要个够本。拇指蹭过他嫣红的唇，楚艺将他放在床上，说道：“夜晚才刚开始。”孟唐闭起眼，楚艺掌心附在他小腹上，道：“紫瞳想给朕怀几个？”孟唐不语。一个太少，两个正好，给朕一对龙凤胎好不好？楚艺双眸灼热的盯着他，像是盯紧了猎物的猛兽。孟唐声音沙哑，说了句：“随你。”楚意翻身上床，拉着他的手臂抱住他，托起他柔软的身子往怀里按，真随我，假随我，就是得让朕发狠了、啊。 你才会怪？他恶狠狠道：“紫潼，紫潼，今日之事只此一次，以后再不准犯，知不知道？”强势的帝王绝不容许有人欺骗他，哪怕是皇后也不行。四更天，楚艺抱着梦堂洗漱清理完，他一夜未睡，却满脸春风得意。楚艺没叫人进来伺候，自己穿好了衣服。他此刻心底的气也消了。仔细想想，他确实没有亲口说过那香囊是他绣的，是他太着急。他反思了一番，发出一声轻笑，掌心轻轻抚了抚他的面颊，说了句：“朕不怪你了。” 楚艺的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然而能让他这般的，也只有孟唐。换做旁人，胆敢欺骗玩弄他，早被拖下去砍了。楚艺腰间碧绿的玉佩一晃一晃，他瞧见桌上那只绣好了的小孔雀香囊。萧红云还未醒，所以那只香囊还没送出去。孟唐本打算等萧红云醒了，亲手给他送过去。楚艺拿起那只香囊，随即挂在了腰间，回首看了孟唐一眼。他想，不想给也得给，这香囊他的了。孟唐整个人都是他的，更何况一个香囊。楚艺往外走。 腰间的玉佩和香囊上坠着的玉珠相撞，发出很轻的“叮”的一声，悦耳极了。楚一纯矫情着浅笑，走出寝殿时，李长福看到楚一的脸色，知晓陛下这是气消了。他笑着说道：“陛下可要再睡会，这会天还没亮呢。”楚一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不必，回御书房，朕还有公务未处理完。是”是陛下。李长福提着灯走在前面，不禁感慨：夫妻吵架，果然床头吵，床为和。瞧陛下这样子，先前明明那般愤怒，这一夜都没过呢，不仅气消了。 脸上还笑开了花。孟棠醒得早，浑身都在疼，他一阵咬牙切齿，心想着等这波惨卖完，楚艺若是不给他多涨几个好感，他高低要多赏楚艺几个巴掌。孟唐疼得全身上下都在抖，孟唐颤抖着手打开柜子，从药罐里拿了一粒闭子药出来，服下。他一张小脸煞白，屋内屋外不见方宁，想来应当是还没醒。昨夜方宁和坤宁宫众人守夜守太迟，这会坤宁宫里静悄悄的。孟唐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忍着痛往外走去。铺垫了这么久，成败在此一举，能仗几点？ 就看楚艺还剩多少良心了。虽然孟唐觉得他良心都被狗吃了，但此刻他还是无比希望能多给他剩一点。等这次过后，以后再想利用楚艺的愧疚来刷好感，几乎不可能了。方宁这一觉，他急急忙忙起身，穿好衣往外走，连妆都没来得及上。方宁问宫中婢女太监：“娘娘可醒了？身边可有人伺候着？娘娘她没事吧？”小太监说：“寝殿没动静，奴才估摸着娘娘还在睡呢，没人敢进去打扰。昨夜发生了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每回侍寝后。” 娘娘都会格外累，睡得格外沉，因此没有人敢进屋瞧。方宁蹙了蹙眉，道：“这么久了还没醒？娘娘以前就算事情太累，也会恪守成规，早早起身。”她心中觉得讶异，上前试探着轻轻敲了敲寝殿的门，道：“娘娘，娘娘，您醒了吗？奴婢让小厨房做了早膳，奴婢给您端进去。”屋中没人应，方宁不知怎的，心里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。她道：“娘娘恕罪，方宁没经过您的允许，擅自进来了。”她推开屋门。 端着早膳走进屋，屋内窗户紧闭，暗沉沉的，屋中更是空无一人。方宁脸色一变，急忙上前掀开被子，被子里凉了。娘娘离开了寝殿，去了哪？方宁心脏突突直跳，不好的预感成了真。她走出屋，说道：“快，快去找娘娘！娘娘不在寝殿内。”你们竟然一早上都没人怀疑，混账东西，还不赶紧去找！婢女、太监们都吓坏了。皇后失踪可是大事，若是皇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那这满坤宁宫人的脑袋是别想要了。 方宁也想去找他，想了想，还是先去了御书房。楚艺正在御书房和几个大臣商讨京中布防。先前的锦衣卫指挥使沈方明死了后，也没有合适的人选能够顶上。朝堂上太缺新面孔，屋中几个大臣各怀心思，忍不住将跟自己的人推上位。楚艺将其中的暗潮看了个清楚，他放下手上的折子，说道：“都快晌午了，爱卿们要留下与朕一同用膳吗？”他们哪里敢，连忙推辞道：“陈家中妻女正在等着，便不叨扰陛下了。”其他几位也纷纷借口告辞，待到朝臣们离开。 厨艺起身，他想着昨晚做太狠，也不知这回孟堂起身没有，打算去瞧瞧。恰逢此刻，方宁赶了过来。方宁及时来报，李长福不敢拦他。方宁跪在地上，惊慌失措道：“陛下，出事了，娘娘不见了。奴婢带人找遍了整个坤宁宫，娘娘不在坤宁宫，不知道去了哪儿。”厨艺听此，脸色也跟着一变，他厉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方宁红着眼眶说：“还请陛下赶紧派人去找娘娘吧。”厨艺走到他跟前，道。 连个好好的人儿都看不住，朕要你们有何用？皇后那么大个人，说不见就不见了。呵，他脚下生风，片刻也不敢耽误，赶忙往外走，边走边道：“李长福，去吩咐宫中所有在职侍卫，全力搜索皇后的下落，找到人者，朕重重有赏。”是，陛下。他昨晚任他予取予求，那么乖，几乎没有反抗。他本以为他心中的气已经消了，想起他昨晚流着泪窝在他怀里的模样，楚意一阵咬牙。孟棠没走远。 他坐在御花园锦鲤池旁的石头上，手上抓着一捧鱼食，池中锦鲤向他这方汇聚。听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，孟棠忽然觉得做一尾鱼，兴许,许要比做人快乐得多，无忧无虑。七秒能记住什么？不远处的侍卫发现了他，他没理。楚仪收到消息后，应该很快就能来了吧？在孟棠穿来之前，原主曾投过一次湖，现下他亦要再投一次湖。楚仪赶到时，便看到这般宁静的一幅画面，他安静地坐在石头上喂鱼，很美。他刚要出声唤他，只见孟棠起身。 忽地将手上的鱼食全扔了，随即张开双臂往池中倒去。楚艺眸子微微瞪大，叫道：“唐儿，不，唐儿！”孟唐身子往湖底坠，他勉强睁开双眼，看到楚艺往这方赶来，随后毫不犹豫也跟着跳了下来。孟唐见此，特地多呛了几口水，肺部火烧火,火燎般的难受。楚艺抓到了他的手，他疯狂咳嗽挣扎了起来。溺水的人会下意识将救人者也拖入水底，可楚艺力气大，楚艺不怕，他死死顾着他的腰肢，拽着他往上游。哗啦一声。 楚艺抱着他浮出水面，他伸手拍了拍小脸，唤道：“唐儿，唐儿。”孟唐睁眼，迷迷糊糊间看到那好感进度条涨了七十、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四，最后停留在了七十四。看来利用愧疚值刷到七十四已是极限，他放心的晕了过去。楚艺抱着孟唐上岸。孟晕接到坤宁宫的消息，正好赶了过来，脸色难看。他看着脸色惨白的孟棠，看着晕倒在楚艺怀里的那具孱弱躯体，什么君臣，什么九五之尊，他都不顾了。 他铁青着一张脸，冲过去揪着楚艺的衣领，劈头骂道：“你对我妹子做了什么？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？你这个畜生！”楚艺张了张嘴，不语。湿漉漉的发丝垂到他身前，水珠子不停的往下滴。那张平日里骄傲的脸，此刻不知所措，极了。孟晕这个骄傲的八尺汉子，头一回流了泪。他攥紧拳头，那拳头离楚艺只有一寸之遥时停下了。他狠狠的砸在一旁的柳树上，枝叶哗啦哗啦,啦响。他语气里带着哽咽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他上次投湖是在什么时候吗？”哼。 我妹子七年前与那方晚意是青梅竹马，得知被你一纸圣旨赐婚后，绝望投湖。她第一次投湖，又何尝不是被你所害？楚艺并不知晓这些，而当时的他，即便知晓孟棠有了意中人，也依旧会这样做。楚艺身上衣服都湿了，脸上也带着些许茫然。他抱着怀中人，他不重，却叫他心情沉重。孟晕声音沙哑，一个女人在有多绝望的情况下才会投湖，两次投湖皆是拜你所赐。他捂着头蹲下了身子，发出困兽般的嘶吼。 陛下，放过她吧。她本只该是个普通女娃，被父亲、被我捧在手心上宠着，一生无忧。她不该承受这些。一国之母的责任太重了，她的肩头担不下。陛下，您后宫美人如云，亦有堪当皇后重任者。倘儿她真的、真的已经到极限了，孟晕要么不流泪，这头一回流泪，双眼便给哭肿了，是真的心疼了。天知道，在琳琅来报信说皇后娘娘不见了时，她内心有多惶恐害怕。陛下，求您将她交给臣。孟晕起身，朝他伸出手，双眼里满是坚定。 自从孟唐入宫后，他便一直没有保护好他。他在不知不觉间早已伤痕累累。如果他当初坚定一点、勇敢一点，违抗皇命，死也不让唐儿进宫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？昔日那方晚意虽然不是个良配，却是个好拿捏的。若是做了对不起唐儿的事，他一顿拳头便砸下去了。可面对楚意，他不能。一家老小的命皆系在他身上，他不能为了一时的爽利失去理智。楚意听到这话，将怀中人抱紧了些，他露出了狼崽子才有的凶恶眼神来，来说道：“孟清，他生是朕的人。” 死也要跟着朕入皇陵。孟云身子一僵，用乌沉沉的目光与楚意对视。陛下，七年前的事，七年后重演一遍。你以为这都是因为谁？你既然保护不了她，给不了她想要的幸福，就该将她交还给我们孟家。在父亲和我这里，她永远都能做快乐的小女孩，不需要为任何事情烦忧，而不是殚精竭虑、步步为营，所做一切都是为了皇帝恩宠。才二十一岁便已经知晓了深宫险恶、人心复杂。楚意与他无话可说。孟唐身体要紧。 他不想在这里和孟晕多说废话，他抱着人往前清宫走，一边走一边吩咐宣太医，让太医院的太医都过来。孟晕攥了攥拳头，沉着脸跟上去。寝殿内，厨艺站在一旁，他好害怕。看到孟唐头狐的那一瞬，他心脏险些跳出胸腔。他怎么会寻死呢？他怎么能寻死呢？他眸中带着偏执的红，双眼死死的盯着他。他不允，他不允他到他看不见的地方去。唐世德擦了擦头上的汗，说道：“陛下放心，娘娘只是呛了水，如今水已经全吐出来了。” 无碍了，等娘娘醒来就好。唐世德说完，一言难尽地看着他，他欲言又止。厨意见他这样，不耐道：“还有什么话便说。”唐世德叹了口气，道、哦：“陛下不是和您说过吗？娘娘郁结在心，您不可以刺激她。这次娘娘投湖被您发现了，下次呢？一个人若想了结自己的生命，法子多得是，防不胜防啊！哎，朕，朕，楚艺想到他昨夜乖顺侍寝的模样，他一度以为他消气了，接受了他，是他想错了，想差了。他只是隐忍不发，他心底还在恨着他。” 唐世德磕了个头，说道：“陛下切记，娘娘想做什么，便依着她，莫要再刺激她了。娘娘心里郁气难消，长此以往下去，就算娘娘没有自尽，这身子也吃不消。”朕知道了。楚艺声音很闷，是微臣多言了。他瞥了眼床上人，摇了摇头，拎着药箱退下了。楚艺坐在床边上，他手背轻抚过他脸颊，轻声道：“朕以后不强迫你了，再也不强迫你了，好不好？”孟晕攥着拳头问：“微臣能问一句，陛下和唐儿之间到底怎么回事？唐儿如今这样？” 我们孟家人有权知晓真相吧？朕昨夜逼迫他侍寝了。楚意难难道？他抓着孟唐的小手，陷入了回忆。昨夜荒唐一晚，他也快活逍遥了一晚。可那仅仅是他的快活，不是孟唐的。他不快乐，他一点也不快乐。他甚至难受到要去投湖。孟云听见这话，深吸了几口气。他怕他不逼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会忍不住对楚意动手。陛下，唐儿大病初愈，您怎能如此？楚意闭上眼，伸手捂住双眸，说：“朕是被气疯了，气糊涂了。此事你不要再管了。” 糖，塔尔我会照顾好他，她如何能不管？看不到孟糖醒来，他就不能安心。孟糖这一觉昏昏沉沉的，他脑袋里不停的浮现出前世的记忆。糖糖，这周六妈妈休息，妈妈带你去游乐园玩好不好？糖糖，这件裙子是妈妈刚才路过高定店的时候看见的，糖糖白穿起来肯定很好看。爸爸明天有个临时会议，抱歉了，糖糖不能去给你开家长会了。别哭，奶奶不是不要你了，奶奶只是去了其他星球。糖糖要一直把奶奶放在心上，这样奶奶就能感受到糖糖的思念了。 一会又闪现出身体原主的记忆。方婉意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说你要与谁定亲？方婉意面容模糊不清，但他的声音却透过黑暗传来：“我父亲打算给王家下聘了，让我娶王家女。你即将入宫，成为陛下的女人，我怎么敢？怎么敢？”孟唐身体微微颤抖着，他道：“你带我走啊，我们可以去朔北。我父亲大哥向来宠我，只要去了朔北，就算是陛下也不可能拿我们如何。”方婉意道：“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了？” 父兄，父兄，整日里和我说你的父兄，是我确实不如你父兄好。你是孟家的掌上明珠，本就不该配我这样的人家。现在皇帝欲娶你为后，那可是皇后，你不高兴吗？你不高兴吗？万人之上的皇后。他看到原主缓缓走进湖中，湖水没过他的脚踝、腰肢、脖梗。他绝望的声音在他耳边徘徊：来世宁做农家妇，也不要成这高门显贵之女。糖糖，妈妈今晚做了你最喜欢的菜，什么时候回家？回家，回家。 他想回家。孟唐猛地睁开双眼，他一眼就看到了床边站着的人，楚艺和孟晕。方才梦里的一切历历在目，挑动着他的神经和情绪。他好想回家，再不回家，他都快忘记爸爸妈妈的样子了。可他得冷静下来，分析目前的情势。他脑子转得快，强压下内心的酸楚，哭着朝孟晕伸出了手。孟晕连忙过来接住他。他语气里的酸楚是真绝望，也是真，就是因为太真，所以才更打动人。他哭着说道：“哥哥，哥哥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家了，想阿父了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阿父了。” 孟晕将他抱在怀中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安抚着他说：“好，唐儿，我们回家，哥哥带你回家。”孟唐用带着哭腔的语气问我：“还有资格回家吗？我还能回家吗？哥哥，哥哥，我心里好难受，我好怕连阿父和你也不要我了。我是申公夫，是陛下的人，真的可以回家吗？”孟晕一边哄他，一边回过头望向楚艺，他道：“陛下没忘记方才您说过什么吧？”楚艺站在原地，眼里像进了沙子，眼眶红得很。朕没忘他说过，不会再强迫他，事事都会依着他。 陛下，唐儿想回家了。孟晕直视他，楚艺面容肉眼可见的焦躁了起来。他道：“她是皇后，怎可离开皇宫？”孟晕，你莫要太过放肆。你先前所做的一切，朕都能不与你计较，但唯独这不行。陛下，不是臣要带他回家，是唐儿他自己说想回家。陛下，您说过的，不会再强迫他。可楚艺哑口无言。孟晕低下头，拍了拍孟唐的背，道：“唐儿，你稍稍等我会儿，我出去和陛下说两句话。你放心，今日哥哥会带你回家的。” 孟唐咬着唇，双目通红的点了点头。孟晕起身道：“陛下，我们出去说。”楚艺与他一前一后，一道出了寝殿的门。孟晕说：“唐儿这段时日不能再留在宫内了。”楚艺背着手，他道：“你在责怪朕？我只是为了唐儿的身体着想，陛下。先前唐儿被沈方明劫持时，您选择了萧妃，这是他郁结在心的起因。随后他又得知您赏赐给他的补药是闭子药，这加重了他的病情。您在明知他内心郁结的状况下，还强迫了他，致使他心生死念。”楚艺一阵无言。 因为孟晕说的都是事实，臣以为您和唐儿如今不适合再在一起，不管对您来说还是对唐儿来说都不好。唐儿病重，想来陛下也不忍见他香消玉殒。你们该给彼此一段冷静的时间了。这段时间就由臣带唐儿回孟家，臣和臣父会好好开解唐儿，届时会还陛下一个完好无损的唐儿。孟晕半桂鱼的，他说：“请陛下恩准，你真能还朕一个完好无损的皇后？”楚意问孟晕道：“臣能。”楚意想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事，确实，不管是他还是他。 都该冷静一段时间了。楚意长叹一声，他伸手攥住孟云的手臂，道：“那朕便将朕的皇后交于你了，半月为期。半月后，你要还朕一个完好无损的唐儿。”孟云听见这话，脸上露出了笑意。他抱了抱拳，道：“臣明白，陛下放心，臣和臣父定会疏通唐儿的心结。”楚意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必多礼。孟云赶紧起身往寝殿内走去。他看着躺在床上的人儿，心疼极了。孟云上前道：“唐儿，走，咱们回家。” 孟棠眸子微微瞪大了些，问道：“真能回家？这次是真惊讶了，因为他从没想过狗皇帝能够真的放人。不愧是七十四的好感度，楚依总算有点良心了。活了七年，也就见证了这么一次。”孟云笑着说道：“你哥哥我是谁？说了要带你回家，便必然会带你回家。快起身，我让婢女服侍你。”孟棠说：“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”孟棠接过婢女递来的外衣，随手穿上。他起身站在孟云面前，眼里也沾了些笑意。不用待在皇宫，就当是给自己放一段时间的假了。 何乐而不为呢？入宫七年，整日殚精竭虑，没有放松过一天。如今得了空，他脸上的笑意也真诚了些。楚意一进来，便瞧见他正对着孟云笑。这段时日，他几乎不笑了，还是头一回见他笑得这般灿烂。可惜却不是对他。也许让他回孟家，真的能治愈心结。这样也好。孟堂倏地抬头，对上了楚意的视线，当场表演了一个笑容消失术。孟堂对着楚意这张死人脸，已经面对了整整七年。他眸子微暗，怯怯地抓住孟云的手臂，问：“陛下。” 陛下能允吗？说完，眸光一点一点暗淡了下来。楚意走过来，说道：“朕允了。”他瞥了眼孟晕，问孟青：“可否先出去？朕有两句话想单独和唐儿说。”孟晕点了点头。孟晕离开后，孟唐坐在床边上，双手用力攥紧，内心的紧张一看便知。楚一大手覆在他手背上，说道：“别怕。”可等他说完，他明显感觉到他的身子更僵硬了。孟唐抿了抿唇：“唐儿，回孟家这段时日，照顾好自己。朕半月后会上孟府接你。” 楚艺长长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是糊涂了，也许分开一段时间，于你于我而言都好。唐儿，若是遇到什么危难，便派人来宫中报信，知道吗？”孟唐不语。说好的只说两句话呢？楚意继续道：“朕好舍不得你，朕昨夜伤害了你，是朕不该，朕与你道歉。”他伸手轻轻将他拢入怀中，道：“可以想到接下来半个月都见不着你，朕心里变闷得很。唐儿，你也抱我一下，好不好？”先前冷落他三个月，也没见他有多想。孟唐一阵无言。 不过看在这半个月假期的份上，孟唐还是伸手很轻的回报了一下。楚一眠露喜色，孟唐故作小心的问道：“我能与大哥回家了吗？”“好好回去吧，一路小心。”走的时候，城镇的御驾离开，坐的舒服些。孟唐瞥了眼他，起身朝外走去，去唤孟晕。楚一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升起些许不舍来。十五日太长，他等不了。等忙完政务得空了，他便私底下去孟家，偷偷看他两眼，总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被人欺负，有没有好好吃饭，病养的怎么样了。李长福教、楚一叫道。 陛下，奴才在李长福低眉顺眼的跪在地上去，派人去孟府外盯着。皇后若是有什么事，立即禀告楚一主妇道是，陛下。楚一走出宫殿，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看着孟棠与孟晕一同离去，两人身影渐行渐远。楚一一阵失神，这是他进宫七年来第一次离开他身边，他心里闷得慌，空落落的，总感觉上面缺了个口，无边的空虚感涌了上来。孟棠搭着孟晕的手，踏上马车。孟晕瞥了他一眼，此刻他面上的伤心不见了，脸色恢复如常。 瞧着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了，可孟晕却担心了，怕他心里憋着火，藏着委屈，不肯叫人看出来。孟晕抓住他的小手，道：“唐儿，你若伤心难受，尽管与哥哥说，在哥哥面前哭出来，哥哥为你做主。”孟唐一怔，他眉眼一弯，笑颜温柔，他道：“哥哥能回家，我很高兴，真的。”孟晕见他笑，更担忧了。他发生这么多的事，如何能笑得出来？一切都是在故作坚强，为了叫他叫阿福放心罢了。孟晕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今夜让阿父亲手下厨。” 很久没吃过阿父做的菜了吧，唐二，走，咱们回家了。此次带孟唐出宫，若孟唐无意再入皇宫，他定是要带他走的。带他，带着阿父，带着孟家剩余家丁，天大地大，回朔北，十万大军能为他们建起一道坚实的城墙。等等，哥哥，去一下玉华宫。孟唐眉眼间露出些许怅然来，他道：“红云为了我跪了三日，一双腿都废了，寒气入体，至今都未醒。我自觉对不住他，走之前，我想去看看他，好吗？”孟云自是什么都允他。 他想起上次见萧红云时的模样，那样明艳娇俏的一个人，如今却四四方方的宫墙困住的，又何止是孟唐？好，哥哥陪你一起去。到了玉华宫宫门前，孟唐走下马车，孟晕叫住了他。他道：“唐儿，帮我将这个送给萧妃娘娘。”孟唐用不解的目光看向他。孟晕道：“先前萧妃娘娘见我受伤，赠我金疮药，晕当还礼。此药用了后，能舒筋活络，驱寒祛湿。”孟唐接过，他道：“她被萧家养成了娇气的性子。” 人却是好的，哥哥放心，这样我会替你送去。只是哥哥，他犹豫了会。嗯，孟云与他对视，目光坦坦荡荡。见他这般坦荡，孟棠便将话咽进了肚子。他想劝孟云离妃平远一点。他一个外男，如今皇帝正愁抓不到孟家的错处。现下看来，他哥心里应该有数。他笑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没什么，我进去了。哥哥在车里等我会儿。”好。孟棠走进玉华宫，玉华宫的太监婢女站在门前迎接他。采薇说道：“皇后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如今呀。” 人人都嫌咱们玉华宫晦气，怕沾上了这儿的病气，也就只有娘娘您会来了。孟堂皱了皱眉，问：“这才过了几日？这段时日下边的奴才怠慢玉华宫了？”采薇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萧妃娘娘是被陛下所罚才会如此，下边人都恨不得都避着玉华宫走呢。今日奴婢去太医院给娘娘抓药，还遭了好一番刁难。”孟堂听此心生不悦，他道：“若下次还这样，你就找李长福、李公公告状，就说是本宫的命令。我与李长福有恩，你与他说。” 他不会亏待了你们玉华宫的。采薇眼眶红了，她说：“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。”孟堂一边往屋内走，一边问：“红云醒来过没？”采薇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两日娘娘一直昏迷，说着胡话。”孟堂跨过剑，进了屋。屋中一股药味，这味道于他而言也不难闻，早就闻惯了。孟堂快步走来，坐到他床边上，看着他清瘦的小脸，心里颇为难受。他轻轻叫了一声：“红云。”采薇站在一旁抹泪。孟堂想起什么一般。 他解下随身带着的平安扣，这平安扣是进宫前阿父给的，他戴了七年，也保佑了他七年。孟唐将平安扣塞入萧红云手心里，他说：“先前本绣了一只小孔雀，与你很是相称，本打算送给你，却被那混账东西给拿走了。这平安扣保佑了我七年，现下我送你，希望他也能保佑你快些好起来。等回去了，我会给你绣一只更好的小孔雀。你要快点好起来。”采薇听到这话，忍不住动容，她说：“皇后娘娘，您的心意，咱们娘娘她一定会知道的。一开始，皇后受辱，萧红云想帮她。” 采薇还是有些不服气的，觉得自家娘娘太天真，容易被人骗。皇后一看便不是好相与的。可如今，如今她再不能那么想了。这满宫上下，只怕只有皇后娘娘还惦念着他们主子了。孟棠轻声说：“他先前说要带我去看雁南塞外的雪，没想到他自个倒是先病了。”孟棠忍不住笑了，道：“等有空，我也带你去看朔北的戈壁，好不好？”虽然他自己也没看过，他听他阿父和哥哥说起过，戈壁有戈壁的好，大漠苍烟定然也极美。这话刚落，萧红云手指很轻的动了一下。 孟唐察觉到了，他眼底缓缓绽放出惊喜的光，轻声唤道：“红云，红云。”萧红云缓缓睁开眼，她嘴唇动了动，孟唐连忙端起一旁的茶盏，递到她嘴边上，说道：“喝一些，喝一些。”萧红云喝了水，嗓子舒服些了，她张口：“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您您没事吧？有事的明明是她，她却在醒来后第一时间问他，这个傻子。”孟唐眼里也浮了一层水光，她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无事，你可还好？” 萧红云想起身，孟棠连忙扶着他，叫他靠在软垫上。他也冲着他很虚弱的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也无事，腿也不疼了，哪里是不疼了，分明钻心的疼。”可他不想叫皇后娘娘担心，皇后娘娘，这这是你家中人给的吧？怎可给我萧红云看着手上的平安扣，孟棠握紧他的手，道：“给你了就是给你了，以后我把你当阿妹疼，行不行？”萧红云忍不住笑了。其实我今日来是为了辞行的，我要回孟家住一段时间。萧红云惊讶道：“陛下能允？” 他允了，萧红云目露艳羡，说道：“真好，红云，若遇上任何事，就派人递话到孟府，知道吗？”孟棠有些担心，他不在的这段时日，小傻子又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？娘娘，您就别管臣妾了，臣妾能有什么事啊？倒是娘娘您，这段时间回家好好歇歇，多看看外边的风景，对身体好。您啊，凤体安康最要紧。孟棠揉了揉他的头，他终于想起什么了，从怀里掏出那瓶药，放萧红云掌心里，道：“对了，这是我大哥差我送给你的。”萧红云微怔，孟棠道。 我哥哥听说你腿受伤了，这样能舒筋活络，与你伤势有益，记得用。萧红云攥着这瓶药，唇角微微上扬，他眸中都沾上了几分连自己也不曾察觉的喜色，说：“替我谢谢孟百户，谢什么谢？你先前也帮了他，便当扯平了。再者，以你我姐妹情分，我哥就是你哥。”萧红云湿了眼眶，孟堂见此，忙道：“别哭，别哭呀，怎么一醒来就掉金豆子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了你呢。快别哭了，我只是，只是。” 萧红云入宫不足半年，却已经充分感受了一把人情冷暖。先前她仗着家中军功做天做的，到头来对她好的也只有一个她从家里带进宫的采薇，还有皇后娘娘。她好委屈，先前二十年加起来都没入宫，这半年受的委屈多。这就是皇宫人心残酷，天界恩宠就是一切。萧红云哇的一声，趴在孟堂怀里嚎啕大哭了起来。她一边哭一边说：“皇后娘娘，我其实腿好疼。陛下他真的好无情，他对我一点也不好，每次过来都只是为了让我给他跳那老使子的舞。” 每回跳完，我第二天都双腿酸痛的起不来身。他还总是罚我，给我灌让我心口痛的药，对我冷言冷语，罚我下跪，罚我掌嘴，当着下人的面辱我。孟唐不禁想到，萧红云一个千娇万宠长大的千金大小姐，在宫里却受了这辈子都没受过的委屈。而尽管如此，她依旧没有被这皇宫玷污，没有与那些钻于星际蝇营狗苟之辈同流合污。她真的很好。孟唐拍了拍她的背，鼻头发酸，说道：“委屈你了，我会想办法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想逃离这皇宫的，不仅仅只有她。”孟堂这句承诺千斤重。 他决定了的事，便会一路走到底，哪怕灯下一片漆黑。萧红云这般发泄一通，心里好受多了。他鼻尖红红的，吸了吸鼻子，说道：“让娘娘您见笑了，这些话，这些委屈，她憋在心里好久好久了，一直得不到发泄，如今大哭一通，反倒整个人都舒畅了。”红云，我得走了。他说：“娘娘，我去送送您。”孟唐顾忌着他身子，不让送，可萧红云却执拗的要送。他让采薇搀扶着他，一路将孟唐送到玉华宫门口。孟云挑开马车门帘。 下来接人，萧红云自然也看见他了。萧红云抿了抿唇，随即冲着他露出一道浅浅的笑，说道：“多谢孟百户的药，本宫会每日按时用的。”孟云道：“娘娘不必如此，娘娘为了唐儿遭受此番大罪，孟某心里过意不去。”萧红云摇了摇头，她道：“本宫这腿上的伤与皇后娘娘无关，是陛下罚的我，与皇后娘娘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娘娘莫要再送了，好生休息。”说完，孟云搀着孟唐上马车。孟唐瞥了眼他，又回过头瞧了眼失神的萧红云，眸光微微一转。 走吧，待到马车离去，采薇道：“娘娘莫要看了，咱们回去吧。您的身子不能吹风呀。”萧红云回过神，他轻轻点了点头，出了宫门。孟堂长长舒了口气，他感觉连天空都亮堂了许多。孟堂发出一声轻笑，随即他笑意逐渐扩大。他闭上眼，说：“哥，我自由了。尽管这自由于他而言只有十五日，已经足够了，是他这七年来难得的快乐时光。”孟云撇过头，盯着他瞧。此刻听到这话，心酸极了。于寻常女人而言， 这等自由日日都可享受到，而于他的堂儿来说，却是用七年痛苦换来的。孟晕心疼极了，忍不住摸了摸孟唐的发丝，说：“若堂儿愿意，这自由的味道以后日日都能体会到。”孟唐知晓他话里的意思，他如那挣脱了笼子的小鸟，可他迟早还是要飞回去的。他想家，更想现代那个家。他眸光微暗，对孟晕说道：“能回家十五日，陪伴哥哥和阿父，我已心满意足，再不敢奢求其他。”孟晕却忽地抓住他的手，道：“你可以的，你可以奢求更多的，只要你说。” 我和父亲会倾尽全力。孟唐拍了拍他的手背，哥哥莫要做傻事。孟晕心酸极了，他还是如此的懂事，他宁愿他任性一些。他想要什么，他和父亲都是给他罢了。唐儿，今天是回家的好日子，哥哥记得你喜欢吃唐记的糖包、春燕楼的奶饺包、姜氏客栈的炒栗子，一会哥哥都去给你买。其实孟唐是没有吃过这些的，他也好奇，便道好。马车驶进了集市，街道上人来人往。先前楚玉说要带他游街，后来因为受伤耽搁了。 久而久之，楚意姑摸着就忘记这事了。孟唐来到这个世界后，还没游过街呢。人来人往的街市，在他看来都很是新奇。马车停在了春燕楼门前，孟晕进去买奶脚包了。孟唐便坐在车内等，等久了太无聊，孟唐便掀开车帘走了出来，想下去瞧瞧。那驾车的马夫是宫中的侍卫，见此道：“夫人使不得，下面人多，鱼龙混杂，莫要伤了您的凤体。”孟唐不语，跳下马车，侍卫紧张的也跟着下了车。我只随便看看，他说想起楚义先前的命令，若是娘娘出事。 死的可就是他。孟唐新奇的看着一切，这皆是白日里，当真热闹极了，人山人海。孟唐睁大了眼，眼里带着亮闪闪的光。春宴楼里，一醉鬼提着酒壶，醉醺醺的走了出来。他瞧见站在门口的孟唐，打量了好几眼。过了会，他脸上忽的浮现出轻浮的笑，走了过去，说：“这是哪家的小娘子呀？怎么没见过？金钟镜还有这等角色？”